银行贷款需要夫妻两人共同签字，想钱想疯了的王顺子一次又一次的哀求，在他的软磨硬泡下，李青莲终于是同意了。王顺子在银行贷款十五万，喜气洋洋的开了第二家店。正当他准备大展宏图时，市场行情忽然就不行了，别说赚钱，王顺子差点没把裤衩子赔掉。无奈之下，新开的店铺只好转让，可关键是清仓处理的钱只有五万，不够还银行的。银行催了三次，最后一次时警告王顺子。 如果他再不还钱，将会向法院提起诉讼。王顺子贷款时是拿自家房子抵押的，等官司打完，他的房子就要被依法拍卖了。王顺子急啊，哪怕是去卖血，也不能把房子给丢了。可现在医疗市场监管严格，他想卖血都找不到地方。正当王顺子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他在手机上看到一个贷款的广告，无需抵押，只要身份证号，当日就能放贷。王顺子其实也知道，网络贷款是个坑。 可人在快要溺死的时候，见到漂浮物会下意识的去抓，哪还顾得上是不是带刺的金条？十万贷款当天到账，王顺子开开心心的还上了银行的贷款，保住了自己的房子。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才是噩梦的开始。网贷的还款日期到了，王顺子当然没有钱归还，他挂断了催款电话，然后手机关机，铁了心不还。他本以为万事大吉，没想到从第二天起，他的老婆、父母、岳父母、亲戚朋友。 一个接一个接到网贷公司打去的电话，而且一个号码拉黑，很快就会有第二个号码打来，搞的是天怒人怨。面对亲戚朋友们的指责，王顺子扛不住了。为了还钱，他只能变卖自己的第一家店。谁曾想还钱时才发现，当初贷的十万块已经变成了十三万，再晚几天就要变成十五万。走投无路的王顺子只好去找人借钱，可谁还不知道他欠了网贷，哪敢借他？最后，在一位老客户的介绍下，王顺子认识了一个喜欢乐于助人的孙哥。 这个孙哥同意借钱给王顺子应急，但是这钱不能白借，月利三毛，半年之内必须结清。王顺子只想着平息网贷公司的电话，硬着头皮答应了。月利三毛是什么概念？一块钱一个月给三毛的利息。王顺子借了三万，下个月就得还三万九千，妥妥的高利贷。最可怕的是利滚利，两个月还钱，三万本金就变成了五万零七百；三个月还钱就得还六万五千九。于是，在还了网贷后， 王顺子拼命想办法挣钱，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王顺子辛苦攒够钱的时候，儿子生了一场大病。没办法，救命要紧。王顺子终究还是没能按时还上高利贷，这一耽误，事情麻烦了。随着时间的增加，他欠的钱飞速上涨。眨眼间，半年时间过去了，原本三万的本金已经增加到了十四万四。孙哥的小弟来催债，放高利贷的或多或少都有带黑的性质，可不会像网贷公司打几个电话那么温柔。六个年轻的小混混。 当着王顺子老婆孩子的面，把他暴揍一顿，还放言：如果下周王顺子再不还钱，就砍掉他一根手指。王顺子内心绝望，他实在想不到填堵这个窟窿的办法，想着偷偷把房子卖了，带着老婆孩子远走他乡。李青莲不愿意走，他忽然想到三年前自己父亲因为厄运缠身，曾经到茶馆买过阴物。此后父亲不仅厄运全无，原本不太好的身体也逐渐硬朗起来，特别神奇。于是他想来碰碰运气，连夜带着丈夫赶了过来。李青莲讲完了。 我也听懂了。我问他：“你是想买能让自己发财的鹦鹉？”一旁原本非常安静的王顺子忽然激动的说道：“要能立马发财的那种。”看着近似癫狂的王顺子，我下意识的皱起了眉头。这个人在一轮又一轮的借贷还贷中，已经变得有些神经质。林老板跟我说过，最好不要把鹦鹉卖给这样的人，否则很容易出事情。李青莲用充满希望的眼神看着我和林小璐。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的话，他们一家三口只能选择远走他乡。我拿不定主意。 把林小璐拉到了一旁，小璐姐，要把鹦鹉卖给他们吗？林小璐思索了片刻，你去地下室把聚宝盆和大德通当票取来。聚宝盆是我第一次进地下室，林老板向我举例说明的那件鹦鹉，而大德通当票我却没怎么有印象。我去了地下室，一个货架一个货架的去找，最终在房间的角落里找到了大德通当票。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何对这件鹦鹉没有印象了。大德通当票陈列在桃木打造的货架上。 而桃木货架上陈列的阴物都属于凶险的鬼气。林老板从未让我接触过。回到茶馆大厅，王顺子盯着我手中的两件阴物，眼睛里是藏不住的贪婪。我对他们夫妻两人介绍道：“这个叫聚宝盆，把它放到你们家的东北方，每天上三炷香，你们家的财运就会增长。”李青莲刚想开口，却被王顺子抢先道：“多久能让我们发财？不知道。我实话实说，这聚宝盆只能增加你们的财运，至于多久能赚到钱。” 能赚到多少，还要看你们自己的本事。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聚宝盆给一个努力谋生的人，他本就勤劳，生效自然快；可给一个每天好吃懒什么都不干的人，懒汉，就算是把财神爷请来也没用。有一个非常贴切的笑话：有人每日虔诚的供奉财神爷，请求财神爷保佑他买彩票中五百万。他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财神爷上香请愿，十年来从不间断。可五百万大奖一直与他无缘，这人最终忍受不住。 质问财神爷：“是他还不够虔诚吗？为什么还不让他中五百万大奖？”财神爷听后忍不住现身，留下一句话：“你倒是买张彩票啊！”王顺子听后难掩失望的表情。他们下周就要砍了我的手指头，来不及啊！李青莲哀求着问我：“有没有起效快的？”我看向放在桌子上的大德通当票，心中犹豫，直觉告诉我这东西不该卖给王顺子。我用求救的眼神看向林小璐，林小璐板起脸开了口。 有是有，但得付出一些代价。他把大德通当票推到王顺子的面前，轻轻地敲了敲桌子。听说过大德通吗？王顺子一脸迷茫，反倒是李青莲是知道的。我听一些老人聊天时说起过，大德通是旧社会最大的票行。林小璐嗯了一声。没错，大德通是清朝光绪年间建立的票号，后来发展为清朝乃至民国前期全国最大的票号。我听后若有所思。所谓票号，可以简单理解为现代的银行。 大德通票号相当于今天全国最大的银行。林小璐继续解说，大德通除了做票号生意外，还做当铺生意，因为他实力雄厚，不管你当什么，只要是属于你的东西，只要有价值，大德通都接受。而我手中的这张当票，就是大德通开出的当票。王顺子激动地打断了林小璐的话：“什么都能当？对，什么都能当。”王顺子从手腕上脱下一个手表：“这个行不行？这是我爹年轻时买的手表。” 在当时还挺贵的。林小璐去柜台取了根针，让王顺子把自己的拇指扎破。王顺子照做，针轻轻一扎，鲜红的血就冒了出来。把血抹在你要当的东西上，然后在当票上按个指印。王顺子将信将疑的把血抹在表盘上，然后在大德通当票上按下了自己的指纹。我紧盯着当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阴鹉中的鬼气发挥效果。之前我所接触的阴鹉不管是桃花瓮还是刑天府，都属于没有副作用的魂器。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当票上鲜红的手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淡化，与此同时，手表上的血迹也在逐渐淡化。不过三五秒钟的时间，当票和手表上都见不到一丝血色。我瞪大眼睛，我看到刚刚还在走的指针，在血迹消失的刹那停了下来。王顺子也发现了，他拿起自己的手表，满是不可思议。坏掉了。林小璐提醒他，这手表被你当给了大德通，已经不属于你了。 王顺子起身拍打全身口袋，钱呢？钱在哪？就在这时，王顺子的手机响了，他掏出手机按下了接通键。很快，他的表情变得非常古怪。等通话结束，李青莲担忧地问：“谁打来的？”我以前的客户。王顺子掐了一下自己的脸，大概是在确认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他说给别人转账，不知怎么糊里糊涂的转到了我这里。王顺子急忙检查自己的账户，果真多了一笔钱。 我看到他非常迅速的把刚刚打来的号码给拉黑了。林小璐问他：“知道怎么用了吗？”王顺子使劲点头，激动的脸皮都在颤动。一块拿去表行没人收的破手表，当了两千块钱。这当票能救我的命！李青莲也是高兴的握住自己丈夫的手：“太好了，太好了，咱总算能还清债务了。顺子，你答应我，还完了债，咱要好好过日子，再也不能胡乱借钱了。”王顺子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好。” 咱安安稳稳过日子，以后我一定会让你们娘俩幸福。两人激动了半天，才想起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李青莲有些窘迫地问林小璐：“这当票多少钱？我们现在一穷二白的，可能买不起。”林小璐笑着说：“你也算是回头客了，给你算便宜一些。这张当票租给你们一个月，算三万块钱。先打个欠条，回头还完了债，先把当票送回来。欠茶馆的钱，等手头宽裕了还上就行。我们跟高利贷不一样，不收你们利息。” 李青莲千恩万谢，就差没给我们跪下了。他给我们留了联系方式，说等债还清了，第一时间就把当票送回来。王顺子收下了当票，正准备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他的儿子奶声奶气地问：“爸爸，我们家里的东西全都卖掉了，拿什么当呢？”我看到王顺子夫妻两人的表情都变得很僵硬，细问之下才知道，之前为了还债，两人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房子里只剩下一张床了。床是能当，可又能当多少钱呢？王顺子一咬牙。 冲动地喊道：“咱家变成这样，全都怪我贪心。孙哥不是要砍我一根手指头吗？我就当一根手指还给他。”他发了狠，用牙咬破了自己的右手拇指，先是在左手小指上抹上了血，又在大德通当票上摁下了手印。李青莲吓得大喊大叫：“你疯了吗？”然而手印摁下，一切都无法阻止了。我们所有人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当票和王顺子小指上的血迹慢慢消散。李青莲吓坏了。 不停地查看着王顺子的左手小指，他使劲掐了几下，不停地询问：“有感觉吗？还有感觉吗？”王顺子大概也后悔自己冲动了，额头上不停冒汗。有感觉，还能动。等了大概有十分钟，王顺子的手指并没有像他的手表那样直接坏掉，但跟林老板学了很久的我，心里非常清楚，王顺子这根手指怕是保不住了。我看向林小璐，她微微摇了摇头，印证了我的猜测。 两口子在茶馆里多待了半小时，确认王顺子的手指没事后，两人才再次起身离开。王顺子走在前，李青莲和孩子走在后面。就在王顺子踏出茶馆的时候，门外街道上传来急促的刹车声，砰！我看到一辆小轿车刹停在茶馆门口，而原本站在那个位置上的王顺子不见了踪影。老公！李青莲尖叫着跑了出去，我心中一咯噔，急忙跟了上去。跑出茶馆，我才发现。 王顺子被车撞出两三米远，他身上没什么血，唯独左手少了一根手指，正是他当给大德通的小指。王顺子捂着自己的左手，不停哀嚎，叫声凄惨。附近商户打了急救电话，没多一会儿，救护车和警察都赶了过来。王顺子进了医院，而满身酒气的肇事司机则是被警察给带走了。等到街道重新恢复平静，我才回过神来，怪不得林老板迟迟不交给我鬼气的相关知识，这效果实在是太霸道，太恐怖了。我问林小璐。 把大德通当票租给王顺子，真的对吗？林小璐没有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而是反问我一句话：“不卖给他，他这根手指就能保住了吗？”我愣了许久，没能做出回答。没有大德通当票，王顺子就还不上钱，放高利贷的孙哥肯定不会放过他，一定会砍掉他的手指抵债，甚至做出凶恶的行为。卖掉房子，远走他乡？我不认为王顺子能下定决心离开熟悉的家乡，他连孩子的上学问题都解决不了。 何谈重新生活？林小璐语重心长道：“阴物的好坏，不能单纯的用魂器和鬼器来区分，关键还是要看使用者。桃花问和刑天府都是魂器，可若是使用者心思不正，一个能拆散人的姻缘，一个能打散人的魂魄，你说这与鬼器有什么区别？老爹之所以还没教你鬼器的使用方法，无非是怕你意志还不够坚定，忍受不住诱惑，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来。我被林小璐说服了，若王顺子还完债，就把当票还回来。” 那他还有机会恢复以前的平静生活，可他真的能抵住诱惑吗？林小璐猜到了我的忧虑，笑着拍了一下我的脑门：“笨，王顺子或许会鬼迷心窍，但他老婆不会啊。告诉你个秘密，姐姐我最大的本事就是看人很准，绝不会出错。”我对林小璐这句话将信将疑，只当是他为了安慰我故意这么说的。接下来的二十天时间，茶馆再次恢复到门可罗雀的状态。我每天除了看林老板给的笔记，剩余的时间都用来学习。 林小璐教完了我小学课程后，我开始自读初中文化知识。数理化没老师教导，我看不懂，但语文、历史等科目是能学会的。我尤其痴迷历史，既然下定决心跟着林老板干，多学些历史典故，对理解衣物的由来和用途有很大的帮助。租出大德通当票的第二十一天，天上飘起了细细的雪花，茶馆外寒风呼啸。为了取暖，我把大门反锁，找了张靠床的座位，读起了刚买不久的《史记》。正读的痴迷，一张脸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把我吓得一个机灵，小鹿姐，你走路没声的吗？吓死我了！林小路揪住我的耳朵，使劲拉长。外面有人敲了五分钟的门了，我在楼上都听到了，咚，咚，咚，果然有敲门声。我很是尴尬，我读书读的太过忘我了。我起身去开门，门后是两张熟悉的人脸，李青莲和他的儿子。两人身上都沾了不少雪花，小男孩已经冻得瑟瑟发抖了。我很是愧疚。 请二人进来，给两人倒了热水。李青莲从包里掏出三叠钱，看厚度应该是一叠一万。两位，这是租衣物的钱，你们点一点。我问道：“你们的债已经还清了？”李青莲点了点头：“都还清了。”我见李青莲迟迟,迟迟没有其他的动作，直接问了出来：“当票呢？姐，我们当初说好的是租，不是卖。李青莲脸上露出愧疚的表情：“对不起，当票不在我身上。” 我没法还给你们，我有些不悦，以为李青莲是不想归还当票，故意找借口呢。但他下一句让让我明白是自己冤枉他了。我和王顺子离婚了，分家时他把当票抢走了。李青莲的语气很是冷漠，没有一丝悲伤，好像和王顺子离婚并不是多么值得伤心的一件事。这让我很是疑惑。记得上次见面时，即便是王顺子欠了一屁股债，他也没骂过王顺子一句，更别说提起离婚了。他看向王顺子那充满爱意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在短短二十天内改变了心意？李青莲告诉我们，那天离开茶馆后，那个酒驾把王顺子撞断手指的司机赔了二十万。王顺子用这笔钱还了高利贷债务，结清后，李青莲想要把当票早早还回来。他觉得这阴物实在是太诡异了。医院明明及时给王顺子接了手指，几乎完美的手术，却依旧没能保住他的手指。可王顺子坚决不还，他说当票能够改变他的命运，然后他就陷入了癫狂之中。 但凡是能换钱的东西，统统都被他当掉了。再后来，意见不合的两人大吵一顿，李青莲选择了离婚，王顺子抢走了大德通当票，从此没了消息。李青莲带着孩子离开后，林小璐咬牙切齿的对我说：“王顺子把自己的爱情给当掉了。”我万分惊讶，爱情这种无法非物质的东西也能当吗？林小璐说可以，她当初防着王顺子乱来，没有教给他当掉感情的方法。 没想到王顺子竟然无师自通，自己琢磨了出来。林小璐很是懊恼，他看人的确没错。李青莲扛住了当票的诱惑，也会劝阻王顺子不要私藏当票，可他没想到王顺子这么决绝，直接当掉了两人的爱情，离了婚，李青莲就没办法管他了。小璐姐，现在怎么办？林小璐毫不犹豫的回答道：“找到王顺子，把当票要回来。”我看他把一双小粉拳捏得咔咔响，一副要打人的模样。我也很生气，可光生气也没用。 因为找不到人，刚刚李青莲说了，王顺子把房子留给了他，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他也不知道王顺子如今在哪。我思前想后，借了林小璐的手机，打通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哈气连篇：“喂，这里是柯南侦探所，我是私人侦探卢新一。”我联系上了卢新一，问他找人在不在他的业务范围。卢新一回答得很痛快：“只要钱到位，就是修马桶、通下水道，他也接。”我让他来茶馆一趟，让林小璐找出二十多天前的监控录像。 我指着屏幕上对卢星一道：“就是他，叫王顺子，能不能找到？”卢星一给我打了包票，三日之内必有结果。当然，他收费不便宜，找到人后我要给他整整一万块。要不是之前跟阿公做法事刚好赚了一万块，我还真没底气请他帮忙。至于我欠他的三万块钱，这不是还没到还债的时间吗？事实证明，卢星一是个有本事的人。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带着一个人赶到了茶馆。他一进门就大声喊着。 张邪，出来结钱。我疑惑着看着他带来的人，是一个满脸忧愁的中年男人。我问卢新一这是怎么回事，他带来的人可不是王顺子。卢新一笑着说：“我大侦探办事，你放一百个心，这人知道王顺子在哪。”林小璐听到楼下的动静，赶了下来，一起听卢新一解释。他带来的中年男人姓唐，是一家公司的老总。最近他遇到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唐老板做的生意在安德市是独一家。 因为没有竞争对手，所以一直做得红红火火。可就在一周前，安德士忽然新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经营的商品与他一模一样，成为了唐老板的直接竞争者。唐老板起初不在意，这么挣钱的买卖，早晚会被其他人盯上。他早就做好了应对的策略，那就是降价。他经营这么多年，家底雄厚，只要把价格降到对手觉得没利润可赚的程度，对手自然会放弃。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碰上了一个硬茬子，不管自己怎么降价。 对方总比自己低十块钱，降到最后，唐老板已经是在赔本卖了。对方竟然还在降，一副不把他搞垮绝不罢休的架势。听到这，我有些奇怪。这种压低价格打垮对手，从而掌控市场，再重新提价获取利润的商业手段，早就见怪不怪了。比如这些年新兴的外卖和打车行业都是这么干的。唐老板哭丧着脸，真要是有大企业与我竞争，我早就认输了，哪能坚持到现在，把前面赚的养老钱都赔进去的道理？第一次降价钱，我就打听好了。 对手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年轻人，听说不久前还欠着高利贷呢，也不知道这小子哪来的这么多钱，难不成抢劫了银行？我和林小璐对视一眼，年轻人不久前欠着高利贷，这说的不就是王顺子吗？卢新一洋,洋洋得意地说道：“我找人的效率高吧，唐老板知道王顺子的公司在哪，你们跟着他去，保准能找到人。”说完，他伸出了手：“张老板，结账吧。”我如约给了卢新一一万块钱。 他喜气洋洋地跟我说：“下次有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临走前还提醒我：“还债的日子快到了，千万别忘了。”送走卢新一后，我关了茶馆的大门，和林小璐一起跟着唐老板去了王顺子的公司。来到安德市最大的写字楼下，唐老板指着大厅张贴的指示牌说：“就是这个顺利贸易公司，你们自己去找吧，我就不上去了。他们的保安特别凶，上次我来谈判差点被打。”我很是震惊，如果只是牌没出错，整个写字楼的十六层都被王顺子包了下来。 这里的租金可不便宜，他怎么变得这么有钱了？我听林小璐哼了一声，找死！林小璐气冲冲地拉着我去了十六层王顺子的公司门口，坐着两个正在嗑瓜子的保安。这两人上晚的袖口露有纹身，相貌凶神恶煞，一看就不好惹。我硬着头皮走上去，我找王顺子。保安眼皮都不抬一下，继续嗑瓜子。你们有预约吗？打电话让王总秘书出来接你们。没预约，你去跟王顺子说。 白小生茶馆的伙计找他，两个保安扔掉了手中的瓜子，同时站了起来。他们盯着我，眼神不怀好意。你是白小生茶馆的？两人从身后腰带上抽出橡胶棍，一前一后把我围了起来。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王总可是特意叮嘱过我们，碰到自称白小生茶馆的人，一定要打到他不敢再来为止。另一人语气中带着一丝兴奋。王总说，打一次奖励三千块钱。小子。 别怪我们哥俩心狠，我心里紧张，从小到大我就没打过一次架，这两个保安五大三粗的，我肯定不是对手。我悄悄往后移动了一步，离着林小璐近了些。我的想法很简单，真要打起来，我至少要保护林小璐不受伤害。正当我准备喊林小璐快跑时，一声惨叫从我身后响起，紧接着又传来重物落地的声音。我下意识的向后看去，只见林小璐扭着保安的手腕，把将他摔在地上。这保安估计被摔得不轻，一边呻吟。 一边捂着自己的腰，在地上扭来扭去，跟个大肉虫似的。林小璐松开手，走到第二个保安面前，只瞪了一下眼，这保安吓得把手中的橡皮棍都扔了。大姐，小弟我有眼不识泰山，王总办公室在最里面，您请，您请。他一边说着，一边往旁边躲，生怕自己也躺在地上。我和林小璐顺利进了门。我万万没想到，林小璐不但打鬼厉害，打人也厉害。我小声问她：“小璐姐，你练过武？” 林小璐反问我：“想学？”我使劲点了点头。这么厉害的功夫，哪个男孩子能顶得住诱惑？想学，等大姐回来，让她教你。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林小璐还有个姐姐，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人。听林小璐的语气，似乎还挺崇拜她的。公司里的员工都在为了生计忙碌着，谁也没抬头看我和林小璐一眼。我们两人顺利的走到董事长办公室，我正想敲门，林小璐却是一脚踹了上去，“砰！”一声巨响。 门开了，门框的碎片撒了一地，门内传来了尖叫声。片刻之后，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跑了出去。我和林小璐走进了办公室，王顺子正在慌乱的穿衣服，脸上还有没擦掉的口红印。林小璐讽刺道：“王顺子，你挺会玩啊，刚扔了老婆孩子，就跟别的女人勾搭上了，还是自己的职员，害不害臊？”王顺子恼羞成怒，对着门外大喊：“保安，保安呐，我把办公室的门完全打开，对王顺子挑衅道。 你声音可以再大些，最好让你的员工都听到。王顺子的脸一下就绿了，已经有好奇的员工往屋内瞧了。毕竟刚刚秘书半裸着跑出去，傻子也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保安迟迟没来，王顺子大概已经猜到是怎么一回事了，哀求道：“两位，我现在好歹是公司老总，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咱把门关上，有事好好说。”我差点被王顺子气笑，他让保安见我们一顿打一顿，不许我们见他，现在又要和我们好好说话了。我走到王顺子身前。 拉着他的手臂，准备把他拖到门外游街，让他的员工好好看一看自己的老板的丑态。没曾想，我还没怎么用力，王顺子身形一个踉跄，趴在了我的脚下。直到此时，我才发现王顺子的左腿膝盖以下用的是一只。我惊住了。之前王顺子在茶馆门口出车祸，只伤到了手指，他的腿怎么没的？我不禁打了个冷战。王顺子现在变得这么有钱，该不会是把自己的腿给当了吧？我咬牙切齿道。 你对自己够狠啊！林小璐开了口：“一条腿可当不了这么多钱。”林小璐言下之意，王顺子现在这么有钱，是因为当掉了自己的爱情。大德通当票是等价交换的，李青莲那么爱他，这份爱情很值钱。被我们说出真相，王顺子的脸憋得通红。林小璐走过来，一脚踩在他另一只腿上，把当票交出来，否则你这条腿也别想要了。林小璐语气泛冷，她面若冰霜。 与平日里俏皮可爱的模样大相径庭，我毫无理由的相信，他真的会说到做到。王顺子被林小璐的模样吓坏了，腿打起了哆嗦。当当票我放没带在身上，明天明天我亲自去茶馆还好不好？王顺子身上没有阴雾的气息，他没有撒谎，当票的确不在他身上。我问林小璐要不要跟他回家去取。林小璐收回了脚，恶狠狠地威胁王顺子：明天中午之前把当票还回茶馆。 否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王顺子急忙答应下来：“一定，一定！”我和林小璐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我忧心忡忡的问林小璐：“小璐姐，你就不怕王顺子拿着当票跑了吗？”林小璐一点都不担心，自信满满。她视财如命，这公司她投了这么多钱，怎可能舍得放弃？再说了，就算他跑到天涯海角，姐姐也有手段把他找回来。这话我有点不信。林小璐要是有这本事，我还花钱请卢新一找人做什么？ 林小璐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脸色大变。我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正准备询问，却听林小璐尖叫一声：“糟了，游戏的活动时间到了！”说完，她一溜烟的跑掉了，速度快的我追都追不上。我嘴角抽搐。对于林小璐这个宅女来说，天大的事也不如游戏重要。第二天，我早早的来到来茶馆，结果一直等到太阳升到头顶，也没等到王顺子，他又食言了。林小璐嘀咕了一句：“不长记性。”拉着我出门。 再一次来到了王顺子的公司，门口只剩下一个保安。他看到林小璐，立马让开，一脸讪笑。和昨天一样，我和林小璐推门而进。奇怪的是，昨日忙碌的公司，今天一个人影也没见到。小璐姐，王顺子不会真跑路了吧？林小璐有些奇怪，跑路了还留保安看大门做什么？我下意识的回头去看门口的保安，却透过玻璃门看到保安正在悄悄的锁门。他见我发现了他，急忙加快手中的动作，门一锁，他扭头就跑。 糟了！我冲到门前，使劲推门，厚重的玻璃门纹丝不动。就在我心神慌乱之际，一个浑厚的男声传入耳中：“两位，里面请。”我循声看去，只见王顺子的办公室门口站着一个中年男人，他留着半脸长须，穿着白色的练功服，像极了清晨在广场上练太极拳的大叔。可不知为何，盯着他看时，我的眼睛隐隐发烫，身上却泛起阴冷的感觉。直觉告诉我，这个男人很不一般。 张贤，过来。我回到林小璐身边，他压低声音对我说：“待在我身边，别离太远。”这是我在林小璐脸上第一次看到紧张的表情。小璐姐，他是什么人？碰到同行了。林小璐眼神暗含怒火。这个王顺子身怀阴物，还敢找阴人保护自己，胆子可真是够肥的。他这是招贼进家，活腻歪了。阴人这个词，我是第二次听到，是和林老板一样，能与鬼魂打交道的奇人。林老板叮嘱过我。 身为阴商，要和气生财，尽量不要与其他阴人发生冲突，因为阴人之间的斗争往往你死我活，一不小心就会丧命。后路被封，我和林小璐只能直面面对忽然出现的阴人。我们再一次走进了王顺子的办公室，昨天被林小璐一脚踹碎的屋门依旧保持原状。身穿练功服的中年男人做了请的动作，示意我们二人坐下聊天。林小璐直截了当的说道：“有什么话你直说。”中年男人从办公桌后取出一个箱子。 走到我们面前，打了开来。这是三十万现金，王总希望你们把大德通当票卖给他。林小璐眼皮不眨，直接无视了箱子里的钱。你让王顺子自己来跟我说。中年男子慢慢合上了箱子，语气阴森。这么说来，你们是不打算给王总面子了？林小璐直截了当的问他。想霸占当票的，恐怕是你吧？王顺子一个普通人，手里拿着价值连城的阴物，被你盯上了，还能活命？ 听到林小璐的话，中年男人呵呵笑了一声，笑声阴森。不愧是林玄的女儿，果然心思聪慧。大德通当票这种逆天的阴物，岂能是普通人能够染指的？我才是他最好的归宿。林小璐眉毛挑了起来：“你知道我是谁，还敢找我的麻烦？”中年男人不以为然：“既然对上的是同行，当然要先把你们的底细打听好了。林玄不在这里，你一个黄毛丫头有什么好怕的？”说到这，他反问林小璐：“我知道你是谁。”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林小璐脸色变得很不好看。我听明白了，对方不是在炫耀自己的身份，而是摆了一个道理：就算他今天没得手，不知道他身份的我们根本无从报复。中年男人拍了拍手中的箱子，三十万，只要你们收了，我就放过你们。林小璐啐了一口，做梦！他向前大跨一步，直接冲了上去。我看到他伸手抓住了对方的手腕，准备像昨日对付保安那样，直接来个过肩摔，把对方摔在地上。 就在这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中年男人的身体忽然变得轻飘飘的，林小璐单手就给举了起来。并非是林小璐的力气大的惊人，而是他手中抓的人变成了一个纸人，就是那种祭祀用的纸扎人。林小璐也惊了一下，说出了一个名字：“纸扎匠。”中年男人的声音从办公室外传来：“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小丫头，今天你们两个谁也别想活着回去！”我和林小璐冲出办公室，只见大厅中的窗户无风自动。 纷纷关上，哗啦，一个个窗帘落下，原本明亮的大厅变得极为昏暗。紧接着，四周办公桌下钻出一个又一个的纸人，这是祭祀用的那种纸人，竹骨纸皮，身上花花绿绿的，还涂了不少金粉。这些纸人制作精美，有的穿着唐装汉服，有的西装革履，他们的相貌画的逼真，在昏暗的环境下，除了走路腿不打弯，几乎与真人无异。林小璐提醒我：“咱遇到厉害的阴人了，张贤，你待在这别动。” 让我来对付！不等纸人围上来，林小璐率先发难。她撸起袖子，露出系在手腕上的一串小铃铛。林小璐晃了晃手腕，小铃铛发出叮铃铃的清脆响声。纸人的身形停顿了一下，被林小璐直接撕去了半边身子。林小璐像极了电视剧里的武林高手。纸人的数量虽多，但在她的腾转挪移下，连他的衣袖都沾不到。不到五分钟，所有的纸人都被林小璐给打趴在地上。林小璐拍了拍手，一脸轻松，还以为多厉害呢。 原来就这点本事，我正想拍两句马屁，眼睛微微发烫，我眨了眨眼，发现我和林小璐的附近有很多模糊的人影。有了之前的撞铃的经验，我立即判断出这些人影是鬼。我急忙提醒小璐姐：“周围有好多鬼。”林小璐把手腕上的铃铛放到眼前晃了晃，似乎也能看到鬼了，吓了一大跳。糟糕，这些纸人是用阴魂控制的。他话还没有说完，我看到周围的鬼钻进了地上的纸人。 原本被林小璐打碎的纸人重新粘在一起，变回崭新的模样。恢复如新的纸人重新围了上来。我焦急的问：“小璐姐，怎么办？”林小璐比我冷静，咱没带能驱鬼的法器，纠缠下去肯定是我们吃亏。我掩护你离开这里，你快先回茶馆取鹦物来帮我。这是个好主意，可我担心林小璐坚持不到我回来。林小璐拍了我一巴掌，自信满满的对我说：“姐姐厉害着呢，这些纸人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 倒是你自己要小心点。我用力点了点头，向林小璐保证：“我一定速去速回。”林小璐拉着我往前冲，她一脚踹飞挡路的纸人，带我冲到了进出公司的玻璃门前。玻璃门之前被保安锁住了，我推过两下，根本就推不动。林小璐松开我的手，顺手抄起一把椅子，用力的砸了上去。砰！玻璃门被直接砸破，碎玻璃洒了一地。可就是停步的这个空档，纸人再一次围了上来。张贤，快走！ 林小璐与纸人纠缠，给我创造离开的机会。我知道现在不能犹豫，一咬牙跑了出去。我乘坐电梯回到写字楼的一楼，却看到纸扎匠就在写字楼门口堵我，和他一起堵我的还有锁门的那个保安。或许是因为周围人来人往，纸扎匠没用纸人，他跟保安说了两句，随后保安冲我走了过来。那保安身材魁梧，我肯定不是对手。可我又不知道写字楼的其他的出口在何方，反身逃跑肯定会浪费很多时间。而现在。 时间就是林小璐的生命，我从心底里涌出一股子狠劲，不就是打架吗？只要能豁出命去，谁怕谁？我左右扫了两眼，看到了在墙壁上挂的消防箱，我大步走了过去，打开箱门，从里面拿出了灭火器。灭火器很沉，我抱着一端，跑着冲向拦路的保安。保安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样做，没能躲开，被灭火器底部顶在了胸口上，摔倒在地上。我二话不说，举起灭火器，用力往他小腿上一砸。 灭火器落地，与保安的惨叫声同时响起。我不知道这一下会不会把保安的腿砸断，反正一时半会儿他是休想站起来了。我越过保安，冲向写字楼的大门，捏着拳头想要跟纸扎匠打一架。如果能把纸扎匠制服，我就可以逼迫他收回纸人。可跑了两步，我忽然发现纸扎匠的身影不见了。顾不得思考他去了哪里，我冲出写字楼，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师傅开快点回茶馆。回到茶馆，我一头扎进地下室。 慌乱地寻找能够驱鬼的阴物，我找到了曾经用过的刑天府，准备离开时，我在装鬼器的架子上看到了一面锣。透过我的阴阳眼，我能清晰地看到，在满架子的阴物中，当属这面罗煞气最重。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了这面锣。架子上有林老板做的标签，上面写着五个字：笑石金刚锣。选好了阴物，我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茶馆，向着街口跑去，准备打车回去支援林小路。跑着跑着，我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茶馆离街口不算远，平日里跑两步就到。今天跑了半天都没到，我心中萌生一种不好的预感，急忙用刑天府对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这一拍，我眼前的场景大变，哪里还有什么街口？我身处一条无人的死胡同中，前面是死路。扭头往后看，有一个纸人正缓缓走来。看到向我逼近的纸人，我终于回过神来，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着了纸扎匠的道，被他引到了这里。纸扎匠没有现身，藏在暗处操纵纸人。纸人的模样非常怪异。 与之前我和林小璐在写字楼遇到的纸人有很大的不同，他有三个头，分别是老人、女人和孩子的面容。胡同狭窄，又是死胡同，我只能和纸人硬碰硬。有刑天府在手，我虽然紧张，但没有太害怕。纸人走得很慢，每走一步，身体都会晃动一下。他身上冒着浓浓的煞气，但凡他走的地面都会被煞气浸染。在我的阴阳眼的视野中，地面被染成了黑色。我手心冒汗，这是我第一次单独与阴人斗法。 没有林小璐的保护，我能不能赢？心中没有一点底气。漫长的等待后，纸人终于走到了我的面前。他伸出双手向我抓来。和他慢悠悠的走路方式不同，纸人抓人的动作很快。我一不小心被他抓了下胳膊，刺啦！我的衣袖被纸人撕了下去，裸露的胳膊上出现一道黑色的手印。我疼得龇牙咧嘴，不过手中的动作没有受影响。我用力挥动刑天斧砸向纸人的头，砰！纸人毕竟是纸做的。 即便里面有竹条做骨，也经不住斧头砸。纸人的三只头颅被我一斧头全部砸了下来，他的身子哐当一声倒在地上。我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谁知纸人散发的煞气不降反增，染黑了整条胡同。我脚下的地面冒着齐腰高的黑雾，雾中时不时钻出一两只鬼手，在空中胡乱的挥着。我的下半身在煞气中泡着，是钻进了冷库，冻得瑟瑟发抖。更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纸人被我用刑天斧砍下的三颗头颅。 从地上飘了起来，煞气凝聚在脖子的插口处，像是三条人面黑蛇。三个纸人头张开了嘴巴，露出用竹条削成的尖牙，还发出诡异的笑声：“嘿嘿嘿嘿，呵呵呵呵，嘻嘻嘻嘻,嘻。”老人、女人、儿童的笑声交织在一起，在胡同里不停回荡，钻入我的耳朵，犹如魔音贯耳，震得我脑子嗡嗡作响。三个纸人头一边笑着，一边向我飞来，我像打棒球一样，用刑天符把他们拍飞。 可这些纸人头不是用鬼魂操控的，而是煞气催动。就算我拍飞一百次，纸人头落地后重新吸收煞气，很快又怪笑着飞了上来。照这样下去，我得被活活累死。除非我能驱散满胡同的煞气。我忽然想到，林老板曾说过，我的阴阳眼就是靠煞气养成的，那他能不能吸收煞气呢？正想着，我感觉自己的眼睛变得滚烫，然后地面上的煞气迅速向我涌来，拼命地往我眼里钻。等我回过神来时， 胡同里干干净净，连地面都恢复了原本的颜色，瘆人的怪笑声不见了。刚刚还飞来飞去的纸人头掉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眼睛，阴阳眼竟然还有这种妙用。干掉纸人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出胡同。远处有一辆出租车正在驶来，我使劲招手，出租车司机看到了我，打了转向灯。正当我焦急地等待出租车靠近我时，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小子，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你显露重宝，要大难临头了！我循声一看，是个要饭的白发老头。这乞丐我看着面熟，不正是当初在商场外说李子会有血光之灾的老乞丐吗？这老头算命极准，他之前算出了我是天煞孤星，也算出了我的眼睛曾经是坏的，还算出了李子的灾难。换做平常，我肯定要好好问问他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可现在我是真的没有时间。出租车尚未停稳，我就迫不及待的上了车。司机师傅看我手里拿着一把斧头。 以为是抢劫的，差点没吓出心脏病来。我赶忙解释说这是木头做的工艺品，司机师傅这才放心发车。赶回写字楼时，已经距离我离开足足四十分钟了。我心急如焚，也不知道小璐姐怎么样了。进入写字楼时，有医护人员正抬着担架往外走，担架上躺着的正是之前被我用灭火器砸腿的保安。他看到我打了个机灵，差点从担架上掉下来。我没空管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十六楼，钻进破碎的玻璃门后。 我看到了依旧在和纸人战斗的林小璐。此时的林小璐与我离开时变得不一样了，他的眼神冷酷无情，头发已经有半数染成了白色，身上冒着刺骨的寒气，周围有不少办公桌结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霜。我心中暗道一声不好，这是林小璐犯病的征兆。林老板跟我解释过，林小璐犯病时会实力大增，但代价是寒霜入体，痛不欲生。此时林老板寻药还没回来，林小璐一旦犯病，就得和上次一样躺在白玉棺材里睡觉。 我心急如焚，举起刑天斧冲过去帮忙，可这里的纸人实在是太多了，还没等我砍翻第三个纸人，我就被推倒在地，刑天斧也被摔了出去。推到我的纸人坐在我的身上，双手掐住我的脖子，用力的掐。别看纸人没什么重量，可他的力气却是大的出奇，我立马就喘不上气来。林小璐看到了我，想要救我，可她被许多纸人挡路，一时半刻冲不上来。我挣扎了两下，挣扎不开，再这样下去，我就要被活活掐死了。危机时刻。 我想起了自己在茶馆地下室取到的第二件鹦物——笑尸金刚螺。来的时候，我把螺插在了后腰。我艰难地把它从身下取了出来，放在地上。没有螺锤，我只能攥紧拳头，用力地砸了下去。我因为大脑缺氧，眼前视线模糊。我隐约看到林小璐冲我摆手，随后我听到了她的喊声：“张贤，别敲！”我不知道林小璐为何要阻止我，但她阻止的太晚了，我已经收不回下落的拳头了。我的拳头落在螺面上。 发出震耳欲聋的锣声，枪<呛>！下一刻，我只觉脖子上的力气一松，口鼻瞬间通畅。我慢慢的缓过劲来，视线逐渐清晰。我震惊的发现，所有的纸人都倒下了，寄居在纸人中的鬼更是无影无踪，连一丝怨气都没有留下。小鹿姐，小鹿姐，我接连呼唤了两声，林小璐都没有回答。我慌了神，急忙起身去寻她。谁知道我刚站起来，只觉脚下一软，又倒在了地上。 不知道是不是刚刚缺氧的后遗症，我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别说站起来，爬都做不到。嗨嗨，是林小璐的咳嗽声。她从旁边的办公桌后站了起来，脚步踉跄。她走到我身边，一屁股坐在地上。她的头发已经变回黑色，眼神也不再那么冷酷，只是脸色煞白，嘴角还有血迹。我记得刚刚她与纸人战斗时没有负伤，难不成是因为我敲锣才让她变成了这样？林小璐又咳了两声，伸手拍了我一巴掌，没好气的说道。 臭小子，你想害死姐姐啊！林小璐这句话、啊、让我确信她的伤势是我造成的，让我很是愧疚。她与纸人缠斗了这么久都没事，结果被我害得吐血。林小璐扶我坐起来，安慰道：“你也不算帮到忙，再打下去我就要犯病了，到时候更难收场。”他扫视四周，周围一片狼藉。那纸扎匠也听到了锣声，应该是被吓跑了。你还有力气走吗？刚刚你敲锣的动静太大了，再不离开这里，被人看见不好解释。我尝试了两次。 站不起来，林小璐收了两件衣物，用肩膀抬着我的胳膊，带我离开了写字楼。我们两个在附近公园找了个长椅坐下休息。我问林小璐：“小璐姐，那笑尸金刚罗怎么这么厉害？”林小璐翻了个白眼：“废话，鬼气哪有不厉害的？”她挠了挠头，气恼的说：“等老爹回来，得让他赶紧带你认识认识鬼气，否则以后由着你乱来，早晚会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林小璐把罗拿出来，指着罗面问我。 知道他是谁吗？我仔细一看，罗的正面刻有一尊身材魁梧、仪容庄严的佛家罗汉，在罗汉身旁还趴着一只威武的小狮子。我摇了摇头，说不知道。林小璐打趣我：“历史书看的还是不够多啊，回去我给你买几本有关佛家起源的书籍，早晚用得上。”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解：“这是佛家十六罗汉中的第八罗汉，称号金刚子，他常常带着一只爱嬉笑打闹的小狮子。” 后世也称他为笑狮罗汉。林小璐告诉我，笑狮金刚罗是一件极其霸道的鬼器。当锣敲响时，在震天的锣声中，夹杂有佛经诵念之声，寻常阴魂恶鬼会瞬间烟消云散。若是遇到厉害的邪物，罗身上雕刻的小狮子还会跑出来，将其撕成碎片。林小璐心有余悸的说道：“幸好你没有修为，否则麻烦大了。”他叮嘱我，以后尽量别用这件阴物鬼器的副作用很大，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敲一次锣浑身无力。 敲两次掉半条命，敲三次怕是会一命呜呼。我记住了林小璐的话，但心中也生出一个疑问：对邪物才有效的消失金刚罗，为何会将他震伤？这话我问不出口，直觉告诉我这里面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林小璐大概也发觉自己说漏了嘴，我们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沉默起来。沉默让我倍感煎熬，于是我主动找了个话题，尴尬的气氛。小璐姐，你刚刚说我没有修为，修为是什么？林小璐起身走到一棵树下。 捡了根枯枝，交到我手中，捏碎它。我傻了眼，捏碎？林小璐似笑非笑的问我：“是不是做不到？”我点了点头。把枯枝掰碎很简单，可把它捏碎，来个能徒手拉动卡车的大力士，或许能够做到。林小璐把枯枝从我手中拿了回去。你看好。说着，他只用两根手指捏住枯枝，用力一捏，啪！枯枝炸裂，看得我目瞪口呆。 这就是传说中的武林高手吗？林小璐向我解释，许多古老的门派都有修身的法门，经过修炼之后，不仅身体强壮异于常人，甚至还能催动常人不敢想象的力量，比如操纵纸人围攻我们的纸扎匠就是这类人。好在纸扎匠只修阴术不修肉身，否则我可能真跑不回茶馆将阴物带回。我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林小璐，林小璐笑着问：“你想学？”我用力点头。我若是能变得像林小璐一样厉害，下次再遇到危险。 或许我就可以与他并肩作战，甚至让他藏在我的身后，酷酷的说一句“交给我吧”。林小璐嘿嘿一笑，说了一句让我垂头丧气的话：“不教你。”我追问为什么不教我，林小璐捏了捏我有些瘦弱的胳膊，一脸嫌弃：“你没天赋。”他看我没了精神，又安慰了两句：“好好跟着老爹学，没错的。他跟你一样没天赋，在阴行里还不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重新恢复了信心，更加迫切的想要成为林老板的徒弟。 休息了半个小时，我逐渐恢复了力气。林小璐起身，把双手骨节捏得咔咔作响。走，去找王顺子。我疑惑的问林小璐：“他知道王顺子在哪吗？”林小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罗盘，我定眼一看，之前我跟阿公做法事出岔子时，林老板曾用这件阴物帮过我们。既然是出租的阴物，当然得做些防盗的手段。跟着罗盘上的指针走，早晚能找到他。罗盘上有一根红色的指针，正在缓慢的左右摆动。我傻了眼。 问林小璐，既然他有这样的本事，之前干嘛不阻止我找卢星一帮忙？花了一万块钱呢，想想就心疼。笨，当然是老爹走之前交代过，在遇到麻烦事要你自己先想办法解决，这是对你的考验。你想当老爹的徒弟，这种考验以后还多着呢。我听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很是欣喜，这表明林老板的确对我动了收徒的想法。林小璐催促我：“快走吧，当票不能丢。”我跟林乐路打了辆车。 让司机一直按指针的方向开，最终车子停在了一片荒林前。下了车，林小璐说了声不好，王顺子恐怕已经死了。我想起第一次见纸扎匠时林小璐说的话：王顺子身怀阴物，被阴人盯上，早晚要死。走进荒林，在罗盘的指引下，我们很快就见到了王顺子。他刚死不久，身体还是温热的。他死得很惨，身上有被折磨过的痕迹，眼睛睁得极大。我问林小璐。 大德通当票是不是被纸扎匠给抢走了？林小璐摇头。罗盘指针寻的就是当票，应该还在王顺子的身上，你找找。我把王顺子全身翻了个遍，就差没把他给脱光了，结果什么都没找到。没有啊！林小璐想了想，指了指王顺子的屁股。我嘴角抽搐，不会吧？大德通当票太过贵重，我只能硬着头皮去找，结果还真被林小璐猜对了。我在王顺子不可描述的地方摸到了被塑料袋包裹的当票，想来王顺子也在提防着纸扎匠。 只是没想到纸扎匠找不到当票，会恼羞成怒杀死了他。当票找回来了，可王顺子的尸体怎么处理？司机师傅可是看着我们进了荒林。等王顺子的尸体被发现，警察早晚能查到我们头上。人虽然不是我们杀的，可到时候免不了折腾。我把这个担忧说给林小璐听，林小璐说不用担心，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时，我听到他喊了一声妈，只说了几句，林小璐就挂断了电话。他对我说不用担心了，会有人来解决的。随后。 他盯着我捏着当票的手，嫌弃地向后退了两步，离我远一点。回去记得把手洗十遍，否则别想和我同桌吃饭。大德通当票的事情结束了，我不知道林小璐那通电话起了什么效果。总之，警察没有找上门来，茶馆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在平静中隐藏着一丝小小的波澜。最近几天，我总觉得自己被人跟踪了，可每次有这种感觉时，四周都找不到可疑人员。我把这事说给林小璐听，林小璐还特意暗中跟了我几次，依旧是毫无发现。 他认为是我与纸扎匠打过一场后，精神太紧张了，放松几天就没事了。林老板这次出门比之前都长，转眼间都已经到了三月底。按照他之前告诉我，林小璐的病每三月犯一次的频率，时间已经快要到了。林小璐给林老板打过电话，只说快回来了，让我们好好看着茶馆，安心等。等到了四月的第一天，茶馆里久违的来了客人。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身穿西装，皮鞋锃亮，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不留一丝胡茬。 一进门，对方就递上来名片。“您就是林老板吧？”初次见面，我叫葛亮。被人认成林老板，我有些尴尬，急忙解释：“林老板出门了，我是店里的伙计。不过有什么事，跟我说也是一样的。”葛亮急忙道歉，很是有礼貌。客套两句后，我低头看向手中的名片。葛亮名片上写的头衔是“约翰整形美容医院主刀医生”。这家医院我听说过，是沪市一家很有名的整容医院，广告特别硬，不管是电视还是报纸。 都有这家医院的宣传，听说有不少爱美之人慕名而去。我问葛亮，他从护士赶来安德找林老板有什么事情？葛亮开了口：“我听说你们这里卖一些很神奇的东西，我就是想来问问，有没有那种能增加我医术水平的宝贝？”我直接告诉他：“艺术水平的高低，靠的是勤学苦练、努力钻研，想靠阴物走捷径，那是万万做不到的。没有人能凭借一件阴物成为名医。”葛亮急忙解释道：“您误会了，请听我解释。” 葛亮告诉我，他十八岁上大学就读外科专业学，二十二岁考上研究生，开始攻读整形外科学。毕业后，因为国内这方面的博士导师太少，又去了整容业最发达的南朝国读完了博士。回到家乡的他，很快就打响了名气。许多人坐着飞机来到安德，只为见葛亮一面，请他主刀为自己整容。说到这，葛亮从手机上找出几张照片递给我看。您看，这些都是我的客户。我翻了几张照片，着实被惊艳到了。 葛亮的客户绝大多数都是女人，他们经过葛亮的手术，完成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我甚至还从葛亮的手机中看到了一名最近大火的网红林小璐玩的游戏，就是他代言的。翻完照片，我更加不理解了。葛医生，你的水平已经这么厉害了，为什么还要寻求阴物增加自己的医术水平呢？葛亮叹了口气，将一张客户的照片方法问我：“您是否能看出她有整容的痕迹？”我点了点头，说实话，照片上的女人很漂亮。 走在大街上，回头率肯定很高。只不过，我能很清楚地看出他的下巴和鼻子是整过的，毕竟不是原装的部件，会给人一种违和感。葛亮叹了口气：“不管我医术多好，受限于整形科学的发展，现在还做不到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我有许多客户，虽然变得漂亮了，却经常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他们整容不要脸，好像他们整容犯了多大错一样。有几个客户甚至因此患上了抑郁症。您说，爱美有错吗？我觉得。” 爱美没有错，虽然以前有种说法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现代的人没必要那么迂腐。整容不会危害他人，不违反法律，有什么不对的？葛亮听后很是激动。要是人人都像您一样，我也就不会烦恼了。我听明白了，葛亮所求的是让他的整容手术看不出痕迹的阴物。葛亮满是期待的问我：“有吗？”说实话，还真有。我去楼上敲开了林小璐的门。 把葛亮的诉求说给他听，林小璐想了想，帮我拿了主意，卖呗，反正那件鹦物又没什么危害，不过价格得卖高一点。你的欠债是不是快到期了？我挠了挠头，差点把这茬给忘了，再有几天就到了向卢新一还钱的日子了。我让葛亮等会儿，然后去了地下室，取出一件衣物，我把鹦物放在桌面上，葛亮立马好奇地凑了上来。盒子里的鹦物模样很是奇特，整体是一个金属薄片，前细后粗，像极了猫咪的指甲。 这是编莲，我对葛亮高看一眼，他竟然认得此物。葛亮解释道：“我毕竟是学医的，对于古代医疗器械有些研究。这东西怕是要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吧？”我对葛亮讲解此因物，这的确是编莲，不过没有三千年的历史，是唐代一名叫方干的医生仿制的。先说编莲，这是我国最早的外科医疗器械，在《山海经》中曾有记载，古人会拿它割脓包，算是最早的外科手术了。编莲传到唐代。 被一名叫方丹的医生发扬光大。方丹非常擅长治疗兔唇等先天面容缺损疾病，算是最早的整容医生了。传闻他还将一名天生丑陋的女子整成了容貌出众的大美女，此女最终嫁入皇室，极为受宠。我指着盒中的边莲说道：“方干死后，这把仿制的边莲变成了阴物，有了另外一个名字，叫无面刀。此刀能改变人的容貌，且不留一丝痕迹，犹如天成。古代有些关于易容改面的传闻，其实都是这把刀所为。”葛亮将信将疑。 效果这么好吗？我笑着解答。效果好不好，关键还是要看你的技术。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使用者什么都不懂，无面刀效果再好也发挥不出来。不过葛医生技术这么好，应该不成问题。葛亮激动了起来：“这刀怎么卖？我要了！”我伸出三根手指：“一口价三百万，这是经我手出售价格最高的鹦物了。倒不是我狮子大开口，而是地下室货架上林老板留的底价就有两百八十万。” 我加价到三百万，一来是我还欠着钱，二来做好了葛亮砍价的准备。令我没想到的是，葛亮完全没有犹豫，直接答应了下来。好，我这就转账给你。很快，三百万到账了。葛亮开心的拿着无面刀离开了。我当天就把欠卢新一的钱还上，取回了欠条。还完钱回茶馆的路上，我还买了一个手机，最便宜的那种，只要一千块。虽然无面刀多卖了二十万，但这钱究竟该归我还是归林老板？ 我心里没底，不敢乱花。自被李子用“穷光蛋”三个字打击后，我对钱生出一种执念。我跟着林老板做事，除了报恩外，还想赚好多好多钱。未来若是再遇到令我心动的女孩，我不想因为钱的问题再让自己心生自卑。但执念归执念，生仙酒一事后，我牢记林老板的叮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在追求金钱的道路上迷失自我。办了手机卡，我把林老板、林小璐和卢新一的号码存进了手机。说来惭愧，偌大的安德市，我只熟悉他们三人。 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一切都很平静。或许真的是我之前太紧张了。最近一段时间被人跟踪的感觉没有再出现过。有了手机，没有客人的日子就好挨多了。我闲着没事可以刷刷新闻，还可以和林小璐联机打打游戏。如今已经是四月底了，林老板依旧没有回来。中间我和林小璐各他打过一次电话，林老板依旧说快了，但我能听出他的语气中有难以掩饰的疲惫。林小璐虽然还没有犯病，但她的发丝已经开始泛白。她告诉我，如果林老板五月还没回来， 他只能再去白玉棺材里睡觉，延缓发病的时间。好在没过两天，林老板主动联系我们，说他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再有三天就能回来。可偏偏就是这三天，出事了。那日早上，我在手机上刷到了一条新闻：最近一周时间内，护士接连出现了两起自杀案件，自杀的两人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女孩。新闻上还张贴出了两个女孩的照片，虽然眼睛打了马赛克，但依旧难掩两人的美丽容貌。新闻下有许多网友评论：“这么漂亮的女孩自杀，太可惜了。” 有什么想不开的，非要用死亡来解决？新闻最后说，警察已经参与了调查，初步调查两人都是网络主播。刚看到这条新闻时，我并未多想。结果下午，林小璐出门买饭回来后，带回一个用口罩、墨镜把面部遮得严严实实的年轻女孩。这女孩被人追着打，我看不惯，把那些家伙教训了一顿。我在心里为追打女孩的恶棍默哀。我敢肯定，以林小璐的脾气和身手，那些恶棍的下场一定很惨。或许是知道自己安全了。 女孩哇哇大哭起来，我拿了几张纸巾递给了她。女孩摘下墨镜擦泪，露出了自己的双眼。我呆住了，这女孩的两只眼睛，一只大的惊人，像是动漫里走出的人物，另一只却是特别小，眯起来只剩一条缝。这两只眼睛一对比，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丑。女孩看到我的表情变化，眼中露出害怕的情绪，然后哭得更伤心了。林小璐瞪了我一眼，我急忙道歉，说自己不是故意的，可我没想到。 自己的道歉反而让女孩更加崩溃，她声嘶力竭的大喊：“我以前不长这样的，我以前不长这样！”呜,呜呜呜！林小璐哄了好久，才让女孩停止哭泣。我没忍住好奇心，询问女孩：“你刚刚说的话什么意思？”女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从钱包的夹层中掏出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合影，一对年轻的情侣手挽着手，青涩纯真。眼前女孩的脸型轮廓和照片上女孩脸型轮廓很是相像，可照片上的女孩眼睛不一样。 大小匀称，笑起来弯弯的。我用手指指着照片上的女孩，不敢置信的问她：“这是你？”女孩用力点了点头：“是我。”林小璐不可思议的问：“那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刚刚追你的人又是谁？”或许是林小璐问到了女孩的伤心事，她再一次痛哭。我和林小璐没有打扰她，等她把伤心的情绪彻底发泄出来。十五分钟后，女孩向我们讲起了她的故事。女孩芳名小雅。 来自川省的一座小县城，她学习成绩不佳，没能考上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打了几年工，还交了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男朋友。在别人看来，小雅的生活有声有色，很是幸福。但小雅自己并不满意。近几年来，网络上忽然流行起了短视频，许多年轻人会上传一些自己的生活片段。小雅经常刷到一些妹子开着豪车，穿戴名牌，挽着富二代男友的短视频。这些视频真假难辨，但小雅却是越看越心态失衡。 她觉得自己长得也很好看，为什么就只能窝在小县城里，每个月领两三千块的工资，交着连房都买不起的男朋友呢？短视频刷的越多，小雅心中的欲望越是膨胀。一日，小雅的姐妹小美兴奋的打电话告诉她，自己在某个社交软件上勾搭上一个大城市的富二代，特别有钱的那种。最近，富二代因为有生意来到了她居住的小县城，约小美去酒吧玩。小美自己一个人不敢去，想喊着小雅陪自己。小雅本来想拒绝的，可小姐妹一句话。 打动了他的心，小雅，我跟你说，这次富二代还带了他的朋友来，肯定也是有钱人，多么好的机会啊！你得把握住啊！难道你真要嫁给那个买不起房的男朋友？小雅心动了，她在心里劝说自己，自己只是陪小美去玩，并没有其他想法。心中有顾虑的小雅又喊了另一个姐妹小丽。当晚，三姐妹精心打扮一番，找出自己最漂亮的衣服，走进了酒吧。而正是这一夜，拉开了三姐妹噩梦的序幕。小雅三姐妹刚刚来到酒吧。 就看到了停在显眼位置的两辆法拉利。小县城的姑娘们哪里见过真车，羡慕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小丽问小美：“这该不会是你约出来的富二代的座驾吧？”小美得意极了：“除了他还能有谁？大城市的富二代就是不一样。你看咱县里几个富二代开的都是什么路虎、宝马、奔驰，比法拉利差远了。”他还炫耀的翻出富二代的朋友圈，朋友圈里不是豪宅就是豪车。刚刚那辆法拉利也出场过好几次。富二代最近一条朋友圈。 配图是小县城最好的酒店，以三姐妹的收入住一晚，恐怕要花掉小半月的工资。配图上面有一行字：“出来本地，想要结交一下当地的朋友，欢迎来找我玩。”这条朋友圈的下面还有小美的回复：“帅哥，你看我行吗？”对方回复了他，留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也就是三姐妹面前的酒吧。进了酒吧，店里面可谓是热闹非凡。三姐妹很快就锁定了富二代，她跟朋友圈里晒的照片一模一样，衣着时尚，长得帅。 和他们平日里能接触到的男生完全不一样。富二代开了最贵的卡座，小雅以前打听过，那卡座要当晚满三万消费才给开。卡座上还有四个男性，除了一位小雅不认识外，其余三人是小县城很小有名气的公子哥，他们的父亲都是当地的企业家。小雅以前挺想认识这三人的，可他们和大城市来的富二代一比，显然低了一个档次。头一次见到真正富二代的小雅有些激动，可令她傻眼的是，卡座上除了五个男人外。 还有将近二十个年轻女孩正在开心的蹦迪，这些女孩个个长得好看。本来对自己容颜挺有信心的小雅，突然就不自信了。小雅质问小美：“感情搞了半天，人家富二代不是单独约的你啊？”小美脸面有些挂不住，耍赖似的说：“富二代都到家门口了，咱们得主动把握住机会啊！来都来了，我要去试试，你们愿走自己走。”小丽被小美说动了，一起走向卡座。小雅犹豫了一会儿，也跟了上去。进了卡座，小美主动跟富二代搭话。 富二代起初表现得很热情，还亲自给三姐妹端了酒。三姐妹落座不久，酒吧的经理就主动过来找富二代敬酒。富二代一高兴，开了几个礼炮助兴，让整个酒吧嗨翻了天。起初，富二代对这些应约而来的女孩子还挺上心，时不时的搭两句话，讲个笑话，惹得女孩们笑得花枝乱颤。可过了没多久，有两个更漂亮的女孩端着酒走了过来。小雅认识她们，她们是酒吧里的常客，小县城的名媛。人家不仅家里有钱，关键还长得漂亮。 这两个姑娘霸占了富二代和他的朋友，小雅三姐妹被冷落了。再看本地的三个公子哥，身边都有长得漂亮的姑娘。等散了场，三姐妹一分析，今晚应约来的姑娘恐怕是富二代调当地名媛的工具人，不是他们卖力的活跃气氛、吸引眼光。那两个名媛还真不一定会被富二代吸引到。不过三姐妹也没生气，开开心心玩了一晚上，光喝的酒就顶得上他们两个月的工资了。就算是当了工具人，也挺开心。回到家后。 小雅辗转反侧了一夜也没睡着，她一闭上眼就是酒吧里灯红酒绿的场景。她倒不是对富二代有什么想法，而是渴望过上刺激快乐的生活。她不想再继续过着上班打卡、为柴米油盐操心的生活。第二天，小美把小雅和小丽拉进了一个聊天群，说富二代又联系她了，夸奖她们三姐妹长得漂亮，要不要考虑去他名下的直播公司当主播，月薪一万起步。三姐妹都心动了，月薪一万，这是在小县城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半个月后。 他们三人都选择了辞职，前往繁华的护士。富二代没有骗他们，他的确开了一家网红公司，里面个个都是美女。有些美女做直播赚了大钱，随手一个包包都价值几万块。经过简单的培训，三姐妹上岗了。她们很快发现自己在普通人眼里算得上是漂亮妹子，可在直播这个行业差得太远了。就算是用了美颜摄像头，依旧比不上那些天生底子好的女孩。眼见试用期将到，业绩却无法达标，三姐妹急得团团转。 见识过大城市繁华的他们，再也不想回家乡过平凡的生活。这时，富二代找上了他们，给了他们一个建议：“不是不够漂亮吗？这是好解决，去整容。”一听到整容，三姐妹都很抗拒，因为整容脸很容易被看出来，会被人耻笑。富二代却说：“公司里最赚钱的女主播甜甜就是整过容的，你们谁看出她整容了、啊？”三姐妹都惊呆了，她们一直以为甜甜是天然美女，特别羡慕。富二代说。 他认识沪市鼎鼎有名整容医生，但凡他做过的脸，看不出一丝整容痕迹。听到这，我忽然想起买无面刀的人，打断了小雅：“你说的这个整容医生是不是叫葛亮？”小雅点了点头，眼睛又红了起来，她指着自己的脸哭泣道：“我之所以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就是葛亮害的。”我傻了眼，怎么会是他？林小璐拍了拍我的手，示意让我冷静一下，听小雅讲完。小雅继续往下讲：“要想让葛亮主刀。” 要付出比普通整容医生多三倍的价格，最少也得八十万。她们三姐妹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富二代说这好办，贷款整容不就行了？他认识一个放贷公司，利率合适，只要三姐妹搞直播大火，轻轻松松就能还上。三姐妹犹豫了几天，最后都答应了。她们贷了款，然后在富二代的介绍下，找葛亮做了整容手术。小雅从钱包里掏出第二张照片，照片上是三个漂亮女孩的合影。 三个女孩的脸蛋美得惊人，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些词汇形容，没有一丝不妥。毫无疑问，这是三姐妹整容后的面貌，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整容的痕迹。我非常确信，这是无面刀的效果。我的注意力没在小雅的脸上，而是死死的盯着她旁边的小美和小丽，越看越觉得面熟。我急忙掏出手机，找到今天看到的那条新闻，配图上两个自杀的女孩，与照片上的小美和小丽一模一样。看着小雅手中的照片。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该不会是我卖出去的阴物害死了人？林小璐看出我情绪有些不对，安慰道：“无面刀只是将他们变得美丽，他们的死不能怪你。”我追问小雅、小美和小丽为什么要自杀。小雅哭泣道：“他们是被活活逼死的。整容之后，三姐妹变得美若天仙，他们的直播事业也变得蒸蒸日上。可他们发现自己赚的钱大部分都被富二代老板通过之前签订的合同收走了。” 剩下的部分也都要偿还贷款。他们整容借的贷款虽然算不上高利贷，但利息并不低。每月偿还后，三姐妹辛辛苦苦直播赚到的钱所剩无几。他们计算了一下，照这样下去，他们未来三五年都是在给富二代老板和贷款公司打工。带着小雅和小丽来到护士的小美觉得很愧疚，她偷偷去找富二代老板，想要提升一下他们的待遇。没曾想，一向好说话的老板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她。不过，富二代给了小美指了一条路。 她现在长得这么美，还有主播这个身份，如果愿意做某些见不得光的生意，来钱会非常快。只要她同意，富二代老板可以把她推荐给一些有钱的小老板。小美回去后与三姐妹商量了一下，小雅坚决拒绝，她不想糟践自己。但被工作和还贷压力压垮的小美和小丽，却是在几番犹豫后再次找到了富二代老板。正如富二代承诺的那样，小美和小丽赚了很多很多钱。他们不仅还清了贷款，还存下了一些钱。两人劝说小雅，要不就认了吧。 往床上一躺，就当是做了一场噩梦，钱就到手了。小雅差点就要被说动了，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把小美和小丽推向死亡的事情。就在不久前，富二代老板给小美和小丽介绍了一个出手非常大方的小老板，这小老板指明要小美和小丽一起陪他玩。两个女孩都已经放下了尊严，谁给钱多谁就是大爷，也没多想。可就在结束后的第三天，一个小视频火遍了网络，被人疯狂传播。视频中是全身赤裸的小美和小丽。 两人的脸清晰可见，唯独小老板的脸打了码。网络让现实中的距离无限趋近于零。两个女孩家乡的人也看到了这个视频。小美和小丽虽然整过了容，但还保留着原本容貌的痕迹，很快被认了出来。许多好事的人将他们的真实信息发到了网上，一时间，两个女孩接到了数不清的骚扰。她们承受不住忽然降临的压力，情绪崩溃了。最先自杀的是小美。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父亲打来的电话。她父亲也看到了视频。 在电话里，将小美臭骂一顿，几乎把世间最难听的话都说完了。末了，还大吼着让小美死在外面，永远都不要回家。当天晚上，把自己灌得烂醉的小美从楼顶一跃而下。或许是小美的死刺激到了小丽，仅过了几天，小丽也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自己最亲近的两姐妹接连自杀，小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她恨把两姐妹引上绝路的富二代，前去找他讨要个说法。她万万没想到，就在她准备闯入富二代的办公室时。 屋内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小雅见四下无人，悄悄推开了一条门缝，望了进去。她看到了给自己的做手术的葛亮，正在办公室内与富二代谈笑风生。在两人的对话里，小雅听到了一个令她恐惧的秘密。原来，富二代去三姐妹所在的县城是精心策划好的。前往之前，富二代就在网络上筛选了许多稍有姿色的小城市女孩，统统加到微信上。 等到时机成熟，他带着自己的朋友一同前往小县城，发了那条入住小县城最好酒店的朋友圈。随后，在众多回复信息的女孩中，富二代精心挑选了二十名女孩，向她们发去了约会的时间地点。很不幸，小美就是其中之一。正如三姐妹后来猜测的那样，她们这些应约女孩只是富二代勾引当地名媛的工具人。但三姐妹没想到的是，她们这些女孩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陪当地的三个公子哥玩耍。原来那晚豪华的 party。 根本不是富二代掏钱，都是当地三名公子哥结的账。富二代约了这么多女孩来玩，不就是掏点钱吗？公子哥们求之不得呢。然而进行到这，富二代空手套白狼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调到名媛后，富二代又给当晚来的女孩们挨个发短信，问问他们有没有兴趣来大城市发展。他开了一家直播公司，月薪一万。然后上当的小美说服了小雅和小丽，一同背井离乡前往繁华的护士。接下来。 小雅偷听到了更加让她心寒的话：富二代跟三姐妹签订的合同非常不平等，就是欺负他们读书少看不懂。不管日后三人发展如何，绝大部分的钱都会流入他的口袋。为了激励这些来自小城市的女孩，公司里那个一身名牌的当红主播甜甜，其实是富二代特意包装出来的，目的就是让其他女孩们羡慕她，同时为劝说女孩们整容埋下伏笔。女孩们同意整容了，可没钱怎么办？富二代会介绍他们去贷款，可谁能想得到？ 贷款公司就是富二代自己开的呢，就连整容医院都有他的股份。最后被贷款逼上绝路，或者想赚更多钱的女孩，还会被富二代拉去做见不得光的生意。在这其中，富二代又一次赚了个盆满钵满。自始至终，富二代把这些从小城市骗来的女孩们，所有的价值都扒了个干干净净。女孩们深陷局中不知，甚至还有不少人感激富二代给了她重生的机会。听到最后，富二代与葛亮聊到了最近自杀的小美和小丽。 富二代始终在笑，他一点都不在乎两个女孩的生命，甚至因为他们的死，反过来可以狠狠去敲诈录像的小老板而感到兴奋。说到这里，小雅浑身颤抖，她用力地攥紧拳头，指甲扎进肉里，鲜红的血液涌了出来。我问小雅，她为何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小雅告诉我，正当她偷听富二代与葛亮的谈话，有人悄悄靠近了自己。等她回过神来时，已经被此人强行带进了富二代的办公室。 富二代怕自己的秘密被小雅泄露出去，让葛亮再给他整一次容，整到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样小雅的身份就被剥夺了。不管小雅报警也好，揭发也好，只要富二代不承认他曾经是自己的员工，都不会有人相信。不知是富二代的要求，还是葛亮自己的主意，小雅第二次整容后变成如今这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模样。她的两个眼睛一大一小，鼻子塌陷，连嘴巴都是歪斜的。他们把做完手术的小雅扔到了大街上，不再管她的死活。 小雅醒来，看到自己的模样后，也曾想过一了百了。但在她想要自杀时，想起了曾经在小县城交过的男朋友，也就是照片上那个模样青涩的男孩。当初小雅不顾男孩的反对，毅然决然的跟着两个小姐妹来到了护士，彻底与男孩断了联系。小雅觉得自己对不起他，想在临死前向他道歉。她把电话打给了男孩，将心中的绝望倾诉了出来。男孩虽然已经放下了对她的感情，但仍旧心地善良的劝说她不要自杀。一番哭诉后，小雅放下了自杀的想法。 他准备去一个谁也不认识自己的地方，隐姓埋名，安安稳稳的过完后半生。可就在前往火车站的路上，他被一个自称能知天命、通古今的算命先生拦了下来。算命先生准确说出了小雅最近有亲朋离世，自己又逢大难的境遇，成功取得了小雅的信任。小雅把自己的脸给了算命先生看，算命先生认出这是传说中无面刀才能做到的效果。 他记得江湖上有关无面刀最后的传闻是落到了殷商一脉的手中，建议小雅去卢省的安德市找一家名叫白晓生的茶馆问问，说不定能寻到转机。那你又为何会被人追？小雅摇头，我不知道。从我进了沪市火车站开始，就感觉有人盯上了我。我刚走出安德火车站，就被人拦住，拉着我往车里推。我挣扎了好久才逃了出来。他们穷追不舍，要不是碰到这位妹妹，我恐怕已经被绑走了。说到这的时候，林小璐眉头皱了皱。 他盯着小雅的鞋子看了很久，好像在确定什么。把你左脚的鞋子脱下来。小雅照做了。林小璐把鞋垫抽了出来，鞋口朝下，用力甩了两下，一张黄色的纸片从鞋子里飘了出来。我把纸片捡了起来，纸片的轮廓与小雅的身形非常相似，身上有用朱砂笔写下了小雅的名字以及她的生辰八字。林小璐非常肯定的说：“这是阴人的手段，不管小雅跑到哪，他们都能掌握。”毫无疑问。 骗了三姐妹的团伙中有一个阴人，我在心里为小雅捏了一把冷汗。为了不让小雅泄密，这个团伙第一次毁了他的容貌，剥夺了他的身份。而这第二次，若不是林小璐碰巧救下了他，小雅恐怕已经被杀人灭口。听完小雅的故事，我心里非常愤怒。虽然三姐妹的悲惨不能归咎于我卖出的阴物，但无面刀在其中的的确确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我现在终于理解了林小璐之前说过的那句话：阴物的好坏不在于它属于魂器还是鬼器。 而是在于使用的他的人。我问林小璐该怎么办，林小璐回答得很痛快。按照殷商祖传的规矩，如果发现有人用阴物作恶，殷商有义务将其收回。我还有一个疑虑，葛亮买走无面刀时已经付过钱了，钱货一手，葛亮不给怎么办？林小璐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副我还年轻的模样，真当我们这行是正经生意人了？虽然我们童叟无欺，但面对恶人，自然有对付他们的方法。王顺子不是也不愿意把阴物还回来吗？我明白了。 如果葛亮不肯交换无面刀，那我们就抢回来。林小璐问小雅：“你愿意带路吗？”小雅问：“我的脸还能再变回来吗？”林小璐点了点头。小雅毫不犹豫的说道：“我愿意给你们带路。”我给小雅在茶馆附近的宾馆开了一间房。纸人已经被毁，她不会再遭到追杀了。第二天，林小璐买了火车票，上午八点的动车，只需四个半小时就能到达了沪市。七点钟的时候。 林小璐先去宾馆接小雅，而我要把茶馆门窗锁好，再去找他们。锁上茶馆大门，我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一扭头，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是那个会看面相的老乞丐。他笑呵呵的问我：“要出远门啊？”我知道他生活不易，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塞到他手中。老乞丐夸奖我：“真是个尊老的好孩子。”我问他：“老爷爷，上次你说我显露重宝？” 要大难临头是什么意思、啊？老乞丐不解释，他从脏兮兮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圆圆的生锈小盒子，递到我的手中。我低头一看，这应该是好多年前流行的有一牌护手霜，只不过盒子很轻，里面似乎是空的。我好奇的问：“给我的？”老乞丐挥了挥我刚给的崭新票子：“难得还有你这么大方的年轻人，可不能让你死哦。”他拄着拐杖走了。等走到十字路口，他又扭过头来冲我喊了一句：“小伙子。” 等林玄回来，告诉他老头子当初欠他的最后一个人情还了。不等我追问，老乞丐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街口了。下午一点，我们三人来到了护士小雅，情绪明显有些害怕。林小璐安慰她：“不要怕，事情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在小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约翰整形美容医院。在医院门口，我见到了许多慕名而来的女孩。从她们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就是葛亮。在拿到无面刀后，葛亮的名字比以往更大了。我们三人进入医院。 避开了前来热情招待推销的小护士，径直走上了电梯。小雅说：“葛亮在这家医院有独立的办公室，在医院的最高一层。”等电梯停稳，门缓缓打开，我看到在门外等待的人。这人也看到了我，随即眼中露出可恐惧的表情。小雅的反应更加激烈，她大喊着扑向站在门口的男人：“还我的脸！”这个男人正是从我手中买走无面刀的葛亮。葛亮被小雅扑倒在地。 他像发疯似的，用自己的指甲去挠葛亮的脸。不过两三秒的功夫，葛亮帅气的脸上就多出了一道血痕。葛亮没看小雅，他恐惧的目光一直锁在我和林小璐的脸上。他大概是没想到我们会出现在这里。闪开！葛亮用力一推，把小雅从自己的身上推开。他慌乱的从地上爬起来，扭头就跑。张贤，你看好小雅，我去追。林小璐追了上去。见识过他身手的我，对他很是放心。我敢肯定。 葛亮逃不过他的手掌心，我把小雅从地上扶了起来，询问她有没有事。恢复冷静的小雅直喊脚腕疼，我扶着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帮她看了一眼。小雅的脚扭了，脚腕肿的很高，一时半会儿恐怕是没法走路了。我问她能坚持吗？小雅点了点头。我准备等林小璐回来再带她去治脚。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整整十分钟的时间，这层楼除了葛亮，我就没再见到其他人。 这与医院大厅人满为患的场景十分相悖，我立即警惕地站了起来。就在这时，走廊的尽头出现了两道身影，远远看去，这两人穿着医生的白大褂，慢悠悠地向我这边走来。小雅也看到了这两人，她奇怪地问我：“这两个医生怎么走路一颤一颤的？”我定眼一看，心中暗喊一声：“坏了！”这两名医生走路腿根本就不打弯，他们不是人。等他们走得近一些，我看得更加清楚，这两人的脸。 分明是画上去的纸人，我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纸扎匠的脸，难道是他？我嗅到了阴谋的味道，急忙拉着小雅起身，快走！小雅走了两步，便发出“哎呀”一声，倒在了地上。她眼中含泪，疼，我走不动。眼见纸人越来越近，我情急之下把小雅背了起来。我背着小雅跑回电梯房，拼命拍打电梯按钮，眼见电梯升了上来，我忍不住松了口气。 好像还来得及。叮咚，电梯停稳，门缓缓打开。下一刻，我的眼珠子差点从眼眶里惊出来。十个医生打扮的纸人挤在电梯内，不留一点缝隙。这些纸人的面容画的凶神恶煞，一只只漆黑的眼睛死死的盯着我，让我毛骨悚然。小雅也被这些纸人吓到了，她尖叫一声，手脚发软，从我的后背上跌下，掉在地上。纸人从电梯中挤了出来，六只扑向我，四只扑向小雅。 在我尚在挣扎时，我眼睛的余光看到了小雅被纸人拖进了电梯中，电梯门缓缓关闭，下楼去了。明明是只身主骨的纸人，一个个力量大的出奇。我挣扎了很久，终于是把手伸进了口袋。叮铃铃，我的口袋里传出了清脆的铃铛声。铃铛声出现的瞬间，我周围的纸人好像定格了一样，一动不动。我急忙摆脱他们，把一串铃铛手链套在手腕上。这串铃铛很有特色，造型是一朵紫色的小花。 它是一件阴物，名叫冤花铃。这铃铛本是林小璐的东西。上次与纸人交手时，它就是靠此物与满屋纸人交手不落下风。冤花铃的效果很神奇，当铃铛发出声音时，附近的鬼魂会短暂的停止行动。纸扎匠是通过自己圈养的鬼魂操控纸人，因此冤花铃对纸人有奇效。纸人定身五秒钟后，再次行动了起来。我急忙再次晃动铃铛，纸人再次定身。借着这个机会，我快速的向反方向跑去。 一边跑一边从口袋里掏手机，有了王顺子的前车之鉴，出发来护市前，我与林小璐就定制好了策略。假如再次碰到阴人，我不要跟他缠斗，想办法保住自己的性命，以最快的速度联系到林小璐，让他对付阴人。可手机一掏出来，我就傻了眼，信号栏一个大大的叉号。我不清楚这是阴术捣鬼，还是对方用了科技手段。总之，这一层楼没有信号。五秒钟时间过了，被鸢尾铃定身的纸人再次行动起来。 对我穷追不舍，电梯是没法坐了，我决定步行下楼梯。我很快就跟最先出现的两个纸人撞了个照面，我照例是晃了两下铃铛，然后绕过他们，找到了安全通道。然而，安全通道的防火门被人反锁了，我傻了眼。之前葛亮和林小璐明明就是从这跑下楼的，这果然是一场阴谋。他们二人刚下楼，有人就将门反锁，为的就是把我困在这一层。纸扎追了上来，就算继续逃也是一条死胡同，我得想办法反抗才行。 刑天斧我没有带，虽然是木质的斧头，但我依旧怕坐火车时被当成危险品。笑尸金刚螺我也没有带，上次敲了一下，差点敲没了我半条命，副作用太大。但我也不是没做准备，除了林小璐给的烟花铃，我还准备了另外一件鹦物。我从口袋里把鹦物掏了出来，这是一只做工精美的簪子，金色的簪针，粉红色的簪尾，即便只是当首饰卖，也能卖很多钱。这只簪子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坠琼芳。坠琼芳算不得是一件古董。 本身都没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这件衣物的原主人曾是旧时候的大户人家的小姐。那时正值外寇侵略我国的混乱时期，整个华夏大地狼烟四起。这位小姐的家人被侵略者全部杀死，而她本人因为长得美貌，被士兵献给了自己的长官，侥幸活了下来。但活下来代价是她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小姐本想一死了之，可想到惨死的父母，她决定报仇。小姐假装服从，骗取了长官的信任，再找机会灌醉了长官后。 他从头上抽出了一只精美的簪子，这只簪子本是父母为他准备的嫁妆，而今他用这只簪子刺进了长官的喉咙，亲手了结了恶魔的性命，为父母报仇雪恨。鲜血染红了簪子，让这只簪子变成了阴物。坠琼芳的功效本是辟邪，或许不如行天符好用，但它有一个特性，那就是镇压的邪灵越多，镇邪效果越强。我把坠琼芳攥在手中，用力眨了眨眼睛，阴阳眼发挥作用，我的视野中。 纸人身上冒出一张鬼脸，是鬼魂藏身的地方。我一手带着冤花林，一手拿着坠琼方，两件镇邪阴物在手，即便是面对诡异恐怖的纸人，我也没有太慌乱。我脑子转得飞快，大德通当票已经被我收了回来。纸扎匠这次找上我，肯定不是为了这个。我忽然想起林老板说过的话，我的阴阳眼对于阴人来说是一件诱惑极大的瑰宝。再结合算命的老乞丐说过我显露重宝将要大难临头，我很快就想明白了。 一定是在胡同里的那一站，纸扎匠发现了我拥有阴阳眼的秘密，想据为己有。收回大德通当票后，我一连几天都有中被人暗中窥视的感觉。当时以为是精神紧张引起的错觉，如今在想，有可能是纸扎匠在暗中监视我。他和林小璐交过手，不敢在茶馆动手，只有林小璐不在我身边时才有机会。可他怎么知道我会来护士，来这家医院呢？难道葛亮前去茶馆买无面刀是他特意安排的？ 他知道葛亮做的坏事，一旦被我知晓，按照殷商的规矩，我一定会来取回无面刀。小雅遇到的那个算命先生，很有可能是他假扮的。他暗中操纵小雅来安德找我，追杀小雅的那些恶棍，估计也是他安排的，好引起我的同情心。回想起藏在小雅鞋中用来定位小雅方位的那张人形小纸片，与纸扎匠的手段极为相像。原来一切都是纸扎匠设的局。完全想明白的我惊出一身冷汗，这就是阴人之间的斗争吗？ 处处都是阴谋，处处都是诡计。林小璐已经被纸扎匠用葛亮当诱饵调虎离山，我想活命，只能自救。安全通道被锁，我能离开的方法就只剩下电梯一条路了。虽然电梯里可能藏着很多纸人，但拼一把总比坐以待毙的强。下定了决心，我迎面向纸人走去。当我快要和纸人碰上时，我摇响了手腕上的冤花铃。叮铃铃！铃声一响，纸人立马定身，一动不动。 我毫不犹豫地把坠琼芳扎向纸人身上的鬼脸，噗嗤！纸人在诡异，身体也是纸糊的，坠琼芳很轻易地扎进纸人的身体，碰触到操控纸人的鬼魂。啊！一声差点震破我耳膜的惨叫声从纸人身体中传了出来，紧接着一只满是尸斑、带着浓浓腐臭味道的手臂从纸人当中伸了出来。这只鬼手抓住了我的手臂，我的手臂上当即传来剧痛感，这种感觉就像是硫酸泼到了身上，疼痛难忍。 这就是坠琼芳不如刑天府的地方了。上次与纸人战斗，但凡被刑天府碰到的鬼魂，都是当场魂飞魄散。鬼手用力的捏我，想要让我受不了疼痛而松手。我很清楚，一旦失去坠琼芳，只靠鸢尾林，一旦纸扎匠动用其他的手段，我很难撑到林小璐回来。剧烈的疼痛让我心里生出一股狠劲，我拼了命的把坠琼芳往鬼脸里扎，扎到最后，除了簪尾，全都扎进了纸人的身体里。啊！又是一声惨叫。 鬼手连同鬼脸化作一缕黑烟消散无形，没了鬼魂操控的纸人，啪嗒一声倒在地上，不能动了。我看向被鬼手抓过的手臂，衣服已经被腐蚀没了，皮肤像是碳化了一样，有黑有黑的。我轻轻碰了一下，直接掉了一块手心大小的皮，露出血淋淋的肉。我差点没疼晕过去，连吸两口凉气才忍住没叫出声来。第二个纸人已经来到了我面前，依旧是先摇晃鸢尾铃，再用坠琼芳扎上去。这次我学聪明了。 鬼脸在纸人的前面，我绕到纸人身后反手扎，这样就算鬼魂被惊醒挣扎着要出来，一时半会儿也难碰到我。方法不错，可惜我没林小鹿的身手，中间有两次失误，被挣扎的鬼魂碰到，身上又多了两处烧焦似的伤痕。好在坠琼芳的特性逐渐发挥，被他镇压的鬼魂越多，镇邪效果越好。原本粉红色的簪尾已经变成了深红色，不仅如此，簪尾还在不停的往外滴血，血像入冬后的溪水，冰凉刺骨。 最后一只纸人被他扎中，连反抗都做不到，直接魂飞魄散。干掉所有的纸人后，我一瘸一拐地跑到电梯房，拍打了两下电梯的按钮。看着逐渐升高的楼层数字，我后退一步，握紧滴血的坠琼芳。我已经做好在大战一场的准备。可令我没想到的是，电梯门打开后，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我本着谨慎再谨慎的心态，小心翼翼地走进电梯里，不敢有一丝的大意。事实证明，我的谨慎是没有错的。我刚站稳脚步。 两只鬼手就从地板下伸了出来，握住了我的脚腕。我眼疾手快，迅速俯身，用坠琼方扎向鬼手。两只鬼手像气球一样，一扎就破。可我还来不及庆幸，忽然有一点头晕。我闻到电梯里有一股淡淡的香味。起身时，我才发现头顶的通风口有淡黄色的气体吹了出来。我在心里暗叫一声坏了，急忙想要离开电梯，可我腿脚用不上力，一屁股坐在地上，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电梯门缓缓的关上。我没有按下楼层号。 电梯却是自己动了，向着楼下落去。液晶屏上楼层号越来越小。按说下面楼层人很多，纸扎匠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行凶。可不知为什么，电梯下降越多，我心中越是恐慌。五四三二一，电梯并没有停在一楼，而是继续向下。负一二三，叮咚，电梯停下了，而我的心脏也差点停跳。电梯内的号码牌上，数字最小的楼层是二。 哪里来的负三层？电梯门缓缓打开，眼前的情景让我有一种做梦的感觉。门外是一片枫树林，枫叶已经完全变红，地面上也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红叶地毯。这这是哪？我急忙起身，下意识的想去按电梯的关门键，重新回到一楼。就在这时候，我听到身后响起刺耳的摩擦声，嘎吱！我扭头一看，几只恶鬼正从电梯的墙壁中往拼命往外钻，刺耳的摩擦声。 就是他们的指甲划过金属墙壁发出的声音。眼见一只恶鬼就要从墙壁里爬出来，我急忙用坠琼方扎了过去。坠琼方依旧有效，可扎死一只恶鬼又会有新的恶鬼出现，拼命地往外钻。我像是在玩打地鼠的游戏，根本就扎不完。不仅如此，电梯其他两面墙壁也开始有恶鬼往外钻，就连我的脚下和头顶也传出了指甲摩擦墙壁的声音。继续逗留在电梯里，我会被恶鬼包围。无奈之下，只能逃出电梯。 可就在我踏出电梯的瞬间，诡异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了。我是后退着离开电梯的。当我两只脚都踏出电梯的瞬间，已经满是恶鬼的电梯忽然间消失不见。一阵凉风吹过，一片带有露水的枫叶打在了我的脸上，又凉又湿，感觉很真实。可医院的地下怎可能会有一片枫树林？正当我搞不清状况时，前方出现了喜庆的音乐，这调子我熟悉，是以前人们结婚时才会吹奏的喜乐。这曲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百鸟朝凤》。 我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远远的看着十几个穿着鲜红色衣服的人影正在向我走来。他们速度很快，眨眼的功夫就到了我的面前。离得近了，我看得更清楚了。这些人穿着红色的袍子，袍子上绣有金丝，很是华丽。袍子的上方是一个同样艳红的斗笠。诡异的是，斗笠的前方都挂着一张白色的布，遮住了这些人的脸。白布上写的都是些吉利话，比如“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白头偕老”等等。 但在白布的衬托下，非但没有喜庆的感觉，反而生出一种阴森感。再离近些，我看到这些人握着乐器的手干瘪发黑，还长满了棕褐色的尸斑。我的阴阳眼开始发烫，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是鬼。十几只恶鬼把我团团包围，我紧张的握住坠琼芳。这些拥有尸身的恶鬼，可比藏身于纸人的恶鬼厉害得多。奇怪的是，这些恶鬼似乎并不打算对我动手，他们围着我，又是吹唢呐，又是敲锣打鼓，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正当我思索自己要不要冲出去时，喜乐的声音突然高昂起来。远方，四个身高超过两米五的巨人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这四人上半身与常人无异，但一对长腿宛如裤腿里藏着高跷，特别的长。这四人也是鬼，他们肩上扛着一顶绑有绣球的红色轿子，一颤一颠地向我走来。轿子走得越近，喜乐的声音越是震耳欲聋。我看明白了，这是一支送亲的队伍，轿子里坐的就是要嫁人的新娘。送亲的都是鬼，那新娘的身份？ 呼之欲出，这是一个鬼新娘。我用力咽了咽口水，惊悚的感觉爬满全身。有新娘就会有新郎，新郎会在哪呢？就在这时，喜乐戛然而止，两只鬼放下了手中的唢呐，向我走来。他们手中撑着一件纹着金龙的红色喜袍，向我走来。我心中一咯噔，一股不祥的感觉自心中涌现。新郎就是我，与鬼结婚，我自然是不从的。等两只鬼靠近，我立即摇响了手腕上的冤花铃，叮铃铃。 清脆的铃声响起，可之前对纸人百试不爽的冤花铃，此刻却是没了效果。别说定身，两只鬼的动作都没停顿一下。怎么会这样？两只鬼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我一咬牙，拿着坠方琼，用力向一只鬼扎去。坠方琼上传来结实的触感，它刺穿了鬼身上的红袍，扎进他干瘪如僵尸的肉身。然而依旧没用，我用来防身的两件阴物同时失去了作用。两只鬼抓住了我的手。 他们力量大得惊人，我像是被老鹰抓住的小鸡，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在两只鬼的强迫下，我穿上了崭新的喜袍。随后又来了两只鬼，与前两只鬼一起把我抬了起来。喜乐再次响起，送亲的队伍动了起来。我被四只鬼抬着腿和手，一步步的走向大红花轿。我拼命挣扎，却是无用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抬到花轿的下方。这是我见过最大的花轿，从外面看比一张双人床的面积都要大。 喜乐的音调逐渐升高，百鸟朝凤的调子涨到了高潮。在唢呐声模仿的凤鸣声中，我被四只鬼用力一扔，撞开了花轿的门，跌进了花轿中。疼痛感非常真实，我捂着额头爬起来，一个窈窕的身影映入眼帘。在花轿的中央坐着一个穿着绣凤红袍、戴着红盖头的女人。在阴阳眼的注视下，女人身上冒着近乎沸腾的阴气。和我想象的一样，这是一个鬼新娘。我想要逃离花轿，可明明是不连坐的轿门。 犹如铜墙铁壁，不管我是推是撞，都纹丝不动。正当我急得团团转时，一个好听的女声钻入我的耳朵。这喊声温婉，声如莺啼。相公，你要去哪？我打了一个机灵，下意识的扭头。原本坐在轿子中央的新娘，不知何时来到了我的身后，走路无声。新娘牵住我的手，我感觉自己像是握住了一块冰，冷的骨头都要麻了。我奋力抽手，可手像是被虎钳夹住，动弹不得。新娘的小臂从红袍中露了出来。 不像外面迎亲的鬼那样干瘪长满尸斑，他的手白白净净的，很是好看。可再好看的手，也掩盖不了他是鬼的事实。相公，该掀盖头了。新娘抓着我的手，揭下了她头上的红盖头。盖头下是一张十分美丽的面容，俏脸红唇，美的让人沉迷。新娘害羞一笑：“相公，该洞房了。”说着，她缓缓解开衣衫，露出足以让男人疯狂的白嫩细肩。鬼新娘面色娇羞：“相公。” 你怎么还穿着衣服啊？是要奴家帮你宽衣解带吗？新娘抓着我的手不让我反抗，她另一只手抓住我的衣领，然后刺啦一声，直接把我身上的红袍撕成了碎片。她把我压在身下，梁如冰的手在我胸前滑动。相公，让奴家好好的服侍你。如果这不是个鬼，或许我真的会就此沉沦。但我此刻心中只有恐惧。我分明看到新娘的手在我胸前滑动时，血红色的指甲越长越长，而她俏丽的脸蛋。 则是开始变得干瘪，长出大片尸斑，就连他的声音也从温柔变得嘶哑凌厉。相公，春晓，一刻值千金，来快活啊！我可不要跟一只女鬼上床。我强行让自己保持冷静，坠琼芳还握在手里，我还有一线逃命的机会。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冤花灵和坠琼芳对这些鬼没有效果？难道是因为他们比纸人里的鬼更厉害吗？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要是新出现的这些鬼也是纸扎匠控制的，那他根本就不用大费周章的引我来护市。 上一次交手时，我和林小璐也不可能赢得了他。想起上次我从茶馆出门被纸扎匠骗进死胡同，我恍然大悟，这是假的。不管我现在的感觉有多么真实，都是假的。纸扎匠肯定是用某种因素让我再一次陷入到幻觉中，无法自拔。打定这个想法后，我有了应对的策略。我对女鬼说道：“娘子，我不喜欢在下边。”新娘娇羞一笑，只是她已经变成干尸的脸。 这个表情要多恐怖就有多恐怖，相公真讨厌！新娘果然松开了我，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在新娘松开我的瞬间，我拿着坠琼芳狠狠地扎了下去。我扎的不是鬼新娘，而是我自己的大腿。剧烈的疼痛从大腿上传来，我眼前的景象瞬间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鬼新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刺眼的光芒。光芒下是一个穿着手术服的人，他一手撑开我的眼皮，另一只手拿着手术剪。 向我眼睛刺来，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剪刀距离我的眼球不到一厘米的距离。我尖叫一声，抬脚踹向身前的人。对方应该是没想到我会清醒，猝不及防之下被我踹倒在地。我挣扎着起身，发现自己在手术室中，头顶刺眼的光照源于上方的手术灯。手术室里除了穿着手术服的男人，还有纸扎匠。我腿疼的厉害，坠方琼的簪针全都插进了我腿里。和我想象的一样，我中了纸扎匠师的阴术，陷入幻觉之中。 大概是他粗心了，没有发现我藏在手心里的簪子，这才给了我清醒过来的机会。你倒是有点本事。纸扎匠开了口，不知道是在夸我还是在讽刺我。可惜你醒得慢了点。他走到手术台前，拿起一根已经推到底的针管，麻醉药刚刚打进去，很快你就会昏迷过去。我试图离开这里，可刚往前走一步，就感觉自己腿一软，趴在了地上。纸扎匠得意地笑：“别挣扎了，你的阴阳眼马上就是我的了。”他拍了拍手。 两个站在手术室角落里的纸人走了上来，把我重新架回了手术台。麻醉药开始起效，我一点力气都用不上，想摇一摇手腕上的烟花铃都做不到。纸扎匠踢了一脚坐在地上的医生：“快点做手术！”那医生立马爬起来，重新给自己的双手消毒。手术台的灯光很是刺眼，而我的视线渐渐模糊。我内心充满了绝望：难道我好不容易治好的眼睛又要陷入黑暗？或许是求生的本能，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侧身摔下了手术台，我听到纸扎匠的怒骂，他操控纸人想要再次把我抬上手术台。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裤子口袋里有一件物品滑了出来，这是一个生锈的黄色铁盒，上面写着“有意”二字，是出发来护士前会算命的老乞丐送给我的。铁盒落在地上，盒盖被摔开，里面果然是空的。可就在此时，我的阴阳眼好似被火灼了一下，烫得惊人。等我再看向铁盒时，看到一股黑烟从盒子里冒了出来。 黑烟中隐约有一个人形，他穿着古代士兵的甲胄，腰间挂着一把一米长的大刀。刚刚还得意洋洋的纸扎匠吓得脸色惨白，他质问我：“你怎么会有鬼兵？”我不知道什么是鬼兵，但这只身穿甲胄的恶鬼比我在幻术中碰到的鬼新娘给我的感觉更加可怕。鬼兵缓,缓缓地抽出腰间的长刀，两刀砍死了我身边的纸人。被刀砍中的纸人立即燃起了幽绿色的火焰，我看到纸人中的鬼魂被活活烧得魂飞魄散。干掉两个纸人后。 鬼兵来到想要给我动手术的医生面前，他抓着医生的脸看了自己一眼，医生尖叫一声，晕倒在地。即便是晕倒，腿脚都在抽搐着。随后，鬼兵转向纸扎匠，向着他走去。纸扎匠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纸钱，向着鬼兵撒来，然后扭头就跑。这些纸钱贴在鬼兵的身上，变成一只又一只的鬼手，死死的抱住鬼兵。鬼兵挥刀，很快就把鬼手都斩断了。但就是这个空当，纸扎匠已经跑没影了，没了目标。 鬼兵化作一团黑气，消散无形，而我则是两眼一黑，昏迷了过去。等我醒来时，我躺在柔软干净的床垫上，腿上的坠方琼被拔了出去，而且细心的包扎过了。张贤，你醒了？熟悉的声音入耳，我循声看去，林小璐一脸关切的站在我身旁。我在他的帮助下起身，麻醉药效果已经退了。我急忙问道：“纸扎匠呢？小璐姐，你碰到他了吗？”林小璐摇头，一脸的愧疚：“对不起。” 是我大意了，不该把你一个人留下的。这是纸扎匠跟我设的局，我自己都没想到，怎可能怪林小璐？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房间里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之前被纸人拖走的小雅，她躺在另一张床上，还在昏迷中；另一个人是鼻青脸肿坐在地上的葛亮。林小璐抓住了他。林小璐告诉我，无面刀已经收回来了，现在我们在整容医院附近的一家酒店里。我走到葛亮面前，他以为我要打他，急忙往后缩。 我一把抓住葛亮的衣领，质问他：“你和纸扎匠一伙的？”葛亮急忙否认：“不是，不是，那人是我一个朋友介绍的，我让他如实招来。”葛亮不敢隐瞒，统统讲了出来。原来纸扎匠和骗小雅三姐妹来沪市的富二代是一伙的，富二代负责骗人赚钱，纸扎匠负责帮他处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一个月前，与葛亮有业务往来的富二代把纸扎匠引荐给了他。 纸扎匠告诉葛亮，这世间有一把神奇的刀，能让他的整容技术变得更好，让他去安德找一个名叫白小生的茶馆去买，不管茶馆要价多少，钱都由富二代出。怪不得当初葛亮结账时眼睛都不眨，感情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往后的事情，葛亮就不知道了。除了按照富二代的要求毁了小雅的容外，他并没有做其他的坏事。我猜测，葛亮和小雅都是纸扎匠安排的棋子，为的就是把我引来他的地盘。我把林小璐拉到一边。 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然后说出了自己的担忧。纸扎匠想要我的阴阳眼，他这次失手，不知道何时再来一次。林小璐下一句话让我更加胆战心惊：不怕他再来一次，就怕他把你有阴阳眼的事情说出去，到时候盯上你的人可就不止他一个了。我紧张的说话都结巴了。那那怎么办？林小璐让先不要害怕，当务之急是找到纸扎匠，封住他的嘴。他问葛亮，知不知道纸扎匠的住所在哪？ 葛亮害怕的摇头，他是真被林小璐打怕了。林小璐揪着他的衣领问：“那谁知道他的住所？你最好别撒谎，否则今天我也过一把整容医生的瘾。”说着，林小璐拿出无面刀，做出要在他脸上乱划的动作。“别！”我说。葛亮说出了一个名字：“王灿。”他一定知道。我追问葛亮：“王灿是谁？”他告诉我：“王灿就是给他钱去买无面刀的富二代。”我把小雅弄醒，告诉他。 我们现在要去抓王灿，因为我和林小璐不知道王灿长什么样子，需要他带路认人。小雅对王灿恨之入骨，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下来。出发前，林小璐用酒店里的浴巾把葛亮的腿脚绑住，然后一巴掌拍晕了他。小雅带着我们两个来到了王灿的公司，或许纸扎匠被鬼兵给吓坏了，尚未通知王灿。我们赶到时，王灿正在办公室里玩手机。虽然小雅把自己的脸遮得严严实实，但还是被他一眼认了出来。王灿刚想打电话喊保安。 被林小璐一巴掌抽掉两颗牙，林小璐拿着无面刀往王灿胯下一放，威胁他敢张嘴喊救命，就给他的小弟弟免费做一次美容。王灿当场就怂了，跟我们乖乖的回到酒店。说真的，这个时候的林小璐特别有魅力，我真想喊一句“小璐姐牛逼”。回到酒店后，王灿看到鼻青脸肿的葛亮，吓得差点尿了裤子。一番审问后，我知道了纸扎匠的住所，不过他住在一个非常高档的小区，有层层安保，没有他的允许。 就算绕过了保安，也进不去只有户主才能开启的单元门。以林小璐的身手，或许能顺着排水管道爬上去，但纸扎匠擅长养小鬼，指不定在窗外安排了一只放哨，很难悄无声息的接近他。思索再三，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冒险的方法。我让王灿站起来，然后和自己对比了一下，无论身高还是体重，乃至头发长短，我和王灿都很相似。小璐姐，你把无面刀给葛亮。林小璐猜到了我的计谋，你要假扮王灿？ 我点了点头。王灿是纸扎匠的合伙人，只有他才能让纸扎匠放下戒心。林小璐断然拒绝，这太危险了。我咬了咬牙，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反正有无面刀在，我还能整回原来的容貌。其实我并不是冲动下想到的办法。两次和纸扎匠交手，我已经发现了他的弱点，那就是和林小璐对比，他只会阴术，不会武术。只要能面对面，我有机会把他拿下。当然，行动前我让林小璐教我如何一招制敌。 毕竟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林小璐给了我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去附近的五金店买了个袖珍的小锤子，藏在袖子里，等见到纸扎匠，往他下巴上招呼，保准一锤放倒。一切准备就绪后，我躺在床上，让葛亮用无面刀给我整容。我本以为这个手术过程多少得见点血，可无面刀在我脸上划过时，我只感觉到一丝冰凉。葛亮说，无面刀的效果非常霸道，轻轻一划就能改变人的容貌，全程不见血。 为了掩饰这诡异的效果，他给人做手术时还得特意用真刀动两下，免得被人发现。整个手术只用了十五分钟。当我再次站到镜子前时，我有一种做梦的感觉。我把王灿拉过来，镜子中出现了两张一模一样的脸，肉眼难辨真假。我简单打理了一下发型，又换上了王灿的衣服，连最熟悉王灿的小雅和葛亮都区分不出来。当然，无面刀只能改变我的容貌，改变不了我的声音。我逼着王灿给纸扎匠打了个电话，说要去找他。 有事商量，纸扎匠不疑有他，答应了下来。当天夜里，我袖中揣着铁锤，找上了门。被保安拦下后，我报了纸扎匠的门牌号，保安给纸扎匠打去了视频。纸扎匠看到是王灿的脸，就让保安放行了。走到楼下，纸扎匠已经提前通过远程操控打开了单元门，我顺利来到他的房门前。咚，咚，咚，我敲响了门，门很快就打开了，露出了我熟悉的脸。纸扎匠对我说。 我们碰到硬茬子了，赶快收拾收拾东西离开护士，短时间不要回来了。那小子估计拜了林玄为师，连鬼兵都有。说完，他愣愣的盯着我，奇怪的问我：“你怎么不说话？我们又见面了。”听到我的声音，纸扎匠大惊失色：“你不是王灿？”他下意识的就要关门，但动作没我快。来时的路上，我把挥锤的动作在脑海中预演了几十遍，一出手，准确的砸在王灿的下巴上。 我听到了骨裂的声音，和林小璐说的一样，纸扎匠一头栽倒在地，陷入了昏迷。我把她拖进屋里，然后掏出手机给林小璐打电话。不一会儿，林小璐就赶到了。看着昏迷不醒的纸扎匠，我有些无措。小璐姐，他怎么办？虽然林老板跟我说过阴人斗法不死不休，可真让我杀人，我可下不去手。我努力回想茶馆的地下室里有没有能消除人记忆的阴物。正当我愁眉苦脸时，林小璐拍了拍我的肩膀。 交给姐处理吧。林小璐打了个电话，不到二十分钟，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人赶来。林小璐跟他们交代了几句，他们就把纸扎匠抬走了。等人走了，我问林小璐：“刚刚那些是什么人？”林小璐跟我解释道：“十三局的人。十三局，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林小璐告诉我：“十三局是官府应对灵异事件、管理阴人设置的秘密组织。纸扎匠用阴术害人，少说要吃几年牢饭。”我恍然大悟。 问他之前处理王顺子尸体的也是十三局的人吧？林小璐说是。我又问他怎么和十三局的人这么熟悉？刚刚十三局的人都主动与林小璐打了招呼。林小璐吐了吐舌头，好像还没告诉过你，我妈妈是十三局的二把手。我大吃一惊，没想到林小璐的妈妈是这么厉害的人。我心中很是好奇，这个我从未谋面的老板娘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接下来的几天，我和林小璐在护士把后续的事情处理完。 首先，葛亮用无面刀把我变回本来的模样。然后，在葛亮的操刀下，小雅也恢复了原本的容貌，不是小有名气的主播模样，而是她离开小县城前的样子。后来听说，她回到了自己家乡的小县城，找过曾经谈过的男朋友，也就是照片上那个青涩的男孩。可惜，男孩已经被她伤透了心，拒绝了她复合的请求。至于富二代王灿，因为纸扎匠的落网而东窗事发，公司倒闭，他做过的龌龊事情被媒体挖掘出来，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而葛亮没了无面刀，在整容行业里名气大跌，渐渐没了消息。一切都处理好后，我和林小璐返回了安德。回到茶馆时，茶馆本该紧闭的大门竟然被打开了。我以为进了贼，急忙冲进去，才发现是林老板回来了。林老板似乎已经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关心的问道：“小仙，你没事吧？”我说没事，然后羞愧的自我检讨，又给林老板惹麻烦了。林老板笑呵呵的说：“入了这一行。” 总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只要人没事就好。你们两个快去把东西放下，洗把脸过来，我有事要和你们说。我和林小璐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自己，然后坐到林老板面前。林老板取来一个长条盒子，递到林小璐手中：“先吃一颗吧。”林小璐把盒子打开，我凑上前一看，盒子里是六颗棕色的药丸，散发着浓郁的药香味。我立即猜到这就是治疗林小璐怪病的药。林小璐很是惊讶：“老爹。” 这次你怎么找来这么多药？林小璐跟我说过，以往找药最多也就找到一两颗，而这次足足有六颗。林老板解释道：“我这次回来只能在家待一个月，下个月我有要紧的事去做。这次出门最少要一年才能回来，这六颗药省着吃，差不多能撑两年。”林小璐愣了一下，要出门这么久，是因为南边的事吗？林老板点了点头，没有多说。我看到林小璐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担忧。 我很是好奇南边有什么事情，可现在的气氛不方便询问。林小璐从盒子里拿起一颗药丸，放进嘴里，直接吞服下去。随后，她泛白的头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回黑色。我忍不住询问：“小璐姐，你到底得了什么病？”之前林老板只告诉我林小璐从小患有奇病，需要坚持服药，可究竟是什么病，他没有多说。林小璐瞪了我一眼，用手拍了一下我的额头：“别瞎打听。”林小璐好像怕我追问。 转移了话题，老爹，你这一走就是一年，咱这茶馆咋办？休业吗？林老板笑着问林小璐。茶馆关了门，你不是要整天窝在家里打游戏？林小璐俏皮的吐了吐舌头，她还真是这么打算的。林老板无奈，二十岁的女孩子哪有像你这么宅的？说完，他看向我。张贤，过年的时候小璐向你透露过，我把你从福利院带回来是想收你为徒。我一下紧张起来。 呼吸都加快了许多，难道林老板已经做出决定了？他问我：“你愿拜我为师吗？”我毫不犹豫的回答：“愿意。”林老板对我有天大的恩情，拜他为师，我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况且成为殷商，能够解决我的营生问题。离开了茶馆，我真不知道自己能够干啥。林老板脸上的表情严肃了起来：“你是个爱学习的孩子，对阴物的了解已经合格。不过，想成为我的徒弟，这还远远不够。” 接下来我会对你进行一个正式的考核，如果你能通过，我就正式收你为徒。我兴奋地点了的头，只要能拜林老板为师，不管考核多难，我都会努力的。在正式考核前，林老板又教了我七天，为我补充了有关鬼气的知识。期间，我想起那个救我一命的老乞丐，把他让我转达的话说给了林老板听。林老板听到“九叔”这个称号后愣了一下，随后笑了笑，对我说：“下次碰到九叔，让我好好谢谢人家。”等我了解了所有的鬼气后。 林老板定下了考核的规则：三十天内，我要独立的做成三单生意。不管是他还是林小璐，都不会给予我任何帮助。这可把我给愁坏了。没了林小璐的帮助，我可以尝试自食其力。可我来茶馆七个月，总共就接了五单生意。现在林老板让我在一个月内完成三单，难度不是一般的高。我非常清楚，在茶馆等生意上门只会是坐以待毙。我必须主动出门揽客。可在外面溜达了半天，都临近中午了。 我依旧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张不开口。总不能随意拦住一个人，告诉他你印堂发黑，不久将要大难临头吧？思来想去，我决定去找卢新一。卢新一是我除了林小璐外，在安德市唯一熟悉的人了。打过几次交道后，我觉得他办事可靠，值得交朋友。再一次来到柯南侦探所，办公室却是大变了样子。我还记得第一次来这时，小小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办公桌上堆满了杂乱的资料，地面灰尘密布，没一处干净的地方。 可现在我眼前的办公室打扫的是干干净净，桌子上的资料摆放的整整齐齐，地面一尘不染，空气里甚至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但最让我震惊的是坐在办公桌后的卢新一，那个顶着黑眼圈、胡子拉碴、头发似鸟窝、衣领衣袖满是油污的卢新一，如今梳着清爽的发型，脸蛋干净，穿着熨贴平整的西装，宛如电视剧里的男主角。别说把自己打扮成人模狗样的卢新一，还真挺帅的，是小姑娘们喜欢的大叔范儿。 听见我的脚步声，卢新一抬起头，热情的招呼我：“张贤，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坐？喝茶还是咖啡？”好家伙，我上次来连口热水都没有，现在饮料都齐全了。我要了杯茶，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卢新一。他被我盯得不自在，摸了摸自己的脸：“我脸上沾了什么东西吗？”我好奇的问他：“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卢新一挠了挠自己的头：“可能是觉得以前自己太邋遢了吧。” 人忽然改变固有的习惯，必然是有外因推波助澜。我正想八卦一下，卢星一的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话筒里隐约传出一个温柔的女声，关切地询问卢星一有没有吃饭，问他要不要和自己一起去吃。最终两人约定在侦探所见面。等卢星一挂掉电话，我一脸坏笑地问：“原来是交女朋友了。”卢星一腼腆地说：“没有，是玩好的朋友。”我撇撇嘴，这话鬼才信。卢星一问我：“聊正事。” 你找我做什么？有生意给我做，说吧，这次事又要找谁？我向他解释，不找人，是想让你帮个忙。我把林老板对我的考核说给他听。我知道你认识的人多，帮我介绍介绍客户，生意谈成了，我付你介绍费。卢心一道，你老板林玄是个很神秘的人，我很早之前就听说过他，不过我这人是个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所以没怎么关注过。不过我最近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如果他真有传闻中的本事，我倒想请他帮帮忙。我一听乐了，生意这不就上门了吗？我拍着胸脯向卢新一打包票：“林老板的本事我不敢说全会，学了个皮毛还是有的。他有什么麻烦事，可以先跟我说一说。”卢新一正准备开口，侦探所的门被人推开了。我扭头一看，一个穿着素色长裙的美女正在探头往屋里看。她目光落在我身上，询问道：“新一，你有客人在？”美女的声音很温柔。 和刚刚电话里传出的声音是同一人，我揶揄道：“这就是你的女朋友？”别告诉我她叫小兰。卢星一把女孩迎了进来，介绍道：“这是慧心，我大学同学。慧心，这是张贤，我最近新交的朋友。”我向慧心问好，卢星一奇怪的问：“怎么刚挂电话你就到了？”慧心笑着说：“我刚好就在附近，一猜你就忙的没空吃饭。旁边那条街新开了一家火锅店，我们一起去吃吧。” 我打量着这个美丽的女孩，她撒了一个小谎，她不是刚好路过附近，而是精心打扮赶来后才打电话给卢星一。最直接的证明就是她一点都没褪色的口红，以及身上前调都未散去的香水味。卢星一是个侦探，洞察力比我更强，肯定也看出来了。他面带笑容的答应下来，好，一起去吃。这个时候我继续留下做电灯泡就不合适了，于是起身告辞，准备等过了饭点再来找卢星一继续谈事。没想到。 慧心主动邀请我一起去吃，我有些不好意思，正准备推辞，慧心一句话打消了我的顾虑。新一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请朋友吃饭不是应该的吗？看得出慧心是真诚的想要邀请我，或许这就是爱屋及乌吧。我没有不好意思继续推辞，和两人一起来到了火锅店。吃饭的时候，慧心不停地给卢新一夹菜，她看向卢新一的眼睛里有光，丝毫不遮掩自己对卢新一的爱慕，把我都给看酸了。慧心问我。 有女朋友了吗？我说还没有，我才十七岁，等成年了再谈也不急。卢星一打趣我：“上次在茶馆见到的那个女孩挺不错呀，近水楼台先得月，不考虑考虑吗？”卢星一指的是林小璐，我脸发烫，急忙解释：“别闹，小璐姐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再说她比我大三岁呢，我把她当姐姐看。”慧心笑着说：“大三岁好啊，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女大三抱金砖，都什么年代了，只要两人真心相爱，年龄不是问题。” 我说不过两人，急忙转移话题。如哥，你之前说自己最近遇到点麻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慧心听到我这话，紧张了起来。心怡，你又做那个梦了、啊？卢心一点了点头，用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神色疲惫。我现在几乎每夜睡觉都会梦到他。我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让卢心一仔细解释解释。卢心一放下筷子，说了起来。十五分钟后，他讲完了，我也听明白了。 半个月前，卢星一每到晚上睡觉时都会做梦，梦里的场景并不相同，但会有同一个女孩说同样的话：“忘掉我吧。”这的确是有些奇怪。我问卢星一：“女孩长什么样子？她认不认识？”我想不起来她的容貌，虽然在梦里我能看到她的脸，可每次醒来都回忆不起她长什么样子。卢星一的表情有些痛苦，她用手拍了拍自己的头。直觉告诉我，梦里出现的女孩对我很重要，可我就是记不起来她是谁。 我看到一旁的慧心表情复杂，也对自己喜欢的男人心中念着其他的女孩，任谁也会不好受。他宽慰道：“新一，想不起来就不要想了，或许只是一场梦呢。”卢心医长舒一口气，似乎想释放心中的压力。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询问慧心：“我出去抽根烟。”慧心点了点头。卢心医起身离开。这时，慧心对我说道：“张贤，你去陪陪她吧，她最近心里不好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导她。 我说了声好，跟了出去。等我走到门外，卢星一已经点燃了香烟，正大口的往肺里吸。他见我出来，有些意外：“你不是不抽烟吗？”我告诉他：“是慧心让我出来陪他的。”卢星一愧疚的对我说：“我挺对不起慧心的，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喜欢我，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我问他：“你不喜欢他吗？”卢星一摇头：“不知道，我总是无法下定决心答应和他在一起。”为什么？不知道。 可能和我梦里的那个女孩有关系吧，我总觉得梦中的场景很真实，并不是我凭空想象的。我想了想，决定帮帮卢新一。这样吧，你委托我来调查这个女孩，至于费用，朋友一场，你看着给吧。我不在意卢新一会给多少钱，主要这算是一单生意，只要能完成，距离我拜师林老板就近了一步。卢新一答应下来，准备下午回侦探所再详细跟我说说他梦中出现的地点。毕竟慧心在这，再多说梦中的女孩。 肯定会让他伤心。等卢星一连抽三根烟后，我们二人一起回到了火锅店。他径直回到了座位，而我尿急，先跑去了厕所。等我洗完手回到座位上，忽然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是阴雾。这里怎么会有阴雾气息的？我仔细寻找，然后震惊的发现，阴雾气息来自卢星一的身上。明明刚刚还没有的，我上厕所的这三分钟里发生了什么事？卢星一见我表情有变，询问道。 张贤，你怎么了？我没有回答，而是悄无声息的观察四周。火锅店刚刚开业不久，因为有优惠活动，所以人很多。经历过与纸扎酱斗法，我变得警惕了许多。或许周围有阴人作祟，在我离开的时候，偷偷对卢星一下了手。可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可疑之人。吃完饭后，慧心还要上班，自己打车离开了。我和卢星一回到了他的侦探所。一进门，我对卢星一说道：“脱衣服。” 听到我的话，卢新一用看变态的眼神盯着我。怪不得林老板的女儿那么漂亮，你都不心动，感情你喜欢的是男人？我愣住了，这哪跟哪啊？你瞎想什么呢？你身上有阴物的气息。关于什么是阴物，在饭局上我已经跟卢新一简单解释过。他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上下拍了拍自己衣服。没有啊，我从来没接触过你所谓的阴物。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来到茶馆打工后，我整日与阴物打交道。 鹦鹉的气息，我绝对不会认错。在我的坚持下，卢新一把侦探所的卷帘门拉了下来，打开灯，开始脱衣服，最终脱的只剩下一件内裤。我把他的衣服里里外外翻了个遍，就连西装的夹层都没放过，却没有任何发现。可卢新一身上仍旧有若有若无的鹦鹉气息。卢新一双手捂裆：“你总不能让我把内裤也脱了吧？”鹦鹉的气息是我在火锅店上厕所时出现的，没人能做到悄无声息的把鹦鹉藏到卢新一的裤裆里。 那里包裹着男人最敏感的器官，就算有人能做到，卢新一也不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事儿透露着蹊跷，换作从前，我肯定第一时间打电话请教林小璐。可林老板给我立了规矩，这一个月内我在他们父女那得不到丁点帮助。不过阴雾气息的出现让我确认了一件事，那就是卢新一最近老做奇怪的梦，并不是意外。我让他穿好衣服，跟我仔细讲一讲梦中的出现的地点。既然梦中女孩回忆不起来，从侧面调查，说不定会有所发现。 卢星一打开资料柜，里面摆满了资料盒，每个盒子的侧面还写有编号，按照数字的大小整齐排列。卢星一拿出编号最大的盒子，从中倒出十几张照片，交到我手里。这些就是我梦中的场景，都在荆门，是我上大学的城市。我实际调查过了，大部分场景都能对得上，也有一些店铺在前几年关了门，但的确存在过。我挨个查看，照片中有学校的体育场，有咖啡厅，有奶茶店，还有游乐园和电影院。 我下意识的脱口而出：“这些地点一般都是小情侣约会的地方。”卢哥，你梦中的女孩该不会是你的前女友吧？卢星一摇头：“不可能啊，真要是我的前女友，我会记不住吗？我之前也这么想过，可我问过慧心，她在大学里与我同班，说我在大学里没谈过恋爱。”这就奇怪了，既然卢星一梦中的地点能在现实中找到，那她没有理由不记得梦中的女孩。难道她某些特定的记忆被移除了？卢星一问我。 你说的阴物不是拥有超自然的能力吗？有没有适合我的？你别说，还真有。就在几天前，林老板带我认识了一件新的阴物。只不过这件阴物属于鬼气，副作用比较大。卢新一反问我：“什么副作用？”那件阴物能够放大使用者记忆中的情感，如果使用者承受不住，很容易情绪崩溃，出现精神问题。换句话说，使用者一不小心就会发疯。我以为卢新一会拒绝，没想到他竟然想要试一试。 我总觉得回想不起那个女孩是谁，我会后悔一辈子。既然卢新一下定了决心，我也不好再推辞。反正有我在旁边看着，一旦中途出现问题，我能及时帮他一把。我让卢新一跟我回茶馆取衣物。卢新一做事很仔细，他先把照片重新收纳，放回资料柜。就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奇怪的发现。我问卢新一：“资料柜中的资料盒怎么是从编号二开始的？一号资料呢？”卢新一愣了一下，翻找了许久，也没找到一号资料。 我问他记不记得一号资料的内容，卢新一揪着自己的头发想了半天也没能想出来。不对啊，我记性很好的，但凡是我经手的生意，不管是过去多久，我都能记得清清楚楚，怎么会想不起来呢？我心中一动，或许一号资料与卢新一梦中的女孩有关。你这屋子里有没有监控？卢新一指了指房顶的角落，有一个，不过监控录像只能保留七天，超过七天会被覆盖。他瞪着眼问我。 你怀疑一号资料被人偷走了？我的确是这么怀疑的。我问卢新一最近侦探所的门锁有没有被人撬开的痕迹，卢新一,一直摇头。不管怎样，既然有怀疑，就要先进行排除。卢新一找了台笔记本给我，他用店里的台式机，我们两人翻了一下午的监控录像，却没有任何发现。卢新一是半个月前开始梦到那个女孩的，那时的录像已经被覆盖了。卢新一从手机里找到一个电话号码，打完后很快有人上门拿走了装有监控录像的硬盘。卢新一告诉我。 这人是个很厉害的电脑高手，他或许有办法找回更早时间的录像。天色已经晚了，我和卢星一约定明日在茶馆见面。我带着鹦鹉帮他寻回可能遗失的记忆。分别时，我忽然察觉一件事情：卢星一身上的鹦鹉气息不见了，这更让我摸不着头脑。回到茶馆后，我真的很想请教一下林小璐或者林老板，可这才是考核的第一天，请教他们等同放弃考核。第二天一早，卢星一来了，林小璐一边往嘴里塞小笼包，一边问我。 他就是你独立接的第一单生意吗？我说是。林小璐嘻嘻一笑，多收点钱，越是熟人越容易宰。卢新一知道林小璐是在开玩笑，并没有生气。等林小璐蹦蹦跳跳的去二楼打游戏时，他悄悄跟我说：“兄弟，你们两个真挺搭的。”我脸发烧，赶紧转移话题，别瞎扯，咱说正事。我把早已准备好的鹦鹉拿了出来，这件鹦鹉被锁在黄金打造的盒子里。 盒子上有四只形象凶恶的野兽，分别是狼、豺、虎、豹。林老板跟我讲解过，这盒子本身也是一件阴物，不懂得开合方法的人强行打开盒子，会遭到诅咒，从此厄运加深。我一边回忆着林老板传授的开合之法，一边小心翼翼地转动盒上的机关。一分钟后，只听盒内响起咔嗒一声，盒盖自动弹了起来。盒子里装的是一颗白玉般半透明的珍珠，仔细观察，珍珠中心有一丝红润之色，好似细小的血滴。当我转动盒子时， 珍珠内的血滴也在流转。我和盯着珍珠看了一会儿，忽然涌起一股强烈的睡意，哈气连天。再看卢新一，他已经躺在椅子上打起了呼噜。我急忙把盒子关上，一股凉意直钻我天灵盖，立马清醒了过来。我倒吸一口凉气，这个名叫环梦珠的鹦鹉真是够邪门的。我清醒了过来，卢新一却还在呼呼大睡。我摇了他好久才把他摇醒。卢新一揉了揉眼，有些奇怪：“我怎么睡着了？”我跟他解释。 是阴物的效果，卢星一睁大了眼睛，很是不敢相信。我知道他以前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此刻亲身经历不太容易接受。我告诉他，盒子里的阴物名叫还梦珠，属于阴物中副作用比较大的鬼气。还梦珠的效果非常霸道，能将使用者所执念的事情在梦中完整还原，就好像穿越回过去再重新经历一遍。发挥还梦珠作用的前提是要找到与执念有关的地点。我昨天问过卢星一了，他梦到次数最多的地方。 是大学的体育场。卢新一是在金门上的大学，金门离着安德不算远，坐动车只用需五十一分钟。我和卢新一准备去火车站，速度快一些的话，当天就能往返。离开茶馆时，我迎面碰上了赶来茶馆的林老板。林老板看到了我手中的金盒子，表情微变。我有些紧张，环梦珠毕竟属于鬼器，在此之前，林老板是严禁我使用的。出租大德通当票那次，也是林小璐拍的版小贤，你这是准备去哪？ 我把卢新一的遭遇简单的叙述给林老板听，我害怕林老板不允许我使用环梦珠，那样我就没法帮助卢新一了，独立经营茶馆的第一单也会泡汤。事实证明是我多虑了，林老板只是让我等一会儿再出发，他要拿点东西给我。等了十分钟，林老板给了我一个锦囊，锦囊上有朱砂粉封口，拿去，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再打开。我谢过林老板，与卢新一一起赶到了金门，来到金门大学。 卢星一看着校园里嬉戏打闹的学生们，脸上露出羡慕的表情。他忍不住感叹：“年轻真好啊！”我也满眼的羡慕，因为眼睛的原因，我从小就没入过校园。我也很想和这些大学生一样，过一过美好的校园生活。虽然已经毕业了很久，但卢星一对校园的分布仍旧熟记于心。他带我来到了金门大学的体育场。五月春风已至，有不少年轻的男男女女在足球场上的草坪上玩耍。卢星一对我说：“我梦到的就是这里。” 我们先绕着体育场走了一圈，让卢新一试试自己能不能回忆起来。然而他和之前一样，什么都记不起来。我让他躺在草坪上，虽然刚入五月，天气还不算热，但周围在草坪上玩耍的年轻人很多。卢新一躺在地上，倒也不会太受瞩目。卢新一躺下后，我再一次取出了环梦珠，我把环梦珠放到他的眼前，轻轻摇晃。随着我手中的动作，环梦珠中的血滴同样在轻轻晃动。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卢新一的眼皮就在上下打架了。我提醒他，一会儿不管经历什么，你都要记住自己是在做梦，一定要清醒过来，明白了吗？卢新一嗯了一声，然后闭上了双眼，陷入梦乡。我把孩梦珠收好，放进口袋里，坐在卢新一身旁，等他醒来。按照林老板教给我的知识，一般来说，使用孩梦珠的人会在一小时内醒来，但如果执念太深，会睡得更久，甚至彻底陷入梦境，最终精神崩溃。 我等啊等，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在此期间，卢星一不停地说着梦话，睡眠中的人口齿不清，但有一个名字他重复了很多次，被我听了出来。他在梦里一直呼唤着一个名叫雪莉的女孩。入睡的时间越长，卢星一紧闭的眼皮下眼球跳动越快，他的额头上开始出现细密的汗珠，嘴唇渐渐发白。我盯着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半小时了，再不唤醒卢星一，他极有可能醒不过来了。我伸手拍打他的肩膀：“卢哥，醒醒！” 醒醒！星星我用力越来越大，可卢新一始终没有反应。我一狠心，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啪！这巴掌把旁边卿卿我我的一对小情侣吓了一跳，他们还以为我和卢新一在打架，赶紧离开了。卢新一的脸上出现了一个通红的巴掌印，我手心抽的都发麻了，可卢新一仍旧没有醒来的迹象。坏了，坏了！我没想到卢星一对梦中女孩有这么深的执念，抽脸都喊不醒他，这可如何是好？ 接下来的十分钟，我又尝试了一些办法，比如在他的耳边大喊他的名字，比如掐他的腰，去不远处超市买冰水浇在他脸上。可方法用尽，卢新一仍旧不肯醒来。我没了办法，慌乱间想起出发时林老板给了我一个锦囊。难道林老板早就预测到了此情此景？我从口袋里翻出锦囊，吹去封口的朱砂粉，将锦囊打开。锦囊里是两张黄色的纸条，展开一看，是道家的符箓。纸符上画的图案。 以及龙飞凤舞的字迹我，我统统都看不懂。除了两张纸符外，锦囊里还有一张白色的纸，上面是林老板的字迹。他告诉我，如果使用含梦珠的人醒不过来，就把两张纸符分别贴在他和我的额头上，这样我就能进入对方的梦境，将其唤醒。我心中一阵后怕，我还是经验太少了。如果不是今天出门碰到林老板，卢心一恐怕会被我害惨。我按照林老板的指导，先把纸符贴在卢心一的额头上。说来神奇，纸符上没有胶水。 但一碰到卢星一的额头，就紧紧地贴住，风都吹不走。我躺在卢星一的身边，把另一张纸符贴在自己的额头上。我只觉眼前一阵恍惚，然后就睡着了。等我回过神来时，人还在体育场，但周围的景象和之前有所不一样。比如脚下的草坪显得有些破旧，再比如周围运动的大学生穿的也是夏日的短袖。抬头一看，太阳高照，周围的树木上知了叫个不停。五月还没过，怎么就夏天了？不对。 这是卢星一梦中的场景，我四处扫视，很快就找到了卢星一。他模样大变，不再是成熟的大叔范儿侦探，而是留着短发、模样稚嫩的大学生。在他的旁边站着两个年纪相仿的女孩，其中一人看着面熟。我仔细一看，这不是年轻版的慧星吗？我明白了，这个梦境的时间是十年前。我走到三人旁边，偷偷的听他们聊天。这三人有说有笑，浑身上下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聊天过程中。 卢星第一的眼神一直在慧星旁边女孩的身上。卢星一与慧星喊她雪莉，与我入梦前从卢星一梦话中听到的名字一模一样。卢星一与雪莉两人手牵着手，关系亲密，一看就是热恋中的男女朋友。两人都没注意到一旁看似欢笑的慧星眼中藏有一丝落寞。卢星一说的没错，慧星从大学时期就喜欢他了，可惜的是，卢星一喜欢的是慧星的好闺蜜雪莉。看来雪莉就是卢星一梦中的女孩。 可曾经如此恩爱的一对情侣，卢星一是怎么忘记他的？而且梦中的雪莉为何又让卢星一忘记自己呢？还有慧心为什么要撒谎告诉卢星一他并没有谈过恋爱呢？我接着往下看，天色渐晚，三人分开。我没有跟着卢星一，而是走向两个女孩。林老板跟我说过，韩梦珠的能力不是重现记忆，而是重现历史。但凡与卢星一执念有关的历史，即便他从未见过，也可通过韩梦珠知晓。 我走在两个女孩的身边，她们谁都没有发现我。在卢新一的梦中，我犹如透明人，谁也看不到我。两个女孩结伴回到了宿舍，路上她们聊了很多。雪莉一直在感谢慧心，感谢她让自己结识了卢新一，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慧心眼中的落寞更加的深沉，我看到她用力的攥着拳头，指甲都掐进了肉里。在他们的谈话中，我猜测出了事情的经过。慧心与卢新一最先相识，她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帅气的大男孩，但是因为羞涩，迟迟不敢表白。 在后来的接触中，卢新一认识了慧心的闺蜜雪莉，两人一见钟情。等慧心发觉不妥时，两人已经在一起了。从那之后，慧心一直把对卢新一的爱慕藏在心中，不敢表露出来。两个女孩走进了宿舍楼，我眼前的场景瞬间一变，来到了一家奶茶店。这家奶茶店我曾在卢新一提供的照片上见过。熟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我回头一看，看到了卢新一、雪莉以及慧心，三人依旧是说说笑笑。 但卢星一与雪莉的视线都在对方身上，移不开目光。两人都没有发现一旁的彗星眼底已经泛红。场景在变，奶茶店变成了咖啡厅，随后又变成了游乐园。这些场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只有卢星一和雪莉，没有彗星。三人行最终变成了两人行。场景最终定格在校园门口。经过火热的发展，卢星一与雪莉已经是亲密无间。清晨，他们两人从宾馆赶回学校上课，一路上说说笑笑。 完全没有看到在校门取快递的彗星，彗星死死地盯着两人越行越远的背影，眼中不仅充满了嫉妒，还有无法掩饰的怨恨。梦境中的时间过得飞快，不过片刻功夫，三人已经到了大四毕业的年龄。卢星一是校篮球队的成员，毕业前他将最后一次代表金门大学参加比赛。这个场景比之前的场景都长，我心中有了猜测，在这里或许将会揭晓卢星一忘记雪莉之谜。篮球比赛很激烈，卢星一打得也很精彩。 但我的注意力都在慧心和雪莉两个女孩子的身上。两人坐在观台最高处，雪莉手里握着两个应援棒，大声的为卢星一加油。而他身旁的慧心却是有些心不在焉，他不停的捏着自己的衣角，手心里全是汗。在比赛的过程中，他常用眼睛的余光看向雪莉，眼神惶恐。比赛结束了，卢星一代表的金门大学获得了篮球比赛的胜利。雪莉兴奋的往篮球场跑，似乎想要在第一时间给卢星一爱的抱抱。 可他，当他跑到看台中间时，脚下忽然一滑，整个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看台上传来惊呼声，卢星一仿佛感应到了什么，眼神移了过来。下一刻，他大喊着雪莉的名字冲了过来。当卢星一赶到时，雪莉已经没了气息。卢星一摇晃着她的身体，哭得撕心裂肺。而慧心仍旧站在看台的最高处，他惊恐地望着雪莉，双手捂住嘴巴，眼神中暗藏的情绪难以言表。我走到雪莉身边，在她的身上。 我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和我与纸扎匠斗法时感受到的气息很是相近。毫无疑问，雪莉的死不是意外，而是有阴人作祟。忽然间，我的目光被雪莉的后脖梗吸引了，在几丝碎发下隐藏着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图案。这是一只侧着身子的乌鸦，它全身漆黑如墨，唯独眼睛是血红色的。阴人的气息正是从这只红眼乌鸦图案传出来的。这是什么纹身吗？正当我准备凑近仔细看时， 乌鸦图案开始褪色，不到三秒钟的时间，消失的干干净净，阴人的气息也无影无踪。雪莉，卢新一撕心裂肺的呼喊声，让整个篮球馆被震得仿佛闹了地震，剧烈的颤抖不停，头顶的天花板都开始掉土落灰。我惊醒过来，这不是闹地震，而是梦境正在毁灭。卢新一的情绪太大，已经影响到他的精神，再不唤醒他，就要出大事了。我伸手握向卢新一的肩膀，神奇的是，我竟然能碰到他了。 我使劲摇晃他，大声对他喊：“卢新一，快醒醒，这只是梦。”然而卢新一仿佛听不到我的呼喊，依旧是嚎啕大哭。眼见篮球馆要塌陷，我急中生智，对卢新一喊：“我能救活他。”卢新一停止了哭泣，愣愣地看着我：“真的吗？”“当然是假的。”但现在这个情况，我只能继续骗他。“真的，你快跟我走！”我拉着卢新一冲出了篮球馆，前方有一处亮光。 如果我没猜错，那是离开梦境的大门。那边，往有光的地方跑！我拉着卢新一拼命往前跑。可就在我们即将抵达大门时，前方地面忽然出现了一条巨大的裂缝。这道裂缝仿佛一道鸿沟，挡住了我们求生的路。我心生绝望，这次真的要栽了。千钧一发之际，梦境大门外传来一个带有浓浓金门特色的声音：“两位朋友，纸符可不兴往头上贴，你们再不出来，可就没机会了。” 说来神奇，这个声音传来后，梦境大门忽然伸出两根发光的绳子，自动缠到我们腰上，把我和卢新一拉了过去。穿过大门的瞬间，我清醒了过来。我猛地从草地上坐起，满头大汗。一旁的卢新一也惊醒过来。天色已暗，体育场上的大学生都走光了，只剩下我和卢新一以及一个穿着黑风衣的男人。这男人不到四十岁，蹲在我和卢新一的中间。他戴着皮手套的双手各捏着一张纸符。男人身上有阴人的气息。 他把手中的纸符拿到眼前打量了一下，用金门口音问我：“宁楠楠是你吗，人啊？”我不知道这男人是谁，但显然是他救了我们，于是回答道：“我不认识宁楠楠。”男人把纸符放我眼前晃了晃：“你不认识宁楠楠？借符谁给你的？”“林老板给我的。”听到“林老板”三个字，男人脸上笑开了花：“是林玄吗？老熟人了，快起来，坐地上不凉吗？”他拉起我，我拉起卢新一。 卢星一还在回味刚刚的梦境，眼神都不聚光。我原本打算今天能回安德的，现在看来是没戏了。就我的男人非常热情，说要请我吃饭，我没敢立马答应，生怕又是一个贪图我阴阳眼的阴人。前辈，您怎么称呼？我吗？江湖上都称我为黑爷。我假意查看卢星一的情况，悄悄掏出手机给林老板发了个短信，询问他认不认识这个黑爷。林老板很快就回了三个字：是朋友。这下我放了心。 想请黑爷吃个饭，好报答他的救命之恩。黑爷是个敞亮人，说金门是他的地盘，哪有让客人做东的理？硬拉着我到了一家装修特别豪华的饭店。等服务员上了菜，卢星一也回了神。他问我自己怎么会把雪莉给忘记了。我没隐瞒，把在雪莉身上发现的异常告诉了他。我怀疑雪莉的死与阴人有关。卢星一听后恨，恨得差点把筷子攥断。旁听的黑爷则是对我在雪莉身上发现的神秘图案感兴趣。张贤。 你把看到的图案给我形容一下。我重复了一遍，黑爷的表情变得凝重了。竟然还有黑鸦的孽党在外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黑鸦”这个称呼，急忙追问。黑爷告诉我，黑鸦是一个由阴人组成的组织，曾经做过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十几年前覆灭。末了，黑爷还感叹道：“当初黑鸦覆灭，林老板可是首功。”卢新一问：“为什么黑鸦覆灭了，雪莉还会被他们所害？”黑爷叹了口气。 肯定是有余孽没有落网，也不知道这些年又有多少无辜的人受害。如心一恨的咬牙切齿，一副想找黑鸭报仇的模样。黑爷叮嘱我，回去之后记得把此事跟林老板说清楚。黑鸭对林老板恨之入骨，如果卷土重来，林老板定是首当其冲。我表示记住了。黑爷就换了话题，问我是怎么和林老板认识的。我把自己的遭遇说了出来，当然阴阳眼的事情我没有说。听我说自己是天煞孤星，黑爷来了兴趣。 他让服务员找了几枚硬币，然后对我说：“你刚入行不久，没听过我黑爷的名号。我是金门铁算子一脉，最善算命。你想不想让我给你补一卦？”林老板的朋友肯定不会是江湖骗子。我急忙说：“想。”黑爷笑着对我说：“铁算子一脉有个规矩，不见钱不补卦。你带钱了吗？一百两百不嫌多，一块两块不嫌少，随便意思一下就行。”我从口袋中把钱掏了出来，一共五百，都给了黑爷。黑爷问了我的生辰八字。 然后双掌合拢，把硬币放在手心里晃了两下，扔在桌子上。硬币散开，有正有反。黑爷研究了一会儿，表情有微妙的变化。我问黑爷算到了什么，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欲言又止。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道：“就当我没给你算过这一卦吧。”我傻了眼，还能这样的？黑爷可能是觉得过意不去，解释了两句：“你的命格比较特殊，飘忽不定。我现在算到的不一定会应验，这万一说错了。” 等于把自己的招牌给砸了。不过有一点我能跟你说说，你小子命中有树桃花，不过桃花有刺，要不要摘？你自个儿琢磨琢磨。黑爷这话让我想起第一次见九爷时的情景，九爷给我看了个面相，也是说我命犯桃花。吃饱喝足后，黑爷知道我们今晚还没住所，喊来服务员给我们订了一个标间。我先安排好卢新一，然后下楼送黑爷。临别前，我问了黑爷一个问题：黑爷，您入行早，经验丰富，知不知道有什么阴物？ 明明能在人身上感应到气息，可就是找不到，而且气息还会忽然消失。黑夜没解释，而是在酒店大厅的自动售货机上买了一瓶水，笑呵呵地递给了我。走了呀，有空常来金门玩。我望着手中的水，若有所思。回到房间，我用手机买了明天回安德的高铁票，让卢心怡早点休息。谁知我半夜醒来，她衣服未脱，坐在床上发呆。我知道她在想念雪莉。第二天回到安德。 我让卢星一打电话给慧心，喊他出来一起吃个饭。卢星一没有心情，但在我的要求下，还是打了这个电话。我们约的上次吃饭的火锅店。慧心一进门就询问道：“心一，你昨天去哪里了？我去你侦探所没找到你，打电话也不接。”卢星一回答道：“我去了一趟金门。”我盯着慧心的脸，她的表情变得有些慌乱。她磕磕巴巴的问：“你去金门有什么事吗？”卢星一的表情有些生气。 我知道他想质问慧心，为何要说自己从未谈过恋爱？明明他与雪莉曾经是那么的相爱。我从桌下踢了卢新一一脚，抢先回答：“卢哥最近不老是做怪梦吗？梦里都是他上大学时的情景，就让我陪着去逛了逛。”慧心明显更紧张了，有什么发现吗？我又踢了卢新一一脚，示意让我来说：“有，我们碰到了卢哥以前的老师，老师说卢哥上学时身边有两个女孩子与他形影不离，一个是你。” 另一个他忘记名字了，慧心姐，你记不记得？不记得。我看到慧心握筷子的手在颤抖，肯定是那老师记错了。我给卢新一打了个眼色，卢哥带烟了吗？瘾犯了，咱出去抽一颗。说完，我拉着卢新一离开了。走到门口，卢新一问我：“张贤，你到底在卖什么关子？为什么不让我问雪莉的事情？”卢哥，你跟我来。我拉着卢新一在火锅店里绕了一圈，来到了慧心身后不远处。 独自在座的彗星一直在往门外看，似乎想要确定我和卢新一是不是真的去抽烟了。过了一会儿，他从自己的包包里掏出一个水晶瓶，他拿来卢新一的水杯，将水晶瓶倒转，一滴晶莹剔透的液体滴入杯中。望着正在往自己水杯里滴药的彗星，卢新一震惊的瞪大了眼睛。他在做什么？我对卢新一说：“现在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失忆了吗？”我快步走上前，在彗星把水晶瓶放回包包前，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慧星吓了一跳，猛地回头，看到了我和愤怒的卢新一。卢新一质问道：“你在我的水杯里放了什么？”慧星支支吾吾的说不上来。我反手拿过水晶瓶，打开瓶盖，浓郁的阴雾气息从瓶中涌出。之前我在卢新一身上感受到的就是这股气息，怪不得之前卢新一身上的阴气会莫名出现，又会莫名消失。出现是因为慧星暗中下药，而消失则是卢新一的身体吸收了药效。望着水晶瓶中晶莹剔透的液体， 我忍不住在心中惊叹，虽然在林老板给我的笔记中见过此物，但亲眼所见依旧震撼不已。我替慧心回答：“这是忘情水。”慧心不敢置信的看着我，他大概想不明白我为何知道此为何物。我对卢心一解释道：“忘情水是一种特殊的阴物，相传是宋代诗人陆游的表妹唐婉的眼泪所化。陆游二十岁时娶了自己的表妹唐婉，两人本是恩爱鸳鸯，奈何陆游的母亲不喜欢唐婉，逼迫两人分开。后来两人各自娶嫁。” 十年后，仕途不顺的陆游回到家乡，在雨季伺后的沈园碰到了唐婉，只是陪伴在唐婉身边的已经不再是自己。他悲从心来，在沈园的墙上题词一首：“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依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默默默，一年后，在有沈园的唐婉看到了陆游在墙上题的词，不禁回忆起当初与陆游的恩爱时光，回词一首：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 马马鞍鞍马鞍，唐婉回家后，整日以泪洗面，最终郁郁寡欢而死。相传她的眼泪滴入家中池塘，而这汪池水变成了鹦鹉忘情水。忘情水的作用十分神奇，喝下后会忘记自己心爱的人。我问慧心：“忘情水十分稀有，你从哪里得来的？”这是连茶馆都没有的鹦鹉。若不是林老板的笔记中有记载，恐怕连我也认不出来。慧心知道自己白嘴难辨。 没有隐瞒。三周前，有一个男人找上门，说知道我暗恋新一许久，却因为新一始终忘不掉雪莉而没办法在一起。他给了我这瓶忘情水，让我每隔几天喂他一滴，最多一个月，新一就会彻底忘记雪莉。我盯着慧心的眼睛，他眼神没有闪躲，应该不是在撒谎。解释完后，慧心看着卢新一，泪眼婆娑。新一，对不起，我实在是太爱你了，十年，整整十年了，我爱你爱的太辛苦了，对不起，对不起。 如心依望着哭得梨花带雨的慧星，心似乎软了。他伸手想要抱住这个暗恋自己十年的女孩，但就在这时，我一句话让他犹如触电般收回了自己的手。这就是你杀死雪莉的理由吗？慧星像是受惊的兔子，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声喊道：“我没杀他！”周围的食客侧头看来，我把慧星按回座位上，缓缓的说道：“你还记不记得十年前的那场篮球赛？”慧星的身体猛然一颤。 他仿佛回忆起非常恐怖的画面，眼泪流个不止。不用我再说些什么，他的情绪自己就崩溃了。他嚎啕大哭，哭了很久都停不下来。卢星一脸上的表情满是震惊，他不敢置信的看着慧心，好似第一次认识这个女孩。你，你杀了雪莉？慧心握住卢星一的胳膊，使劲摇头，脸上的妆都哭花了。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故意的。卢星一发了疯，反手抓住慧心肩膀，使劲摇晃，告诉我。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慧心哭得更凶了，不肯说一句话。他大概知道，一旦自己把真相说出口，卢新一将会永远的离开他。我把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十年前，看着与卢新一成双成对的雪莉，慧心心中的嫉妒像是草原上的野火，越烧越旺。他无法原谅抢走自己心上人的雪莉，嫉妒使他失去了理智。或许是慧心找上了阴人，也可能是阴人找上了慧心。正如十年后，他给卢新一暗中服下忘情水一样。 十年前，他用相似的手段，悄无声息地害死了雪莉。我记得梦境中雪莉死时慧心的表情，她眼中充满了恐惧与后悔。或许她真的不忍心自己的好闺蜜死去，但为了与卢星一在一起，她最终还是没有阻止这一切的发生，而是眼睁睁地看着雪莉从看台上滚了下去。我讲述完后，慧心停止了哭泣，她崩溃地说道：“我没想杀雪莉，我只是让那人分开你们。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杀死雪莉。”卢星一如遭重击，她脸色惨白，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事情的真相会是这样？他伸出手想要给慧心一巴掌，然而巴掌迟迟没有落下。扑通！卢新一气血攻心，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我拨打了急救电话，与慧心一起陪着卢新一赶往医院。等我忙前忙后跑完了住院手续，慧心在病房门口拦下了我。两天后，卢新一出院，我陪着他一起回到了侦探所。侦探所的门口有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卢新一丢失的一号档案盒。盒子里是厚厚的调查资料。 全都与雪莉有关，而最新的一张照片上是一只红眼乌鸦。随后带走电脑的小哥也来了，他复原了被覆盖的录像。偷走一号档案盒的正是彗星，他复刻了侦探所的钥匙，随时都能进出。一切都理顺了。十年前，彗星借用黑鸦的力量，暗中杀死了雪莉。但他没想到，卢新一对雪莉情根深重，过了十年都没有接纳他。不仅如此，卢新一早就察觉到雪莉的死不是意外。这十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调查。 就在不久前，他找到了蛛丝马迹，查到了黑鸦在雪莉的死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黑鸦组织察觉到卢新一的所作所为，他们见不得光，必须要让卢新一停止调查。或许是怕杀人容易被盯上，他们选择借彗星的手抹除威胁。于是有人找到彗星，给了他忘情水。一直心心念念想和卢新一在一起的彗星，忍受不住诱惑，如黑鸦所愿，悄悄给卢新一服下忘情水。卢新一失忆后，他怕卢新一看到以往的调查资料，再回想起来。 偷偷来到侦探所，将有关雪莉的所有资料都偷走了。金门一行后，卢新一因为忘情水丢失的记忆全部找了回来。他拿起红眼乌鸦的照片，问我：“这就是你在雪莉身上看到的纹身吗？”我点了点头。在海梦珠构建的梦境中，雪莉死前耳朵后面的确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纹身。所以，杀死雪莉的凶手就是黑鸦队吗？卢新一相信彗星只是想分开他和雪莉，而不是想杀死雪莉的话。 毕竟两人曾经是那么要好的闺蜜。我再次点头。不管慧心有没有撒谎，但黑鸦的确是杀死雪莉的直接凶手。卢新一咬牙切齿道：“我会继续追查下去，我一定要为雪莉报仇。”他掏出手机给慧心打电话，想要找他问出更多关于黑鸦的情报。然而，电话始终打不通。别打了，他已经走了。我告诉卢新一，在他昏迷的时候，慧心找过我。他想要回忘情水。他告诉我，当初他一时嫉妒，一步错。 不，不错。如今秘密被卢星一发现，他们恐怕再也回不去了。十年的暗恋也该结束了。我把忘情水还给了他，慧星当着我的面一饮而尽，然后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我不知道忘情水会不会让他忘记卢星一，因为卢星一已经证明，只要爱得足够深，即便服下忘情水，依旧难忘曾经强烈炙热的感情。如果无法完全忘记，或许慧星在剩下的岁月里，会时常在梦中见到一个有强烈熟悉感的男孩，醒来时却记不起他的脸。 唯有泪流满面，这对他来说是报应，也是赎罪。听完我的话，卢新一沉默了许久。在我准备离开时，他忽然问我：“黑爷说，当初黑鸦覆灭，林老板是首功。这段历史我不清楚，但黑爷的确是这样说的。”卢新一继续道：“如果黑鸦复活，肯定会找林老板的麻烦，对吧？”我说：“应该会是这样。一会儿我回茶馆，要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好好说给林老板听。你要是成为林老板的徒弟。” 也会成为黑鸦报复的目标。我愣了下，这事儿我还真没想过。不过我并不害怕，只要我跟着林老板好好学习，学到了真本事，就不怕他们。卢新一把他这十年调查到的有关黑鸦的资料都给了我，拿去看看，或许有帮助。你们阴人的手段太厉害，我一个普通人是斗不过他们的。我需要你的帮助。他顿了一下，问道：“等你接手茶馆，需不需要一个伙计？”我知道卢新一想借我的力量为雪梨报仇，但这不是坏事。 因为黑鸦也是茶馆的敌人，卢新一是个不错的同伴，他聪明、老练，有他辅佐，我肯定能少走很多弯路。我笑着对他说：“缺，当然缺。等我接手茶馆，就来找你。你现在是我的预备合伙人了。”回到茶馆后，我找到了林老板，先是归还了海梦珠，然后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讲了出来。我本以为林老板听到黑鸦卷土重来会很吃惊，可他的情绪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好奇的问。 老板，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林老板嗯了一声。黑鸭复活是迟早的事情，他宽慰我：“不要太担心，当初黑鸭的骨干都入了监狱，现在都还在服刑，黑鸭就算复活也难成气候。”看到林老板胸有成竹，我心宽了不少。我问林老板：“帮卢星一解决失忆，我还没有收钱，这算不算我一桩生意？”林老板说：“算，他本就是考验我独自经营茶馆的能力，只要事情能妥善解决，收不收钱？” 我自己决定就行，我高兴极了。再完成两件生意，我就能正式拜林老板为师了。可还是那个问题，茶馆门可罗雀，只靠等下一单生意，指不定什么时候才会上门。我好好的休息了一天，第三天准备再出门碰碰运气时，卢新一来了。他给我带来了六万块钱，说是我帮他恢复记忆的劳务费。我想了想，没有收。我和卢新一现在已是相互认可的朋友，他还是我相中的预备合伙人。朋友之间帮忙，讲钱太俗。当然。 我也没有给他免单，我让他给我找一个客户来抵这六万块。卢新一经营侦探所很多年，人脉比我想象的更多。当天下午，他就带着两人来到了茶馆。来人是一对中年夫妇，两人看上去快有六十岁了，丈夫头发白了大片，夫人染了发梢显年轻一些。我热情的邀请两人进店，请他们坐下。卢新一说他还有事情忙，先走了。送走卢新一后，我问这对夫妇：“大叔阿姨，看你们愁眉苦脸的，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大叔反问我：“如侦探说，你能帮人驱邪，是真的吗？”我露出自信的笑容：“能。茶馆里能驱邪的阴物有好几件，随便拿一件都能轻松胜任。”大叔将信将疑，用手肘推了推一旁的夫人，示意他来说。阿姨露出一副愁眉苦脸，打开了话匣子：“小伙子，中邪的是我们的女人贝贝。我给两位上了茶，让阿姨别着急，慢慢讲。”谁知阿姨一开口就泣不成声。 我们贝贝是个好孩子。从阿姨的讲述中，我大概了解到了发生在他们女儿身上的事情。他们二十岁就结了婚，直到三十岁才得一女，宝贝的不行，因此取了个小名叫贝贝，寓意心肝宝贝。大叔和阿姨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对贝贝的期望特别高，可谓是望女成凤。从贝贝懂事起，两人就给贝贝规划好了成长的道路。大叔和阿姨。 在他们年轻的那个时代，享受到了知识带来的红利。在其他人卖力气打苦工时，他们因为会写字，做起了文职工作。冬天有暖气，夏天有风扇，逢年过节发的福利都比普通工人多。因此，他们坚信知识改变命运，一定要把自己的女儿贝贝培养成高级知识分子。贝贝两个月会翻身，六个月会爬，七个月会喊爸爸妈妈，九个月就已经在蹒跚学步，比其他小孩快了许多。这让大叔与阿姨相信自己的女儿是个天才。别人家的孩子。 都是三岁送入幼儿园，而贝贝还没两岁就开始被大叔与阿姨逼着背古诗。阿姨自豪地跟我说：“我们贝贝三岁进幼儿园时，已经能把整本的《唐诗三百首》背下来了。”大叔接下了话茬：“从上幼儿园起，贝贝一直是班里的前三名。小学生、初中是全市前五十名，初中生、高中是全市前一百名，高考更是名列前茅。”我从两口子的话里听出了由衷的自豪。不过，这跟他们女儿遇到的麻烦有什么关系呢？ 我正想询问，两口子的表情忽然变得有些悲伤。阿姨对我说：“贝贝本来是一个特别听话的孩子，高中毕业前从来都没有忤逆过我们。”可，阿姨说着说着，眼睛红了。我递给她一张纸巾，让她稳定一下情绪。大叔叹了口气，语气中带有一丝后悔。高考结束报志愿的时候，我们和贝贝起了争执。他想报考电影学院，他从小就喜欢写文章、看电影，说是想成为一名编剧。可我们清楚，编剧哪是那么好干的呀、啊？要是没人要他的剧本。 岂不是得饿肚子？我和他妈妈的意见是让他报考师范学校，以后当一个老师。老师多好啊，有编制，国家给发工资，福利也不差，一辈子都不用愁。再说了，他想写剧本，可以当一个语文老师嘛，业余时间写一写，当爱好，多好。可贝贝不理解我们，跟我们大吵大闹，甚至还砸了家里的电视机。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么逆反的女儿。我好奇的问：“然后呢？最后你们谁说服了谁？”大叔表情微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还是阿姨说出的答案，我们拗不过他，只好趁着他睡觉的时候偷偷改了他的志愿，他没发现，最终报了师范大学。只是从那以后，我们和贝贝的关系就不像以前那么好了。我真想吐槽两句，这不是废话吗？我要是他们的孩子，也得记恨他们一辈子。贝贝大学四年一直没有回家过年，我们打给他的生活费，他也一分钱没花。我们去学校找过他，他一边打工一边读书，特别的累。阿姨叹了口气，这个倔强的孩子。 就是不肯原谅我们，两口子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贝贝毕业后从外面待了一年，你说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怎么舍得她离家那么远？于是我们去找了她，去她公司闹，去找她房东闹，让她没了立足之地，只能跟我们回来了。按照我们的意愿，当上了老师。回来后，这孩子也不省心，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我们给她挑了那么多好男人，有公务员，有事业编，还有企业老板，可她偏偏自己找了一个书店老板。你说这不是诚心气我们吗？ 我想了个办法，开出那男人绝对拿不出的彩礼钱，让他知难而退。我听的是目瞪口呆，直接打断了两人。大叔、阿姨，咱直奔主题吧。你们为什么说自己的女儿中邪了？她表现的不对劲。阿姨紧张的握紧茶杯，很不对劲。怎么个不对劲？她阿姨欲言又止。她太听话了。我听不明白。问阿姨，你们想要的不就是个听话的女儿吗？不一样的。她毕业后，我们的关系虽然改善了一些。 但也没像现在这样对我们言从计听，不管我们让他吃什么、喝什么、做什么事情，他都非常乖巧的去做。我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阿姨，这可不算中邪的表现。大叔抢着说道：“那吃土算不算？”我让大叔仔细说说。大叔告诉我，就在前几天，他正在给家里的盆栽换土，看到女儿过来，就跟他讲解营养土的妙用。他开玩笑说这土很有营养，问女儿要不要吃。结果他抓起土来就往嘴里送。 大叔眼前仿佛又浮现了当时的情景，表情震惊。我把图抢回来，他还反问我：“不是我要他吃的吗？”阿姨抢话：“还有，还有，前天晚上降温，我怕贝贝睡觉没盖好被子着凉，半夜去他房间看了看，谁知道他根本没有睡觉，而是坐在书桌前学习，看的还是高中数学课本。我叫了他好几声，他才答应。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不是嫌他高考数学考得差吗？他想自己补一补。听到这，我也觉得有些诡异了。” 两口子的女儿大学都毕业好久了，半夜复习高中数学，这不合情理啊！阿姨问我，我们女儿她是不是中邪了？光从言语中我不好判断，两口子的女儿也可能是犯了精神疾病。我说这样吧，我随你们回家看看，见了贝贝我才能搞清楚。两口子直说好，我在茶馆拿了一件驱邪的阴物，随他们回了家。入家门后，大叔说女儿下班才会回来，让我先坐下喝口茶。我说不用了，想在房间看看。 四处逛了一下，我发现这个家很不一样。有一间卧室被改造成了展览室，一面墙壁上贴满了三好学生的奖状，获奖人刘贝贝。另一面墙则是展柜，柜子里摆的都是些陈旧的东西，有已经掉色的红领巾，有发白的鞋子，更多的还是一些照片。这些东西的旁边都有说明，比如红领巾旁边写着“纪念刘贝贝加入少先队”，鞋子旁边写着“纪念刘贝贝荣获校运动会二年级组二百米跑冠军”。我看明白了。 这间屋子展示的都是刘贝贝从小到大获得的荣誉，简直是一个小型展览馆。大叔见我在参观，走上来骄傲的说道：“我们把这些留下来，就是想告诉孩子他有多棒。”看完了展览，我经过大叔的同意后，又去了刘贝贝的卧室。进门前，我发现了一个细节：这个家中所有的屋子，包括刚刚的小展览室，门上都没有留钥匙，唯独刘贝贝卧室的房门上插着一把钥匙。换句话说，这房间是无法反锁的。 怪不得阿姨能半夜看到刘贝贝在卧室中复习高中数学，感情她随时都能进入女儿的房间。六贝贝的卧室很简单，除了一张床外，只有书桌和书柜，没有任何的色彩，一点都不像是女孩子的房间。书柜里满满的都是书籍，但不是文学作品和杂志，而是一些试卷讲解，不知道是刘贝贝教学所用，还是当初上学时留下的。我转了一圈，在桌子下看到了一个玩偶的包装盒，从盒子上的图片来看，是一个木偶玩具，但我并没有在卧室里。 见到这个木偶，大叔也看到了包装盒，生气的说道：“都让他扔掉了，怎么还留着？”我好奇的问：“为什么要扔掉？”大叔气不打一处来：“这是那个书店老板送的，那个小子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想娶我们贝贝，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着，他拿起包装盒扔到了门外。一般来说，中邪的人家里或多或少会有些煞气存在，但在刘贝贝家中，我并没有发现。 到了傍晚，刘贝贝下班回来了。见到她的第一面，我在心中就给她贴了一张标签——乖乖女。她衣着朴素，没有年轻人喜欢的花里胡哨，头发乌黑，没有烫卷。回到家后，先跟父母打招呼，见到陌生的我还微笑着点头示意。如此知书达理，性格温顺，想来是许多家长所喜欢的孩子。阿姨按照我教的话，向刘贝贝介绍：“贝贝，这是张贤，是我娘家远方的亲戚，今晚和我们一起吃饭。” 刘贝贝再次微笑着向我打招呼，丝毫不询问和阿姨娘家姓氏根本对不上的我究竟算哪门子远方亲戚。吃饭时，我们面对着面，她始终不言一语，只有大叔和阿姨与她说话时，她才会简短的回答。我暗中盯着她看，她身上没有一丝煞气，但奇怪的是，在她的身上，我总觉得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违和感，说不清道不明。吃完饭后，刘贝贝收拾后碗筷就准备离座，我给阿姨打了个眼色，阿姨立马开了口。 贝贝，张贤带来了一些家乡特产零食，味道很不错，你尝尝。阿姨手中拿了这一块小点心，这哪是什么家乡特产？是我刚刚在冰箱中随便找的。不过我在点心里动了手脚，我把大半管芥末塞进点心里，普通人一口咬下去，肯定辣的哭爹喊娘，眼泪鼻涕横流。好，我尝尝。刘贝贝接过点心，两口就吃了下去，他表情丝毫没有变化。吃完后说道：“真好吃，爸爸妈妈，张贤，我回屋去了，你们慢慢吃。” 说完，刘贝贝走向自己的卧室。阿姨喊了一句：“别忘了明天的乡亲，早点起床打扮一下自己。”知道了。卧室屋门关闭，大叔和阿姨紧张的看着我。张老板，贝贝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贝贝身上一点煞气都没有，不可能是中邪。可芥末一口吞，表情都没变，也没法解释。我只好说要回去再想想，明天给他们答复。我没让两口子出门相送，独自下了楼。 楼下花坛坐着一个抽闷烟的男人，他脚边扔着一个熟悉的木偶玩具。我心中一动，走上前问：“你找刘贝贝？”男人抬起头问我：“你怎么知道？刘贝贝有一个相同的木偶玩具，是不是你送的？”男人一脸警惕：“你是谁？怎么知道这么多？”我打量着他，也没像大叔说的那么不堪啊。我主动介绍自己：“听说我是来给刘贝贝驱邪的。”男人着急的问我：“贝贝他怎么样？” 他最近变得我都不认识了，我让他别着急，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我，我才好做出判断。男人叫小王，一番交谈后，我知道了小王和刘贝贝之间发生的事情。小王是一家小书店的老板，前年刘贝贝前去书店为学生挑选辅导教材时与小王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感情不断升温，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恋爱一年后，小王认为他与刘贝贝的年龄都不小了，该谈婚论嫁了，于是向刘贝贝求婚了。刘贝贝答应了，可到了。 见双方父母的环节，刘贝贝犹豫了。他告诉小王，自己的父母可能会比较难沟通。讲到这，小王又点了一根烟。我本以为能用自己的真心打动贝贝父母的，没想到他们把我和我买的礼物一起扔出了家门。原来，小王的家庭情况有些特殊，他有一个患病的母亲，治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存款。当他把这些情况如实坦白时，刘贝贝的父母当场翻脸，坚决反对两人的婚事，还把小王撵了出去。 刘贝贝的父母要求女儿和小王分手，刘贝贝坚决不同意。僵持了许久后，刘贝贝的父亲提出了一个条件：小王想娶刘贝贝可以，但要拿三十万的彩礼。这看似是刘贝贝的父亲退让了一步，实际上他这是以退为进。母亲患病的小王如何能把母亲的救命钱拿来做彩礼？不想让小王为难的贝贝主动提出了分手。小王不想这份感情就这样断了，每天晚上都在楼下等刘贝贝下班，可刘贝贝仿佛变了一个人，不管他说什么都不搭理。 直接上楼。我问小王：“你说刘贝贝像是变了一个人，是哪里变了？”眼睛。小王激动的说：“眼睛，我以前非常迷恋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很漂亮。可现在他眼里一点光都没有。”这话让别人听到，肯定会以为小王是疯了，却是提醒了我。回想起刚刚吃饭的场景，刘贝贝的眼神一直在躲闪，不肯与我直视，像是在逃避什么。阴阳眼。我恍然大悟，他在逃避我的阴阳眼。 我扔下小王，再次回到刘贝贝家，敲开了门。开门是刘贝贝的父亲，他看到我，问道：“有什么东西落下了吗？”我让大叔把刘贝贝喊出来，我要再见他一面。大叔把我请进屋，然后敲了敲刘贝贝的屋门：“贝贝，你出来下。”刘贝贝的声音从屋里传来：“我睡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这才晚上七点半，谁会睡这么早？他肯定是故意避着我。我二话不说，直接冲进了屋里。 门上有两口子留的钥匙，卧室反锁也没用。我拧着钥匙推门，门打不开，于是用力撞了两下，砰的一声，门开了。我站在门口，倒吸一口凉气。刘贝贝坐在地上，他刚刚用身子顶着门，被我撞倒了。坐在地上的他没能避开我的眼睛，我们两人终于是对视上了。这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阴阳眼发烫，随后在我的视野里，刘贝贝的模样渐渐淡去，最终变成一个木偶玩具。这才是他的本体。 张老板，你这是做什么？阿姨听到我的撞门声，急忙跑了过道来。她看到坐在地上的刘贝贝，心疼的不行。闺女，你怎么坐在地上了？快起来！说着，她就要上前把刘贝贝拉起来。我拦住了阿姨，死死的盯着刘贝贝。我问她：“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虽然这么问，但心中其实已经有了答案。自我阴阳眼识破了他的本体，就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阴雾。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 也从未在《殷商笔记》中见过记载的全新鹦鹉，或许是因为他被我识破了，刘贝贝的身影忽然消失不见，只听啪嗒一声，木偶玩具掉在了地板上。大叔和阿姨吓坏了，急忙问我：“贝贝人呢？”我把木偶玩具从地上捡起来，心中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就在这个时候，外面客厅响起了敲门声：“刘大哥在家吗？我们是物业的。”开门后，物业人员对大叔说道：“刘大哥。” 刚刚有咱小区的业主跟我们反映，你们家地下室有很大的臭味，是不是存了垃圾？能去清理一下吗？我心一沉，不祥的预感应验了。大叔仿佛猜到了什么，疯了一般的跑下楼去。我、阿姨还有物业的人员跟着跑下去。打开地下室房门的瞬间，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昏暗潮湿的地下室中，地面上有一个翻倒的椅子，而上方是刘贝贝悬挂的尸体。他已经死去多时了。 身体肿胀的像是充了气的气球，已经开始腐烂，散发着恶臭的味道。阿姨当场晕了过去，大叔哭天抢地，物业人员则是慌张的去报警。翻倒的椅子旁有一封信，我走上前拆了开来。信上是娟秀的字体，但字里行间却充满了心酸。信的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爸爸妈妈，相信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很感谢你们带我来到世上，也感谢你们把我养育成人。 我知道我的离开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可能会让你们伤心很久，但我仍旧想要离开。自我记事起，我就没有一天是快乐的。当其他小朋友在外面嬉戏玩耍时，我却只能待在家里背诗词。如果没背过，背错了，你们甚至连饭都不给我吃。等我上了小学，别人家的孩子放学就能去玩，而我要去上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小学升初中时，隔壁家的孩子考了三百名，父母奖励他去旅游，而我考了全市前五十名。 你们却说我没有把真正的实力考出来，罚我再做三十张试卷。初中生、高中时，我考了全市前一百名，你们更是上手打我，质问我怎么能退步这么多。可你们知道吗？中考第一百名和第一名之间只相差三分。你们的逼迫让我彻底丧失了学习的兴趣，每日在课堂上我都如坐针毡，我的成绩飞速下滑。高考时没能考上你们想要的北大、清华，甚至连九八五的门槛都没能达到。你们对我冷言冷语了三天，然后替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让我报考本省的师范大学，我不肯。那时候的我已经十八岁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逃离你们的控制。我想学编剧专业，十二年的苦读，唯有文学是我的挚爱。我不想再碰那些枯燥乏味的公式，我想随心所欲，追求自己的爱好。但你们不同意，你们说编剧不如老师稳定，安安稳稳才是最好的追求。那是我第一次不肯让步，我希望你们能认同我，但等到的却是你们偷偷更改了我的志愿。 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心灰意冷，你们却笑得很开心，只留给我一句话：“我们是为你好。”十八年来，每当我想做一些自己渴望的事情时，等到的都是这句话。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可我是你们的孩子，不是你们的宠物，更不是你们的奴隶。我为什么要处处都听从你们安排？我不想再复读，只能去念我不喜欢的师范专业。至少离开了家，我能逃避你们的管束，能难得的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我选择了反抗。 我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坚决不用你们的一分钱。毕业后，我选择留下，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可在你们的眼里，我的行为大逆不道，只有服从你们的安排，回到家乡当一个老师才是正确的选择。为了达到你们的目的，你们竟然用尽手段把我绑回了家。你们好狠的心啊！回到家没多久，你们又开始忙着张罗我的婚事，说女大不好嫁，该结婚生子了。每个星期。 我都要去见你们安排的相亲对象，你们觉得那些男人很不错，和我很般配，可你们从来都不想一想，我是个有感情的人，不是一个等待配种的母猪。直到我遇上了小王，我以为我这一辈子至少能选择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可你们听说小王的家境不好时，直接给我们的爱情判了死刑。我们分手后，你们甚至无法容忍我保留一件小王送的礼物。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在你们死去前，我的人生没有任何选择。我很想杀死你们，但我不能。 因为你们是生我养我的父母，所以我选择杀死自己。再见了，亲爱的爸爸妈妈，希望我走以后，你们能找到一个让你们满意的孩子。我做不到，累了，想要休息了。你们的女儿刘贝贝。读完信，我忍不住叹了口气，将信留给大叔，然后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我已经搞清了前因后果。刘贝贝像是牵线木偶般被自己的父母掌控了一生，无法反抗。他的父母很爱他，只是这份爱太过畸形，刘贝贝承受不住。 刘贝贝也爱自己的父母，所以他即便深陷绝望，也没有选择报复他们，而是选择以死解脱。或许他不想父母因自己的离去伤心。他死后，在自己最喜欢的玩具上留下了执念，使其变成阴物，代替自己活着，活成父母想要的样子。回到茶馆，我把木偶玩具给了林老板，林老板拿来阴商笔记，对我说：“这是你发现的新阴物，你有资格在笔记上留名。”这一刻，我受宠若惊。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代殷商都有资格在笔记上留名的。 我把这件新衣物命名为替身木偶，或许是因为刘贝贝的一生就是一个提线木偶，只有死亡才能让他挣脱自己被掌控的命运。我字丑，让林老板带笔记下，然后歪歪扭扭签上自己的名字。正写着，林小璐回来了。她看到我丑陋的字迹，照常是一顿嘲笑，然后蹦蹦跳跳地往二楼走。林老板问他去干嘛，他吐吐舌头，打游戏啊。等林小璐进了自己的房间，我问林老板：“小璐姐整天这样废寝忘食的打游戏。” 你会不开心吗？林老板的回答让我回味了许久。他这么大的人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做什么。小鹿自己开心，我这个当父亲的为什么会不开心呢？收回替身木偶后，只差最后一单生意，我就能拜林老板为师了。我绞尽脑汁想着怎么去找这单生意。正当我准备被阿公打个电话，问问他最近有没有什么法事需要我帮忙时，有人走进了茶馆。我心中大喜，急忙迎了上去。请问林老板在吗？ 依旧是老一套说辞，林老板不在，有事跟我说也是一样的。说话间，我打量着对方，这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男人，穿着一身休闲装。男人自我介绍了一下，他叫田峰，听闻茶馆的林老板有超越常人的手段，过来看看能不能解决自己的烦恼。我问他有什么烦恼，田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到我面前。我低头一看，照片上有两个男人，一个是田峰，另一个是和田峰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 两个男人除了衣着风格不同外，其余不管是身高还是发型，几乎一模一样。要不是照片上的田峰穿着和今天一样的服饰，我还真分辨不出来。我好奇地问：“你们是双胞胎？”田峰点了点头，介绍道：“他是我的双胞胎哥哥，红尘。”我愣了一下：“亲兄弟，一个姓田，一个姓红。”见我表情诧异，田峰解释道：“是这样的，我们刚出生时，父母因为贫穷，养不起两个孩子，就把我送人了。” 说到送人的时候，田丰的表情有些悲伤。我给田丰泡了一壶茶，让他慢慢的讲。其实我也是刚刚知道自己有一个亲哥哥。田丰徐徐道来，他本是蜀省人，就在一周前，红尘忽然来到了他的面前。当时我还以为撞了鬼，这世上怎么会有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故事是这样的：田丰的父母在把田丰送人后不久，通过做生意摆脱了贫穷的家境，养活两个孩子绰绰有余。他们想把田丰接回来。 没曾想，收养田丰的夫妇已经回了熟省老家。在那个时代，手机还是普通人买不起的大哥大，两家人直接断了联系。田丰的亲生父母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田丰，他们每年都要去熟省两次寻找田丰的踪迹。后来夫妻两人年纪大了，找寻田丰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双胞胎哥哥红尘的身上。就在两周前，红尘通过一个寻亲组织查到了田丰的信息。 欣喜若狂的他正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自己的父母时，一场灾难降临了。他在公司组织的体检中被确诊为癌症，还是晚期。医生委婉地告知他，最多还有两个月的生命。得到这个消息的红尘如遭晴天霹雳，一想到自己的父母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不禁悲从心生。而且他的父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若是经受不住打击，他一夜未眠，最终做出一个决定：红尘背着父母，独自一人前往蜀省，见到了田丰。 两人见面的时候都惊住了。虽然兄弟两人已经分离将近三十年，成长轨迹截然不同，但他们的相貌几乎完全一样。认亲后，红尘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哥哥想让我假扮他，他说父母一辈子找不到我，最多是心有遗憾。可若是自己死了，一定会伤心欲绝，毕竟养育了他三十年。这想法我能理解。可两兄弟长得再像，面对父母也很难蒙混过关吧？尤其是两人的成长环境截然不同，田峰如何去假扮自己的哥哥，才能不被识破？ 田峰对我说：“我来茶馆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养父母早已过世多年，如果能代替哥哥留在亲生父母身边，不仅是哥哥的愿望，我自己也是愿意的。”田峰一脸真诚。我想了想，茶馆好像还真有一件鹦物能够实现两人的愿望。我让他等一会儿，独身一人去地下室取来了这一块玉佩。这块玉佩上有两条首尾相连的鲤鱼。我告诉田峰，这件鹦物叫双鱼佩，大有来头。晚清时。 慈禧将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而在鄂省汉口却出现了一名假冒光绪皇帝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与光绪长得有七分相似，行事风格更是与光绪皇帝一模一样。汉口的官员皆是被骗，三跪九叩，被骗去大量的钱财，但在其卷钱逃走前，被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识破，斩于菜市口。这个年轻人是如何骗过那么多官员的呢？ 原来他本是给光绪唱戏的伶人，多次入宫，将光绪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学了过来。他死后，身上的玉佩变成了阴物，也就是如今我手中的这块双鱼佩。双鱼佩上的两条鲤鱼，一白一紫。我告诉田丰，等他哥哥咽气前，把哥哥的血滴到白色的鲤鱼上，再把自己的血滴到紫色的鲤鱼上。如此，等哥哥红尘过世，他的一缕魂魄,魄就会附在双鱼佩上。田丰带着双鱼佩，就算是亲生父母，也分辨不出自己的儿子换了一个人。 田峰听后大喜，急忙说：“这鹦鹉他买了，我开价五十万。”田峰没有还价。送田峰离开时，我叮嘱他：“必须是你哥哥自愿滴血流魂，否则你佩戴双鱼佩将会有大麻烦，明白吗？”田峰说自己明白，急匆匆的走了。卖出第三件鹦鹉，代表着考核已经完成。林小璐开心极了，拉着我去吃了顿大餐。林老板说他要准备一下拜师仪式，大概要等两周的时间。这两周。 茶馆里风平浪静，直到我在看新闻时发现了一条寻人启事。寻人启事是这么写的：被寻人姓名田丰，被寻人性别男，被寻人籍贯安德。后面还有被寻人特征的描述，以及配有一张照片，赫然就是不久前在茶馆买走双鱼配的田丰。我有些奇怪，按照时间推断，田丰的哥哥应该已经去世了，田丰现在以哥哥的身份生活在亲生父母身边，安德本地无人认识他。 难道是他来自蜀省的朋友发的寻人启事？可没人知道田丰来到了这里。启事上的籍贯怎么会是安德呢？我心中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如果换做其他商人，东西卖出去就跟自己没关系了。但林小璐跟我说过，如果有人用阴物作恶，阴商有责任把阴物收回。我决定调查此事，因为这是考核期间出现的问题，我不能寻求林老板和林小璐的帮助。于是我跑去了卢新一的侦探所，找他帮忙。 谁知卢新一看到田峰的照片，立马认出来了。我见过他。我问卢新一哪里见过此人，他说在朋友的律师所，当时这人正在咨询财产赠与的事情。他帮我打电话问了一下律师朋友，对方告诉他，当时来咨询的人不叫田峰，叫红尘。这事越发的诡异了。我问卢新一，能不能帮我调查一下这兄弟二人？卢新一的效率很高，第二天一份资料就摆在了我的面前。果然，田峰对我撒谎了。 他与红尘的确是双胞胎兄弟，但他的父母根本没有将他卖掉，而是一直养在身边。之所以两兄弟不同姓，是因为田峰根的母姓，而哥哥根的父姓。卢新一托了医院的朋友，把安德的大医院都问遍了，最近半年并没有给叫红尘的患者确诊过癌症。除此之外，卢新一还整理了两兄弟的工作资料。两人的父亲是安德一家大企业的董事长，哥哥红尘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父亲的企业上班，而弟弟田峰则是在一家小公司打工。 卢新一问我：“你有没有觉得这两兄弟的工作差距有点大？”我也有些纳闷，他父亲掌控着一家大企业，怎么忍心自己的儿子给别人去打工？卢新一的资料里有红尘所在的公司地址，我决定去亲自去调查一下。来到洪氏集团的门口，我刚好看到熟悉的面孔，田峰带着一个漂亮的妹子坐上了一辆白色的玛莎拉蒂，驶出了集团。我冲他挥了挥手，他没看见我。我找门口的保安打听了一下。 保安说：“开车的是他们老总的儿子红尘，坐在副驾的妹子是红尘的未婚妻。”我问保安知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保安一脸警惕地望着我，问我是什么人，打听这个做什么。我随意编造了个理由，说自己是律师，不久前红尘找我咨询过一些事情，但是忘记留电话，事情比较急，我只好亲自找上门来。保安打量了我一会儿，大概是没见过这么年轻的律师，好在他没有怀疑，告诉我可以去两条街外的一家高档餐厅碰碰,碰运气，两人一般会去那里吃午饭。我寻了过去。 在餐厅门口的停车位上见到了那辆玛莎拉蒂。走进餐厅，我在靠窗的位置上见到了田峰。田峰也看到了我，他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慌张，但很快就掩饰了过去。他扭过头，假装不认识我。我走到他的面前，喊出他的名字：田峰。田峰再次扭过头，假装很平静地对我说：“这位先生，你认错人了，我是田峰的哥哥。”我的目光下移，看向他裤子的口袋，烟雾的气息太明显了。 我不可能认错人的。我眼睛的余光看到田峰的手抖了一下，他把车钥匙给了女伴，不动声色地说：“亲爱的，你先回公司吧，我有些事情跟这位先生谈。”女伴盯着我看了好久，似乎把我当成了坏人。在田峰的再三劝说下，她才离开。等到女人离开餐厅，田峰才敢正视我的眼睛。张老板，我们的生意已经做完了，你还来找我做什么？我看到餐桌上有一盘水饺，问田峰：“饺子好吃吗？” 田丰有些恼怒，“你什么意思？”我讥讽他，“什么意思？不都说好吃不过饺子，好玩不过嫂子？你可别说照顾自己的未婚妻也是你哥哥的请求。”田峰的脸色发青，他双手攥拳，手背上青筋暴起，他咬牙切齿的跟我说：“你懂什么？如果不是哥哥横刀夺爱，我早就和他在一起了。”田峰深吸一口气，讲起了他与哥哥之前的恩怨：“我和哥哥是双胞胎兄弟，但我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才讲一个开头，田丰的眼睛就红了起来。两个孩子生下后，孩子一家人都很高兴。父亲张罗着要拿孩子的生辰八字找高人给孩子起名。就在这个时候，孩子母亲的娘家提出一个要求：他们田家就一个闺女，想让弟弟随娘家的姓，延续娘家的香火。孩子的父亲原本不同意，但孩子母亲哭着哀求了许久，甚至以离婚相逼，父亲只能同意。于是，两个孩子，一个随父姓叫红尘，一个随母姓叫田丰。 然而，正是因为这姓氏之差，导致两个孩子的在成长的过程中享受着完全不一样的待遇。两人小的时候还看不出什么，红尘比田丰更受父亲和爷爷奶奶的宠爱，尤其是爷爷奶奶买玩具只给红尘买，田丰只能玩哥哥不要的玩具。再大一些，红尘穿的衣服都是爷爷奶奶给买的名牌，而田丰的衣服则是妈妈给准备的。学生时代的差距还不够大，可自从大学毕业，两人的待遇天差地别。父亲给红尘准备好了工作。 入职就是家族企业的高层，平日里常与各种上层人士结交，开拓视野。而田丰父亲则是不管不顾，让他自己去找工作，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不仅如此，父亲还给红尘买了别墅，配了豪车，而田丰什么都没有。忍无可忍的田丰去质问自己的父亲，为什么同样是他的儿子，他和哥哥会被区别对待？父亲的回答让田丰如遭雷击。父亲告诉田丰，原因很简单，他姓田，不姓红。 如果他也想要别墅与豪车，去找田家要。田峰跑去找母亲，质问他为什么当初要让自己随他的姓。母亲以泪洗面，直说对不起。田峰想要更改自己的姓氏，他也想姓洪，但父亲阻止了他。父亲告诉田峰，他已经决定未来把自己的企业和家产都继承给哥哥洪辰，遗嘱已经立好，做了公证。讲到这里，洪峰把手中的筷子都捏断了。明明我和哥哥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最可恨的是。 红尘还抢走了我心爱的女人。田峰告诉我，刚刚坐在他对面的女伴名叫王莹，是他先认识的。他对王莹一见钟情，疯狂追求。可当王莹得知田峰与红尘在这个家的区别后，转头就投入了哥哥的怀抱。田峰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引得许多目光投来。他仿佛毫不在乎地冲我吼道：“凭什么？凭什么？”我对他说：“这样贪财拜金的女人，你又何必执着呢？”田峰冷笑。 我执着的不是这个女人，而是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现在已经亲手拿了回来。我不想再听田峰的故事，直截了当的问他：“你杀死了你的亲哥哥？”田峰没有回答，他警惕的看着我，可能是怕我身上有录音装备。其实这个问题我心里早有答案，红尘肯定是死了。我把手伸到田峰面前，田峰问我：“什么意思？”我直截了当的告诉他：“把双鱼配交出来。”田峰下意识的护住自己的口袋。 他恶狠狠的对我说：“我们钱货两清，东西已经是我的了，你没资格要回去。”我说：“我有资格，因商祖训要收回在人间作恶的阴物。”田峰不给他喊了一声，当即有两个身材高大的保安走了过来。他嘲笑我：“没想到吧？这家餐厅是我哥哥开的，现在归我了。”田峰让保安把我扔出去。两个保安凶神恶煞的盯着我，仿佛我再不走，他们就真的要动手了。林小璐没来，动起手来吃亏的肯定是我。 但我没打算就这么忍气吞声。我盯着田丰的眼睛，一字一句的告诉他：“你还会再来找我的。”撂下这句话，我自己离开了。回到茶馆，我主动找到林老板，把双鱼配的事情告知了他。林老板说：“鹦鹉已经卖了出去，虽然我被骗，但并不会影响考核结果。”他要我自己处理这件事。他说：“人心复杂，被谎言欺骗，对于殷商来说是常有的事情。只有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我笃定田峰会回来找我。 因为他哥哥洪峰并不是自愿在双鱼配中留下魂魄的。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距离我们上次见面的第八天，熟悉的玛莎拉蒂停在了茶馆门口。田峰提着一个黑色的手提箱，一下车像是疯了一样，连滚带爬的跑进茶馆，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他满脸恐惧的哀求我：“张老板，救救我！求求你救救我！”林小璐听到声音，从二楼房间里走了出来。她把双臂搭在二楼栏杆上，笑嘻嘻的往下看。 我让田丰从地上起来，有什么事坐下说。田丰从地上爬起来，把手提箱放在茶桌上，输入密码，打开。箱子掀开的瞬间，我眼皮狠狠地跳动了一下。箱子里是码的整整齐齐的红色纸币，崭新崭新的，散发着浓郁的油墨味，一看就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张老板，上次是我有眼无珠，唐突了您，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您只要肯救我，这一百万就是您的了。看着满满一箱子钱，说不心动那是假的。 我当然有帮助田峰摆脱困境的方法，但是会伤天害理，我不能做。强忍心中的贪念，我问田峰：「你最近是不是常常昏睡，醒来却发现自己不在床上，而且对昏睡时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田峰点头如小鸡啄米。张老板，你真是料事如神。自从我代替哥哥后，我被公司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以前公司的事情都是哥哥在打理，我哪会那些，把很多事情都搞得一团糟。第一次出现症状是八天前。 也就是我跟您从餐厅分开后，我回到办公室，看着堆积如山的文件，我觉得头疼，想睡一觉再处理。谁知道等我醒来，所有的文件都处理完了，上面都是我的签字。田峰毛骨悚然的表情不是装出来的，他吓坏了。我急忙调出办公室里的监控，张老板，您猜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原本趴在桌子上睡觉的我，忽然起身睁开了眼，然后拿起笔开始工作，整整持续了一个小时，直到处理完所有的文件。田峰捏紧拳头，瑟瑟发抖。忽然间，他大声的对我说。 这只是开始，接下来这一周，我昏睡的时间越来越久。有时候醒来是我跟客户谈完了生意，有时候醒来是开完了公司的董事会。昨天晚上我醒来时，王莹夸我刚刚好勇猛。张老板，你告诉我是哥哥，是我哥哥红尘对不对？他想霸占我的身体。我点了点头，对于田丰的描述见怪不怪。在《殷商笔记》中，对于双鱼配有详细的副作用描述。自双鱼配诞生，有不少人利用双鱼配的神奇效果假扮他人，有人假扮过富豪。 有人假扮过贵人，甚至有人假扮过将军，其中有不少人和田丰一样，在没有征求假扮者同意的情况下，用凶恶的手段杀死的对方，强取魂魄，结果无一不是惨烈收场。进入双鱼配的魂魄会逐渐侵占使用者的身体，鸠占鹊巢，最终因为魂魄与肉体不匹配，使用者最终会暴毙而亡，不得善终。不过田丰的情况有些特殊，他与红尘是双胞胎，身上流着相同的血。 红尘的魂魄并不会与田丰的肉体排斥，最终红尘会以田丰的身份重新活过来。这很像修仙小说中的夺舍。我把事情的严重性全部告诉了田丰，田丰听后更加害怕了，他哀求我：“张老板，快救救我吧！最近我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再这样下去，我早晚有一天会醒不过来的。”和上次一样，我把手伸到田丰的面前，他愣愣的看着我：“做什么？把双鱼配还回来，只有这样，你才能活。” 田丰面露纠结，他问我：“如果没有了双鱼配，那他是不是就不能假扮哥哥了？”我说：“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强求不得。”田丰一咬牙，求生的本能最终战胜了贪念。我给他把手伸到脖子处，他的脖子上有一条红绳，想来是把双鱼配做成项链挂在胸前。谁知他提了两下，红绳纹,纹丝不动。田丰惊慌地脱掉上衣，我定眼一看，只见他胸膛微陷，卡住了双鱼配，怎么会这样？ 田丰拼命去抠，可他越是用力抠，双鱼配线的越深，最终完全长进了肉里。田丰慌了神，向我求救：“张老板，快帮帮我！”他话都没说完，头一歪，倒在茶桌上睡着了。田丰，我推了他一下，田丰重新抬起头来，但当我与他对视时，我发现他的眼睛里流露出的神采变得不一样了。田丰从容不迫的穿好衣服，起身对我鞠了一躬：“张老板，请再给我两天时间。” 我保证会把双鱼配给你送回来的。田峰走了，准确来说是红尘走了。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三天后，田峰再次回来，将双鱼配还给了我。望着坐在我对面的男人，我问他：“我该怎么称呼你？”男人很客气，叫我红尘也行，叫我田峰也可以。我拿起双鱼配，上面已经没有魂魄了。毫无疑问，眼前的这个男人是红尘，他已经占据了弟弟的身体。 重新活了过来。叮<病>，我的手机发出提示音。我点亮屏幕一看，是我软件推送的本地新闻：失踪富豪之子已被寻到，服毒自杀，已过世多日。田峰死了，虽然尸体是红尘的。至于新闻中说的自杀，大概是红尘自己伪装的。我问红尘，他恨田峰吗？红尘摇头说不恨。他说他能理解自己的弟弟。我们同样的父母，却待遇不同。换做是我，也会嫉妒到发疯的。他叹了口气。 田峰死后最伤心的是我们的母亲，她非常后悔当初听娘家人的话给田峰改姓。其实我很爱弟弟，我想过补偿他。几个月前我还去找律师咨询财产赠与的事情。父亲或许不会给他什么，但我这个做哥哥的总归要补偿他一些。只是我没想到，他竟然想夺走我的一切。我问红尘，如果他真的爱自己的弟弟，又怎么会去抢弟弟的女朋友？如果我说田峰撒了谎，你信吗？最早认识王莹的是我，不是他。 是田丰见色起意，假扮我接近王莹，最后被王莹识破了。可能就是从那一次起，他生出了彻底替代我的想法。我无法判断这句话的真假，这已经不重要了。经历这件事后，我又长了一点经验，那就是客人讲的故事，不管有多么凄惨，多么真实，都不要全信。身为殷商，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两天后，林小璐破天荒的没有打游戏，她把正在喝茶看报的我拉起来往外走。小璐姐，你带我去哪？带你去买衣服啊。 我有些纳闷，为什么要买衣服啊？虽然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可我还是有几件 T 恤的。林小璐拍了我一下，没好气的说道：“明天老爹要摆拜师宴，会请很多客人，你就穿这身衣服，丢不丢人啊？”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个情况。的确是我考虑不周，丢我自己的人没关系，但不能丢林老板的人。林小璐拉着我逛了好几家商场，我本以为他会给我挑西装衬衣，没想到最后给我买了一身黑色红袖的唐装。我穿上新衣服，站在试衣镜前。 不得不说，镜子里的我还真有点人模狗样。小鹿姐，我这装扮行吗？不给林老板丢人吧？林小璐打量良久，点了点头：“不错，有点少年高手的风范了。”他帮我付了钱，然后推着我进更衣室：“快点把衣服换了，接下来该陪我逛街了。”往后四个小时，我充分了解到陪女人逛街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林小璐几乎每一家店都进，看到喜欢的衣服都会问我好不好看，可偏偏又一件没买。 始终两手空空，逛到最后，我已是双腿灌铅，一步都走不动了。我向林小璐告饶：“小璐姐，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让我休息会儿吧。”林小璐很不满意，嫌弃的指了指店里的沙发：“过去坐着去吧，你呀，缺乏锻炼。”等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才发现沙发上都是和我一样累的、脸皮都要垮掉的男同胞，他们向我投来同病相怜的眼神，像是无声的诉说着自己的委屈。 林小璐一直逛到天黑，才算是过足了瘾。她请我吃烤鱼。吃饭的时候，我紧张地问她：“小璐姐，明天会来很多人吗？”林小璐自豪地回答：“当然，明天你就明白自己拜了个多么厉害的师傅。”林老板平日里非常低调，看起来像和蔼的林家大叔，但林小璐常说，林老板在阴行里很有名望和地位。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到了第二天，宴会定在了晚上，由林小璐去接待客人，林老板则是带着我来到了茶馆的地下室。 地下室我来过很多次了，熟到闭眼都能知道哪件鹦物摆放在哪个架子上。但今天似乎有些不同。地下室北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画像，画像上一位老者，从他的衣饰和发型来看，是一个古人。画像下摆着一张小小的方桌，桌子上立着一个灵牌，灵牌前则有一个紫金铜炉，铜炉的旁边放着刚起封的檀香。我的目光被灵牌上的字所吸引：“初代殷商祖师爷宫灵。”林老板让我站好，他走到灵牌前。 伸手取了三根檀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林老板既没有用火柴，也没用打火机，他只是把檀香在空中晃了晃，檀香自己就点燃了，冒出一缕青烟。林老板跪在下，恭敬的磕了三个头，他对着灵牌说道：“祖师爷在上，第二十一代弟子林玄，今日带着张贤前来拜见。”小贤，你过来。我急忙走到林老板身边，不用他指示，我就跪了下去。林老板再次开口。 祖师爷，小贤这个孩子聪明伶俐，勤修好学，且天生阴阳眼，是一个好苗子。他已经通过了我的考验，我想收他为徒，还请祖师爷同意。说完，他起身把手中的三根檀香插入紫金铜炉中，又取出三根新的檀香递到我的手中。小贤给祖师爷磕头上香，我学着林老板的样子，恭恭敬敬的给祖师爷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起身上香。上香的时候，我有些纠结，我可不会让檀香自燃的本事。 给祖师爷上没有点燃的香，是不是太不像话了？正当我准备开口向林老板借火时，我与画像中的祖师爷对上了眼，我只觉一阵恍惚，画中的祖师爷仿佛活了过来，站在我的面前审视着我。我紧张极了，磕磕巴巴的向祖师爷请安：“祖师爷，您您好。”祖师爷没有说话，他伸出一只手，轻轻的拍了拍我的头。我能清楚的感受到祖师爷手掌的温度和重量。可当我眨了眨眼，祖师爷又不见了。 只是墙面上的画像轻轻的摆动了一下，我心中迷茫。地下室没有风，画像怎么会动呢？再低头，我手中的三根檀香不知道什么时候点着了，青烟飘荡。小贤愣着做什么呢？给祖师爷上香。我赶忙把手中的檀香插入香炉。林老板严肃的对我说：“从今日起，你就是殷商第二十二代传人了。你要记得，你生是殷商，死亦是殷商，无法回头了。生是殷商，死亦是殷商。” 无法回头，师傅这话说的很是玄妙，似乎暗含深意。我追问是什么意思，他却告诉我，日后我会自己参悟。给祖师爷磕过了头，我就算是正式入了殷商这一脉的门。师傅弯腰帮我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我赶忙把他扶起来，说使不得，这该是徒儿给师傅做的活。师傅笑得开心，走吧，今儿我请了不少朋友，小鹿一个人恐怕接待不过来。我跟着师傅来到了安德最豪华的饭店，师傅说他包了一个大厅，总共摆了八桌。 林小璐站在大厅门口接待着客人，她身边还有三人，看起来和林小璐很是熟络。这三人两女一男，其中一个女人年纪和师傅相仿，是个韵味十足的美少妇，年轻时必定更加漂亮。站在她身旁的是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男生，他和师傅的长相有五分相似。最后一个女人身材比林小璐更高挑，看不出年龄，应该比林小璐大不了几岁。我回想起来，过年时林小璐曾跟我说过，他们一家共有五口人，她排行老二。 上面有个大姐，下面有个小弟，我记得清楚。师傅的老婆叫宁楠楠，之前带着卢星一去金门时，师傅给我的符箓就是出自师娘之手。林小璐还说过，她母亲是官府管理阴人所设立的机构十三局的二把手，想来在阴行也是赫赫有名。林小璐的弟弟叫林天佑，第二十二代阴商本该由他继承，可他对师娘一脉的传承更有兴趣，所以师傅才不得已苦寻合适的传人，直到决定收我为徒。林小璐的大姐叫林素素，关于大姐。 林小璐没有多讲过，只说大姐是个真正的高手。每逢提起大姐，我都能从她的语气中听出难以掩饰的崇拜之意。我跟师父走上前，家人难得聚集在一起，看得出师父很是开心。他与师娘拥抱在一起，虽然是老夫老妻了，但恩爱依旧，看得我很是羡慕。林小璐打趣道：“你们老两口守着我们这些年轻人搂搂抱抱的，害不害臊？”师娘拧着林小璐的耳朵，差点把她给提起来。怎么，羡慕老娘？ 你们三个倒是快点找对象啊！一个个一点都不给我们省心。林天佑委屈的说：“我才十九岁，法定结婚年龄都没到呢，要催也是先催大姐和二姐。”师娘哼了一声：“十九岁怎么了？不会先谈恋爱啊？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不是成年前就谈过几场恋爱了？你倒好，连女生的手都没牵过，娘都替你感到丢人。”我哑口无言。师娘可真是个有趣的人，训完了自己三个孩子。 师娘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我忍不住的打了个机灵。师娘看了我许久，问师傅：“这就是你选的徒弟？”师傅点了点头：“已经在祖师爷灵牌前磕过头了。”师娘看了一眼我，又看了一眼林小璐。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奇怪的情绪，我以为他有话要说，最终却是催促我们快一点：“宾客来的差不多了，都进去吧。”师傅和师娘走在最前面，林素素和林天佑紧随其后。林小璐挽住我的胳膊，把嘴巴凑到我耳边说。 别紧张，跟着老爹就对了。我咽了咽口水，用力点了点头。一入大厅，我惊呆了。八张桌子，除了第一桌空着六个座位外，其余七张桌子座无虚席。我们一进门，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来，其中大多数目光落在了师傅身上，其余人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师傅向众人拱手：“抱歉，抱歉，让大家久等了。”一桌桌的人向师傅道着恭喜。我看得出来，这些人不只是说的客套话。 他们对师傅的敬重都是真情实意，在场的每一个人身上都带有淡淡的阴气，毫无疑问，他们都是这个行当里的人。其中我还见到了两个熟悉的人，一个给我看过面相、救过我命的九叔，另一个是在金门刚我卜过一卦的黑爷。黑爷还是那熟悉的形象，但九叔却是大不相同了、啊。今日的九叔一改往日乞丐的形象，他穿着一身古朴的中山装，头发打上发蜡，脸上的神情也不是以往那种嘻嘻哈哈的模样，十分的严肃。 看起来有点像是电影中的帮会老大。九叔看到我，向我点了点头。我记起师傅之前对我说过的话，再见到九叔，一定要好好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我走到九叔面前，对他深深鞠了一躬。九叔，救命之恩无以为报，日后但凡有用的着我的地方，还请尽管开口。看到我这副模样，九叔愣神了一下，随后将我扶了起来。上次不是说了吗？我救你是为了还林老板的人情。我摇了摇头。您还师傅的人情是您的事。 我要报答您的救命之恩是我的事，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的。九叔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他对师傅说道：“林玄啊，你这徒儿在人情世故方面倒是比你年轻时强不少。”师傅拍了拍我肩膀，带着我继续往前走。我们走到第一张桌子前，六张空着的椅子自然是给我善臣氏一家五口和我准备的。桌上剩下的四个人，除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外，其余三人皆是上了年纪，一看就是德高望重。 师傅带着我先给四位老人行礼，他挨个介绍。三位老者中有一人是师娘的师傅，名为方玄熙；另一人是方玄熙的师兄，茅山的老天师。至于第三人，则是龙虎山的老天师。这三位天师都已年近百岁，可谓是阴行中的泰山北斗。至于剩下的中年人，这人的身份与我更亲近一些，师傅称呼他为表哥。经过介绍，我才知道此人名叫张龙，是道教正一派的天师。这一桌四人。 可以说是道家最厉害的人物齐聚一堂。张龙在出家前还有一重身份，我师傅的师傅，殷商第二世代传人。林小璐悄悄用手指戳了我一下，暗中提醒我：“张贤，你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喊师爷！”得到林小璐的提醒，我急忙向张龙行礼：“见过师爷。”张龙笑呵呵的说道：“我早就不是殷商了，不用向我行礼。”他冲我点了点头，似乎对我很是满意，是个懂礼貌的小子，表弟。 你眼光不错，师傅给自己倒满了酒，对四位天师说道：“今日四位天师给我林玄面子，大驾光临，我和徒儿敬天师们一杯。”林小璐给我端了一个酒杯，满满当当的。我当时心里就犯了苦水，托阿公的福，我一闻到酒味就吐。这一大杯下肚，我的小命怕是要交代在这了。但我不能丢了师傅的脸，喝就喝吧，这里全是高人，别说是酒，就是毒药，我喝下去也能给救回来。正当我准备心一横，仰头把酒灌进肚子时， 我眼睛的余光看到林小璐在向我眨眼睛，我心中一动，悄悄闻了一下杯中的酒，一点味道都没有，是白开水。我在心中对林小璐说了一百遍谢谢，然后恭敬的向四位天师敬酒。我一边碰杯，一边自我介绍：“小子张贤，给四位天师敬酒。”白水下肚，我看向师傅，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张龙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了我：“送你的见面礼，是个不值钱的小玩意儿。”我有些局促。 不知道该不该收，师傅开了口：“前辈们的心意，收着吧。”我赶忙双手接下，定眼一看，是一枚青色的玉牌。玉牌本身不是值钱的东西，但上面刻着一张符箓，刻刀留下的痕迹龙飞凤舞，一看就不是凡品，绝不像师爷说的那样不值钱。其余三名天师也纷纷拿出见面礼，交到我手中。茅山的两位天师各自给了我一把桃木剑、一把红漆镜面、一把黑漆素面，虽然颜色不同，但明显是一对法器。 我对阴人的法器不甚了解，但我看到一旁的林小璐喜笑颜开，分明是很喜欢这对桃木剑。至于龙虎山的天师，则是给了我一本书，书的封面上写着“龙虎山安宅镇邪护救符”，是一本与符箓有关的书籍。我一一谢过，再次鞠躬。我抱着四位天师给的礼物，不知道放哪里好。这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师傅的儿子林天佑。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辆小推车，车上放着一个大竹筐。林天佑示意我把礼物放进筐里。 我有些犹豫，觉得这样很失礼。他仿佛看出了我的顾虑，低声说：“放吧，当初我拜师时也是这么搞的。待会儿还要跟着老爹挨桌转呢，七十件礼物，你两只手可抱不住。”我惊讶万分，原来参加宴席的每一个人都给我准备了见面礼。我受宠若惊，对师傅的江湖地位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心中忍不住的升起一把火，我这辈子若是能混到师傅这种程度，也算是一生无憾了。把四位天师的礼物放入竹筐，我再次端起酒杯。 跟着师傅前往下一桌，当然，杯中依旧是林小璐特意准备的白开水。一桌十位前辈，每一个人都给我准备了礼物，其中有不少鹦物。大概因为师傅和我是殷商，大家投其所好。整整八桌，除去师傅一家人和我，总共七十四人，我收了七十四件礼物。林天佑给我准备的竹筐，差点就装不下了。每到一桌，师傅都会郑重地向大家介绍我，也会非常认真地向我介绍每一位前辈。看得出师傅很高兴。八杯酒下肚。 他脸蛋通红，却仍旧能够与客人们谈笑风生。轮到九叔在的那一桌，九叔举着酒杯问师傅：“这么年轻就收徒弟，你是准备往南边去？”师傅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九叔叹了口气：“真是为难你了。要是我年轻个二十岁，就替你去了。”师傅单独跟九叔碰了碰杯：“不为难，毕竟是为国为民的事情，我心甘情愿。”一饮而尽后，师傅对九叔说：“这孩子。” 你帮我照看一下，九叔笑着说：“行，这小子我看着顺眼，趁着我这把老骨头还走得动，就帮你照拂一下。”宴席一直进行到晚上十一点才结束，期间师傅与众多宾客推杯换盏，气氛融洽，而我却很局促，和这些前辈在一起，不知道该说什么话，甚至手都不知道往哪放。好在林天佑时不时的与我搭话，为我减轻了一丝紧张感。你叫张贤是吧？跟我老爹学艺是不是很无聊？我说哪有。 能跟着师傅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林天佑撇了撇嘴：“你可别说违心话。我小的时候，老爹想把他那套本事传给我的，每天逼着我背那本《殷商手册》，比新华字典都厚，谁背得过啊？”我哑然失笑，的确是很厚，到现在我也没能全背过，每日都要抽出一个小时来复习。林小璐听到我们谈话，凑了过来：“天佑，到你妈妈那，你就不用背了。毛山上的经文不比老爸的笔记难背。”林天佑嘿嘿一笑。 压低声音，老妈特许我只学茅山除鬼降妖术，不用背经。林小璐撇了撇嘴，老妈可真偏爱你。林天佑忍不住吐槽：“你怎么不说我们三个孩子里，老爹最宠的就是你？”两姐弟拌嘴的时候，大姐林素素也凑了上来。照你们这么说，大姐我是妈妈不喜，老爹不爱了。林小璐和林天佑同时闭嘴，看得出他们两人都有些怕林素素。林素素目光转向我。 听说之前你害小鹿两次犯病，林小璐给我打圆场，姐张贤不是故意的，你别怪他。回想起林小璐为了救我犯病的情景，我心有些痛，老老实实的承认错误。大姐，是我的错，我以后一定不让小璐姐为我操心。林素素对我的态度很是满意，倒是敢做敢当。不过你小子身子骨也太弱了些，老爹就没把他另一套本事传给你吗？我满脸迷茫，师傅还有另外一套本事是什么？ 林小璐向林素素打了眼色，林素素叹了口气：“也对，老爹另一套本事能不能传，他自己说了不算。妹啊，老爹马上就要去南边了，天佑学艺还没结束，妈妈又忙，姐姐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以后茶馆就你和张贤两个人，我们不在身边，万一碰到麻烦事，你可怎么办？”林小璐撅嘴：“大姐，我不弱的。”林素素瞪了一眼：“但你有病。”林小璐不说话了，这是事实，她没法反驳。 我立即表态，以后我来保护小鹿姐。你，林素素不屑一顾，就你这战五渣，我可听说了一个半吊子的纸扎匠就差点把你给杀了。我也选择了闭嘴，因为这也是事实，同样无法反驳。林素素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件用红布包裹的物品，细细长长的递到我手里。别人都送了见面礼，做大姐的也不能小气，这东西归你了。林素素给我的礼物，细细长长。 隔着红布握在手中，像一块木板。我没忍住好奇心，当场拆开。红布下是一把刀，刀鞘非常古朴，与刀柄一样由红木打造。林小璐十分惊讶：“大姐，这可是你的宝贝，你真舍得送给张贤？”林素素一脸肉疼，但说着非常大气的话：“大姐又不是小气的人，只要他能保护好你，送他又何妨？”林天佑在一旁口水都快流下来了，他冲林素素撒娇：“大姐，你也送我一把好不好？” 一边待着去。我用手掌轻轻抚摸刀鞘，这不仅是一把刀，还是一件银鹉。这刀叫什么名字？昆吾。我万分惊讶，因为这个名字我曾在书籍中见过。在林小璐给我买的众多历史古籍中，有一本《山海经》，书内有这么一段记载：“一水西二百里有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晋郭璞注：此山出名铜，色赤如火，以之作刃，切玉如割泥也。”这句话说的是。 用昆吾山上赤铜打造的昆吾刀切割坚硬的玉器，像切泥巴一样轻松。林天佑用羡慕的语气对我说：“昆吾刀可是咱华夏十大名刀之一。大姐将就刃融化制成这把新刀，又让老爹帮忙做成了阴物，寻常鬼怪一刀就能切他个魂飞魄散。”林小璐也高兴地说：“以后你再碰到鬼，光是这把刀亮出来就能把他们吓跑。有了厉害的防身宝贝，我很高兴。同时，我对林天佑刚刚的话也非常感兴趣。你刚刚说。” 这刀是师傅制成的阴物，在师傅教给我的知识里，人死后因为执念的关系，在遗物中的留下一魂一魄，才形成了阴物。他从未说过阴物还能人工制作。林天佑向我的解释，阴物的确可以人工制作，不过很困难，得等你学会老爹另外一种本事才行。林小璐转移了话题：“张贤，快把刀拔出来看看。”我握住刀柄，将刀刃拔了出来。刀刃不算太长，只有五十厘米左右，只能算是一把短刀。 其造型刀刃狭窄笔直，刀尖没有弧度。我认识这种样式是唐代的横刀，刀身泛黄，与《山海经》中的记载一样，是用铜打造的，但并不像传统的铜那般柔软。手指轻轻一敲，有清脆的剑鸣声。林小璐拿起一双筷子，轻轻的往刀刃上一敲，她没有用多少力气，筷子却应声断裂，切口整整齐齐。我忍不住在心中惊叹：好锋利的一把刀啊！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吹毛断发，削铁如泥。我再次向林素素道谢。 他摆摆手说：“回头我再给你留一本刀法，你有时间的时候好好练。要是再让我知道小鹿因为你犯病，下次回来我打断你的腿。”我赶忙答应下来。怪不得林小鹿和林天佑都怕这个大姐，她认真起来还真挺吓人的。宴席结束后，师傅亲自将所有的宾客送走，随后他让自己的家人们先回去，带着我和林小鹿回到了茶馆。回到茶馆，我给师傅煮了一壶醒酒茶，他今晚着实喝了不少，呼吸间都有浓烈的酒味。 等师傅稍稍清醒一些后，我问他要不要先回家睡觉，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师傅摇头，明天我就要出发了，还有些事情没有和你交代呢。他从茶柜下方取出一个黑色的笔记本，交到我的手中。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今晚宾客的姓名、地址以及联系方式。这是我成为殷商这些年里积攒的人脉，交给你了。以后不管在哪遇到麻烦，都可以去找他们帮忙。至少这个本子上的人会看在我林玄的面子上帮你。 手中的本子很轻，我却感觉沉甸甸的。这些人脉是师傅最重要的资产，甚至比地下室陈列的阴物更加值钱。等我把笔记本收好，师傅继续说道：“今晚宴席收的礼物，有些是适合你的，有些不适合。我让天佑帮忙分类一下，明天送过来。适合你的东西你自己收好，以备不时之需；不适合你的，存入地下室，日后遇到有缘人卖掉就行。从明天开始，这间百晓生茶馆就归你了。旧的阴物卖出去，前期三分，属于我的那份你交给小陆保管。” 新收的衣物三七分，你拿大头，有意见吗？我哪敢有意见？茶馆里的一切都是师傅打拼半辈子积攒下来的，我只是帮忙卖出去就能拿到三成，这世间哪有这么好的买卖？要知道，每一件衣物都价值非凡，随便卖出一件，哪怕我只分三成，也能满足一年的开销。师傅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小贤，我知道林子的事情让你对钱有了执念，但你要牢牢记得，钱终归是身外之物，千万不要过度追求，迷失了自己。” 成为殷商，你肯定不会再过回节衣缩食的日子，要慢慢放下执念，明白吗？我用力点了点头，向师傅保证，我会放下执念的。师傅让林小璐走近点，他的语气变得温柔。小贤，比起茶馆，你更要照顾好小璐，他是我三个孩子当中最放心不下的一个，我最少要一年不归，你要替我照顾好他。我再次用力点头，师傅你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小璐姐。林小璐不满道：“老爹，我又不是小孩子。” 能照顾好自己的，你就别担心了。师傅笑了一下，没有继续多言。他又喝了一枚醒酒茶，打了个酒嗝，忽然间表情一动，似乎想起了什么。小路，去把我的箱子搬来。林小路跑回到自己的房间，搬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木箱，箱子上满是灰尘，不知多久没有打开过了。箱子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铜锁，只是虚挂在锁鼻上，轻轻一抬就取了下来。小贤，我给你介绍两位新朋友。我满脑子疑惑。 什么朋友会被关在箱子里？箱子刚刚掀起一条缝，就传出了两个声音。林玄，我还以为你把狗爷给忘了呢。林玄<雪>，你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忽如其来的两个声音把我吓了一跳。这箱子的大小顶多放个篮球，怎么会有人声传出来呢？而且还是两个。师傅把箱子完全打开，我凑上前看到了里面的东西。这一看不要紧，着实把我吓了一跳。箱子里面有两件物品，一件是个没有血肉的骷髅狗头。 另一件则是一只白色的鸽子玩偶，难道刚刚的人生是这两样东西发出来的？这可能吗？我正想问，眼睛忽然变得滚烫，阴阳眼发挥了功效，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情景。无论是狗头还是鸽子玩偶，里面都寄居着一个人类的灵魂，区别在于狗头里的灵魂穿着一身古装，而鸽子玩偶里的灵魂则是穿着现代的衣服。狗头内再次传出声音：“林玄，这小子是谁？身上怎么有这么浓郁的烟雾味道？” 该不会是你收的徒弟吧？师傅回答道：“没错，小贤，你自我介绍下。”我急忙开口：“两位前辈，我叫张贤，是林老板的徒弟，今天刚刚才行了拜师礼。”狗头眼眶中鬼火闪烁，似是在打量我。天生煞星命格，还有一对后天蕴养的阴阳眼。林玄，你收的这徒儿资质倒是不错，怎么这次想起我，是准备让我辅佐他吗？师傅嗯了一声。 小贤的阴阳眼能吸收煞气，而你正需要煞气维持自身，你们是天生的搭档。狗头笑出了声，这倒是没错。行，在箱子里关着也是苦闷，就当是帮你看孩子了。狗头两个眼眶中的鬼火烧得更旺了。小子，你叫张贤是吧？以后每个月给我上供一些煞气，我来做你的军师。既然是师傅的安排，我自然不会拒绝。问道，不知前辈怎么称呼？叫我狗爷就行。 林小璐在旁边补充道：“狗爷的来历可不简单，你知道杨修吗？这个名字我听着耳熟，猛然想起，最近正在自学的初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叫做《杨修之死》，讲的是曹操手下曾有一名聪明的谋士，名叫杨修，他太过恃才傲物，不懂得收敛锋芒，因为过于卖弄自己的聪明才智，被曹操所厌恶，最终被杀。那句很有名气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就出自这篇文章。当然，喜欢历史的我早已清楚。” 杨修之所以被曹操所杀，并非这篇课文中讲的那般恃才傲物，而是他参与了曹操的立嗣之争，犯了帝王的大忌。难道狗爷就是杨修本人？那可真是个大名人啊！有这样的著名谋士给我当军师，我以后肯定能少走很多弯路，少吃很多苦头。对我来说，狗爷才是今晚最贵重的礼物。师傅把狗爷从箱子里取出，交到我的手里，然后就要重新关闭箱子。这时，箱子里的鸽子布偶急了眼，自己扑腾着翅膀飞了出来。 等等，鸽子布偶径直飞到我的肩膀上，与师傅面对面。他哀求道：“林玄，这都多少年了，你咋还记仇呢？”师傅指了指已经空荡荡的箱子，没好气的对鸽子说道：“给你两个选择，要么老实的在箱子里待着，要么我将你超度，送你去阴间报道。”鸽子在我肩膀上急得乱蹦：“别别啊！你看看我，还是有利用价值的。你把狗头军师放出来辅佐你的徒弟，说明你马上就要离开茶馆了。” 你总不想他跟你年轻时一样，三五个月都招揽不到生意吧？传了二十二代的白晓生茶馆可不能没落，有我在，生意才能兴隆。别别抓我！师傅压根没听鸽子把话说完，直接伸手捉住他，硬往箱子里塞。我好奇地问林小璐：“小璐姐，这鸽子是什么人？怎么感觉师傅特别恨他呢？”林小璐捂着嘴偷笑：“这只鸽子里的灵魂是一只执念鬼。执念鬼这个词，师傅跟我讲解过。” 说的是，死时带有强烈执念的人，会因执念困在阳间，变成执念鬼。执念鬼与怨鬼的区别在于，执念鬼的执念并非源于仇恨，所以现有执念鬼害人的记载，算是一种人畜无害的鬼。林小璐接着对我说：“这只执念鬼生前是一个网络作家，特别擅长写灵异类,类型的小说，读者无数，深受欢迎。但他有个毛病，就是喜欢拖更，能更一章绝不更半章。碰到灵感缺失的时候，十天半月不更新也是家常便饭。” 听说他生前最大的收入来源不是稿费，而是读者邮寄来的刀片，我惊呆了。卖刀片就能养活自己，也算是个人物。那他怎么死的呢？林小璐撇了撇嘴。他有个读者患了绝症，死前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看到小说的大结局。结果一直等到死也没能等到。结果怨念太深，变成了怨鬼，拿着菜刀上门把他砍了。我打了个哆嗦。我万万没想到，小说家也是个高危职业。我继续问道。 那他又是怎么得罪师傅的呢？林小璐继续偷笑。老爹刚从龙叔那接手茶馆的时候，生意也不太好。他遇到这个执念鬼后，执念鬼给他想了个招揽生意的办法，那就是把老爹的遭遇写成小说。你别说，这执念鬼还真有些本事，小说卖的特别火爆，真有不少读者寻了过来。我有些纳闷，这不是好事吗？身为商人，谁不希望自己的生意红火呢？林小璐脸都笑红了，她偷偷看了一眼师傅，发现师傅没生气后，才继续跟我解释。 一开始的确是好事，谁知道小说写到一半，这执念鬼的老毛病又犯了，不是拖更就是断更。结果茶馆每天都能收到不少刀片，直到后来赶上灵异题材严打，小说被下架，才平息下来。老爹本想着就此结束，谁知道小说下架了，根据小说录制的有声却没结束。对方见执念鬼不写了，干脆自己请了枪手狗尾续貂。结果你猜怎么了？接手的家伙胡编乱造，把老爹写成了一个花心大萝卜。更离谱的是，还让老爹在小说里娶了我大姐。 气得老爹差点拿阴物去诅咒这个枪手。听完林小璐的讲述，我目瞪口呆。其实也不怪执念鬼，毕竟枪手不是他找的，乱搞的戏份也不是他写的。只是师傅是正派人士，做不出拿阴物害人的事情，只能拿执念鬼当出气筒了。师傅，你把他交给我吧，他跟了你那么久，肯定也积攒了不少经验。日后生意上遇到问题，我还能多一个人请教。师傅有了台阶，把鸽子玩偶扔给了我。他叮嘱我：“既然你觉得他有用，就留着吧。” 不过，真遇到什么事情，你还是多请教狗爷，少听这执念鬼瞎掰扯，明白吗？明白。交代完所有事，师傅正式与我告别。明天师傅一早就走，你就别送我了，好好经营茶馆，照顾好小鹿。我眼圈湿润，如果不是师傅，我现在还在孤儿院里孤苦伶仃的独自生活。我向师傅深深的鞠了一躬：“师傅，你保重。”师傅带着林小鹿回家了，我独自一人留在茶馆里坐了一夜。这一夜，我想了很多事情。 当太阳再次升起时，我伸了个懒腰，迎接新的一天。从今天起，我的身份发生了转变，我不再是这座历史悠久的茶馆的帮工，而是它的主人。我征求了狗爷的意见，把它放在了柜台后的茶柜上。狗爷身为灵魂，在阳间逗留的时间太久了，他每次苏醒都会耗费一些力量，因此他叮嘱我，如果不是万分重要的事情，尽量少打扰他。除此之外，每个月的第一天，我要唤醒他吸食煞气。至于煞气的来源，是我的阴阳眼。 阴阳眼能够吸收煞气，在与纸扎匠第一次交手时，我就知道了。这是一件好事。身在阴行，难免会与一些魑魅魍魉打交道，而且阴物上积攒的也有煞气。如果没有阴阳眼，我早晚会因积攒煞气太重而生病。对于狗爷来说，我是他的粮仓；而对于我来说，狗爷是一剂良方。安顿好狗爷后，把执念鬼放哪成了难题。他跟狗爷不一样，他能动，还会飞。真把他锁起来，肯定会吵吵个没完。最后。 我跟执念鬼约定，茶馆没来客人的时候，他能随意活动；但要是来了客人，就老老实实装玩偶。执念鬼答应了。我问他叫什么名字，或者把笔名告诉我也行，总归是要有个称呼的。执念鬼思索再三，你就叫我姑姑吧。好家伙，真是够形象的。临近中午，林小璐和林天佑一起赶来茶馆。林天佑帮忙把宴席上收到的礼物送了过来，还按照师傅的要求给我细心的分了类。他没有久留，说师母在机场等着他。 等以后有机会再聚。等送走林天佑，林小璐从包里掏出一本书，递到我面前：“这是大姐留给你的。这是一本没有封面、空白的古书，用麻绳封装。我掀开一看，里面没有字，只有图画。这是刀法。书中的图画是一个个挥刀的小人，组合起来就是一套完整的刀法。大姐让你没事的时候练一练，还说等下次见面，她会对你进行考核。你要是没过关，她会把昆吾刀再收回去。” 我忍不住挠了挠头，看样子我又多了一门功课。师傅走后，我变成了张老板，可一连过了半个月，茶馆里都没来客人。我每日除了学习、练字、舞刀外，无所事事，都快无聊死了。中间卢新一来过一趟，可惜他手头也没生意，我只能继续等着。进入七月，天气渐渐热了起来，茶馆里开了空调，电费蹭蹭蹭的往上涨，我开始发愁了。说好的要将茶馆发扬光大，但现在门可罗雀的样子。 可不是一个好开头。执念鬼咕咕飞到了我身边，感慨道：“茶馆现在的模样，让我不禁想起了林玄年轻的时候。”我燃起了八卦之心，问道：“师傅，他年轻的时候，客人也这么少吗？”“是啊，多亏了我写的小说帮他宣传，才让茶馆热闹起来。”咕咕用翅膀自豪的拍了拍自己的胸膛，可以说林玄有今天的成就，有我姑姑一半的功劳。说完，他扭头问我：“要不要我这个大作家？” 来帮一帮你，我连忙拒绝，不要，我可不想以后被人写成女儿嫁给自己当小妾。提起这茬，姑姑气得直跺脚。上次是我大意了，把版权卖给了别人，才被人找了枪手。这次版权握在我自己手里，绝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了。我有些动心，一直没有生意可不行。那你准备怎么搞？简单，姑姑自信满满的对我说：“你们年轻人现在不都流行用微，信吗？我建个公众号。好” 把你的故事在上面发表，凭本作家的本事，很快就会有许多人关注的。真的假的？我有点不相信。姑姑立了军令状，半个月内不来生意，你把我重新关回箱子里去。我同意了，找林小璐借了个旧的笔记本电脑，然后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姑姑听。姑姑在键盘上蹦蹦跳跳，很快小说的第一章就写完了。我看了一下，别说，这执念鬼的确有两把刷子，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连我都忍不住想催促他赶紧写第二章。 随后，姑姑用我的身份证申请了一个公众号，名字和茶馆一样，就叫“白晓生茶馆”。说来神奇，小说连载后的第五天，有客人上门了。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孩，与之前的客人不同。她进门之后，第一件事不是问林老板在不在，而是问：“请问这里是白晓生茶馆吗？”我把客人请了进来，女孩掏出手机，翻出姑姑连载的小说，她用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我：“请问小说里讲的故事是真的吗？” 我说：“都是真的。”女孩眼里满是兴奋。张老板，鹦鹉真的有那么神奇吗？你能不能卖给我一件，帮我实现愿望？我没有着急答应，反问他：“你有什么愿望？”女孩犹豫了一下，呢喃道：“我想生一个儿子。”女孩的要求让我有些错愕。“你是不能生育吗？”女孩摇头：“我已经生了一个女儿了。”这下我更惊讶了。她看起来年龄不大，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如果还在上学…… 恐怕大学都没毕业呢，她结婚可真是够早的。我以为她是那种希望自己儿女双全的人，劝解道：“姑娘，生孩子事儿是女要看天意的，你这愿望我可满足不了你。”女孩很是着急：“求求你帮帮我吧，我是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女孩的情绪还不对劲，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我询问道：“你为什么想要儿子？因为如果我生不出儿子来，老公他就不要我了。”女孩痛哭流涕，我递给他纸巾。 又给他倒了一杯水，让他慢慢的讲。女孩告诉我，她叫王婷，冀省人，家乡离着安德不远。她上高中时与同班的一个男生谈起了恋爱，两人因为恋爱耽误了学业，结果双双落榜。高中毕业后，我们两人都不想再复读，就一起去打工了。我们感情日渐升温，两年前他向我求婚，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说这句话时，王婷的眼里有光，她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热恋时期，满脸的幸福。但很快，她眼中的光。 就消失了。结婚后，老公他说想要个孩子，我当时脑袋一热答应了。很快我就怀孕了。怀孕的十个月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不光老公把我照顾得很好，就连婆婆也特意从乡下赶来，怕我孕期反应大，每天变着花样的给我做饭吃。那时候的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我觉得自己嫁给老公是今生最正确的决定。讲到这里，王婷停顿了一下，她用力咬了一下嘴唇，表情开始发生变化。 我怀孕五个月时，婆婆说让老公找找关系，看看能不能从查一查我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她说得提前给孩子准备衣服，男孩女孩穿的不一样，别买错了。当时我沉浸在幸福中，也没有多考虑，加上自己也好奇，就同意了。但当时刚好赶上医院严查私下鉴定婴儿性别，老公找了好几个关系都没能查成。直到孩子出生，我才知道自己怀的是个女儿。王婷的眼睛里再次涌现泪花，她哭泣道：“知道我生的是女儿后。” 老公脸色当场就变了，婆婆说了声晦气，扭头就走回了老家。她委屈的大哭起来，哭了足足五分钟，情绪才缓和下来。婆婆走后，没人照顾我坐月子，我和老公又没什么经济能力，顾不起月嫂，只能自己默默忍受身体上的痛苦，结果落下了病根，一到刮风下雨就会腰疼。我听的是义愤填膺，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婆婆？王婷抹了抹泪，继续往下讲。一开始孩子小，我自己一个人还看得住。 可等孩子渐渐大了，我就力不从心了，而且产假只有半年，如果我不回去上班，就会丢掉工作。没有办法，我只能低声下气的求婆婆回来。婆婆答应帮我看孩子，但她有一个条件。我猜到了婆婆的条件，让你再生一个。王婷点了点头，她让我再生一个，虽然没有多说，但我知道她想让我再生个儿子。我只能答应下来，说等女儿再长大一些就开始备孕。女儿周岁后，婆婆就开始催促我们抓紧要二胎。 有一次无意间听到婆婆跟其他人聊天，别人问我婆婆，我要是再生个女儿怎么办？婆婆说那就继续生，直到我生出儿子为止。听到这，我忍不住叹了口气。王婷的遭遇让我回想起之前用刑天复砸自己弟弟的小女孩李丫。虽然全社会已经提倡了几十年生男生女都一样，可许多愚昧的人仍旧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眼前的王婷就是受害者。我忍不住插了一嘴：“你老公的意思呢？”王婷没有回答，眼泪又止不住的往下流。 也对，有这样的母亲，她教导出的儿子会是什么态度？不难猜测。我劝解道：“虽说有句老话叫‘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但这样的老公真不值得你留恋。”王婷摇了摇头：“其实我老公人挺好的，虽然我也时常埋怨他，可这么多年的感情岂是说断就能断的？而且我现在有了女儿，我不希望她的成长没有父亲的陪伴。”说到这，王婷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张老板，求求你！” 如果你的阴物真像小说中写的那么神奇，请你帮帮我吧。王婷这一跪，把我的心给跪乱了。我急忙去扶他：“你先起来，别跪了，我帮你。”王婷听后喜笑颜开。我去地下室取来一件阴物，但并没有急于交给王婷。有了双鱼配的前车之鉴，不管客人讲的故事多么感人或凄惨，我都不会轻易选择相信。更何况这一次我取来的阴物比其双鱼配更要凶恶，它与大德通当票一样，属于阴物中的鬼气。 王婷一直盯着我手中的阴物，她紧张又好奇地问：“张老板，你手中拿的就是阴物？”我向他介绍道：“这是侍女兽面。我手中的阴物，从外形上看是一块木牌。木牌的造型比较独特，是一张兽面人身的怪物。这只怪物赤裸着半身，胯下只有一个短裙，很像石器时代的野人。怪物举着双手，将一个婴儿举过自己的头顶。婴儿的刻画惟妙惟肖，连嚎啕大哭的表情都栩栩如生。” 仔细观察，能够看到婴儿的两腿之间是没有凸起的，这是一个女婴。兽面的怪物张开血盆大口，两颗从嘴巴伸出的獠牙泛着冷光。从造型上看，这只怪物张大了嘴，要将女婴送入口中。王婷似乎是被“侍女兽面”的名字吓到了，说话变得磕巴。这这块牌子有什么作作用？我很严肃的从嘴里吐出两个字：吃人。我看到王婷的喉咙动了一下。 他用力的咽了一下口水，勉强从自己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张老板，您别开玩笑，我没开玩笑，我很认真的跟王婷说，这块牌子真的可以吃人。王婷表情惊悚，似乎是被我吓到了。我见自己的目的达到，开始详细向他讲解是女寿面的来历。根据《殷商笔记》记载，是女寿面出现的时间极早，极有可能诞生于夏商周之前的原始部落社会。那个时候。 社会体系已经完全由母系社会转变为男系社会，拥有更多男人的部落，不管是在种植、捕猎还是战争中，都占有极大的优势。相传，当时有一个名为鱼的小部落，因为部落人少，经常受其他大部落的压迫。部落中的族长为了改变部落被欺辱的命运，筹重金从远方请来一个巫师，请求他想办法增加自己部落男人数量。巫师从部落里挑选了六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将其残忍杀害，招来了一只人身兽面的怪物，将其封印在一块木牌中。 此后，部落里的女子与丈夫行房必须佩戴此木牌。不久后，部落里的人们惊喜地发现，部落里女人们生的都是男孩。男孩们长大了，成为了骁勇善战的勇士。他们靠侵略其他部落，抢夺女人，再由女人佩戴木牌，生出更多的男孩，从而壮大整个部落。最终，这个名为鱼的部落统治了方圆数百里的土地，直到卷入炎黄与蚩尤的大战，毁于一旦，侍女兽面也消失不见。直到后来被第二代殷商所找到。听完我的介绍。 王婷好奇又害怕的盯着是女寿面，张老板戴上这块木牌子就能保证我生儿子了。我点了点头，没错，戴上它，只要你能怀上，就一定是男孩。王婷又问：“那你刚刚说的吃人是什么意思？”我问他：“你知道生男孩女孩的概率，从理论上讲是一样的吧？”王婷点头。上学时生物老师讲过，生男生女取决于男方，从科学角度上讲，概率是相同的。 我再问，那你猜一猜，为什么戴上是女兽面的女人就只生男孩了呢？王婷打了个冷战。被被吃了？对我给了他肯定的回答，是女兽面会把你怀上的女孩全部吃掉。说完，我把是女兽面推到王婷面前，你还要吗？王婷捏紧拳头，考虑了足足一分钟，然后她抓住是女兽面，搂入怀中。我要。他语气坚定，打定了主意。客人要买。 我没有拦着的理由，但是女面具是鬼器，若是流失在外，恐怕会引起灾难。对于鬼器，从师傅这一代开始，基本上都是只租不卖。但有大德通当票的前车之鉴，靠双方口头约定是不靠谱的。虽然我可以靠林小璐上门强行索要，但我答应了大姐林素素要保护好林小璐。如果能避免意外，还是要尽量避免的。于是我又取来一个竹简，放在王婷面前。张老板，这又是什么？这是鬼器。 鬼契，顾名思义，是与鬼签订的契约。当我把竹简打开的瞬间，一只浑身冒着浓浓煞气的恶鬼出现在我的身边。王庭没有阴阳眼，看不见身边多了只恶鬼，但他忍不住地抱住了自己的胳膊。张老板，我忽然感觉好冷啊！我取来一支毛笔，在竹简上写下了数行字。经过半年的练字，我的字总算能看得过去了。我写下的内容很简单，要求王庭在十八个月之内将侍女寿面归还，若是违约，将会有恶鬼索回。 王庭毫不犹豫地在鬼契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看到恶鬼对着他吹了一口气，然后王庭额头上就多出一道常人看不见的鬼印。只要这道鬼印还在，就算王庭跑到天涯海角，恶鬼也能找到他。因为只是租借，我给王庭开了三万的价格。看在他身世可怜的份上，我少要了一些。王庭痛快地付了钱。临走前，他有些担心地问我：“看你小说里说阴物会有副作用，是女寿面的副作用是什么？” 他发动一次，相当于你流产一次。如果你感觉自己身体忽然变得虚弱，暂时就别要孩子了，缓一缓再说。王婷离开了，我把鬼气收了起来，在柜台上装玩偶的咕咕的飞了过来。这鬼气是不是九叔的东西？姑姑猜的没错，我刚刚与王婷的签订的鬼气，正是昨夜九叔送的礼物。你知道九叔？姑姑一脸鄙夷。除去林玄把我关起来的这些年，之前阴行中的人物，我哪个不知道？我来考考你。 九叔和林玄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你知不知道？我挠了挠头，答不上来。师傅很少给我讲他年轻时的故事，要不你给讲讲？姑姑化身评书，将师傅的故事娓娓道来，我听的是津津有味。我万万没想到，如今与九叔相互敬重的师傅，年轻时曾与九叔有过一段斗智斗勇的经历。姑姑讲了很久，从师傅接手茶馆一直讲到他被关进箱子，其中的故事跌宕起伏，精彩绝伦。我暗中数了一下。 光姑姑讲的故事里，师傅有八次差点丧命的经历，这让我更加了解阴行的可怕与残酷。讲到最后，姑姑对我说：“小子，你以后做事一定要机灵点，你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可别死太早了，否则我又得烂尾一本小说了。”我忍不住对他翻了个白眼。幸好他附身的是鸽子玩偶，这要是只乌鸦，岂不是成了乌鸦嘴？侍女寿面卖出去后，在短短几个月内，我经历了不少事情，转眼就把他给忘记了。直到一年半后。 有一个与王婷长相有几分相似的女人走进了茶馆。这个女人一脸苍白，走路踉跄，进茶馆时被门槛绊了一下，差点直接摔晕过去。我着实吓了一跳。就在我走上前准备把她扶起来时，我发现她的手中握着一块熟悉的木牌，木牌上刻着一只高举女婴的兽面恶鬼，正是已经离开茶馆许久的侍女兽面。再次见到侍女兽面的我，已经独自在阴行摸爬滚打一年半的时间，一看这女人就知道她被侍女兽面折磨得快要死了。 我赶紧把她扶进茶馆，用阴雾镇住她身上浓浓的煞气。我问女人：“她是谁？是女寿面为何会在她的身上？”我叫王丽，是王婷的亲姐姐。怪不得两人长得这么像，原来是亲姐妹。从面相上看，王丽比王婷大个四五岁。王林哭着求我：“张老板，救救我！”婷婷说：“只有你才能救我。”我把是女寿面收了起来。距离我与王婷签订的鬼契只剩不到七天时间了。是女寿面再晚些回来，恶鬼就要出动了。 我让王林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我。王林租用是女寿面食，明明说是给自己用的，可被鹦鹉反噬的，怎么会是她的姐姐？王丽哭着忏悔：“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她哭了好一会儿，才开始讲述自己的遭遇。几年前，她经人介绍认识了自己的老公，两人彼此都看上了对方，恋爱不久就领了结婚证。然而，他们结婚一年，王丽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她去做了个检查，结果很坏，她天生没有生育能力。 得知这个消息的王丽如遭晴天霹雳，在浑浑噩噩之中，她告诉了自己的老公。王丽本想着让老公安慰安慰自己，谁知听到自己无法生育后，原本恩爱的老公忽然就变了脸色。老公告诉王丽，他家三代单传，香火绝不能断在自己这里。如果王丽无法生育，那两人必须离婚。对于老公忽然的转变，王丽措手不及。正当她不知所措时，一纸离婚协议摆在了她面前。王丽很爱自己的老公。 她哭着喊着哀求老公不要离开自己，但老公的态度非常坚决，没有孩子必须离婚。慌乱中的王丽反问老公：“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了孩子就可以不用离婚了？”老公说是。王丽说：“她有办法，让老公给她一点时间。”王丽讲到这里停顿了下来，联想到半年前王婷给我的讲的故事，我心中有了一个非常荒唐的猜测：“你让自己的亲妹妹代替自己生孩子？”王丽咬着嘴唇，几次张口都没说出话来。 最后点了点头，肯定了我的猜测。我问他：“你是怎么说服你妹妹的？”王丽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缓说道：“我第一次说出口时，婷婷骂我疯掉了。后来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直截了当的打断了她：‘别撒谎！’我以死相逼，告诉婷婷，如果她不答应，我就死在她面前。后来我又骗她说我老公有关系，能送她去国外读书。她高考落榜，一直心心念念的想继续读书，就被我说动了。” 对于这个答案，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有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会不择手段，尤其是对自己亲近的人，往往会做得更加过分。我追问道：“然后呢？”王丽接着往下讲：“然后婷婷就住在我家里，她跟我老公同房两个月后，终于是怀上了孩子。怀孕五个月时，我老公托关系想查一下婷婷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不过没能成功。直到孩子生下来，才知道是女孩。”两两对比，王婷当初对我讲的故事。 也不全是假的。生下女孩后，我婆婆很生气，要求我们再生一个。如果我不肯，那就让我老公离婚，女儿给我，他们不要。我没有办法，只能再去求婷婷。婷婷她不想再生了。我故技重施，以死相逼，她含泪答应了。说这句话时，王丽的眼神闪躲，我看得出，事情肯定没她说的这么简单。我想，王婷答应的原因，是因为已经出生的女人，如果姐姐离婚了，会尽心尽力的照顾自己的女儿吗？如果自己来照顾？ 那她以后很难嫁出去了。如果说王婷第一次答应给姐夫生孩子是因为姐姐的胁迫，第二次恐怕是不得不向现实的压力低头。再后来，婷婷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个木牌，说来神奇，自从她把木牌带在身上后，很快就怀上了二胎，生下来后是个男孩。我问王丽，孩子是什么时候生的？王丽说已经生了八个多月了。我很是纳闷，按照约定，王婷生了男孩就该把侍女寿面还回来了，怎么一直拖到现在？ 还把姐姐差点害死，这其中必然有故事。这块木牌是怎么到你身上的？王丽支支吾吾了好一会儿，才说出真相。婷婷两次生孩子时，我在怕婆婆前来照顾会露馅，就托辞请了月嫂，不用老人家操心，让她留在老家，等孩子大了抱回去给她看。实际上是我留在医院里照顾婷婷。之前我在这家医院做过生育检查，老公无意间碰到了给我检查的医生，医生告诉我老公最近医院引进了一项新的试管婴儿技术。 像我这样的不孕患者，现在也能生孩子了。老公听后激动坏了，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希望我能生一个属于我们两人的儿子。我们一起咨询了医生，问医生能不能选择试管婴儿的性别。医生说从技术上没问题，但只给患有与性别有关的遗传病的患者使用，我们不符合这个要求。我当时很失望。老公提醒我说：“婷婷那块木牌好像能保证生出儿子。”我不好意思直接跟婷婷借，就说自己有个闺蜜也被家里逼着生儿子，问她能不能把木牌借给他。 反正他现在已经用不上了。说到这里，王丽脸上的表情开始发生变化。婷婷当时没有任何犹豫，当场就把木牌借给了我。我悄悄带在身上，和老公一起找医生去做了试管婴儿。医生从我身体里取了六颗卵子，又取了老公的精子。没过几天就找到了我们，说受精卵培育的挺好。我迫不及待的让医生给我植进了肚子里。可从第一次植入开始，事情就变得诡异起来，没有一颗瘦。 精卵能在我肚子里存活下来。每次移植的晚上，我都会梦到一个长着野兽脸的人，将我开膛破肚，取走我肚子里的孩子，活生生的吃了下去。王丽的描述让我毛骨悚然。她描述的梦境，分明是侍女兽面发动的效果。我问她：“这个场景，你梦到了几次？”王丽伸出一只手，手指张开：“五次。”她哆嗦着说道：“每做一次梦，我就会生一场病，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可我太想要自己的孩子了，只要身体好转，我就会让医生再试一次。当我第五次做那个梦时，我直接在梦中昏迷了过去。醒来时，我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一周了。医生给我做了全面的检查，但检查结果显示我身体一切正常。我不死心，想把最后一颗受精卵植入身体。而就在昨天，婷婷忽然找到了我，她说了很奇怪的话。我问道：“什么话？”她说。 他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和我一样都是受害者。他说：“如果我不想死的话，就不要再继续了。”还说让我拿着这块木牌来找你，说只有你能救我的命。就这些，就这些，该说的我都说了。王婷说的没错，只有我能救她的姐姐。此时王丽身上满是煞气，迟早暴毙。那时的我已经熟练掌握了阴阳眼的用法，我让王丽盯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然后放松。我的阴阳眼发动，王丽身上的煞气受到牵动。 全都被我吸入眼中，浓浓的煞气让我很不舒服。我快步走到茶柜前，将自己的手放在狗爷的头颅上。狗爷眼眶中燃起绿色的鬼火，他嘴巴一张，把我身上的煞气吸了个干干净净。饲养完狗爷，我重新回到王丽的身边，他目光呆滞，尚未回过神来。直到我点了一根凝神香，在他鼻下晃了三下，他才惊醒过来。你没事了，可以回去了。王丽起身走了两步，煞气消散。 他肯定感觉自己身上重新有了力气，他欣喜万分，不停的向我道谢：“谢谢高人，谢谢高人。”我说了句“不必客气”，起身送客。王立刚走出茶馆，又回过了头，他用恳求的语气问我：“张老板，您能不能跟我回家一趟？我感觉婷婷她有些不对劲，哪里不对？婷婷让我来找你时，眼睛通红，像是刚刚大哭过一场。她还说自己要去做一个了断，我怕他会做什么傻事情。”张老板。 我知道，请你这样的高人做事是要花钱的，您开个数，帮一帮他吧。我答应了下来，随便开了一个王丽能够承担的价格。我之所以帮他，倒不是看在有钱可赚，而是想要知道这一年半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王丽连续五次被侍女受面反噬，实在是不正常。于是，我随着王丽来到了他的家乡。刚下火车，他就给王婷打电话。过了很久，电话才接通。然而，话筒里率先传出来的并不是王婷的声音。 而是一个男人凄惨的叫声。听到这个声音，王丽脸色当即就变了。老公，是你吗？老公，老公你怎么了？或许对面听到了王丽的声音，话筒里传来男人大喊大叫的声音，还有微弱的音乐声。老婆，快来救我！王婷她疯掉了。随后，王婷的声音响起：“姐姐，我帮你报仇了，也帮自己报仇了。”不等王丽开口，电话便被挂断了。王丽哆哆嗦嗦的回拨，然而话筒里传来的。 却是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王丽吓得六神无主，我问他：“知道他们在哪里吗？”王丽猛地睁大了眼睛，慌乱的说道：“刚刚话筒里有玩具的音乐声，那是我给婷婷两个孩子买的玩具，他们在我家。”我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师傅以最快的速度赶去。回到王丽的家，她家门口围着好几个邻居。一个大妈看到王丽，急忙问道：“小丽，你家男人是不是出神妖事了？一直在里面嚎，我们敲门也敲不开。” 正准备报警呢，王丽冲到门前，从包包里找出钥匙，插了好几次才把钥匙插入锁孔。门开了，我和王丽冲了进去。房间里的场景让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只见屋里有一个全身赤裸的男人，他四肢被反绑在椅子上，正在剧烈的挣扎着。男人脚下满是血，血泊中还有一把锋利的水果刀。血是男人的，而他冒血的部位正是胯下。看到这一幕时，我下意识的夹紧了腿，虽然受伤的不是我。 但同为男人，看到这一幕不禁会感同身受。凑热闹的邻居们也看到了这一幕。刚刚询问王丽的大妈，当场被吓得昏迷了过去。邻居们手忙脚乱，把大妈背了出去。有人打了急救电话，还有人报了警。王丽吓傻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而我的目光则是移到了坐在地上的王婷。他双手满是鲜血，目光呆呆地看着自己身侧的地面。在他的面前有一个正在跳舞的玩具娃娃。刚刚话筒里传出的音乐声，正是来源于此。 回过神来的王丽大声的质问自己的妹妹：“你做了什么？”然而王婷好似听不到，仍旧呆呆的盯着地面。我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双眼一阵火热，阴阳眼发动，我看到一个周岁左右的女婴正在对着跳舞的玩具手舞足蹈。这个女婴和王婷长得很像，我心中一惊，猜到了事情的真相。王婷去年前往茶馆时，隐瞒了自己已经有了身孕的事实。像王丽这样带上是女寿面在怀孕的人。 即便是怀上了女孩，被是女寿面吃掉，只会感觉身体变得虚弱。但若先有了身孕，再带上是女寿面，等于活生生的杀死一个人。婴儿成型就有了灵魂，因为死的冤屈没有去阴间报道，化作冤魂，一直留在了妈妈身边。可女婴身上的煞气并不重，王丽的老公被断根，会是她操纵的吗？还是说本就是王婷故意所为？王丽把老公身上的绳索解开后，她拼了命的冲向洗手间。后来我才知道。 王婷把他胯下那玩意儿切下来后，直接扔进马桶里冲走了。再后来，警察赶到，王婷被带走了。王婷被警方带走后，我本以为这事已经结束了，没想到才过了一个月，王婷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日天阴沉沉的，早晨我刚把茶馆的大门打开，就听到身后有人喊我的名字：“张老板。”我回头一看，是王婷，还有他的鬼女儿。我很是好奇，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王婷割了姐夫的小弟弟，少说也是个故意伤害罪。这才过去多久，他就从局子里出来了。王婷指了指抱着自己小腿的鬼女儿：“是芳芳帮了我，她把我假扮成精神失常的样子，医生都被骗过去了。”我回忆起那天现场的情景，王婷痴痴傻,傻傻的模样，原来都是这只小鬼搞出来的。这就说得通了，一切都是王婷所做，与这只小鬼无关，所以他身上才没有太多的煞气。我请王婷进了茶馆，问他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王婷抱着自己的鬼女儿求我：“张老板，请你帮帮忙，送这孩子离开吧。”我点了点头。这小鬼虽然还没害过人，但毕竟是一只冤魂，留在阳间迟早会变成祸害。我应了下来，用阴物把小鬼超度了。超度完成后，我问王婷：“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我早已猜到，当初不管是妹妹王婷还是姐姐王丽，两人都对我撒了谎。王婷将完成的故事娓娓道来。 她谈的男朋友是假的，姐姐不能怀孕是真的，让她代替自己给姐夫生孩子也是真的。生完第二个孩子后，姐姐找到了王婷，告诉她她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离开了。可就在这时，王婷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了姐夫，不想离开。而姐夫也在私下里表示，他现在更喜欢王婷，而不是姐姐。或许是鬼迷心窍，或许是想给自己两个孩子完整的家，妹妹开始想办法让姐姐跟姐夫离婚。姐夫出了个主意。 他要利用侍女寿面的副作用，悄无声息的害死王丽。具体实施方法就是诱导王丽去做试管婴儿，生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而姐夫买通医生，只给王丽注入能生女儿的受精卵。如此，王丽每尝试一次，就会被侍女受面伤害一次。若不是王婷最后及时阻止，她恐怕已经死了。那你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救了姐姐？王婷沉默许久，咬牙切齿的说道：“因为我发现姐夫他就是个渣男。” 我诞下二胎后身体虚弱，不能同房。他竟然背着我和姐姐，又在外面找了一个女人。我还无意间发现了姐姐的日记，原来当初让我代替她生孩子的想法，并不是她的本意，是姐夫以离婚为要挟逼迫的。姐夫从始至终就没爱过我，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花言巧语，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姐姐真的死了，他肯定会把我和女儿抛弃，娶其他的女人。我恨他，所以我特意支开姐姐，给她下了安眠药。现在她再也不能去祸害其他的女人了。 王婷离开了茶馆，背影萧瑟。我不知道接下来她如何面对自己的姐姐，又该如何带着两个孩子生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时间回到一年半前，租界出示女面具后，我很感激姑姑，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问她想要什么奖励。姑姑想了一会儿，提出了要求，给我整个机械键盘。笔记本自带的键盘实在是太难用了。这个简单，一块键盘能多钱？撑死也就四位数。不过我不懂键盘。 把这任务交给了林小璐，让她挑贵的买。林小璐很快就搞定了，姑姑很是满意。但事实证明，我答应的太草率了。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不光楼上林小璐玩游戏，敲的键盘啪啪响，楼下姑姑打字也啪啪响，敲得我快神经衰弱了。没办法，我只好把姑姑请去地下室写完再上来。清静几日后，茶馆里迎来了第二位客人。这个客人不是看了姑姑的小说找来的，而是九叔介绍来的。客人是个五十出头的男人，衣着朴素，但都是大牌子。 想来家庭条件非常好。男人坐下后，自我介绍道：“张老板你好，我叫红林，是九叔介绍我过来的。”我给红林沏了茶，问道：“请问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我们家最近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我请了两个香客来处理，可他们在我家住了没两日，就把钱退了回来，说自己解决不了。所谓香客，就是民间懂一些除鬼镇邪手段的人，这是个敬称，如果叫的随意点。”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大仙。普通香客解决不了问题，我托人打听了一下，听说在你们这个行当，全城的九叔很有名气。于是我备好大礼，去请九叔帮忙。我点了点头，在鲁省，九叔几乎与师傅齐名，找他肯定没错。我见到了九叔，他说自己已经老了，算是半隐退江湖了，推荐我来安德找你。说着，红绫从口袋里取出一件用红布包裹的物品，递给了我。我接过来，打开红布一看，是一只红色的绣花鞋。 这是给您的见面礼，这个红玲实在是太会来事了。这只绣花鞋破破旧旧的，对于其他人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但对我来说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是一件银物。红玲送我这只绣花鞋，算得上是投其所好了。我问他，这鞋你是从哪得来的？是我花大价钱从九叔那买来的。他说，只要我把此物给您，您肯定不会拒绝的。九叔还真是把我拿捏得死死的，要让我把绣花鞋退回去，真有点舍不得。 不过我也没立即答应下来，就算心里再喜欢，脸上也要表现的很平静。洪先生，详细说说你家碰到的事情吧。洪林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发生诡异事情的是我家的老宅子。我家祖上阔绰，祖爷爷那一代是十里八乡最有名的商贾，他建了一个特别大的宅子。老宅建造时，请了当时附近有名的风水先生摆了风水阵，说来也是神奇。自老宅建成开始，我洪家的生意越做越好。 人人都说是风水先生的功劳，所以直到现在，大部分的洪家人都住在老宅中。洪林讲了足足半小时，我大概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洪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从祖爷爷那一代起，大概可以分为四个脉络，分别是祖爷爷四个老婆所生的孩子。洪林属于正妻大太太一脉，而最近古宅内闹人命，死的人也都来自这一脉。其中有一人死里逃生，疯掉了，逢人就说是祖爷爷的四姨太回来复仇了。 张老板，当年祖爷爷那一代人发生了许多事，一时半会儿我没法跟您讲清楚，还希望请您去一趟洪家老宅，实地去看一看。我点了点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我得自己判断。洪家老宅位于鲁省的仙源县，也就是孔老夫子的诞生之地，此去需要几日才能回来。于是我上楼找到了林小璐，林小璐像往常那样，正在游戏中忘情的厮杀。小璐姐，有新生意要去仙源一趟，你去吗？ 林小璐摘下耳机，对着我眨了眨眼睛：“我不去行不行？”我无奈一笑：“当然行，那你看好茶馆，可别进了小偷。”林小璐捏紧自己的小粉拳，十分自信地对我说：“放心，敢来茶馆偷东西的人，来一个我扁一个。”我准备关门离开，林小璐喊住了我：“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要不叫上卢星一吧？他不是说要成为你的合伙人吗？总得出出力吧？”我想了想，也对。 卢新一要借茶馆的力量调查黑鸦，是得出力才行。我打电话给他，卢新一很痛快的就答应了。稍作准备，我跟着红林。不愧是世袭商人，就是有钱，有专车司机在茶馆外等候。在我的指路下，司机接上卢新一，开往仙园。三个小时后，目的地到了。下了车，入眼是一座样式古老的大宅。我往左右看，竟是没能看到宅墙的尽头。卢新一也是被震撼到了，他问红林：“这老宅有多大？” 红林介绍道：“占地有八亩，建筑面积有四千多平方。”我听后直咂舌，这可真是够大的，比我现在居住小区的广场都要大。宅外有看门的保安，见到红林后，他急忙站起来打招呼：“洪总，您回来了。”红林跟我解释道：“自从老宅出了命案，族里人心惶惶，我就把公司的保安请来轮流站岗。虽然没什么用，但至少能让族人安心一些。”入了宅门，我才明白什么叫做豪华。 踏过高高的红木门槛后，入眼是一个巨大的影壁墙，影墙上雕刻着八个活灵活现的人脚踏波浪。卢新一问我：“这是八仙过海的典故吗？”我点了点头。林家祖爷爷从年龄上推断是民国末期人士，那时的影壁墙流行刻花草以及平安福寿等字，这种八仙过海的图案极为少见。红林在一旁道：“张老板好眼光，这影壁墙上的图案是当初祖爷爷请来的风水大师所画。” 俗话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将八仙画在门口，寓意我洪家在生意场上无所不能。对于风水一行，我了解的不深。拜师仪式上，龙虎山老天师送了我一本风水学宝书《龙虎山安宅镇邪护救符》，我曾翻看过几遍，但也仅仅只能算得上入门。洪林讲解时，卢新一又有了新的发现。他指着隐蔽墙的上方，询问道：“上面怎么还蹲着一只狮子？”我抬头一看，疑惑道：“这是酸猊，酸猊。” 所谓酸猊是龙九子之一，形象与狮子相仿，所以卢星一才会认错。传说中，酸猊喜静不喜动，且钟爱烟火，多用于香炉的炉角作为装饰。隐蔽墙上放一尊，着实少见。红林直点头，的确是酸猊，这也是风水大师的手笔。龙生九子，各不相同。我洪家老宅中有九尊兽像，正好对应龙之九子。两位里边请。在红林的带领下，我和卢星一绕过隐蔽墙。 真正的进入到洪家大宅，隐蔽墙后是一片林园，有假山，有人造的小河，河上不光有桥，桥中央还修了一个凉亭。正值八月，林园里的树木绿绿葱葱，当真是赏心悦目的好景。想要进入内院，小桥是必经之路。这也深谙风水之道，在风水学中，水就是财，每日进出家门都要从水上过，洪家生意想不好都难。其中在小亭的垫脚屋脊上，我看到了龙九子当中的朝风，此有镇宅之效。 一般在古代的宫殿中才能见到，我不禁在心中暗叹：当初洪家祖爷请的这个风水先生，当真能称得上是大师人物。过了桥上凉亭，是招待客人的大堂，再往后就是大宅的内院。洪林介绍，内院分为六个部分，那套二十间屋子目前洪家四脉都在此居住。此时天色已晚，洪林先带着我们来到大太太一脉的院子，给我和卢西安安排了住所。两位先生，这几日我就住在隔壁，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 你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晚宴的时候，我给两位介绍一下家里的其他人。红菱暂时离开了，我有些羡慕的对卢新一说：“我以后要是能拥有这么大的一个宅子就好了。”卢新一却是有不同的想法：“最好还是不要。我接手过几个命案，都是发生在这种老宅。你在宅子里看着风景挺好，可要是爬高了看，老宅的构造跟棺材没什么不同。”他顿了一下，问我：“张贤进了宅子后，你有没有一种阴森的感觉？”我点了点头。 还真有一种阴凉的感觉。卢新一从行李箱中取出一件薄外套，嘀咕道：“大夏天的怎么会冷呢？”舟车劳顿，我和卢新一躺在床上睡了一会儿。迷糊间，我听到外面传来了细碎的脚步声。我打着哈气起床，推开房门一看，一个扎着马尾的小女孩，她手里提着灯笼，正在追一只毛发雪白的兔子。这女孩的衣着非常古典，是民国时期的蓝色小衣襟。她见到我出门，向我求助：“先生，你能帮我捉小兔兔吗？” 小姑娘楚楚可怜的模样让人怜爱，我笑着说：“可以帮她一起捉兔子。”别看这兔子吃的肥肥胖胖，跑得还挺快。我和小姑娘一起跑出了院子，我们两人追了十几分钟，终于是把小兔子给捉住了。我把兔子交到小姑娘手里，拿好了，可别再让它跑了。小姑娘抱着兔子向我鞠躬，甜甜的说道：“谢谢先生。”我正想说不客气，忽然发现自己身前空荡荡的，哪里还有什么小姑娘？我愣了一下。 随即惊出一身冷汗，我下意识地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眼睛，阴阳眼微微发烫，说明我刚刚碰到的小姑娘不是人。我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真是大意了，刚刚没有醒明白，竟然没能发现自己帮的是一只小鬼。好在小姑娘没有害我，否则我很可能阴沟里翻船了。我打量四周，刚刚追兔子的时候没有注意，结果跑到了一个陌生的院子。今儿有些阴天，月亮藏在云彩里，星星一颗都看不见。没了小姑娘手中的灯笼，我只能看清周围半米的景象。 我想着用手机照明，谁知手往口袋里一探，空的。想来是睡觉时从口袋里滑出来，落在床上了。我的脚下是齐膝高的杂草，走起路来会踩出沙沙的声音。看不清前方的路，我只能凭着记忆往回走。四周都是虫鸣声，夜里的凉风一吹，我全身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走着走着，我耳边忽然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救命！救命！谁来救救我？”这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声音虽然很小，但就在不远处。 我立即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这声音的主人是人是鬼？我摸了摸系在手腕上的冤花铃，心中有了底气，循着声音找去。救命！救救我！声音越来越近，就在我身前了。我越发的谨慎，一旦发现喊救命的是鬼，我会毫不犹豫地摇响冤花铃。可就在这时，我后背忽然传来冰冷的感觉，像是有一只手放在了我的后背上。下一刻，这只手猛然用力推了我一把，我脚下一个踉跄。 向前走了一步，紧接着我的脚尖勾到了什么东西，整个人向前栽去。我没有倒在地上，而是整个身子向下坠去。等我回过神来，已经重重的摔在地上。我最少也跌了个四五米的样子。这老宅中怎么会有这么深的坑？跌落的时候，我撞到了头，眼前一阵眩晕。隐约间，我看到一个穿着旗袍的女子，双手双脚绑着绳子，一脸的虚弱。她闭着眼睛，两行清泪顺着脸庞流淌，虚弱且哀怨的呻吟着。 救命！下一刻，我眼前一黑，昏迷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熟悉的声音将我唤醒：“张贤，醒醒，快醒醒！”我睁开眼睛，头痛欲裂，映入眼帘的是如心一焦急的神情。他见我醒来，欣喜万分：“张贤，你可算是醒了，吓死我了！”我感觉周围还有人，艰难的扭头，我看到了红林，还有许多之前没见过的男男女女。红林紧张的问道：“张老板，您没事吧？” 要不要打幺二零？我摆了摆手，借着卢新一的胳膊坐了起来。我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状况，除了胳膊和脸摔的青紫外，身上并没有其他的伤痕。发生什么事了？卢新一向我解释：“你掉井里了。”他万分庆幸的说：“幸好是口废井，没有水，否则你已经没命了。”就在这时，我听到一个女人用戏谑的语气嘲笑道：“大房家的，这就是你请回来的先生？该不会是个江湖骗子吧？” 你盯紧点，要是死在咱洪家，多不吉利。卢心怡有些恼怒，气冲冲的就要还口。我拉了他一下，身为阴人被鬼暗算，确实丢人，被人瞧不起，谁也怨不得。不过吃了这次亏，我也确定了一件事：这洪家老宅的确闹鬼。我看窗外天色还是黑的，问道：“我昏迷了多久？”洪林回答了我：“不算久，这才九点，满打满算，我最多只昏迷了不到一个小时。”我有些纳闷。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我昏迷在井底，发不出声音。按说不会这么快就被找到。卢星一开了口：“我发现你不见后，就联系了洪先生，他喊了人就往你昏迷的那口井跑。”我疑惑的看向洪林，问他怎么知道我在井下。张老板，原本我打算在晚宴上给您说的，我们洪家死的三个人都是死在那口井下的。我不禁毛骨悚然，下意识的摸了摸手腕上的鸳花铃。我能幸免，或许是因为身怀阴物的缘故。我想起井下的旗袍女人。 急忙问道：“井下还有其他人吗？”红林说：“没有，或许那女人和追兔兔的小女孩一样，也是鬼，普通人是看不见的。”过了片刻，红林问我：“张老板，您是休息一下，还是继续参加晚宴？”我正想回答，刚刚嘲笑我的女人又开了口：“还举办什么晚宴？我可不想和江湖骗子坐一起吃饭。”说完，她就要离开。“站住！”我脾气再好，也是有些生气了。女人瞪着我，毫不相让。 怎么，说你是骗子，不服气了？我没有跟他辩解，而是直截了当的问道：“你最近是不是诸事不顺？半夜里常做噩梦，醒来浑浑噩噩，浑身酸痛？”女人脸色当即就变了，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你身上满是煞气，分明是被鬼盯上了。我估计下一个要死的就是你。”女人怒道：“妖言惑众，你吓唬谁呢？”他瞪了红林一眼：“大房家的。” 这江湖骗子公然行骗，你管不管？不管我可要喊人把他轰出去了。红林没有退让。张老板是我请来的贵客，由不得你三房的人在这里指手画脚。我现在是洪家家主，这家我说了算。女人气得跺了两脚，高跟鞋的鞋跟都踩弯了。她狠狠的瞪了我一眼，气冲冲的离开了。红林向我道歉：“张老板，让您见笑了。”我摇摇头：“是我出糗了。你找人盯着他。我刚刚所言非虚，他最近的确有血光之灾。” 我对在场的其他人说道：“在下张贤，安德白小生茶馆的继承人，上一代殷商林玄的关门弟子。洪家老宅的确有古怪，还请诸位赏个脸，继续参加晚宴。只有弄清事情的前因后果，我才能帮助你们。”洪家众人不知是被我的真诚打动，还是听说过师傅的名号。虽然我出了糗，但除了刚刚气冲冲离开的女人外，没有人一人退出。洪林摆好了宴席，算上我和卢新一，主桌上总共六人。剩下的四人分别是洪家四脉的主事人。 大房一脉主事人是洪林，他也是这一代的洪家家主。二房一脉主事人名叫洪磊，他与洪林父亲同辈，也是四脉主事人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三房一脉主事人名叫洪泉，年纪不算太大，只有三十岁，刚刚甩脸离开的是他的亲妹妹洪露露。四房一脉主事人名叫洪宇，不知道是不是四房一脉中道衰落，洪宇看起来比我的年龄还要小一些。我不喝酒，洪林没有勉强，一桌人皆是饮茶。 老宅闹鬼，大家都没什么吃饭的心思，草草动了几块后都停了下来。红林开口道：“我们来谈正事吧。”红林取来三张照片，递给了我：“张老板，您看一下，这是之前我洪家死掉三个人的照片。”我接过来一看，照片上的人都是死尸状态，他们睁大着眼睛，表情扭曲，仿佛生前见到了什么恐怖的场景。我发现一个细节，这三人的身上都是湿漉漉的，头发也是泡过水的样子。洪先生。 之前你说这三人都死在了我掉进去的那口枯井。红林点头，没错，是这样的。可既然是枯井，为什么他们身上是湿的？红林摇头，不知道。正是因为想不明白这个原因，我才怀疑宅中闹了鬼。卢新一提出了一种可能，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被人溺死后再被扔入井中？红林还是摇头。第一个人死后，我们洪家报了警，法医解剖了尸体，符合溺亡的表现。 但没有在肺中的发现溺水的痕迹，仅仅这一条，基本就能排除谋杀的可能性了。可我又很奇怪，我也掉进井里了，怎么没有溺水的感觉？难道真的是我跌落的过程中冤花铃响起，吓跑了推我入井的鬼，让他没来得及下死手？那我在井底看到被绳子绑住的女鬼，又是谁呢？卢新一发挥出侦探的本能，继续追问：这三人是洪家哪一脉的人？洪玲露出悲痛的表情，都是我大房一脉的。 就在这时，年龄最小的红雨忽然开口道：“我都说了，是四祖奶奶回来寻仇了。”砰！他话还没说完，红林手掌用力的拍在桌子上，他怒视红雨，喝道：“别胡说！”红雨似乎很害怕红林，低下头不再说话。三房的红泉接话道：“老大，别欺负孩子。红雨说的又不是没有可能。你大房一脉都快把四房的祖产抢光了，说不定真是四祖奶奶看不下去，回来教训你们大房了。” 红林愤怒的反驳：“什么叫我抢四房的祖产？四房人丁不旺，现在就红宇一个男人，还尚未成年。我身为族长，难道不该帮忙打理吗？”红泉冷笑：“那还真是我错怪老大了。其实老大如果觉得辛苦，我三房也可以帮忙。我妹妹露露虽然脾气差了些，但是个经商的天才，肯定能把四房的资产打理的井井有条。”红林断然拒绝：“红露露虽然经商小有天赋，但已经到了嫁人的年纪了，把四房的祖产交给她打理。” 岂不是变成了他的嫁妆？洪泉正想反驳，桌上有人咳嗽了一声。我循声看去，是二房的洪磊。老爷子似乎很有威望，不管是洪林还是洪泉，都闭上了嘴。好了，都是洪家人，自家的事情关门再说，不要让客人笑话了。洪林向我道歉，我微笑应对，假装什么都没听到。看得出，洪家四脉之间并不怎么和谐，至少大房和三房之间有不小的矛盾，气氛变得尴尬起来。我只好开口打破沉默。 刚刚洪权说的四祖奶奶是怎么一回事？洪林叹了口气：“我洪家是祖爷爷那一代崛起的。祖爷爷生前总共娶了四房，大房明媒正娶，二房是与当时仙缘另一大家族联姻，三房是祖爷爷在外讨回的戏女。”洪权哼了一声，辩解道：“什么戏女？三祖奶奶当年可是名动金陵的名伶。”洪林仿佛没听到，继续往下讲：“原本祖爷爷只有这三房，但他中年时生了一场大病，当时请了不少名医，都说是没救了。” 祖爷爷不甘心，让人把当初帮忙设计宅子的风水先生请来。风水先生年纪比祖爷爷还要大，也是将死之人。他说自己可以行逆天之举，帮祖爷爷向天界十年阳寿命，但他有个条件：祖爷爷病好后必须迎娶他的孙女，且死后留孙女一份家产，以保后代不受贫瘠之苦。祖爷爷答应了。风水先生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只金蝉，请洪家人离开后，他独自一人将金蝉埋下。三日后，风水先生七窍流血暴毙。 而祖爷爷的病却神奇的好了。祖爷爷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他安葬了风水先生后，挑选良日吉辰，以八抬大轿迎娶正妻的规格，将风水先生的孙女迎进了门，也就是我们的四祖奶奶。听完这段讲述，我对风水大师的佩服的五体投地，向天接受这样的事情都能做得到，实在是太厉害了。我迫不及待地追问道：“后来呢？”二房的洪磊接下了话茬：“我比洪玲长一辈，小的时候见过四奶奶，她长得特别漂亮，性格温柔。” 对谁都客客气气的，爷爷他很喜欢四奶奶，对她特别的好，惹得其他三位奶奶很是嫉妒。十年来，爷爷的身体一直不错，洪家在他的打理下发展得越来越好。在此期间，四奶奶还给爷爷生了一个小少爷。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爷爷忽然就倒了。大家这才想起风水先生当年说过，十年大限已到，阎王自会来收人，就算是菩萨将士也就不回来。爷爷自知时日无多，开始安排身后事。 谁曾想到，就在他准备召开家族会议时，四奶奶忽然不见了。洪磊越讲语速越慢，七十多岁的老人仿佛回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岁月。我看到他眼中流露出惊恐的表情。躺在病床上的爷爷大发雷霆，把家里所有的人都遣出去找人，甚至连平日伺候他吃药的丫头都遣了出去。大家找了一天，最后在三奶奶的院里的那口井中找到了四奶奶的尸体。四奶奶被人用绳子绑住，扔进了井里。凶手为了让她死。 又砸下了一块大石头压在四奶奶身上。爷爷在家里威望很高，没人敢瞒着他。得知消息后的爷爷挣扎着从病床上起身，他看到四奶奶的尸体后，给了三奶奶一巴掌，骂了一句：“你好狠的心啊！”然后气得吐血，倒在了四奶奶的尸体上，归西了。故事讲完了，四房主持人脸色各不相同。三房的洪权说道：“叔，故事你不能讲一半啊！后来警局的人前来调查过，证明了三祖奶奶不是杀人凶手。” 洪林哼了一声：“如果三祖奶奶不是凶手，那四祖奶奶为何会死在他的院子里？祖爷爷为何又会给他一巴掌？一个上位的戏子，眼里盯着的都是洪家的财产。三祖奶奶就是想给你们三房一脉多争取点财产，才会杀了四祖奶奶。”洪全怒了，差点掀了桌子：“洪林，你别血口喷人！如果三祖奶奶真如你这么想的，他杀的就不会是四祖奶奶，而是四祖奶奶的儿子。祖爷爷死后是三房多分家产了，还是四房少分家产了？” 反倒是你们大房早就惦记着四房的家产，你还好意思假惺惺的说是帮四房打理？我看现在四房的家产已经改姓大房了。两人再一次吵了起来，洪磊又做起了和事佬，而我的目光却始终落在洪宇脸上。这个年龄比我还小的四房主事人，不管大房和三房吵得有多凶，始终一言不发。在洪磊的劝解下，洪林与洪权终于是再次消停了下来。洪权把一肚子怒火发泄到我的头上，洪林。 我们这些后辈现在辩解再多也没用。若真如红雨说的，是四祖奶奶回来复仇，现在死的都是你们大房的人，四祖奶奶的死肯定与大房脱不开关系。他盯着我，跟他妹妹一样讥讽道：“希望你这次请的不再是江湖骗子，否则指不定下一个就轮到你红玲了。”红玲脸色难看，却没有再做争吵。就在这时，一人慌乱地跑进屋里：“不好了，大事不好了！”这人跑得气喘吁吁，他弓着腰，一手撑着膝盖，一手指着外面。 红红露他，洪泉二话不说冲了出去，其他人紧随而至。我们跟着洪泉跑到了三房的院子，一间房屋前挤满了人，但大家都站在门外，没人敢进去。小妹<麦>，洪泉挤开人群，冲进了屋子里。等我追上时，看到他正抱着红露露嚎啕大哭。红露露脖子上有两个黑色的巴掌印，是鬼留下的痕迹。她嘴角有白沫，整个人瘫倒在洪泉的怀里。有人嘀咕道：“之前死的不都是大房的人吗？” 怎么就轮到三房了？这宅子没法住人了。明天我就搬走。我来到红露露身边，忽然发现她的胸口还有微弱的起伏，还活着。透过阴阳眼，我看到红露露身上煞气冲天，比晚宴前的情况更严重。听到红露露还活着，洪泉急忙大喊：“快打幺二零！”我对他说：“没用，她被鬼缠上了。医生赶来前她就会死。让开，我来救她。”洪泉有些不信我，我不肯把红露露交给我。 洪磊劝道：“洪泉，让这位先生试试。难道你真的想眼睁睁的看着露露去死？”洪泉被说动了，重新把红露露放在地上。红露露身上的煞气，我可以用阴阳眼直接吸掉，但阴阳眼的秘密不能暴露，所以我得装模作样的用手指沾水画一道符。当然，此刻情况紧急，来不及找水了，我干脆把手指放进嘴巴里沾了些口水。我用手指在红露露额头上随意抹了两下，低头用阴阳眼把她身上的煞气吸了个干净。 可，可，身上没了煞气，红露露当场就醒了。她看着屋里屋外这么多人，一脸迷茫：“你们在干嘛？”洪泉拉着红露露给我跪下磕头：“谢谢高人救命之恩。”红露露知晓了前因后果，也没了之前的跋扈，不停的向我道歉。我没跟这对兄妹计较，正准备说两句场面话，缓和一下气氛，谁知阴阳眼又发动了，红露露身上冒出了新的煞气，这情况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红露露是人，不是鬼。新的煞气是从哪冒出来的？莫非把你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红露露不知道我为何要她这样做，但经历过死劫的她不敢违抗我的命令，把身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东西并不多，无非是手机、钥匙、身份证这些物品，干干净净，没有一丝煞气。还有没有别的？红露露摇头，摇到一半，她忽然想到了什么，从衣领里掏出一个做工精致的项链。好家伙！ 这项链在我的阴阳眼里，像是被黑色的雾气包裹着，它正是红露露身上煞气的来源。我拿起项链仔细观察，这不是阴物，但有被阴人炼制的痕迹，算是一种法器。我问红露露：“这项链怎么来的？”我忘记了，前两周的时候，我在首饰盒里发现了它，觉得挺漂亮的，以为是以前买的，忘记了就戴上了。这时候，红宇靠近了我，先生，项链能不能让我看看？我把项链递给了他，红宇研究了一会儿。 把项链翻转过来，我这才发现，在项链的背面刻着一个小字“银”。红雨非常肯定的说道：“这是四祖奶奶的东西。”红露露吓得脸色苍白，说话都变得磕巴起来。红“红红雨，你别乱说！我听家里老人说过，四祖奶奶的首饰当年全都一起陪葬了。”然而，红雨坚持自己的判断：“错不了的，这就是四祖奶奶的东西。”红雨的话引起了红家人的恐慌。红玲问他：“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红鱼把项链反面的银字展现给大家看。四祖奶奶名叫唐莹，她心灵手巧，所有的首饰都是自己打造的，每一件首饰上都会有刻有一个银字，做不了假。许多人的眼神变得慌乱，其中一人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忙道：“之前死的三个人身上好像也有类似的首饰，这人应该是大房的。”红玲问他：“你确定吗？”“确定，三个人的遗物都是我收拾的，快去拿。” 十分钟后，三件精美的首饰都到了我的手中。我挨个检查，不管是银镯子、耳环还是玉佩，都刻有一个小小的“银”字，而且字迹相同，应该是出于同一个人之手。这一下，连红菱也被吓住了。她喃喃道：“四祖奶奶，为什么是我们大房？”整个房间都陷入了沉默。过了许久，洪磊建议道：“今天太晚了，有什么事情，明天早上再说吧。”没有人提反对意见。众人散去，我和卢新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关上房门，卢星一对我说：“张贤，你有没有觉得不对劲？”我反问他：“红露露吗？”卢星一点了点头。之前不管是人作案还是鬼杀人，死者都是坠井而亡，为什么红露露不一样呢？我也察觉到了，这有没有可能是两起不同的事件？我们目前得到的情报还是太少了，我准备等天亮了再好好调查一番。一夜相安无事，可鸡鸣声才响起不久，房门被人敲响了。张老板。 您睡醒了吗？宅里又出事了，是红林的声音。我急忙起床，开门后看到红林双眼血丝密布，大概是昨晚一夜没睡。发生什么事了？红林声音有些沙哑。我们大房又死人了。我和卢新一跟着红林赶到了一个长满杂草的院子，这里杂草齐膝高，到处都是虫鸣声。明明是夏天，一进院子我却是感到了凉意，胳膊上鸡皮疙瘩都长起来了。院子中有一口枯井。 旁边站着几个人，草地上还躺着一个。张老板，你看。我走上前一看，躺地上的人已经咽了气。他全身湿漉漉的，头发上还有没蒸发的水珠。我甚至在他的衣服上闻到了水草的味道。人身上有煞气，我让人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透过阴阳眼，我能在死者的皮肤上看到许多泛黑的手印。我可以肯定，这是鬼杀人。我走到井口，向下看去，井是干的，而且填了土，并不深。 我问红林：“昨晚我掉进去的也是这口井。”红林点头：“昨晚救出先生后，我派人在院门守着，谁曾想还是出事了。”他把昨晚守门的两个人喊了过来，指着死者问：“你们昨晚没看到他吗？”两人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说道：“我们昨晚不知怎么回事，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鸡打鸣了才醒过来。”红林正想训斥，被我拦住了：“不能怪他们，这鬼害人不少，道横深，别说是两个人守门。” 就是来十个，也照样拦不住。红林脸上满是紧张。张老板，我们大房一脉已经死了四个人了，您快想想办法，再这样死下去，大房的男人都要死绝了。我知道他害怕下一个死的会是自己，安慰道：“你先别慌，今晚大房的人都来找我，我亲自守着。我倒是要看看究竟是什么鬼在捣乱。”红林急忙答应下来：“好好，有张老板守着，我就放心了。”过了一会儿，如新一把我拉到一边。 张贤，我感觉这不像四祖奶奶复仇。怎么讲？按照洪家人的说法，当初四祖奶奶的死，最大的嫌疑人是三祖奶奶。可现在坠井死的都是大房。我刚刚找人问了一下，当初四祖奶奶死时，大祖奶奶已经过世好几年了，没理由会是大房做的。你的猜测没有错。我压低声音，四祖奶奶的冤魂还在井里待着呢。卢心一瞪大眼睛，我告诉他，昨晚我坠井的时候，在井下见到了一个被绳子捆着的女鬼。 和洪家人描述的四祖奶奶一模一样，而我刚刚往井下看时，再一次看到了她。四祖奶奶双手双脚被捆得动弹不得，死者身上的鬼手印不可能是她留下的。而且我有一种感觉，四祖奶奶好像离不开这口枯井，否则也不会在夜里那么凄惨地喊救命了。虽然尚不清楚三房洪露露是怎么一回事，但我觉得凶手已经连杀大房四人，肯定不会住手的。到了夜里，大房所有人，不管是男女老少，都齐聚在老宅房间最大的会客厅里。 我把鸢尾铃解下来给了卢新一，自己则是拿出了昆吾刀。没错，我把昆吾刀带来了。昨夜是我睡得迷糊才中了招，今晚不会再大意了。入夜后，大房的人们三五成群的聊起了天，聊天的内容多是最近洪家发生的事情以及祖爷爷那一辈的一些秘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聊天的人越来越少，声音也越来越小。夜渐渐深了，老人和儿童们率先顶不住了，躺在洪玲提前安排好的简易折叠床上睡了。后来女人们也顶不住了。 各自找地方休息。凌晨三点，还清醒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就连卢新一这个经常熬夜的人，也是用一根接一根的香烟强撑着。红林走过来问我：“张老板，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天就亮了，今晚是不是平安度过了？”我刚想说“千万不要大意”，忽然间房间里一片黑暗，停电了。红林说着就往外走，可能是要去查看情况。这本该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可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咯噔一跳。等等。 我大声的喊，但红林仍旧往径直往外走，仿佛没有听到我在喊他。更诡异的是，我喊完后，整个客厅十分安静，竟没有一人有反应。我心中暗道一声坏了，这些人应该像昨夜里守井的两个人一样睡了过去。毫无疑问，这次要死的是红林。我急忙往外跑，边跑边喊：“卢新一，拦住红林！”等我冲出门，借着月光看到卢新一屁股坐在地上，嘴巴里还叼着香烟。我急忙把他拉起来，卢新一把香烟吐掉。 揉着屁股问我：“红林是怎么了？”我刚挡在他前面，就伸手把我推倒了。他着到了。我心中已经有了猜测，能在我面前神不知鬼不觉的让红林着道，可不是普通的鬼能够办到的，极有可能是阴人在捣鬼。快跟我走！我和卢新一径直往那间废弃的院子跑。刚冲进院子里，就看到红林站在井口边，准备往下跳。卢哥，摇铃铛！卢新一毫不犹豫的把手腕上的烟花铃摇响，叮铃铃。 红菱动作一僵，像个石像立在原地。我的眼睛一阵火热，然后看到红菱体内有一只穿着旗袍的女鬼。我冲到红菱面前，一把将她从井口拉开，然后用昆吾刀的刀鞘狠狠的往她胸口一拍：“给我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用昆吾刀，不愧是让林天佑流口水的宝贝。刀鞘碰到红菱的瞬间，她体内女鬼惨叫一声，从红菱的身体中跌了出来。我二话不说，一个箭步冲上去，昆吾刀出鞘，一刀斩下。 这是大姐林素素留给我那本刀法中的第一招，光是这一招，我足足练了一个月的时间。大姐没有骗人，昆吾刀是一件非常厉害的阴物。刀锋刺入女鬼身体的瞬间，她仿佛被点燃了一样，迅速灰飞烟灭。红绫醒了过来，她看到身前不远的井口，吓得冷汗淋漓。张张老板，发生什么事了？我把昆吾刀收入刀鞘，把红绫从地上拉了起来。这次中招的是你，还好我发现的早。红绫急忙向我的道谢。 谢谢张老板救命之恩。卢新一走了过来，问我：“都解决了？”我摇头。刚刚我杀的只是阴人操纵的一只鬼，真正的幕后真凶还没有浮出水面呢。先回去。正当我准备带着两人离开院子外，忽然有浓雾涌进来。不一会儿，四周都是雾气，两米外的情景什么都看不清。我紧握昆吾刀，将卢新一和红菱护在身后。这是鬼雾，幕后真凶还没有放弃。在我精神紧绷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身影忽然窜到我的脚下，是一只小兔子。这兔子看着眼熟，正是昨日我帮小女孩捉的那只。有脚步声传来，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从雾中到我面前。小女孩穿着蓝色的小衣襟，楚楚可怜的对我说：“叔叔，你能帮我捉小兔子吗？”看着熟悉的面孔，我的眼睛开始发烫。昨日已经上了一次当的我，怎可能会再次上当？眼前的小女孩是鬼！我抽刀斩向小女孩，谁知刀刚出鞘。 还没来得及碰到小女孩，地上的兔子忽然跳了起来，它一口咬在我的手腕上，随即我的手掌仿佛泡入冰水，变得僵硬麻木。啪！昆吾刀从我的手中跌落，雾气迅速靠拢，遮住了小女孩的身形。我左手拿着刀鞘，用力把咬着我手腕不松口的兔子拍飞，右手重新捡起昆吾刀。卢新一紧张地问我：“张贤，你没事吧？”我说没事，但心中却是非常紧张。鬼雾越来越浓，照这样下去。 我很难护着两个人与鬼缠斗。我问红林：“宅子里有没有祠堂？”“有，就在隔壁。”带我们去。我护着两人往外走，鬼屋里时不时传出小女孩银铃般的笑声：“嘻嘻嘻，小兔兔你在哪呀？不要跑！你们看到我的小兔兔了吗？”在前往祠堂的路上，我两次遭到那只白兔的袭击，好在我眼疾手快，拿昆吾刀护住自己，兔子不敢碰昆吾刀，掉头重新回到鬼屋中。 鬼屋一直在跟随着我们，好在红林对自家老宅非常熟悉，即便看不清前路，依然能准确的找到道路。十分钟后，我们终于走到了洪家的祠堂。进入祠堂后，鬼屋停在了门口，没有进来。卢心一心有余悸的问我：“那小鬼怎么不追了？”我解释道：“祠堂内供奉着洪家先祖，红灵是这一代的家主，受祖上庇护，那小鬼不敢进来。”借着休息的空当，我观察着这间祠堂。 祠堂内点着许多蜡烛，烛光摇曳，将几十张灵牌照亮。洪家真不愧是大家族，祠堂内的灵牌按照辈分从高往低排列，摆得像一座小山。其中摆在最高位的自然是洪林的祖爷爷，那位给洪家打下百年基业的传奇老人。祖爷爷的灵牌下摆着四个灵牌，是四房太太各自所生的四个儿子。自这一代起，洪家分为四脉，这四个儿子分别叫做洪福、洪禄、洪双、唐全。 源于成语“福禄双全”，只不过洪家的祠堂内怎会供奉着唐姓之人的灵牌？我问洪林：“唐权是谁？”洪林解释道：“唐权是四祖奶奶的儿子，他随了母姓，不过从下一代开始又改回了洪姓。”我定眼一看，果然唐权下方的灵牌都是洪姓。祠堂里除了灵位，墙面上还挂着一些老照片，其中一个穿旗袍的漂亮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女人怀里抱着一个两岁大的孩子。 身边站着一个年近六十的老人家，这是祖爷爷和四祖奶奶。我盯着照片上的四祖奶奶，与昨夜我在井下见的女鬼长得一模一样，由此可以断定，洪家死人的事情与四祖奶奶无关。有人借着她回来复仇的名头，行伤天害理之事。卢哥，该你发挥了。依你看来，谁嫌疑最大？卢新一发挥出他身为侦探的本事，开始分析。洪家目前被害的人都是大房一脉的男性。我昨天了解了一下。 这几人都是洪家生意的掌控人，这说明凶手目标明确，为的是洪家的生意。如果今晚洪老板也死了，那大房将会彻底没落，失去对洪家生意的掌控，受益的是其他三脉、四脉人丁不旺，接不起担子。二房和三房收益最大，因此嫌疑也是最大。张贤，昨夜洪露露被鬼袭击，有没有可能是自导自演，借机洗清自己的嫌疑？面对卢心一提的问题，我仔细思考了一下，给了他答案。 可能性不大。昨晚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红露露肯定没命了。没人会演戏逼真到把自己淹死。卢星一摸着下巴说道：“那二房的嫌疑应该是最大的，不过也不能排除四房的嫌疑。我有些好奇，刚刚你不是说即便大房倒了，四房也挑不起担子吗？如果是四房的人做的，岂不是给二房的人做嫁衣？我的意思是，二房有可能会找四房合作，毕竟四房弱小，只要抛出一些利益，很容易满足。” 我和卢星怡聊天时，天亮了，门外的鬼物渐渐散去。我们三个赶了回去，大房的人开始苏醒，谁也不知道昨晚发生了凶险的事情。洪林恳求我：“张老板，请你一定要把幕后凶手找出来，事后必有重谢。”我忽然想到一个事情：“洪老板，你大房的人都是死在老宅里的，对不对？”洪林点头。我接着问：“这些人不在老宅时，可曾遇到过危险？”洪林摇头。 未曾听说过，幕后真凶是谁？我已经有了初步的猜测，只是现在还缺乏证据。洪老板，今天晚上把老宅里的人都聚一起，不仅是大房，其他三脉的人也要来。洪林有些错愕，所有人？对，只要是活人，今晚全都要聚在一起。我要把幕后真凶给调出来。洪林却安排了，他离开前，我让他找人给我送三样东西过来，分别是毛笔、黄纸和朱砂。东西送来后，卢新一好奇的问我。 你准备做什么？我把心中的猜测说了出来。害人的鬼应该只能在老宅中行动，应该是有什么东西限制着他们。我猜是当年风水师留下的风水阵。风水阵？那是什么？我向卢新一解释道：“一般的住宅只需要一两件镇宅宝物就能改变风水。你的侦探所不也摆着一块泰山石吗？但像洪家的大宅子，想要改变风水，就需要多件宝物组成风水阵。我们之前见到的八仙过海隐墙。” 还有红灵说的“龙之九子兽相”都是阵法的一部分。你记不记得前天我们刚进洪家说你说的第一句话？卢新一想了想，这老宅看起来像棺材。不，下一句，我觉得这老宅有些阴森。我点了点头，就是这一句。一般好风水的房子进入后会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愉悦感，而不是阴森恐怖的感觉。我怀疑有人修改了洪家的风水阵，以风水养鬼杀人。卢新一满脸震撼。 谁能做到？他眼睛睁大，又补了一句：“四房的人。”我点了点头。想要改变风水阵，必然要知道振心在哪。洪林之前不是说，风水师在给他祖爷爷逆天改命时，将一只金蝉埋在了洪家吗？那只金蝉就是风水阵的振心。而埋金蝉时，风水师身边没有洪家人陪同，能找到他的，只有可能是四房的后代。卢新一思考良久，赞同了我的猜测。逻辑是对的，还差证据。 捉住昨晚追杀我们的小鬼，就有证据了。我把朱砂混水搅成墨，又把黄纸裁剪成巴掌大小的长方形，随后翻出从茶馆带来的那本《龙虎山安宅镇邪护救符》。这本书中除了有基础的风水知识，还有龙虎山传承至今的百张符箓。这些符箓能够改变风水走势，原本是龙虎山不传之秘。要不是师傅与龙虎山有大交情，我是没资格学习的。我的字才练到初中生水平，画图就更别说了。我干脆把黄纸揭去一层。 使其变得半透，盖在书本上进行临摹。十五分钟后，十张符箓画完了，符箓上的笔画歪歪扭扭，有些抽象。幸好林小璐不在，否则她肯定又要吐槽我了。我把其中九张符箓交到卢星一手中，给他安排了一个任务：你找大房的人带你去寻宅子里的九个龙子兽像，把这些符箓贴上。记住，千万别让四房的人发现。好。入夜，洪家所有人都聚集在了一起。二房的主持人洪磊问：洪林。 你这是要做什么？洪林正要开口解释，被我抢了先。昨晚洪老板差点死在井里，被我救了。今晚我准备当众捉鬼，把幕后真凶找出来。听到组长差点也死了，不少洪家人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洪磊问我：“先生准备怎么做？”我笑着回答他：“大家看着就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符箓，向众人说道：“百年前那位风水先生以一只金蝉改变了洪家老宅的风水。” 为你们的祖爷爷逆天改命，延续十年阳寿。可如今有人找到了金蝉，还以阴术修改了风水阵，以风水养鬼，谋害洪家人。讲到这，有人质疑道：“先生，那只金蝉，我们洪家人不是没有找过，根本就找不到。”我解释道：“风水之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风水师怕的就是你们这些外行乱搞坏了风水阵，才没告诉你们洪家金蝉埋藏之地。”那人又问：“既然风水师谁都没告诉？” 又是怎么被人找到的？我盯着四房红宇的眼睛。风水师没告诉红家人，可不代表他没把秘密透露给自己的后人。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红宇的身上。风水师的后人不就四房一脉吗？红宇显得很是紧张。先生，你是在怀疑我吗？我，洪雷打断了他。先生，红宇尚未成年，他怎可能做出杀害族人的事情来？是吗？说不定是被人蛊惑了呢。 我看到洪磊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不等他开口，我继续道：“究竟是不是洪宇做的？等会儿我把杀人的小鬼捉住，让他认一认自己的主人，自然就真相大白了。”说完，我用打火机点燃了手中的符箓。很快，人群中有惊呼声响起，起雾了，有雾气飘来，带着森森凉意，与昨晚废弃小院里的情景一模一样。再一次看到鬼雾，洪林吓得脸色大变。张老板，您做了什么？我让他别紧张。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我刚刚点燃的符箓名叫镇宝符，可在改变家宅风水时临时充当镇宅宝物。我让卢新义把镇宅的九只龙子兽像用符箓屏蔽，再燃以镇宝符符。洪家老宅的风水会临时汇聚于此，幕后真凶以老宅风水养的小鬼自然也会赶来。鬼雾越来越浓，不少洪家人下意识的往后躲，瑟瑟发抖。过了一会儿，一道银铃般的笑声从雾中响起：“嘻嘻嘻，小兔兔，你别跑。” 小兔兔，你在哪里啊？穿蓝色衣襟的小女孩从雾中跑了出来。刹那间，尖叫声从我身后响起：“鬼，鬼呀！”我纳闷，这些洪家人怎么认出小女孩是鬼的？第一次见到她时，我都被骗了。洪小凤，她不是死了快十年了吗？原来洪家人是认识这个小女孩的。小女孩追上了小兔子，抬头看到这么多人，眼神有些慌乱，扭头就要往鬼屋里跑。我怎可能会放她回去？ 一边拿着昆吾刀追，一边对卢星一喊：“卢哥，摇铃，叮铃铃！”冤花铃响起，小女孩身形一个踉跄，像是在玩“一二三木头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眼见我就要追上她，忽然一道身影向我扑来，“别伤害我妹妹！”我被人抱住，两个人同时摔在地上。就在我起身的空当，小女孩已经重新回过神来，跑回鬼屋。镇宝符的效果结束了，鬼雾散去，一切重新恢复了平静。 我望着坐在地上的红雨，一脸的惨白。虽然没能捉住小鬼，但小鬼的身份暴露，外加红雨贼喊捉贼的举动，无疑已经证实了他就是幕后真凶。大房的男人扑了上去，很快就把红雨给制服了。四房人丁稀少，剩下的几个妇孺只能干看着。红雨被大房的人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动弹不得。红绫走到他面前，不敢置信地问：“红雨，我们大房应该对你不错吧？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呸<呗>！”红雨啐了一口痰。 险些吐到红玲的脸上。对我好？哼，你对我是挺不错的，那是你动机不纯。这些年来，你仗着我年幼不懂事，把原本属于四房的生意全都给抢走了。红玲辩解道：“四房只剩下你一个男丁，还未成年，根本就不会做生意。偌大的家产，若不是我帮你兜底，早就败光了。况且，我不是答应过你，等你成年之后，会把四房的家产再还给你吗？”红雨咬牙切齿道：“我不信你。” 红林有些恼怒，从我红林接任组长以来，可曾有过食言？没有吗？红雨的表情变得十分狰狞。你答应救我妹妹的。我看到红林的表情错愕，回想起红雨扑倒我时喊的那句“别伤害我妹妹”，我才反应过来，刚刚那个名叫红小凤的小女孩就是红雨的妹妹。红雨控诉道：“小凤病的时候，你答应过我，不惜一切代价把她治好，可转头你就放弃了她，贪了她的治疗费。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吗？” 洪林嘴巴张了好几下，却没能说出一句反驳的话。最后，他把头转向二房的洪磊，不敢置信的问道：“是你告诉他的？”洪磊面不改色：“洪林，你不该骗他的。”后来我才知道，十年前洪宇的亲妹妹洪小凤患了一场大病，洪宇父母早亡，他要用四房的家产来救自己的妹妹。刚刚接手家族的洪林，为了拉拢四房的人，主动找到洪宇，说会尽心尽力的救治洪小凤。 年幼的洪宇非常感激洪林将四房大量的资产给了洪林作为治疗的费用。洪林托了关系，将洪小凤送到国外医疗发达国家进行救治。一开始，他的确是尽心尽力，可当医生的诊断下来后，他改变了主意。医生告诉洪林洪小凤的病以目前的医疗科技没有治好的可能，只能用珍贵的药剂维持生命。药剂昂贵，即便把四房所有的家产全部当卖，也只能维持洪小凤五年的生命。 洪林认为洪小凤的命不值这些钱，他瞒着洪宇做出了一个决定，停止对洪小凤的治疗。三个月后，洪小凤的尸体被运回了国。这个事情原本是没人知道的，但一次家宴，洪林不小心喝多，告诉了洪磊。他原本以为这个长辈会理解他，帮他保守秘密，却万万没想到洪磊将真相告诉了洪宇。面对洪宇的指责，洪玲面如死灰。他的确是做了对不起洪宇的事情。他红着眼睛对洪宇说道。 是我做错了，你恨我是应该的，可这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你为何要殃及无辜？这时，三房的洪泉也开了口，他质问洪宇：“这是你和大房的恩怨，为什么要对我妹妹下手？”洪宇沉默了片刻，再次开了口：“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洪泉：「你该谢谢我的。如果我真想杀洪露露，她现在应该躺在井底，而不是留下一口气被人给救了回来。”这句话解开了我的疑问。 怪不得红露露被鬼袭击和其他人的死法不同，原来是红雨刻意而为。至于我为什么要杀大房其他人，那你们得问问红磊爷爷是怎么想的。所有人的目光汇聚在红磊的脸上，红磊脸色发青，他愤怒的看着红雨，咬牙切齿道：“你胡说什么？”红雨忍不住笑了：“你们啊，是狗咬狗，没一个好人。”红林盯着红磊质问道：“你又做了什么？”红磊开始辩解：“红林。” 你别信他的话，他是想让我们互相猜忌，搞垮洪家。磊叔这些年来一心为洪家着想，你难道没有看在眼里吗？洪宇打断了他的话：“别说的这么大义凛然了，你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让二房上位，掌控洪家吗？”他的眼中有恨。洪磊爷爷，不要以为还像年幼时那么好骗。你之所以告诉我小凤的死因，是想让我学习唐家的风水秘术，好为你所用。我原本也认为你是在帮我，可当你让我先杀大房的其他男人。 还要我除掉三房做生意最好的洪露露时，我就已经知晓了你的野心。你知道吗？在我原本的计划里，杀死洪林后，下一个死的就是你。洪磊受到了惊吓，他不敢置信的问道：“为什么？这些年来，整个洪家只有我真正的关心你。如果我不是暗中帮你，你们四房一脉早就没了。”你帮我？洪宇表情变得无比狰狞：“你比洪林更会骗人。”我眼睛发烫，看到洪宇身上冒出惊人的煞气。 他厉声嘶吼道：“你知道吗？自我学会风水术后，能够看到魂魄与厉鬼，才发现小凤她一直没有走，因为她大仇未报，是冤死的。小凤告诉我，她之所以患病，并非意外，而是你，洪磊，暗中给她下了毒。”洪磊如遭雷击，面色煞白。从他的表现不难判断，这是真的。从四祖奶奶冤死井下起，你们洪家人就该死，你们统统都该死！”说着。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泛着金色的物件，我定眼一看，这是一只镀金蛤蟆，大蛤蟆在下，小蛤蟆在上，两只蛤蟆叠在一起。以我做阴商的经验，此物非常不凡，在风水学中，这叫叠蟾蜍，常用于与天地沟通，祈雨求富。红宇将叠蟾蜍高高举起。当年曾曾祖父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用这只金叠蝉给洪家的老太爷续命十年，为的是让四祖奶奶有一个好的生活。没曾想，四祖奶奶连善终都做不到。 至今冤魂留在井底，无法往生。今日我要给四祖奶奶报仇，给小峰报仇。他用力一摔，金蝶蝉砸在地上，啪的一声，大小蛤蟆分离，摔成了两半。金蝶蝉摔成两半的瞬间，我的心脏咯噔停跳了半拍。我的心中忽然涌现出一股不妙的预感。只见原本已经退去的鬼雾重新飘了过来，很快红雨的身形就被鬼雾所吞噬，只剩下他的笑声在雾中回荡。你们都去死吧！哈哈哈哈！ 红雨的声音越来越远，最终消散于浓雾之中。眼见鬼雾越来越大，我让红林安排所有人退回屋里。谁知鬼雾竟然也往跟着往屋里涌，我急忙找来纸笔，画了几道符贴在门窗上，屋内的鬼雾才散去。洪家人都吓坏了，不少孩子已经呜呜的哭了起来，恐慌的情绪在屋内蔓延。正当我研究鬼屋时，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惨叫，回头一看，洪拳压在洪磊的身上，拳打脚踢。族人急忙拉开他们。 洪权指着洪磊，愤怒地吼道：“王八蛋，杀我妹妹，这是没完！”大房的人与三房的人将二房的人围住，似乎要讨个说法。至于四房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或许是刚刚洪宇趁乱将他们都接走了。眼见要打起来，洪林喊了一嗓子：“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打架？难道你们看不出洪宇想要我们所有人的命？”屋内一下安静了下来，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有恐惧的神色。洪林掏出手机，却发现没有信号。 他走到我面前，用力握住我的手。张老板，我洪家上百口人的性命都仰仗您了。其实我也有些紧张，但这个时候我不能表现出一丝慌乱，否则其他人肯定会精神崩溃。洪老板，找几个胆子大的跟我出去一趟。好。很快，洪林就拉出了三个男人。这三人都是二房一脉的，他们很不情愿，但他们不敢拒绝，毕竟这是二房造下孽。我让卢新一守在这里，然后把房间的窗帘扯下来，撕成布条。 绑在我和三个洪家人身上，以防在鬼屋中走散。随后，我拿着昆吾刀走出了房间，走进了鬼屋里。鬼屋很大，三个洪家人用手机上的闪光灯照明，只能看清前方半米的路。我走在最后面，让三人领路，看看能不能找到洪家的大门。只要离开风水镇的范围，就算逃出去了。三个洪家人对老宅本是轻车熟路，可我们走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大门。其中一人声音打颤地对我说：“先生，我们好像又走回来了。” 我暗道一声不好，这屋里有鬼打墙。我们看似是在走直线，实际上却是在绕圈。我当机立断，回去。好在往回走一帆风顺，重新回到了来时的屋子。卢星一问我，找到离开的路了吗？我摇头，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等天亮吧。大家硬挨了一夜，天终于是放亮了。然而鬼雾仍旧没有消散的迹象。我懂了，红宇这是打算把所有人活活困死在洪家老宅中。 这间屋子里没水也没吃的，已经有孩子饿得哇哇大哭了。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我下定决心再出去一趟。不过这次我的目的不是寻找离开的路，而是找前两夜我居住的客房，那里有我为此行准备的底牌。我居住的客房离着现在的房间只有不到一百米的路程，但外面鬼屋中有鬼打墙，能不能成功走过去，我心里没有一点谱。卢心怡冷静的帮我分析了一下，他认为我是阴人，手中又有昆吾刀这样的厉害阴物。 鬼打墙应该拦不住我才对，我刚刚之所以在老宅中打转，应该是被带路的三个普通人给影响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这一次我决定不带任何人，自己去找客房。再次踏入迷雾，之前打转的感觉没有了，我非常顺利的走回了自己的客房。我忍不住在心里夸赞卢新一，他的推理能力可真是帮了我大忙。客房里已满是鬼物，好在我出发前又画了两张符箓，往门窗上一贴，屋内的场景才逐渐清晰起来。 我在房间里找到自己的行李箱，打开之后将一个古朴的盒子拿了出来。打开盒盖，一只骷髅狗头出现在我的眼前，是狗爷。我用手指敲了敲狗爷的天灵盖，狗爷的眼眶里燃起了绿色的鬼火。小子，到本大爷吃饭的时间了吗？我说：“狗爷，你晚点再吃。我遇到麻烦了，要请教一下。”狗爷看到了屋外的鬼物，问我：“你得罪风水师了？”我把洪家老宅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狗爷，狗爷听后对我说道：“你有昆无刀，你的同伴有渊花灵，你们自己走出去就行了。这洪家上下你暗算我，我算计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救他们干嘛？”狗爷不管怎么说，这活儿我代表茶馆接了下来，总不能砸了殷商的牌子。再说洪家还有无辜的孩子和老人，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狗爷哼了一声：“幼稚。”话虽这样说，但狗爷还是帮了我。你想救人，只有一个办法。 把风水阵破了，鬼物自然就会散去。我哑然失笑。狗爷，我的风水术也就刚刚入门的水平，做不到啊。狗爷骂了我一句愚钝。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唐家摆的风水阵，自然要唐家人来破阵。我很是无奈的说。可四房的人都跑了，哪里去找唐家的后人？我的话戛然而止。我忽然想起，沈家老宅里还有一个唐家人呢。狗爷问我，想明白了？想明白了。 我谢过狗爷，给他喂食了一些煞气，然后将他重新放回盒子里沉眠。我离开客房，在重重迷雾中找到了前夜跌下去的枯井。我要找的唐家人就在这里，准确来说是唐家鬼。紧不深，我直接跳了下去。熟悉的求救声再次响起：“救命！谁来救救我？”我的面前是一个被绳子绑住手脚的女人，虽然身上湿漉漉的，满是水草和淤泥，但依旧难掩美貌。我走上前，呼唤道。 四太太，是你吗？女鬼抬起了头，与我对视。她问道：“你能看见我？”我点了点头，询问道：“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还不离开？”四太太的眼睛泛红，如珍珠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我在等人，在等人。我继续问：“你在等谁呢？”“等我的丈夫。”我知道了，她等的是洪家老太爷。我忍不住道出真相。 你丈夫已经离世百年了，他不会回来了。没曾想，四太太斩钉截铁的对我说：“不，他一定会来的。他答应过我的。”我在四太太的身上感受到了深深的执念。红雨既然知道自己的祖奶奶的灵魂困于井下，不可能没尝试过营救，但显然是失败了。想要救洪家，我必须得说服四太太。我问他，你知道自己是谁害死的吗？”“知道，是我的丈夫，是他亲手把我推进了这口井。”这个答案。 让我目瞪口呆，惊得我许久说不出话来。凶手竟然是洪家老太爷，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按照洪磊的说法，四太太死后，洪家老太爷给了三太太一巴掌，因此洪家后人认定凶手是三太太。我很难想象，当这个真相被洪家人知晓后，会引起怎样的震动。为什么？我无法理解洪家老太爷为何要杀自己恩人的女儿。四太太悠悠的解释道：“他害怕。” 害怕什么？害怕他死后，洪家没人能镇住我这个习得父亲真传的风水师。四太太的脸上满是幽怨。父亲临终前让我的丈夫答应，我们生的儿子要随母姓，以延续唐家香火。我想起洪家祠堂上那唯一的唐姓灵牌，心中有了猜测。你丈夫是怕唐家鸠占鹊巢，对吗？四太太点了点头。他生性多疑，我本以为自己可以用真诚打消他的猜疑，没曾想整整十年。 都没有做到。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后，用酒灌醉了我，然后趁着夜深人静，用绳子捆住我的手脚，把我扔到井中。动手前，他不停的向我道歉，答应等他死后就来找我。可我等到现在，他都没有来。我很想说他不会来了，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我告诉四太太，他的后代掌握了唐家的风水术，更改了他父亲留下的风水阵，如今洪家鬼物弥漫，洪家上下很有可能都会葬身于此。四太太，现在能救洪家的只有你了。 四太太不为所动，我只想等他。我使用激将法，难道你要眼睁睁的看着他绝后吗？四太太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我在乎的只有他一个。我懂了，想要打动四太太，只能从老太爷身上下手。我问四太太：“你想不想再见到你的丈夫？”四太太猛地睁大眼睛，她手腕上缠绕的绳子瞬间崩开，我还没反应过来，她的双手已经搭在我的肩膀上。 他声嘶力竭的嘶吼：“真的吗？我真的能再见到他吗？”我的双肩感受到了刺骨的寒冷，惊得我差点就要拔刀，不过我忍住了。我认真的回答道：“真的，你生前是阴人，应该听说过阴商的名号。我是阴商第二十二代传人张贤，只要你肯帮我，我以历代祖师的名义起誓，一定能让你和丈夫再见一面。”不知是我的真诚，还是阴商的名号打动了四太太，她放开了我，自己解开了身上剩下的绳子。原来她不是离不开。 只是不愿离开，我下意识的问了一句：“既然你能自己解开绳子，为什么还要喊救命呢？”四太太的话让我哭笑不得。在井下太无聊了，就想吓吓井上的人。四太太摘掉身上的水草，整理了一下湿漉漉的头发：“走吧，在井下待了百年，也不知道井上变成了什么模样。”四太太是鬼，径直飘了上去。倒是我费了不少力气才爬到地面，幸好最近我练刀长了不少肌肉，否则说不定就困井下了。 四太太见到鬼物，点评道：“我这后人学的不错，竟然能把父亲的紫气东来阵改成迷雾锁魂阵。”我问他：“能破阵吗？”四太太没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但她的模样分明是自信满满。“跟我来吧，我现在是鬼，有些事情需要你来协助。”四太太带着我来到了洪家大门隐蔽墙上的酸泥石像上，还贴着我画的符箓。这幅是你画的？是，画的真丑。 我选择闭嘴，这丑陋的笔画，不管怎么辩解，都是欲盖弥彰。把符摘下来，我爬上去摘下符箓。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感觉周围的鬼物变淡了一点点。四太太解释道：“洪家宅子里有九座龙子石像，他们是风水阵的基石。你用符镇住他们，反倒是让这鬼物更加猖狂。”接下来半个小时，四太太带着我把整个洪家老宅转了个遍，除了把龙九子石像上的符录摘下。 他还找到了红雨对风水阵的改动之处，指导着我一一恢复。最后，他又带着我回到了那个荒凉的院子里。四太太指着枯井东面的一棵老槐树，槐树底下往下挖一米，有一件黄铜镀金的蟾蜍，你取出来。它是整个风水阵的核心。我告诉四太太，那件金蝶蝉被你的后代给摔坏了，这鬼物就是金蝶蝉毁掉后出现的。我看到四太太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这就麻烦了。 风水阵的阵眼空了，必须得找一件新的宝贝埋进去。他打量着我：“你身上有什么能改变风水的宝贝吗？”我摇了摇头：“我身上能称得上是宝贝的，只有坤无刀，但坤无刀是斩鬼用的，改变不了风水。”四太太思索良久，叹了口气：“那你只能去掘我的坟了。我生前有一口吃饭的银碗，是父亲给我的陪嫁，那用来镇风水。我那时有个习俗，女人死时陪嫁物品要一起下葬，现在应该在我的棺材里。掘人坟墓，丧尽天良。” 但四太太自己答应的，我就没什么顾虑了。你葬在了哪里？四太太叹了口气：“你这问的，我死后一直待在井里，哪里知道自己被埋在哪了？”我挠了挠头：“是我欠缺思考了。”我带着四太太赶回洪家人身边，询问洪林后，知道了洪家祖坟的位置。我扛着铁铲，找到了四太太的坟墓。四太太的坟前立着两块墓碑，这是一棺两人合葬的标志。 两块墓碑的主人分别叫唐莹和红欣，唐莹是四太太的名字，而红欣看四太太痴迷的眼神，想来就是洪家老太爷了。四太太用手轻抚着红心的墓碑，痴痴的说着：“你果然是爱我的，最终只与我合葬。”我信了四太太的话。老太爷总共四房妻妾，唯独与四太太合葬在一起，说明两人的确是感情深厚。也怪不得四太太对老太爷亲手杀了他，只有怨没有恨。我无法去评判这段感情的对错，但有一点我想不通。 按照洪家人的说法，两人死在同一天，如今又是合葬在一起，为何四太太在井下苦等百余年都没有等到老太爷呢？现在洪家老少的都被困在鬼屋里，等着我来解救。我强忍住疑问，准备开工。我在坟前鞠了三躬，虽然是四太太让我挖的，但这坟里葬着两个人，一事不能少。鞠完躬，我拿起铁铲，说了句得罪，开始挖土。这是个体力活，干了没多一会儿，我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早知道刚刚把卢新一也叫上了。 好歹有个帮忙的，我干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足足挖了三个小时，终于是见到了棺材。合葬的棺材比单人的棺材大得多，我一个人可没办法从坑里抬上来，只能直接掀开棺盖。此地土壤湿润，棺材已经腐蚀的厉害，我用铁铲一敲，锈迹斑斑的钉子直接断了。打开棺盖，露出了两具白骨，一大一小，穿着丧服，双手还牵在一起。四太太盯着棺材里较大的白骨，眼泪簌簌的往下流。老爷，我等了好久啊。 四太太哭泣着，而我则是小心翼翼的在关中寻找她说的那口银碗。很快，我有了发现。两人脚下的空间里有不少陪葬品，看得出洪家当时有多么富裕，各种金银器皿数不胜数，还掺杂着不少玉器。靠近四太太遗骸的地方，有个被红布包裹的东西，露出一点暗沉的银色。我把红布解开一看，是银碗。这银碗的外侧有金丝镶嵌的图案，一只凤凰的身周围绕着数不清的小鸟。这碗的做工非常精致。 哪怕最小的鸟，亦是纹理清晰、栩栩如生。四太太，是这个吗？四太太点了点头，拭去眼泪，就是他。你把这碗埋进我之前说的地方，洪家宅院里的鬼物就会散去。只不过这碗只能破阵用，想恢复老宅紫气东来的风水，就做不到了。我可没有承诺过保住洪家风水，日后洪家如何，就不是我要考虑的事情了。见四太太依旧痴情的望着观众的老太爷，我不忍心打扰。 独自回了老宅，我在那棵老槐树下挖了一个很深的坑，将银碗放了下去，重新埋上。说来神奇，银碗入土还没半个小时，鬼物就消失的干干净净。再次见到红林，他激动的差点给我跪下，不停的向我道谢：“谢谢张老板，你是我洪家的大恩人啊！”洪家的事情解决了，我下面发愁的就是答应四太太的事情了。两天后，我和卢星一回到了茶馆，一同回来的还有四太太。一路上，他紧盯着我。 生怕我食言跑掉。回到茶馆后，林小璐盯着四太太，奇怪的问我：“怎么带回一只鬼来？”我把洪家的遭遇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对于四太太的遭遇，林小璐深表同情。他帮我从地下室搬出一件阴物，放在了桌子上。这阴物的外表是一座九层宝塔，每一层都刻着恐怖的图案，比如第一层刻着被拔掉舌头的人，第二层刻着被剪断十根手指的人。 这两个图案分别对应着第一层地狱拔舌地狱和第二层地狱剪刀地狱，其余七层以此类推。四太太问我：“这是什么？”我向他讲解道：“这叫召魂塔，能将在地狱中受刑的灵魂召回一炷香的时间。原本是一对，刚好对应着十八层地狱。但我们殷商手中只有一件。如果老太爷的灵魂在前九层地狱，你就能再次见到他。”我心中祈祷：洪家老太爷千万别在后九层地狱，否则我就要食言了。 我把四太太请到楼上的雅间，以殷商传承的秘法激活了召魂塔。召魂塔内冒出浓郁的煞气，煞气之浓烈，让屋子的墙壁和地面都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这是源自地狱的煞气，就是修炼千年的厉鬼也比不得。伴随煞气一同出现的，还有地狱中灵魂受罚发出的鬼哭狼嚎之声，声声凄惨，听得我头皮发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催促四太太赶紧呼唤老太爷的名字，只有亲人的呼唤。 才能将灵魂召回阳间，四太太深情的呼唤道：“红星老爷，你听得到吗？我是莹莹啊，我等了你好久好久，你怎么还不来找我呢？”忽然间，封闭的房间内阴风大作，一道黑色的影子从召魂塔中飞了出来。我定眼一看，是一个六十余岁模样的男人。四太太扑了上去，嚎啕大哭。我悄悄退了出去。召魂塔只能维持一炷香的时间，我还是不打扰的好。关门前。 我仔细看了一眼洪家老太爷，他身上有古代死刑犯锁住双手和脖子的木枷锁。我从未听说过前九层地狱有给灵魂上枷锁的传说，于是找到林小璐打听了一下。林小璐告诉我，枷锁不是地狱中产物，而是四太太的爷爷给洪家摆阵的风水师的手段。林小璐猜测，风水师怕十年后洪老太爷阳寿耗尽。 孤苦无依的四太太会在洪家受其他三房太太的欺负，在风水阵中暗藏阴术，却没想到最终会用的到她所救的洪家老太爷身上。这枷锁能把灵魂直接拉入地狱，受尽折磨才能投胎转世，所以四太太迟迟没能等到老太爷与她相聚。一炷香后，我上楼查看情况，召魂塔已经恢复原样。奇怪的是，洪家老太爷和四太太都不见了。我只想到一种可能：四太太与老太爷一同前往地狱，宁可受难。 也不愿再与心爱的人分离。半个月后，洪玲送来了谢礼，是另一只绣花鞋，与他付的定金刚好凑成一对。这件衣物后来被我卖了出去，不过那是另外的故事了，日后再讲。听洪林讲，四房一卖，下落不明，二房洪磊自知犯了大错，为保二房其他人不受牵连，离开了洪家，死后不入祖坟。二十年后，我偶然间又听到了洪家的消息：自风水镇毁掉，洪家不断衰败，最终连老宅都卖了出去，让人唏嘘不已。 洪家的事情结束后，我估算了一下，洪林给的一双绣花鞋最少能卖六十万，其中三成归茶馆，七成归我。换句话说，我最少能盈利四十万。我拿出四分之一，4, 也就是十万块，交到了卢新一手中，这是他的报酬。卢新一看似没有帮上太多的忙，但如果没有他的推理，我很难这么快的确定洪宇是操纵厉鬼杀人的凶手。这十万块是他应得的。卢新一开始不要，但在我强硬的要求下，他还是收下了这笔钱。 得知此事后，林小璐把我夸了一番：“张贤，你这事儿做的地道，真没想到你这么大方。”我被林小璐说的有些脸红。我的确喜欢钱，但在师傅的教导下，我已经明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林小璐问我：“你生日是不是快要到了？”我点点头：“我是九月下旬的生日，再过两周就要到了。”林小璐拍着我的肩膀：“十八岁了，成年了，该好好庆祝庆祝。以前在福利院，只有李子给我过生日。” 如今李子不知去了哪里，我对过生日更没了兴趣。小鹿姐，要不算了吧？林小璐叉腰，有些生气：“哪能算了？这可是你的成年礼！”别管了，姐姐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我不好服了林小璐的面子，只好答应下来。和林小璐聊了几句，我看了一眼时间，已经中午了，于是邀请她一起去吃午饭。林小璐提议道：“隔壁街道有家面馆，你吃过没？味道挺不错的。”我没吃过。 不过能让林小璐说出“好吃”两个字来，想来味道一定不错。林小璐领路，带着我来到了他口中的面馆。说是馆子，其实就是一个小摊。老板是个胖胖的男人，他皮肤有些黑，明明只有三十岁左右的年纪，但给人的感觉却像四十岁的人。面馆生意不错，十几张桌子几乎坐满了人。林小璐一看就是老客了，他找了个空座坐下，大声招呼老板：“黑老胖，两碗牛肉面。”“好嘞。”我有些尴尬的问。 小鹿姐，你这样喊人家不好吧？林小鹿笑嘻嘻的跟我解释：“黑老胖是老板给自己起的绰号，他喜欢客人们这么喊他，觉得亲切。怪不得老板没有生气，原来是这样。”两碗牛肉面很快就端了上来，面条劲道，面汤清亮，还握着六片厚厚的牛肉，味道当真是好极了，怪不得林小鹿会喜欢吃。我才吃了两口后，后面摊来了新的客人，黑老胖热情的迎了上去：“孙婶，带小帅帅来吃面。” 听到“小帅帅”三个字，我还以为是个小朋友，谁知扭头一看，入我眼帘的是一个比我还要大几岁的男青年。我有些错愕，这么大的人被叫小帅帅，不觉得羞耻吗？就在这时，小帅帅对着黑老胖撒起了娇：“黑叔叔，我要吃牛肉面，大碗的。”明明是个大人，说话却是孩童的方式，还有他脸上的表情，特别像小孩子。林小璐轻轻点了我一下，然后指了指自己的头，我立马理解了，这个小帅帅脑子有问题。 说小帅帅脑子有问题，并不是在骂人，而是他有智力缺陷。他跟着母亲坐下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粉笔，在桌子上写写画画。被黑老胖称为孙婶的母亲急忙阻止儿子的举动：“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能在别人的桌子上画画。”说着就要去夺儿子的手中的粉笔。帅帅把粉笔藏在身后，可能是母亲的态度刺激到了他，他哇哇的大叫着：“不给！我不给！”帅帅的声音特别大。 周围有食客露出不悦的表情，孙婶赶紧捂住儿子的嘴巴，小点声。黑老胖端着面走了过来，给孙婶解围，让他画吧，我倒是觉得小帅帅挺有艺术天赋的。我打眼一看，桌子上画了一只小王八。孙婶面带歉意的向黑老胖点了点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手帕，手帕打开后，里面是一叠钱，面额从一毛到一百，不管钢，记还是纸钞，应有尽有。 孙婶把钱递到儿子面前，引导着他：“帅帅，妈妈之前是怎么教给你的？一碗面该给多少钱？”谁知他儿子根本就没在听，抓起筷子就把面往嘴里塞。孙婶急了，一把把儿子面前的面夺了过来，他另一只手用力拍着桌子，大声着训斥儿子：“跟你说了多少遍，吃饭要给钱的，给钱的，你记住了没有？”帅帅委屈的哇哇大哭，不知所措。黑老胖劝道：“孙婶，你就别难为孩子了。” 孙婶眼睛通红，我也不想难为他，可我总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啊！我要是走了，他可怎么办啊？他把那一叠钱放到儿子面前，指着其中的十块钱，叮嘱道：“帅帅，你记住，以后来黑叔叔这吃面，要给这张，你记住了吗？”帅帅依旧委屈，嘟囔着：“妈妈给，妈妈给。”孙婶擦了擦泪，把面推了回去：“好孩子，是妈妈不对，吃吧，快吃吧。” 桌子上只有一碗面，帅帅吃了两口，把筷子递给孙婶，憨憨的说道：“好吃，妈妈也吃。”孙婶笑着说好：“好像征性的吃了一小口，又把面推了回去。”妈妈吃过了，快吃吧，不要浪费。等帅帅狼吞虎咽的吃完面，孙婶带着他离开了。看着母子两人远去的背影，林小璐感慨道：“好可怜啊！”我在心中叹了口气，不经意回想起自己在福利院的日子，那时福利院里也有脑袋不灵光的孩子。 但那是我不觉得他们可怜，反倒羡慕他们。至少他们永远像小孩子那样，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饥饿温饱，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你想什么呢？林小璐的手在我眼前晃了晃，这么入神。我说没什么，起身把面前给结了。我和林小璐回到了茶馆，和大部分的日子一样，茶馆冷冷清清，整日就我们两个人。当太阳开始西落时，楼上忽然传来林小璐的尖叫声，正在打瞌睡的我吓得一个机灵，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林小璐从屋里跑出来。 泪眼妈撒，张贤，茶馆停电了，我的晋级赛啊！我跑去查看电表，原来是没钱了。茶馆用的是老式插卡电表，不能用手机续费，只能拿着电卡去三条街外的电力公司营业厅充钱。以林小璐的宅女性子，她肯定是不会去的，只好由我来跑腿了。路上我经过一个小花园，看到了两个熟悉的面孔，孙婶和她的儿子小帅帅。小公园里，孙婶正坐在长椅上晒着太阳的余晖，她看上去很是疲惫，一直在用手揉太阳穴。 公园里还有许多小孩子，孙婶的儿子试图和他们一起玩，可他一靠近，孩子们就跑掉了。帅帅的脸上满是失落。我和这对母子只有一面之缘，没必要特意去打招呼。正当我准备离开时，看到帅帅蹦蹦跳跳的向我招手，我有些纳闷，这是在和我打招呼。我犹豫着要不要回应一下，身侧突然跑过去一个人，把我撞了个踉跄。这位先生，你没事吧？我循着声音转头，一个和孙婶差不多大年纪的大叔正满脸歉意的看着我。 大叔指了指刚刚撞我的人：“对不起，我儿子智力有些问题，他不是故意的。”我看到帅帅正和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大的男孩抱在一起，蹦蹦跳跳。我心里原本升起的火气，因为这个场景消散了。看到帅帅找到能与自己一起玩耍的伙伴，我也挺开心的。没事，我不介意。大叔走了过去，坐在了孙婶的旁边，两人一看就是老相识了。没多久，又来了一对父女，女孩年纪稍小一点。 十五六的模样，穿着一件洗褪色的裙子，看得出他和两个男孩的情况相仿。三个孩子在公园里一起挖沙子，脸上天真无邪。三个大人坐在长椅上聊天，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忧愁。我在心中感慨，这是三个同病相怜的家庭啊。过了几日，林小璐又想吃面了，她拉着我来到了黑老胖的摊子，照例喊道：“黑老胖，两碗面加蛋。”我刚入座，又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孙婶带着儿子来吃面了。黑老胖问孙婶：“这次要两碗面吧？我请一碗，看你最近瘦了，要多吃点啊。”孙婶面色发黄，身体消瘦，但看得出她心情不错。好，给我也来一碗面，钱我给你。这座小本生意的，多赚点娶媳妇吧。或许是为了照顾这对可怜的母子，黑老胖先给两人上的面。路过我们时，他冲我们点了点头，面带歉意。孙婶从口袋里拿出手帕，打开后还是熟悉的一叠钱。 他问儿子：“帅帅，两碗面该给多少钱？”与上次不同，帅帅没有哭闹。他想了好一会儿，从一叠钱中抽出两张十块，递给黑老胖。黑老胖一脸惊喜，他连连夸赞：“小帅帅好聪明啊！”他只收了一张钱，说：“好的，我请你们趁热吃。”帅帅递给孙婶一双筷子，乖巧的说：“妈妈先吃。”孙婶笑着说了一声好，把自己碗里的几片肉都夹到了帅帅的碗里。 这个场面很是温馨，可我却很是诧异。这才过去几天，孙婶的儿子进步这么大。虽然他的表现仍旧与外表年龄不符，但像是开了窍，智商从两岁提升到了五六岁的样子。我把自己的疑惑说给了林小璐听，林小璐撅着嘴猜测，大概是上天被孙婶的坚持感动了吧。又过了几天，我在茶馆里待的实在无聊，让林小璐帮我看着店，自己去外面溜达溜达透透气。走着走着。 我在路上碰到了卢新一，我过去打个招呼。卢新一说他要去警局给朋友帮忙，知道我闲着没事，说带着我一起去长长见识。到了警局，我发现这里的许多警官都主动与卢新一打招呼，还称呼他为卢老师。我询问才知，卢新一这个私家侦探在安德警局非常出名，曾多次帮助警局破获大案。每逢警局遇到麻烦的案子，都会聘请卢新一作为顾问。一名姓张的警官接待的卢新一，他一见到卢新一就露出了愁眉苦脸的表情。卢老师。 这次又要麻烦你了，卢新一问道：“遇到什么棘手的案子了吗？”张警官摇头：“倒是不棘手，一个中年男子掐死了自己的女儿，证据清晰，嫌疑人自己也承认了。”卢新一不解：“那还叫我来做什么？”张警官无奈道：“还差个口供，嫌疑人虽然承认了自己杀了女儿，但他就是不肯交代杀人的动机。卢老师你也知道，现在不许出现冤假错案，尤其是杀人这种大案，必须要材料齐全。” 老师，你不是心理系毕业的吗？所以帮帮忙。卢星怡没有推辞，满口答应了下来。行，带我去见见嫌疑人吧。张警官看了我一眼，有些为难。卢老师，这位是？哦，是我新招的助理。张警官没怀疑，带着我们两个直接走进了审讯室。审讯室的铁椅上锁着一个中年男人，他的长相我总觉得有些熟悉。想了一会儿，记起来了。我问张警官，他的女儿是不是有智力障碍？ 张警官惊讶的问我：“你认识？倒是说不上认识。之前给茶馆充电卡的时候，曾经在小公园里见过他一面。我记得他的女儿穿着褪色的裙子，和孙婶的儿子帅帅是小伙伴。这才过了多久，他怎么把自己的女儿给杀了？”卢新一开始审问，他的心理学知识运用的很好，只用了二十分钟就打破了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嫌疑人冲着卢新一咆哮：“你问我为什么杀自己的女儿？你说为什么？因为他，我的老婆跑了。” 因为他，我的工作丢了。吼着吼着，嫌疑人抱头嚎啕痛哭。我的钱已经快要花完了，我已经养不起他了。如果我去找工作，就只能把他自己一人扔在家里。你们知不知道，他只有三岁的智力，根本无法自理。前几天老家来人问我女儿卖不卖，村里有个傻子，家里想给他相的媳妇传宗接代，只要我点头，就给我十万块的彩礼。可我能答应吗？我宁可亲手了结他的性命，也不能眼睁睁的看他被欺负、被糟蹋。 这孩子苦啊，我也苦啊。审讯结束后，我心中像是堵了一块大石头，说不出的压抑。我在想，如果我是这个男人，该怎么办？卢新一似乎看出我情绪不好，拍了拍我的肩膀：“别多想了，世上走一遭，谁还不受几分苦呢？”我本来是想出去溜一圈散散心，结果心情更不好了。眼见天色渐晚，我跟卢新一道别，回到了茶馆。一进门，见到的不是林小璐，而是另一张熟悉的面孔。 这不是那天儿子撞了我一下，跟我道歉的父亲吗？他怎么来了？张贤，你回来了，怎么不接电话？客人等了好久了。之前卢新一审讯嫌疑人，不能被打扰，我就把电话静音了。没想到会错过林小璐的电话。听到声音，大叔顺着林小璐的目光看到了我，他急忙起身，几乎是小跑着来到我面前。大叔身子向前一倾，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他用近乎哀求的语气对我说：“张老板。” 求求你救救我儿子！我记得大叔的儿子和帅帅一样，有智力缺陷，他怎么也出事了。我赶紧把大叔扶起来，让长辈跪我，我可承受不起。我给大叔续了一杯茶，让他慢慢的说明。大叔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开始讲述他的儿子小明聪聪，是孩子的母亲起的这个名字，饱含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希望他日后是一个聪慧的人。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夫妻两人忽然发现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有些不一样。三个月，孩子不会翻身；六个月，孩子不会坐；一岁了，仍旧站不起来，而且反应迟钝，不会喊爸爸妈妈。夫妻两人跑遍了医院，医生给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孩子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大叔一边抹泪一边说：“医生判断，孩子以后最多只有普通孩子四岁时的智商。”我给大叔递上纸巾擦泪，大叔说了声谢谢，继续讲述。为了给聪聪治病。 我们夫妻两个人花了很多钱，可再多的钱砸进去也治不好。后来我们就认命了。曾经有人建议我们把聪聪扔掉，我和妻子都不同意。不管怎么说，聪聪是我们的孩子，来到我们身边就是缘分。不管他和正常的孩子有什么不同，都是我们的宝贝。就算吃再多的苦，我们也要把他抚养长大。大叔顿了一下，眼圈更红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孽，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聪聪八岁那年，他妈妈因为一场车祸过世了。 聪聪妈妈在弥留之际让我发誓，一定不要抛弃聪聪，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答应了，可现在我恐怕要食言了。大叔哭得泣不成声。我追问道：“聪聪他怎么了？”大叔浑身颤抖地说：“几天前我出去买菜，我回来时聪聪浑身抽搐着吐白沫，我赶紧把他送到医院进行了抢救，人事就回来了，可一直不睁眼。医生说聪聪以后很可能会变成植物人。”说到这，大叔差点又给我跪下。 有人说，聪聪可能是丢了魂，要找江湖先生才能救他。我打听了很多人都说，您这百晓生茶馆有大本事，张老板，求求你救救聪聪吧。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算是死也没脸去见他妈妈。我从未见过一个中年男人哭得如此伤心，如此崩溃，看得出他很爱很爱自己的儿子。我又抽了几张纸巾给大叔，告诉他我可以帮忙，但能不能帮成功，我无法保证。如果真是丢了魂儿，我确实有办法找回来。 可若是因为医学问题导致的昏迷，那我真的无能为力。大叔表示理解，急切的要带我去医院。到了医院，我见到了聪聪。上次见面时他还生龙活虎，现在却是病恹恹的躺在床上，脸色煞白，身上插满了管子。护士看到大叔，责备道：“病人家属，你去哪里了？怎么能把病人一个人扔在这里？万一病人出现状况怎么办？”大叔急忙道歉。护士叮嘱了两句，离开了。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三人。我把房门关闭。 来到聪聪面前，大叔欲言又止。我做了个噤声的动作，让他保持安静。我走到聪聪面前，轻轻拨开他的眼皮。对于阴人来说，判断人有没有丢魂还是很简单的，更何况我有能看到魂魄的阴阳眼。仔细观察了一会儿，我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聪聪还真是丢了魂。人有三魂，一为天魂，二为地魂，三为命魂。除了三魂，人还有七魄：一魄天冲，二魄灵慧，三魄为气。 四魄为力，五魄中枢，六魄为精，七魄为阴。而匆匆却只有两魂六魄，他丢了地魂与阴魂。人丢魂这事并不少见，尤其是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发高烧、浑浑噩噩或哭闹不止。各地都有在十字路口或家门口喊孩子名字引魄回归的习俗。人的三魂中，命魂不能丢，丢了就死，神仙也难救。地魂也极少丢，因为地魂继承着人的记忆。 如果丢了，人就会变得呆傻，甚至像匆匆这样深度昏迷，成为植物人。丢的一般都是天魂，至于七魄，则是都有丢的可能。但若是同时丢了地魂和阴魄，就要特别的注意。师父教导过我，阴物是人死后魂魄附体之物，而这魂魄恰恰就是地魂和阴魄。这是偶然吗？还是有人拿了匆匆的魂魄去做阴物了？我不敢深想，因为我觉得不可能。绝大多数的阴物都是自然形成。 师傅倒是有独特的本领，制作阴物，困物刀就是他的作品。但他的儿子林天佑跟我说过，师傅之所以能制作阴物，是因为他身怀一种独特的本领。师傅难行，不在安德，就算在，也不可能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张老板，聪聪他怎么样？丢魂了？听我这么说，大叔反而松了一口气。在他看来，魂丢了能找回来，聪聪还有苏醒的希望。我看了眼时间，现在才八点，招魂早好的时间是凌晨十二点，要再等等。 而且我还需要做一些准备。我跟大叔说自己要回茶馆准备一下，顺便问他晚饭吃什么，我给他烧回来。大叔连忙拒绝，最终拗不过我，说给他烧两个包子就行。回到茶馆，我拿了一件招魂用的鹦物，喊着林小璐去快餐店吃了点东西，最后又要了三个包子一碗粥打包。回到医院时，我在匆匆的病房里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孙婶，你怎么来了？听到我的声音，孙婶扭过头看我，你是？ 在黑老胖那吃面的客人，我记得你。孙婶记性真不错。我问他：“你是来看聪聪的吗？”孙婶点了点头，有些忧伤的说：“我来看看聪聪，怎么会有人谋害这么好的孩子？”说着，他还动情的抹了两下眼泪。听说花花被他爸酒后给掐死了。要是聪聪再有个三长两短，谁跟我们家帅帅玩啊？我问孙婶：“帅帅呢？没跟你一起来吗？”孙婶说：“帅帅自己在家看电视呢。” 我怕他知道聪聪病了伤心，就没带他来。聪聪爸，我该走了，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好，我送送你。孙婶离开，我看她走路的时候有些踉跄，还用手捂着自己的腰。望着孙婶的背影，大叔感叹道：“孙姐也是个苦命的人，她丈夫知道儿子智力有缺陷后就跑了，孙姐一人把孩子拉扯大，去年又得了癌症，时日无多了，也不知道她走了以后，儿子谁来照顾。”我回想起第一次在面馆见到孙婶的情景。 怪不得他那么着急的要儿子学会认钱花钱，原来是这个原因。不说孙婶了，张老板，聪聪他，我让大叔放心，等到了凌晨十二点，我就帮聪聪招魂。医院的病房十点就很安静了，我打着哈欠眯了一会儿，大叔睡不着，就让他到时间叫我。我正睡得迷糊，感觉有人拍我肩膀。张老板，张老板，到时间了。我睁开眼，掏出手机一看，夜间十一点四十五了。我去洗了把脸，精神了之后。 从包里掏出从茶馆取来的阴物。关于招魂，之前我曾见过殡仪馆的阿公做过类似的法事，他靠的是亲人的跪拜哭嚎来寻魂，而我的手段则要简单的多。我拿来的阴物叫引魂炉，是一件只有婴儿拳头大小的香炉。这引魂炉的效果很简单，就是将活人走丢的魂魄召唤出来。一般是给孩子用的，不过以匆匆的情况说他是孩子也没错。我把引魂炉放在匆聪的床头，然后取出一根细细的檀香，再从匆聪头上拔下一根头发。 缠在檀香上，最后我用打火机把檀香点燃，一缕青烟飘起，屋内都是淡淡的檀香味。幸好匆匆住的是单人病房，否则我肯定会被投诉。说来神奇，引魂炉冒的青烟并没有在房间里散开，而是从屋门的缝隙中钻了出去。我看大叔有些紧张，让他放轻松，这缕烟会带着匆匆的魂魄回来的。他现在只需要等就行了。等啊等，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眼见引魂炉里的檀香马上就要烧完了。 匆匆的魂魄依旧没有回来，这情况不太对啊！正当我准备用点其他手段加强引魂炉的效果时，屋门忽然被人推开了。我以为是护士闻到了味道找了过来，谁知进门的是一个男人。帅帅，大叔迎了上去：“你怎么自己来了？你妈妈呢？”来人正是孙婶的儿子帅帅。帅帅的眼神有些奇怪，满是迷茫。他看到大叔后，张开了嘴巴，吐出两个字：“爸爸。” 说完，他身子一歪，直挺挺地倒向地面。眼见帅帅就要倒地，大叔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他，为此还闪了腰。就在这时候，一个人影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帅帅，帅帅，你怎么了？”是孙婶。他眼神慌乱，费力的把帅帅扶了起来。大叔捂着腰问孙婶：“孙姐，这是咋回事？”孙婶有些结巴：“是我是我不该把聪聪住院的事告诉帅帅，帅帅他……” 他可能是太担心聪聪了，偷着跑来医院。我在后面追了半天才追上。大叔看着昏迷的帅帅，关心的问道：“我去喊医生。”孙婶却是不让：“没事，这孩子就是跑得太快了，累了。”他伸手掐了一下帅帅的人中，帅帅慢慢睁开了眼睛。他看了看四周，问道：“妈妈，我这是在哪？这不是聪聪爸爸吗？聪聪在哪？我想和他玩。”孙婶拉着帅帅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训斥。 玩什么玩？也不看看几点了，匆匆睡觉了，快跟我回家。帅帅的表情有些失落，他哦了一声，有些不情愿的跟着孙婶走。就在这时，我看到病房里飘出的青烟，紧跟着帅帅，最后钻进了他裤子的口袋里。我心里一颤，急忙追了上去。等等，孙婶停了下来，扭头问我：“小伙子，有什么事情吗？”我在他的眼里看到了一丝戒备，我假装和善的说：“孩子鞋带开了。” 外面这么黑，可别绊倒。我帮他系一下。说着，我不给孙婶拒绝的机会，蹲下身子给帅帅系鞋带。好了，起身的时候，我悄无声息的把手伸进帅帅的口袋里，碰触到一个冰凉的东西，顺手掏了出来，藏在衣袖里。孙婶没有看到我的动作，说了声谢谢，带着帅帅离开了。走回病房，大叔盯着我的手，他应该是看到我从帅帅口袋里拿东西的动作了。我把手掌打开，是一枚鹌鹑蛋大小的玉珠子。 这可不是一块简单的玉，它是一件阴物。我张开手掌，不久，从引魂炉中飘出的青烟就缠绕在玉珠子四周，久久不散。大叔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反问大叔：“你有没有觉得帅帅变聪明了？”听我这么一说，大叔点了点头。刚刚听孙姐的话，帅帅是自己从家跑出来的。他是三个孩子里智商最低的一个，平日里根本不认路，走丢好几次了。他是怎么找到医院的？ 而且这医院大的跟迷宫似的，我都能迷路。帅帅他是怎么找到病房的？我把玉珠子举到大叔面前，这就是他变聪明的原因。聪聪丢失的环儿就在这里面。大叔凑近一看，开了口：“张老板，我没看到聪聪啊，里面倒是有一只乌鸦。”乌鸦！我急忙把玉珠子放到灯下，透过灯光能清楚的看到玉珠子里面有一只黑色的红眼乌鸦。刹那间，我浑身发冷，这个图案。 我并不是第一次见，这只乌鸦代表着一个臭名昭著的阴人组织。卢星一的初恋女友就是被这个组织害死的。再次见到黑鸦组织的标志，我心中有些发沉。黑夜之前说的没错，本该被覆灭的黑鸦死灰复燃。最重要的是，他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按照黑夜的说法，黑鸦覆灭的最大功臣是我师父林玄。如果黑鸦要报当年的仇，我必定会在他们的名单上。除了紧张，我心中还有疑惑。 这能够让智力缺陷的人开窍的阴物，在殷商笔记中没有任何记载。到底是因为历代殷商都没有见过，还是说这是黑鸦自己发明的？如果是后者，就太可怕了。这说明黑鸦已经掌握了连我都尚未接触的阴物制作方法。正当我即将陷入沉思时，大叔打断了我的思索：“张老板，张老板！”我惊醒过来，看到大叔一脸焦急地望着我。“张老板，你刚刚说，聪聪的魂儿在这颗珠子里？”我点了点头。 是在这里面。此刻珠子周围青烟环绕，就是最好的证据。这颗珠子上的阴雾气息并不浓重，原本我是没有察觉的。但帅帅冲着大叔喊的那句“爸爸”引起了我的怀疑。我把引魂炉灭了，再次把珠子放到灯下，我的眼睛微微发烫。随后发现了更加吃惊的事情：珠子内除了有匆匆的魂，还有一个女孩的魂。看长相，是之前跟匆匆、帅帅一起玩耍的小花。她不是被自己的父亲掐死了吗？魂魄怎么会被困在珠子里？ 我问大叔：“给聪聪下药的人抓住了吗？”大叔摇头：“我那是个老房子，附近没有监控，警察现在还在调查呢。”我说：“不用调查了，我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我打电话给卢新一，这个夜猫子还没睡，铃声才响了两下就接了起来。“张贤，这么晚了，有什么事？你没睡的话，现在过来一趟。对了，喊上一个你熟悉的警官，帮你卖个人情。”卢新一说了声好，也没多问。我给他发了定位。 不到半小时，卢新一就赶来了。跟他一起赶来的是上次接待我们的张警官。他盯着黑眼圈，接连打着哈气，身上的扣子系错了位置，袜子还裹着袖腿，一看就是被卢新一叫醒，强行拉过来的。我们到了，什么事？我问张警官：“认识眼前的大叔吗？”张警官端详了一下，说：“见过，大叔儿子的案子是和他一组的同事接手的。”我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随后，我把孙婶的信息告诉了他。 张警官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他反问我：“有证据吗？”“没有。”我这个回答让他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如哥，你帮着张警官去找证据，这是关系到聪聪的性命，而且我需要从孙婶那问点事情。说完，我把玉珠递到他眼前。卢新一仔细一看，随即眼神就变了。他也看到了黑压的标志。卢新一比我要稳重的多，他深吸两口气，让自己保持冷静。找证据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卢新一拉着张警官，匆匆忙忙地走了。我让大叔少安无躁，既然匆匆的魂儿已经在我手中了，他肯定会没事的。大叔知道凶手是孙婶后，始终不敢相信。他再三问我：“张老板，真的是孙姐吗？不可能啊，怎么会是他呢？咱可不能诬赖人啊！”我还没有掌握证据，不能肯定毒一定是孙婶下的。但匆匆变成这样，他一定脱不了责任。大叔估计熬得太久了，半夜实在顶不住了。 坐在小板凳上，趴在聪聪身边睡着了。他说了好长一段梦话，声音含糊，分辨不清，但有一段哭泣我听清楚了。聪聪妈，对不起，我没照顾好聪聪，对不起。我听后叹了口气，继续研究手中的玉珠。天亮的时候，卢新一和张警官回来了，两人脸上都满是疲惫。张警官激动地握住我的手：“小同志，太感谢你提供的线索了，我们已经找到证据了。”大叔听到声音醒了过来，真的是孙姐。 张警官点了点头。我们查了一夜，找到了他买老鼠药的店，还在你家附近的路口找到了他前往你家的视频监控，基本可以断定是他下的毒。我已经申请抓捕了，相信很快就会有行动命令了。我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孙婶快来了。张警官疑惑的问我：“来哪？这吗？”我点了点头。张警官问卢新一：“卢老师，你这朋友该不会是算命的吧？”“不是。” 但你听他的肯定没错。两人正说着，一个身影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撞进门来的正是孙婶，他匆忙的向大叔比划：“匆匆爸，你有没有看到一颗玉珠子？就这么大。”大叔看到孙婶，眼睛一下就红了，他咆哮着问：“你为什么要害我的儿子？”孙婶被大叔的样子吓了一跳，他眼神躲闪，不敢与大叔直视，却不承认。“匆匆爸，你在说什么？” 我哪里还匆匆了、啊？大叔见他不承认，气得撸起袖子要找孙婶拼命，被张警官给拉住了。我把玉珠子从口袋里掏出来，在孙婶面前亮了一下：“你是不是找这个？”我没想到，孙婶见到玉珠子，眼睛一下就红了。她二话不说，直接扑上来，差点把我给撞倒在地。“还给我！快还给我！”我怎可能会还给他？用手紧紧攥着玉珠子，藏在身后。孙婶拼命的抢，抢着抢着。 他忽然一口血喷在我的身上，然后我眼见着他倒在地上，房间里一下就安静了。鲜血透过我的衣服，我感觉胸前一片温暖。这不是碰瓷，是真的血！快喊医生！卢心怡跑出去喊医生。听到呼救声后，医生和护士冲了进来，房间里再次变得混乱。经过抢救，孙婶保住了性命，但医生说孙婶全身长满了肿瘤，撑不过三天了。等到孙婶醒来，她看到我，眼泪哗哗的往下流。 他哀求我：“求求你，把玉珠子还给我吧，那可是我的命啊！”孙婶很可怜，但同样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聪聪，以及被自己父亲掐死的小花，就不可怜了吗？我用冷冰冰的语气回应他：“你死了这条心吧。”被我拒绝后，孙婶歇斯底里的骂了我一顿，各种难听的话从他嘴里往外冒，我祖宗十八代都被他问候了一遍。我面无表情的看着他，直到他没了力气。骂完之后，孙婶又开始哀求我。 小伙子，你行行好，把珠子还给我吧！我马上就要死了，我儿子先天痴呆，除了我，他没有其他的亲人了。没有这颗珠子，他没办法生活的。孙婶老泪纵横，哭得让人心酸。但我仍旧坚持，不能还给他。珠子给他，匆匆必死无疑。他心疼自己的儿子，可匆匆对于大叔，就不是心肝宝贝了吗？虽然自私是人的天性，但不能建立在伤害他人的前提下。等孙婶情绪平静下来。 准确来说，是他的身体不支持他继续哭闹下去。我问他：“这颗珠子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孙婶在生我的气，一言不发。护士可能是听到了孙婶骂街的声音，过来撵我说要让病人好好休息。走出病房，卢新一快步走了上来，问到：“什么了吗？”我摇摇头。张警官递给我一瓶咖啡，兄弟，提提神。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张警官语气无奈地说：“抓捕命令下来了。” 但嫌疑人这情况没法抓，我刚刚问了医生，医生私下里给我透了个底，最多两三天，嫌疑人就挺不住了。我下意识的问道：“他儿子呢？”暂时被我同事接走了，在局里哭着喊着要找妈妈呢。说起来也是可怜，就这么一个妈妈，马上就要见不到了，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生活。我有些疑惑：“不能送福利院吗？”张警官面色为难的说：“有些事，我这个身份不好明说，被人听去容易出负面新闻。” 他声音越来越低。普通的福利院只收孤儿，就算肯收有智力缺陷的，也是只收孩子。像嫌疑人儿子的这种情况，能够接收的福利院非常少，至少咱安德是没有的。我们只能帮着申请，最后能不能通过，没底啊！我心中泛凉，连吃面要付钱都记不住的帅帅，没了孙婶的照顾，会是什么命运呢？活活饿死，还是冻死街头？我用力握住手中的玉珠子，心中有了主意。我等到护士离开了，再一次走进了病房。 孙婶看到我，把头一撇，给了我一个后脑勺。我来到床边，开门见山的告诉他：“这枚玉珠子，我可以还给你。”孙婶把头扭了回来，有些不敢相信：“真的吗？”我接着说道：“真的，但不能用聪聪和小花的魂魄，用你自己的。你不是爱自己的儿子吗？那就用你自己的命去换他的命。”我告诉你，孙婶迫不及待的打断了我的话：“你什么都别告诉我。” 你只要保证能让帅帅活下去，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我愣住了，我看到孙婶的神情是如此的坚定，而且她的眼里有光。我想，这道光叫做母爱。沉默了片刻，我再次开口：“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昨晚我把玉珠子研究了一夜，这珠子让人开窍变聪明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拿其他两个人的魂魄来弥补使用者的缺陷。换句话说，对于智力正常的人来讲，这珠子一点用处都没有。” 目前玉珠子里被囚禁的魂魄分别来自小花和聪聪。只要我用孙婶自己的魂魄将两个孩子替换，那珠子依旧能用。只不过小花和聪聪的魂魄加起来是两魂两魄，孙婶想要替换两人，同样也要拿出两魂两魄。之前我讲过，人有三魂七魄，丢了两魄或许没事，但丢了两魂，麻烦就大了。最后一魂无法转世投胎，甚至想不起前尘往事，记不得自己是谁，往后无尽岁月只会毫无目的的游荡在漫漫黄泉。 我把后果说得清清楚楚，要不要这样做，全由孙婶来决定。我以为孙婶至少会犹豫一下，在华夏，许多人，尤其是老年人，对身后之事看得很重。但孙婶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我愿意。”我在心中不禁感叹：孙婶或许不是一个好人，但她是一个好母亲。这笔生意我应下来了。至于报酬，我不要钱，我只要孙婶告诉我这颗玉珠子的来历。这一次，孙婶没有隐瞒，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十天前，也就是我在小公园见到他们母子的当天，有一个穿着中山装的男人敲开了孙婶家的门。他没有告诉孙婶自己的名字，只说可怜孙婶的儿子，很快就要孤苦无依的独自生活。男人拿出玉珠子，说是开窍丸，只要找两个与帅帅一样有智力障碍的人，把他们的魂魄装进去，然后佩戴在帅帅身上，就能让帅帅开窍。孙婶一开始当他是骗子，把他哄了出去。可第二天一早，开窍丸就放在孙婶的屋门外。帅帅以为是新玩具。 抢了过去，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帅帅真的开窍了。讲到这里，孙婶停顿了一下，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夜里小花被他爸爸给掐死了。我听后皱起眉头，如果孙婶没有撒谎，那小花的死不是她亲手所为，而是那个神秘男人为了向孙婶证明开窍完的效果，以某种手段造成了小花的死亡。帅帅开窍了两天，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那个男人又一次来找我说，想要帅帅一直开窍，就必须补齐另一个魂魄。 孙婶抹了抹泪，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子。我真不是人，可除了聪聪，我不知道谁家的孩子跟帅帅一样。我时日无多，没时间再去找其他人，就偷偷买了老鼠药，混进了聪聪最喜欢吃的粽子里。我在聪聪家门口蹲了两天，终于蹲到聪聪爸爸出门。聪聪是个好孩子，他吃之前还跟我说谢谢。孙婶愧疚的泣不成声，边哭边用手抽自己的脸，最后还是我拉住了他。我问了孙婶最后一个问题：你知道怎么能找到卖给你这件东西的男人吗？ 孙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那男人说：“如果有人问起他的事情，就把这张纸条交出去。”我接过纸条，打开一看，谁知纸条白白净净，一个字都没有。正当我准备询问孙婶时，我的阴阳眼开始发烫，视线里原本空无一字的纸条上忽然浮现出一行黑字：“大宇公寓七零九室。”这是一个地址。我眨了眨眼睛，纸条上的字又不见了。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只有阴人才能看到的地址。我把纸条放进口袋里。 孙婶或许是哭累了，在我看纸条的空当，他已经睡着了。我退出房间，聪聪爸爸在门外等着。一见到我，聪聪爸爸特别着急的对我说：“刚刚医生查房说，聪聪的情况开始恶化了。张老板，您快救救他！”我安抚大叔，让他别着急，今晚我就救人。等大叔情绪稳定，我又对张警官说：“把帅帅带过来吧，孙婶没多少时间了，至少让他们母子再见一面。”张警官说他回局里申请。我谢过他后。 拉着卢新一离开了医院，坐上卢新一的车，我掏出手机，把纸条上的地址发给了他。你去调查一下，里面住的可能是黑鸦的人。我看到卢新一眼神发生了变化，急忙叮嘱：“你别冲动，对方肯定是阴人，不是你能对付的。”卢新一点上一根烟，一口气吸了半根。放心，我不会冲动的。我让卢新一把我送回茶馆，一夜未睡，在车上我就顶不住了，呼呼大睡。等我醒过来，已经是中午了。 我躺在二楼林小璐的床上，你醒了。林小璐给我端来一杯热茶，喝了，醒醒神。我喝了两口，揉了揉肿胀的太阳穴。我不是在卢哥的车上吗？你睡得跟死猪似的，是卢心一把你背上来的。我起床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见林小璐难得没有玩游戏，请她帮我一个忙。小璐姐，我要制作雪袋帽，你要是没事，帮我去买点材料吧。时间不早了，我怕自己一个人来不及。林小璐有些惊讶。 你要用血戴帽，那可是毁阴物的东西。我把开窍完的事情告诉了林小璐，听说是黑鸦制作的阴物。林小璐的表情也严肃了起来。要把阴物中的魂魄释放出来，还不能把它毁掉，这可是个精细活儿。今晚我跟你一起去医院。林小璐愿意帮忙，我求之不得。他虽然不是阴商，但这么多年在师傅面前耳濡目染，比我更有经验。我们两人分头行动起来，我来准备做血戴帽的工具，林小璐去帮我采购原材料。所谓血戴帽，并非阴物。 而是殷商一脉独特的法器，它的效果单一却非常霸道，能够摧毁阴物。玳瑁就是海龟，又名十三灵。X 帽文甲，其外壳自古就被视为瑞祥之物，可以辟邪镇宅，历代宫廷权贵都有使用。写玳瑁的制作过程不算难，取黑狗血、童子尿混合后，置入海龟壳，泡三个小时就能制成了。其中施展的殷商秘法，再这就不多赘述了。一个小时后，林小璐提着一个塑料袋、一个可乐瓶赶了回来。 东西都齐全了，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啊？我早就做好了准备，只等林小璐回来了。我从她手中接过塑料袋，是一只巴掌大的海龟壳，壳上湿漉漉的，带血，一看就是处理过的。我有些好奇的问：“小璐姐，这龟壳你从哪里买的？”卖观赏鱼的宠物店。买了之后，去菜市场找了个热心的摊主帮忙处理了一下。海龟壳有了。我又接过林小璐另一只手，释缓可乐瓶，拧开盖，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黑狗血，狗肉摊要的。老板说这玩意儿不能吃，我磨了好久才给我装了一瓶。我错愕的问林小璐：“还差一样？”林小璐瞥了我一眼：“童子尿是不是？”我说是。制作血带帽没童子尿可不行。我以为是林小璐给忘记了，开始思考附近哪里能捉一个小男孩给我尿一泡。想了好一会儿，我发现林小璐还在瞥我。我摸了摸自己的脸，不解的问：“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林小璐反问我：“你交过女朋友吗？”我迷茫的摇了摇头。林小璐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对我说：“那你自己尿一泡不就行了？”我感觉自己的脸蛋像着了火，滚烫滚烫的。林小璐乐了，还害羞了。过几天就是你十八岁生日了，也该谈个女朋友了。说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姐姐给你介绍。我尴尬的转移话题：“小璐姐，咱动作快点吧，聪聪还在病床上躺着呢。”林小璐捏了捏我的脸。 你害羞的样子真可怕，他这一捏，我脸更烫了。我落荒而逃，跑到卫生间里洗了把脸，弄了一小瓶尿。回去时，林小璐已经动手了。她找了个铁盆，把海龟壳放进去，然后倒入黑狗血，加上其他一些必备的材料，最后让我把童子尿倒了进去。三个时辰后，血带帽制作完成。当我把血带帽从盆中取出时，海龟壳已经被浸成了红色，黑狗血与童子尿都是阳气浓郁之物。 海龟壳握在手中，非常的温暖。忙完之后，我和林小璐叫了外卖，熬到夜里十一点，打车去了医院。来到聪聪的病房，大叔变得更憔悴了。我看了一下病床上的聪聪，他气色比昨日差了许多。张老板，聪聪他，别担心，他很快就会没事了。我让大叔去病房外守门，在我做法的时候，不许有任何打扰。林小璐取出血袋帽，我取出开窍丸。林小璐问我，知道该怎么做吗？ 我点了点头，小心翼翼的把开窍丸贴在血带帽上。这两件物品一阴一阳，相互克制。当开窍丸碰触到血带帽的瞬间，便冒出一股黑烟。我紧张的手心冒汗，我必须把握好一个度，既能将聪聪和小花的魂魄释放出来，又不能让开窍丸损坏。如林小璐说的那样，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活，犹如只有一次机会的穿针引线，手一抖就完蛋了。林小璐鼓励我：“别紧张，善用你的眼睛。”我点了点头。 用力眨了眨眼，随后我的眼睛渐渐发烫。我的阴阳眼能够透过开窍完薄薄的玉壳，看到里面两个魂魄。我必须要保证他们不受伤害，尤其是匆匆。一旦他的魂魄被雪带帽所伤，就算重新回到身体，也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豆粒大的汗珠从我的额头上往下滴，林小璐用自己的衣袖给我擦了擦，柔声鼓励我：“别紧张，你可以的。”有林小璐的鼓励，我渐渐放松下来，全身心的投入了进去。 完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不知过了多久，我敏锐的察觉到开窍丸即将达到极限。小鹿姐，就是现在！林小鹿眼疾手快，立即伸出两根手指头，捏住开窍丸。我看到他手指写有符箓，手指一碰一提，两个魂魄就从开窍丸中飞了出来。大功告成，我把开窍丸从雪玳帽上拿开，收进口袋里。林小鹿把两个魂魄分开，她对已经去世的小花说：“莫要留恋尘世，走吧。” 小花感激的向我们鞠躬，然后飘然离去。而后，林小璐对匆匆的魂魄说：“你阳寿未尽，归位吧。”匆匆向我和林小璐说了声谢谢，飘回自己的身体里。他的脸蛋渐渐恢复了红润，想来过不了多久就会醒来。我松了口气，答应大叔的事情已经做到了，接下来就是答应孙婶的事情了。我和林小璐走出门，大叔焦急的问道：“张老板，匆匆他怎么样？”我笑着跟他说。 没事了，你去守着吧，免得匆匆醒来找不到人害怕。大叔大喜过望，不停的跟我说谢谢。在走廊的长椅里，我休息了一会儿。林小璐打着哈气说：“你的阴阳眼用的很熟练了，往开窍碗里注魂比取魂简单多了，我就不陪你了。”我说好，送林小璐离开医院。随后我来到孙婶的病房，张警官正在外面守着。上次张警官给我买了咖啡，我报之以礼，给他买了可乐。张警官见到是我，跟我说了下孙婶的情况。 医生说最多能坚持到明天早上。我本来在里面守着，他的儿子在里面哭得伤心，我不忍打扰他们，就出来了。我把可乐给了张警官，推门走了进去。病房里只亮了一盏小灯，维持生命的仪器发出滴滴滴的声音，仿佛是生命逝去的倒计时。我走到床边，帅帅正哄着眼睛给孙婶擦汗。孙婶戴着氧气面罩，呼吸格外的沉重，每一次吸气，嗓子里都会发出粗重的呼噜声，像是嗓子噎住一口浓痰，吐不出来。 这叫失罗音，许多人死之前都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孙婶快要不行了，这才一日不见，他已经被病魔折磨的不成样子，但他还在努力的睁着眼睛。我知道，他是在等我。孙婶嘴巴张了张，似乎想说话，但他已经发不出音来了。我猜得到他想说什么，我向他承诺，我会说到做到的。孙婶嘴角上扬了一下，然后重新扯成直线。病床身旁的心跳监测仪屏幕上，跳动的线条拉成了一条直线。 帅帅推了两下孙婶，放声大哭：“妈妈，妈妈，你不要走！我知道吃面要给钱了，我真的知道了。你不要离开我，妈妈！”孙婶死后，她的魂魄出窍，我以阴伤秘法从她的三魂七魄中分出两魂两魄，注入开窍丸。直到我把修复好的开窍丸放到帅帅的衣兜里，孙婶最后一魂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天亮之后，我离开了医院。聪聪已经醒了，而帅帅则是伤心过度哭昏过去，由张警官代为照顾。 我打电话给卢新一，问他在哪。他疲惫的语气从话筒里传来，让我去侦探所找他。赶到侦探所，屋子里烟雾缭绕，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插满了香烟屁股。卢新一眼圈黑得跟熊猫似的，不知道多久没睡觉了。他见我进屋，向我招了招手。你让我调查的地址资料都在这了。我把资料接过来，厚厚一沓，十分的详尽，甚至有一张街头监控的照片。照片中的男人和孙婶形容的一样，穿着一件复古的中山装。 头戴一个黑帽，照片上的他只露出了半张脸，看不到眼睛。卢新一又点上了一根烟，深吸一口后开了口：“你给我的地址是这个男人租的公寓房，房东说对方只租了一个月，还有不到一周就要退房了。租房协议上对方留的名字是假的，我托关系借到了附近街道和公寓大厦的监控录像。这个男人自从入住后就深居简出，吃饭全部靠外卖来送。二十天来只离开过酒店两次，第一次能对上孙婶的口供，至于第二次。” 他离开后就没有再回来过。我捉住了卢新一话中的关键，人走了。卢新一点了点头。你让我去调查前，他就在了，至今也没回来。不过房东说，对方并没有找他退押金。说着，卢新一从口袋中掏出一把钥匙，扔到我的面前。我把钥匙从房东那里要来了。你说的对，因人之间的斗争我无法参与，所以我只能帮你到这了。我拿起钥匙，回到了茶馆，把卢新一调查到的一五一十的转述给林小璐。 林小璐问我：“你什么打算？去他租的公寓看看。虽然人不在了，但说不定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林小璐支持我的决定，毕竟黑鸦卷土重来，茶馆首当其冲是他们的报复对象。只有知己知彼，才有可能赢得先机。你先睡个好觉，等体力恢复了，拿上昆无刀，我跟你一起去。我还是第一次见林小璐这么谨慎，立即去补觉恢复体力。这几天一直熬夜，我走路小腿都是软的。入夜，我拿起了昆无刀。 而林小璐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双节棍，别在腰间。她把头发梳成马尾，英姿勃发。我们两人来到纸条上写的大禹公寓，摸到了七零九室的门前。我握紧昆吾刀的刀柄，纸条是对方留下的，有种鸿门宴的感觉。林小璐对我打了个眼色：“室友，开门。”我把从卢星依那得到的钥匙插进了锁孔中，轻轻一拧，屋门里传出咔嗒一声响。我轻轻拉开门，门内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我向门内走去。 忽然察觉脚下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没等我低头查看，我耳边忽然炸响林小璐焦急的喊声：“小心！”漆黑的屋内有一道亮光闪过，我只觉自己被人推了一把，侧身倒地。等我回过神来，我看到房门对着的走廊墙壁上插着一根泛着冷光的铁针。望着没入墙壁过半的铁针，我惊出一身冷汗。刚刚若不是林小璐及时推开我，我恐怕已经被这根铁针穿了个透心凉。林小璐走到铁针前，用鼻子贴近闻了一下。 随即皱起了眉头，有毒。这一刹那，我真切的体会到什么叫“阴人斗争不死不休”。对方在房间里埋伏机关，为的就是取我性命。林小璐问我：“地上不凉吗？”我脸一红，赶紧从地上爬起来。林小璐代替我打头阵，我们两个一前一后的走进了房间，打开灯。和卢星一给的情报一样，房间里没有人。正对屋门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巴掌大的弩具，扳手处拴着一根细细的透明鱼线，固定在门口离地十厘米的地方。 刚刚我腿一碰机关就触发了。林小璐仔细检查了各个房间，没发现其他的机关。我在弩具旁边看到了一张纸，这张纸和孙神转交给我的纸条一模一样。普通人看就是一张白纸，只有阴人才能看到上面留下的字迹。我眼睛微烫，字迹显现，只有四个字：后会有期。我问林小璐这是什么意思？林小璐把纸给撕成了碎片，向我们宣战呗！一群手下败将，早晚收拾他们。林小璐目光凶狠。 像是和黑鸦组织有血海深仇，这样的他，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们把房间收拾好，拔掉了插进墙壁里的铁针，离开了。这一趟一无所获，但我肯定，我早晚还会与黑鸦组织再次交手，这是我成为殷商无法避免的事情。几天后，卢星一告诉我，警方再次审问了小花的父亲。小花的父亲说，虽然他很早之前就对女儿的未来担忧，但从未萌生过杀死女儿的想法。那日为何会冲动，他也想不明白。如今每每入夜，都会梦到自己的女儿，悔不当初。 我猜测应该是黑鸦组织的人利用阴术，将小花父亲平日里压抑的情绪引了出来，从而导致父亲亲手杀死女儿的悲剧发生。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更加痛恨黑鸦组织这个组织的阴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手段无所不为，实在是坏透了。林小璐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她说十三局会介入这个案子，至于最后小花的父亲会如何处理，我没有得到后续的消息。往后的日子里，我曾见过帅帅几面，是在黑老胖的面馆里。孙神死后。 好心的黑老胖收留了帅帅，让他来自己的面馆当帮工，负责端面收钱。有了开窍丸，帅帅的智商提高了许多，虽然还达不到正常人的水准，但至少能够自理了。他算数学的不错，每次收钱找钱都非常利索，没有出过一次差错。这不禁让我想起孙婶让他认钱的情景，孙婶泉下若是有知，应该会很欣慰的吧。聪聪我也见过一面，他出院后常跟着大叔出去旅游，性格越发的开朗。 大叔说自己在孙神死后想通了很多，与其担忧自己死后儿子如何独自生活，不如在活着的时候好好陪陪儿子，让他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被黑鸦暗算的第二天是我十八岁的生日，清晨醒来，我掐了掐自己的脸，才有些真实的感觉。我差点死在成年的前一天。洗漱过后，我准备照例去师傅家，喊着林小璐一起去茶馆。没想到的是，我刚走下楼就撞到了来找我的林小璐。今日的林小璐与往常格外不同。 平常的她喜欢素面朝天，穿着黑色的运动装，非常符合她宅女的形象。但今日她换了一身白色的连衣裙，不仅画了好看的妆容，还穿了一双漂亮的水晶鞋，宛如从童话故事里走出的公主。我看呆了，林小璐伸出白皙的小手，在我面前晃了晃。呆子，看啥呢？我下意识的问道。小璐姐，你今天是要去约会吗？穿的这么漂亮。林小璐掐腰，故作凶狠的模样。 你的意思是我以前不漂亮了？我顿时语塞。女人从话语中捕捉重点的方式，好像和男人完全不一样。见我窘迫，林小璐扑哧一笑，伸手掐了掐我的脸。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吗？茶馆歇业，姐姐带你去玩。去哪玩？林小璐笑嘻嘻的说：“等到了你就知道了。”说着，林小璐不由分说的拉着我往外走。她身上若有若无的香水味道，让我鼻子痒痒的，是玫瑰的香气。 林小璐先带着我去吃了早餐，她点了油条和豆浆，这是我最爱吃的两样，我从来都没有跟她说过，没想到她暗暗记在了心里。吃饱后，林小璐看了一眼餐厅墙面上的表，说时间刚刚好，然后她就把我拉到了游乐园。今天是周六，早早的就有许多情侣和带着孩子的家长在游乐园门口排队。我有些傻眼，还以为林小璐要给我什么惊喜呢，原来是让我陪她来玩。林小璐靠近我，眼神不善，你好像很不满意。 我哪敢说不满意呀、啊！急忙回答：“满意，当然满意。”能让林小璐离开电脑一整天不玩游戏，看得出他已经很用心了。林小璐扑哧一笑：“这还差不多。”门开了，走。这是我第一次来游乐园，看哪都觉得惊奇。我问林小璐先玩哪个，林小璐露,露出坏坏的笑容，拉着我来到了过山车前。等工作人员帮我检查好安全措施，我才惊觉自己上当了。我下意识地问：“小璐姐，这个不会很可怕吧？” 林小璐眨了眨眼睛，你猜？过山车启动了，整个过程都充满了我的尖叫声和林小璐畅怀的大笑。下车时，我双腿都是软的。林小璐捂着嘴偷笑，你连鬼都见过，还怕这个？说实话，我宁可碰鬼，也不想再坐过山车了。接下来，我全程被林小璐拉着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玩，越玩越开心。就连除了我只有小孩和女人的旋转木马，我也玩得很开心。 我忽然就理解了林小璐的用意，他是在我成年里的这一天帮我弥补童年的遗憾，我很感动，不觉间湿了眼眶。我的眼泪被林小璐发现了，他问我：“你怎么哭了？”风太大吹的。林小璐微微一笑，踮着脚尖凑到我的面前，对着我的眼睛轻轻吹了口气。好啦，看着林小璐一颤一颤的睫毛，我不由得有些慌张。就在这时，他肚子咕噜咕噜的叫了起来。已经中午了，我饿了。 你在这等着，我去买点吃的。林小璐蹦蹦跳跳的离开了，在等她回来的时候，有人在身后拍了我一下肩膀。我扭头一看，愣住了。站在我身后的是许久不见的李子。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会再一次见到李子。自王森死后，李子就消失不见了，至今已有半年的时间。李子画着精致的妆容，一身淡紫色的长裙把她衬托得十分漂亮，犹如荧屏上的闪耀的明星。半年不见，李子的气质发生了些许变化。 原来的她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少女，即便与王森在一起时，依旧有过去的影子。而现在的她，更像是豪门贵妇，举手投足间都流露出一种贵气。望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人，我心中五味杂陈，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在心底滋生。憋了好一阵，我才开了口：“你回来了。”“嗯，父母的忌日，回来祭拜一下。”正当我思考接下来该说什么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小子，碰到朋友了。” 这个男人比王森年轻，长得也帅。他有一对蓝色的眼瞳，以及挺翘的鼻梁，有点欧亚混血儿的风范。从他手腕上戴的卡西亚手表不难判断，他还很有钱。李子微笑着向男人介绍：“张贤，我小时候的玩伴。”听到“玩伴”这个词，我心里有些痛。男人主动向我伸出手：“你好，我是小紫的男朋友。”我的胳膊变得有些僵硬，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抬了起来。就在我即将握住对方手的时候， 我伸出去的胳膊被人用力的抱在怀中，老公，你怎么跑这来了？我找了你好久啊！甜甜的声音从我身边响起，我扭头一看，是林小璐。林小璐像是换了一副面孔，纯情中带着一丝娇媚。她本就比李子更漂亮，此刻白裙飘飘，犹如下凡的仙女，让人移不开眼睛。我分明看到李子男朋友的眼神变得不同，有说不出的羡慕，带有一丝丝嫉妒。我还看到李子的表情也有微妙的变化，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感觉他好像有一点点失落。李子问我：“这位是？”我一时语塞。林小璐抢着回答：“我是他女朋友。”他的语气带着一分自豪，三分骄傲，好像找了我这样的男朋友是一件让他非常开心、自豪的事情。林小璐抱着我的胳膊撒娇：“老公，人家肚子饿，饿、呃，我们去吃饭好不好吗？”林小璐撒娇的声音特别的嗲，加上我们现在暧昧的姿势，让我的脸蛋不禁有些发烫。我急忙答应下来。 好，吃饭去。我对着李子笑了笑，说了声再见，与林小璐一同离开。转身的时候，我心中原本的失落荡然无存，好似有一块悬着很久的石头落了地，无比的轻松。走到李子看不到的地方，我对林小璐说：“谢谢你。”林小璐恢复了常态，做了个干呕的动作。刚刚我的语气好绿茶啊，恶心死我了。话是这样说，可他又学着刚才的语气向我撒娇：“老公，人家要吃冰淇淋。” 你买给人家吗？我实在是顶不住，落荒而逃的去给他买冰淇淋。身后传来林小璐银铃般的笑声。吃完午饭，林小璐拉着我离开游乐园，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又让我陪她逛了两小时的街。临近傍晚，林小璐打了辆出租，他让司机师傅带我们去位于安德边界的一座山。我很是纳闷，天马上要黑了，去山上做什么？等下了车，林小璐带我爬上了山顶，她指着天空，兴奋的说：“张贤，姐姐送你的礼物。” 喜不喜欢？我抬起头，星光闪烁，一整条银河横穿夜空。林小璐拉着我躺在草坪上，微风吹过，我的心情变得无比宁静。一颗流星从天空划过，林小璐兴奋的像个孩子，不停的催促我：“快许愿！”我双手握在一起，闭眼许下了愿望。等我睁开眼睛时，才发现林小璐凑到了我的面前，她眨着大眼睛问我：“你许了什么愿望？”我一时语塞，说不出口。 好在林小璐也没追问。别说了，听说愿望告诉别人就不灵验了。他重新躺到草坪上，或许是觉得草坪上的露水有些凉，抓来我的胳膊当枕头，还很舒服的调整了下自己的脖子。呆子，过两个月，你陪我去爬山吧。我以为我出现了幻听，林小璐这个大宅女，会去爬山？林小璐似乎是猜到了我的想法，扭着我的耳朵说：“你以为我愿意去啊？老爹说我的病想治好，要在二十岁前把五月全都击败一遍。五月。” 指的是中岳嵩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林小璐从十六岁开始去五岳祭拜，每年一座，至今已经去过中岳、南岳和北岳，还差东西两岳没有祭拜。得知林小璐要去爬山的原因后，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林小璐是我很珍视的朋友，如果能治好她的寒症，别说去爬山，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会答应的。小璐姐，咱去爬哪座山？老爹说泰山一定要最后祭拜，所以今年要去爬华山。 林小璐的语气是一万个不情愿。听说华山是五月中最难爬的一座山，要命啊！别怕，你要是累了，我背也把你背上去。林小璐扑哧一笑：“真的吗？”我信誓旦旦的保证：“真的。”不知为何，林小璐笑得更大声了。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可别后悔。我寻思这有什么好后悔的？不就是爬山吗？最近我练刀练的力气大了不少。林小璐也就一百斤的体重，有什么难的？ 过完生日，接下来两周时间，茶馆都没有再来客人。我每日看书、练字、练刀，生活悠闲，很是舒适。林小璐最近玩腻了游戏，时常拉着我下五子棋。刚开始我一局都赢不了，但下个三五天后，等我熟悉了五子棋的规则，就胜少输多了。呀，不玩了，不玩了，我又输了。林小璐输的很不开心，她把棋子往棋盘上一扔，提议道：“晚上去吃烤肉吧。”我知道林小璐是馋酒了，在征求他的意见后。 我把卢新一也喊上了。入夜，我们三个坐在烧烤摊上吃着烤肉，好不惬意。林小璐与卢新一两人拼起了酒，三瓶下肚，卢新一就求饶了。我打趣道：“卢哥，你这酒量下降的有点快啊！上次在一起吃饭，你还能喝六瓶呢。”卢新一揉了揉太阳穴，最近接了个案子，搞得好几天没睡好觉，状态不行啊。我问他什么案子，卢新一反问我：“最近出了三起枪杀案，闹的是满城风雨，你不知道？” 我还真不知道，这几天光和林小璐下棋了，连新闻都没看。林小璐来了兴趣，快讲讲。卢新一扫了一周，确定没人偷听我们讲话后，才再次开口。第一起枪杀案是两周前发生的。卢新一告诉我们，这个案子的第一个遇害者是一名瘾君子，他的尸体是从家中发现的。报警的是他的邻居，说是隔壁房间里传来了枪声。警察赶到了后，发现房间反锁，撞开门后，瘾君子已经死了，他头部中枪。 左右太阳穴各有一个洞，子弹镶嵌在墙里。警察做了详细的调查，死者家中没有打斗的痕迹，也没有发现陌生人留下的脚印、指纹、头发等物品。而死者的手上有硝烟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死者极有可能是自杀。然而诡异的是，警察并没有在现场找到杀人的枪支。死者的居住的小区每个单元门口都安有摄像头，警察调取后也没有找到可疑的人员。听到这，林小璐兴奋地拍了下桌子。 这桥段我听过，密室杀人。卢星一点了点头，的确是密室杀人。警方查了许久，没有一丝头绪，就把我叫去帮忙了。没成想，正查着，又发生了一起枪杀案。讲到这，卢星一的表情凝重了起来。第二起枪杀案的死者是一名程序员，他的死法和第一起枪杀案的死者如出一辙，太阳穴中枪，子弹贯穿了他的头后，打进了两米外的冰箱。死者手上依旧有硝烟反应。 可还是没能在现场找到枪支，也没有找到可疑的痕迹。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这两起案子都很像是自杀，可自杀怎么会找不到枪呢？卢新一继续往下讲，第三起案件，死者是一个企业家，他的死法稍有不同，子弹是从嘴里打进去的，脑干被打出一个血洞。林小璐抢着问：“还是找不到枪？”“嗯。”卢新一痛饮一杯苦酒，感叹道：“这是我成为侦探以来办过最难的案子。” 他瞥了我一眼。今天你们不找我喝酒，我明天也准备去茶馆找你们帮忙。我现在怀疑，这案子很有可能不是人为的。他言下之意，这极有可能是一场灵异事件。我脑袋里灵光一闪，现场不是找到子弹了吗？有没有做过对比？卢星一掏出手机，翻出三张照片，正是从三个现场取到的三颗子弹。三颗子弹从外观上看一模一样，应该是出自同一把枪。警方鉴定过了，是产自俄国的 AK-906 左轮手枪。 这枪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现在已经很少见了。我盯着三颗子弹仔细看，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这三颗子弹有种诡异的感觉。如新一大概是真累坏了，哈气连篇。我们早早结束酒场，各回的家。第二天清晨，我和林小璐刚到茶馆，一个中年人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他大声的喊：“老板，老板在吗？”我说：“我就是老板，有什么事吗？”没想到中年人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 老板，救命、啊！快救救我！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件泛着冷光的东西。我定眼一看，惊出一身冷汗。中年人手里握着的，分明是一把银色的左轮枪。三个月的练刀成果显现了出来。看到左轮枪的一瞬间，我绷直手掌，用掌刀砍在对方的手腕上。我面前的中年男人惨叫一声，左轮枪扔了出去。林小璐就在我旁边，她动作更快。 一个过肩摔，把人扔在地上，然后擒拿住男人的手腕，把他压在地上。男人的眼镜摔得稀碎，他连声呼痛。我捡起掉在地上的左轮枪，把弹巢打开，六发子弹塞得满满当当。林小璐恼怒地审问他：“你是什么人？”男人疼得眼泪都出来了，他求饶道：“我只是想把枪给你们看看，没想做什么。”夏天才刚刚过去，气温并不低，但我手中的左轮枪却凉得像是握住一块冰。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这不仅是一把左轮枪，还是一件阴物。小鹿姐，我们好像误会他了。林小璐松开了对方，训斥道：“不知道枪口不能对人吗？”男人向我们道歉，捡起已经碎掉的眼镜，欲哭无泪。我把他扶了起来，为表歉意，我给他泡了一壶茶。我把玩着手中的左轮枪，枪械类型的阴物，我还是头一次见。你刚刚说找我们救命是怎么回事？男人伸出手指。 哆嗦着指着我手中的左轮，枪，他他要杀我！我愣了一下，看向手中的左轮，枪，这是一把武器，武器能杀人不错，可得有人使用才行。刚刚枪在男人手里，怎么杀他？自杀吗？男人求我，张老板，你能不能把枪先收起来？我看着害怕。我说了声好，把左轮，枪收到茶柜的抽屉里，还上了锁。重新回到茶桌前，我让男人慢慢把他的遭遇讲出来。 男人告诉我，他叫石亨，是一家私企的部门经理。石亨今年四十五岁，正到了一生中最尴尬的年纪。他上有四个年过七十的父母，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此外，还有十年才能还清的房贷，以及还有两年三个月的车贷。原本他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可就在半年前，他的岳母忽然病倒了，花了好大一笔钱救了回来，腿脚却是不利索了，必须要请保姆照顾，每个月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还没等他缓口气，他的父亲又查出了肝癌，治疗费用不低。 两个孩子还分别报了钢琴班和舞蹈班，也是一大笔开销。一时间，如山的经济压力压得石亨喘不过气来。石亨在公司里算是中层领导，每年的工资加奖金不算少，可他过得比普通员工都清贫。下班后从不去应酬，抽的烟都是五块钱一包的大前门。他本以为自己扛一扛，等双方父母百年，孩子长大，生活就会好一些。可万万没想到，命运给了他当头一棒。国际风云变幻，因为种种原因。 石亨所在公司的外贸生意忽然一落千丈，公司遇到经营危机，开始大量裁人。石亨虽然保住了岗位，但收入锐不及原本的一半。人至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石亨不敢轻易跳槽。为了维持生计，他甚至会在下班后去跑滴滴，但仍旧无法弥补收入缺口。眼见要还不上房贷，石亨心急如焚地想要跳楼。就在这时，一个神秘的男人找到了他。石亨颤声说道：“那人给了我一个礼品盒，说里面的东西。” 能够实现我的愿望。我打开盒子一看，里面是刚刚被你拿走的那把左轮枪。我问石亨：“那人为什么要给你这把枪？”石亨紧张的回答：“我也不知道啊，他给了我装枪的盒子，就不见了踪影。”林小璐在一旁搭话：“除了枪，还有别的东西吗？”“有，还有一张纸。”石亨在口袋里摸索了两下，掏出一张纸条。我接过纸条，上面有一行字，还是印刷的字体。 许下你的愿望，然后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我脑袋嗡的一声响。左轮，枪对着脑袋开枪，这不就是昨晚卢新一说的那三场枪杀案吗？我看向林小璐，林小璐对我眨了眨眼，显然和我想到了一起。林小璐问石亨：“你不会照做了吧？”石亨面露尴尬。我本来想报警的，但打开弹巢发现没子弹，就没忍住好奇心试了试。好奇不仅能害死猫，还能害死人，我敢肯定。 石亨肯定是是出了事，我等着他把话说完。石亨咽了好几口唾沫，才重新开口。当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许了个愿，愿望很简单，希望我能按时还清这个月的房贷。我想着，反正没有子弹，就算对着脑袋扣动扳机也不会出事的。我按照纸条上写的方法做了，和我的想的一样，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本以为这是一场骗局，可就在当天晚上，我儿子放学回家时，在家门口捡到一个包，包里装有两万块现金。 刚好能还清这个月的房贷。说到这，石亨的脸上非但没有露出高兴的表情，相反变得煞白，好像回忆起非常可怕的过往。这事儿太诡异了，我不敢告诉老婆。等她睡着后，我悄悄地把藏起来的左轮枪拿了出来。我重新打开蛋巢，里面，里面。石亨用力地捏着自己的手指，可见他有多么的恐惧。里面有一颗子弹。石亨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继续往下讲。更诡异的是。 我眨了一下眼睛，枪里的子弹又不见了。当时我吓坏了，拿着枪连夜开车赶到了离家三十公里的一条河，我把枪扔进了河里。我本以为这件事结束了，可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睁开眼，就看到熟悉的礼品盒放在我的枕边，那把枪就放在盒子里。我很是惊讶，左轮枪又回来了，是人为的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我本想把枪扔得更远一些，可医院里打来电话，说我父亲的肝癌恶化了。 国产药已经出现了抗药性，必须改用进口药才能继续维持他的生命。说到这，石亨泣不成声。我不想父亲死，决定赌一把。我再次对着左轮枪许愿，要二十万。那次我学聪明了，先打开弹巢看了看，有两颗子弹。我运气很好，没死成。过了一个小时，门铃响了。我开门一看，门外放着一个包，里面有二十万。石亨沉默了足足三分钟，才再次张口。后来我做了测试，许愿十万，枪里只有一颗子弹。 我连着许了三次，我和林小璐异口同声：“你疯了！”我觉得石亨一定是疯了，明知道许完愿枪中会出现子弹，还敢接连玩了四次。就算枪中只有一发子弹，他当场去世的几率也有六分之一。被我和林小璐一骂，石亨的脸当场憋得通红，他支支吾吾道：“我不想再过因为没钱而提心吊胆的日子了。没有钱，我岳母就没人照顾；没有钱，我父亲可能连一个月都活不下去。没有钱……” 我一对儿女就不能学习他们喜欢的钢琴和舞蹈？我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我可以什么都没有，就是不能没钱。我哑口无言。石亨说的话我不认同，却没法反驳。林小璐毫不留情的训斥他：“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是死了，你一大家子怎么活？没钱了大不了过得清贫一些，命没了可就什么都没了。”石亨颓废道：“我也知道自己不可能一直有那么好的运气，所以我想再赌一次，最后一次。”想到枪中塞的满满的六颗子弹。 我问他：“你许了什么愿望？”我许愿自己这一生再也不会因为钱而发愁。我与林小璐面面相觑，怪不得枪中会有六颗子弹，这个愿望实在是太大了。我浏览网络时，经常在论坛上看到网友提问：“人这一辈子有多少钱才能满足？”有人回答：“不管拥有多少钱，人都不会满足的。”他举例说明自己上小学时，因为家里贫穷，常常羡慕校门口小卖部进进出出的同学们，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棒棒糖。 那是他渴望的甘甜。那时候，他常常想自己每天要是能有两毛的零花钱该多好，那样他也就有棒棒糖吃了。到了初中，他又开始羡慕能每天喝得起可乐、吃得起汉堡的同学。这个时候，他的愿望从每天两毛的零花钱变成了十块钱。到了高中，他羡慕穿着阿迪耐克的同学，愿望从十块钱变到了一百块。大学，他开始羡慕那些能请漂亮女孩子吃饭、看电影的同学。毕业后。 他开始羡慕那些有房有车的同事，好不容易自己也有车有房了。他看到老板们和富二代们的别墅与豪华跑车，人的欲望总会随着阅历的增加不断增长。就算成为了世界首富，难道就真的对钱没有兴趣了吗？所以，不管拥有多少钱，人都不会满足的。石恒告诉我，他许完愿后不知为何有些心悸，他没着急开枪，而是先打开了弹巢，想看看实现这个愿望枪里会有几颗子弹。答案我已经知道了，六颗。 总共六发的弹巢，子弹塞得满满当当。石亨的愿望注定不会实现。我问他：“既然知道开枪必死，你不开枪不就行了？”石亨的表情像是快要哭出来了：“不行，不开枪不行。”我借着出差的机会，把枪扔到了几百公里外的荒山里，还特意挖了个坑把它埋了进去。可就在今天早上，闹钟把我惊醒时，我发现自己坐在床上，手里拿着枪顶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扳机已经扣下一半。石亨的话。 听得我毛骨悚然，丢到几百公里外荒山上的左轮枪竟然能自己回来，还差点让石亨开枪崩了自己。林小璐问他：“你两次丢枪有没有被人跟踪？”石亨非常肯定的回答：“没有，绝对没有。我手中有枪这事，我连自己的老婆都不敢告诉，哪敢跟其他人说？两次丢枪，我都跟做贼似的，偷偷摸摸的出发，生怕被人发现。这就奇怪了，没人跟着，枪是怎么回来的？” 我可不信这枪能自己飞回来，石亨哀求道：“老板，我找人打听了，能解决灵异事件的高人中，属你们茶馆最厉害，请你们救救我吧！”说着，他又要跪下给我磕头。我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先答应了下来。枪先放我这，你留个电话，回头如果需要询问你一些事情，我再联系你。好，好。石亨给我留下了电话，我跟他商量好了，等帮他消了这一难，再谈收费的事情。 石恒前脚离开，我后脚就给卢星一打了电话。他听说我拿到了三起枪杀案的凶器，立马就赶了过来。一进门，卢星一就迫不及待的问我：“枪在哪？”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锁枪的抽屉打开。拉开抽屉的瞬间，我愣住了，抽屉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卢星一探过头来问我：“张贤，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有些傻眼。我亲自把抽屉上的锁钥匙也没离开过我的口袋，枪去哪里了？ 林小璐也凑了上来，她眉头一皱，这事儿有点诡异。呆子，你赶紧给石亨打电话，让他往回赶。好，我找到石亨留下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话筒里嘟嘟了两声后，被人接了起来。喂，哪位？是个女人的声音。我以为是石亨的老婆，赶紧说道：“石亨在不在？我找他有急事。”没曾想，女人说了一句“你打错了”，就挂掉了电话。我满头雾水。 难道是石亨留错了电话？林小璐道出了真相：这家伙只想转移麻烦，不想付钱，故意留了个假号码。我没忍住，在心里问候了石亨的祖宗十八代。可骂归骂，人还得救。卢新一打电话给自己的朋友张警官，很快张警官就发来了一张照片，是石亨的身份证照片。好在这家伙没留假名字，否则真就找不到他了。跟张警官确认照片上的人就是石亨后，张警官给我们发来了石亨的家庭住址。 卢星一开车，拉着我和林小璐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去。停车的时候，一辆警车呼啸而来，是张警官。张警官带着我们三人冲上了楼，他拼命的敲门。一个女人开了条门缝，一脸警惕的望着我们。我是警察，石亨在不在家？张警官亮出了证件，女人这才把门完全打开。屋内有两个孩子正在跑来跑去，她冲着卧室大声喊：“老公，出来下。”然而回应她的不是石亨的声音。 而是一个响亮的枪声，砰！响亮的枪声把我吓了一跳。两个孩子停下脚步，害怕的跑到妈妈身边。张警官反应最快，他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打开保险，冲向卧室，用肩膀把门撞开。我看到他举着枪足足有十秒，然后回头喊我们报警。警车和救护车几乎是同时到的。石亨已经没救，他太阳穴被子弹贯穿，当场死亡。石亨的老婆吓晕了过去，被救护车拉走。 张警官的同事帮忙联系了石亨的亲戚，把两个同样受到惊吓的孩子带走。我们三人只有卢新一是警方顾问，我和林小璐被客气的请离现场。虽然夜已经深了，但我们两个没有回家休息，而是到茶馆里静候消息。直到后半夜，卢新一才打来电话，知道我在茶馆后，不一会儿，他和张警官就赶到了。两人一脸疲惫，嘴唇上的皮都干得外翻。张警官一进茶馆就喊着：“有水吗？”我给他泡了壶绿茶。 张警官刚想往嘴里灌，又放了下去。我以为是太烫了，准备去给他取些凉白开兑一下，却发现他的眼神盯着茶柜上方的价目表。张贤，看你长得像个老实人，没想到是个奸商啊！张警官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说的这句话。打过几次交道后，我发现他是一个脾气直爽、喜欢讲笑话的人。喝吧，不收你钱。张警官是真渴了，顾不得水烫，咕嘟咕嘟的把一壶茶喝了个底朝天。等他打了个饱嗝，我问他。 找到枪了吗？张警官摇头，没有，真是见了鬼！石亨的卧室里只有他一人，门窗紧闭。他妻子醒来后，我问过了，你们到之前并没有其他陌生人上门。枪到底去哪了？卢新一接着话茬往下说，我调查了小区大门处的监控，石亨回家时并没有被人跟踪。今天是周六，他家里一直有人，可以排除凶手提前入室埋伏的可能。还有，案发现场并没有发现可疑的脚印、指纹，我觉得不是人为。 不是人为，那就和灵异事件有关了。林小璐摆弄着手机开了口：“我问了妈妈，她说十三局已经接手了这件案子。她给我透露的消息是，这一连串的枪杀事件极有可能是阴人作案。妈妈还说，在十三局的人来接手前，让你先帮忙查着案子。毕竟杀人的凶器是一件阴物，你作为殷商传人，有义务将其回收。”我没有推辞。林小璐妈妈说的对，回收作恶的阴物是殷商应尽的义务。卢新一问我和林小璐。 你们两个是唯一见到杀人凶器的人，仔细回想一下，那把左轮枪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拖着下巴陷入了回忆，今晚的记忆犹如回放的电影，在我脑海中重现。忽然间，一个画面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当我用手刀把石恒手中的枪砍飞时，我眼睛的余光曾瞥到一个细节：左轮枪的枪柄上有一个刀刻的字母 Z。我把这个细节说了出来，卢新一和张警官同时掏出手机，拨出去一个号码。 张警官的电话是打给警局的，而卢新一的电话是打给小胖的。小胖是之前忘情水事件帮卢新一恢复监控录像的电脑高手，他是一个厉害的黑客。这个秘密是我跟卢新一合伙后他告诉我的。两边的效率都很高，警局方面没有查到这把枪的犯罪记录，而小胖则是在网络上找到了蛛丝马迹。卢新一开车把小胖拉到了茶馆，和上次见面相比，小胖体型更圆润了，他剪了一个小圆头。 小胖看到张警官身上的警服，吓得打了个哆嗦。张警官打趣他：“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没违法犯纪，就不用怕我。”小胖缩了缩脖子，估计要不是卢星一在这，他很可能扭头就跑了。小胖拿来了笔记本，我们四人都凑了过去。笔记本的屏幕上有一把银色的左轮枪。小胖把图像放大，很容易就能看清枪柄上刻着一个字母 Z。小胖解释道：“这是我从黑网上找到的。” 我好奇的问道：“黑网是什么？”小胖回答道：“普通网民所能访问的网络只占了整个互联网的百分之四，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六像是隐藏在海平面下的冰山，需要特定的手段才能进入，这就是黑网。”小胖一边说着，一边用双手食指飞快的在键盘上敲打。黑网中有很多黑暗的东西，黄赌毒，甚至是人口买卖，许多你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都在黑网中真实的发生着，包括你们要找的这把左轮枪。 屏幕上的画面飞速切换，我的眼睛甚至跟不上小胖切换窗口的速度。最终，画面定格在某个俄文论坛上。小胖指着一个用户的头像：“一年前，这个俄人在黑网的军火论坛上以一千美钞的价格出售了这把左轮枪。”卢新一追问：“能查到是谁买的吗？”小胖摇头：“这个论坛不记录用户的访问地址，就算我是黑客之神，也查不到买家是谁。顶多给你看看买家的头像长什么样子。” 说着，小胖找到了买家的账号，一瞬间，我的脸变僵硬了。小胖抬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林小璐和卢星一，我说：“哥仨儿，你们这是怎么了？”张警官也是一头雾水，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难不成你们都认识这头像？还真被张警官说中了，买家的头像是一只黑色红眼的乌鸦。回想起那颗能让人变聪明的开窍丸，一个不祥的预感在我心中涌现。难道那把能够改变命运的左轮？ 枪也是黑鸦组织制作出的阴物。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捏紧了拳头。我们殷商一脉虽然也卖阴物，但从不用阴物害人。而黑鸦组织的所作所为，却是打破了法律与道德的底线。张警官，我问张贤，我知道你本事大，有没有办法找到那把左轮枪？我想到一件阴物，或许能帮上忙。我去了地下室，取来一件阴物，摆在茶桌上。张警官瞪大眼睛盯了好一会儿，问我。 这是银子做的手掌模型吗？没错，这是一只银子做的机关手，前面是手，后面是一根带机关的长棍，按下机关，手掌就会合拢，做出抓握的动作。卢新一拿起这件鹦物，用手捏了两下，问我：“这是什么？”他叫虎耳手。我问大家：“你们谁知道胡车？”小胖立马说道：“是不是三国里偷点为双戟的那个胡车？”对，就是他。我指着虎儿手开始讲解。 胡车儿是东汉末期的人物，原本是张绣军阀张绣的偏将。此人非常勇猛，随张绣一起归降了曹操。张绣原本是真心投奔曹操的，但曹操偷偷,偷把张绣王叔的遗孀，也就是张绣的叔母那为小妾。张绣得知后，感觉自己被侮辱了，决心杀曹。他做了周密的计划，但曹操身边有猛将典韦，有他护着曹操，可敌百名死士。为了不让典韦坏事，张绣派胡车儿偷走典韦的武器。胡车儿知道典韦警觉。 故先用计将典韦灌醉，然后用这只机关手悄无声息的偷走了典韦的双戟。典韦没了武器，夜中战死。曹操的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死在那场战斗中，曹操可谓是损失惨重。车活儿对自己的战绩津津乐道，他把这件机关手臂取名“活儿手”，一直带在身上。后来他在长坂坡上被赵云一枪挑死，留下一魂一魄。活儿手从此变成了阴物。大家听后一愣一愣的，张警官似乎有些不信，这是真的吗？ 我也不知道真假，反正师傅给我的《殷商笔记》中是这么记载的。卢新一接着问：“用胡儿手能找到那把左轮枪？能？我对胡儿手很有信心。按照《殷商笔记》中的记载，胡儿手是天下第一神偷鹦，阴物有胡儿手在，不管你想要什么东西，他都能偷得来。”张警官有些不信：“这么玄乎吗？我可没在吹牛。胡儿手落到我们殷商一脉之前，被人带到了国外，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美利坚一家博物馆一下丢失了二十四颗宝石，至今没有追回。那盗贼就是用胡尔手偷到的宝石。张警官仍旧有疑问，可我们现在不知道左轮枪在谁手中，怎么偷？这就是胡尔手的厉害之处，无需知道东西在哪，只要有想要偷的东西的一个小部件，这东西就算在地球的另一边，他也能搞到手。我对张警官说：“我需要左轮枪的子弹。通过前面汇总的情报，我发现左轮。” 枪没有发射出去的子弹是会消失不见的，但子弹一旦出膛就会被保留下来。如今死了四个人，警局保存有四颗子弹。张警官瞪大了眼，那可是证物。我直截了当的告诉他，没有子弹，我也没办法找到左轮枪。卢新一劝道：“想办法借出来，早一点找到左轮枪，就可能少死一个人。”张警官犹豫了好久，咬了咬牙：“行，我去打申请。” 他急匆匆地离开了，两个小时后又赶回了茶馆。他把一颗装在塑料袋里的子弹递给了我。四十八小时内，我必须还回去。我说用不了那么久，然后找了副手套戴上，小心翼翼的把子弹取了出来。我把胡尔手的机关打开，机关手的手掌完全张开，然后把子弹放到掌心里。张警官一脸的不可思议。就这样，对，就这样。胡尔手的具体原理我也搞不清楚，但按照笔记中的记载，现在只要等就行了。 小胖已经回家了，林小璐困得不行，回二楼睡觉去了。我、卢新一、张警官轮番守着胡儿手，每人守一个小时，让其他两个人趴在茶桌上睡上一会儿。轮到我时，窗户外的天空已经微微亮了，胡儿手还是原来的样子，掌心放着子弹，没有任何变化。半夜过去，胡儿手一点动静都没有，连我也开始怀疑这东西到底行不行。盯着盯着，我有些尿急，跑去上了个厕所，回来的时候。 我看到原本放在茶桌中央的活手，不知什么时候跑到桌边，快要掉到地上了。我急忙走上前，这才发现活手原本张开的手掌已经攥了起来，握着一把银色的左轮枪。左轮枪在活手中不断的颤抖，似乎是想要挣脱活手的控制。我急忙握住活手，左轮枪瞬间就不动了。如哥，张警官，醒醒！听到我的呼喊，两人睁开了眼睛。天亮了吗？ 张警官揉着眼睛问我，当他看到我手中的左轮枪时，猛地起身，结果膝盖撞到茶桌上，疼得龇牙咧嘴。真偷来了！卢新一提醒我，别再让这把枪跑了。我跑上楼，把林小璐喊了起来，让他去把镇音箱搬出来。不一会儿，一个箱子被林小璐从地下室抱了上来。这个箱子我不是第一次见，之前狗爷和姑姑就被师傅关在里面。镇音箱也是一件阴物。 它除了能帮狗爷留住煞气，长久沉眠外，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效果，让阴鹉失效。但凡被关在箱子里的阴鹉都会失去原本的效果。我把左轮枪从胡儿手上取下，放进镇阴箱中，还特意上了个锁。这下他可跑不掉了。卢新一问我，这把枪怎么处理？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毁了。这把左轮枪是黑鸦制作的，无比邪恶，至今已经夺走了四条人命，留下它必然会是祸害。 林小璐打着哈气说：“再做一个血袋帽吧。”卢新一，你开车带我去菜市场买黑狗血。卢新一说了声好。张警官向我们道别，他还要去上班。三人离开后，茶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给自己泡了一壶茶醒神，才喝了一口。有脚步声传了过来，我抬头一看，愣住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了茶馆。李李子。我揉了揉眼睛，确定自己没看错。李子走到我面前。 用埋怨的语气问我：“连姐都不愿叫了。”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现在的李子和我记忆中的他完全是两个人。我岔开话题：“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你自己说的呀。”我想起来了，师傅刚收留我时，我曾经跟李子提过茶馆的一些事情。你找我什么事？小贤，别这么生分。姐姐就是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李子的语气有些失落。我回忆起我们在福利院时的美好时光，内心不禁变得柔软起来。 我请李子坐下，给他泡了一壶茶。我问他这大半年的时间都去了。他告诉我，王森死后，他搬离了安德，去了南方一座小城定居了下来。在那座小城里，他认识了一个帅气的男人。这个男人对他很好，如今两人已经在一起了。回想起在游乐园见到那个帅气多金的男人，我并没有嫉妒，与我第一次见到王森时感觉完全不同。我甚至为李子找到归属感到开心。后来我才明白，这个时候我已经不爱李子了。 李子在我心中只是儿时的好友。一杯茶饮完，我问李子：“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我已经买了明天的车票。再跟你聊一会儿，我就该走了。说到这，李子的鼻子动了动。张贤，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香味？他用力吸了两下，然后拿起了自己的包。李子的包包里飘出一股淡淡的香气。他打开包包，拿出一个黑色的盒子，香味就是从盒子里飘出来的。李子喃喃自语：“这是什么东西？” 谁放进我包里的？说着，他就要打开小黑盒。这时，我心中忽然涌现出不好的预感，急忙开口阻止：“别打开！”不知是我提醒的太晚，还是李子没有听到我的话，他还是打开盒盖。盒子里是空的，但空气中原本淡淡的香味立即变得浓郁起来。我下意识的捂住口鼻，但还是吸了一点点。很快，我感觉自己头重脚轻，视野变得模糊起来。在我倒下前，我看到李子闭着眼睛，身体顺着椅子。 从椅子上滑到地面，李子，我喊了李子一声，然后眼前一黑，也晕了过去。等我醒来时，我发现自己的双手被人反绑在背后，而李子整个人都被绑在椅子上。你醒了？我循着声音看去，一个戴着猪八戒面具的男人正站在我的面前。他手里摆弄着本被我锁在镇音箱中的左轮枪，面具下一双阴雾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你是谁？为什么要绑架我们？为什么？ 男人把左轮枪对准了我，要不你猜一猜？我用眼睛的余光看了一下茶馆墙壁上挂的钟表，我昏迷了大概有二十分钟的时间，林小璐他们回来最少还需要十五分钟，我需要拖延时间。我问面前的男子：“你是黑鸦的人？”男人把左轮枪在手中转了一圈，没错。我没想到他承认的这么痛快，于是追问了一句：“你们是怎么制作出鹦鹉的？”男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反问我：“张贤，我知道你在拖延时间，我劝你好好掂量掂量，要不要这么做。”说着，他用左轮枪指了指我身旁的李子。我这才发现李子的脸色白的吓人，呼吸也十分微弱。我着急的问道：“你对他做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做，不过迷倒你们的不是普通的迷药，而是我们黑鸦专门针对阴人制作的迷魂香。这姑娘是个普通人，承受不住这么大的药力，再不服用解药。” 恐怕活不过一炷香的时间。听完男人的话，我焦急万分的对他吼道：“这事儿跟他没关系，把解药给他，放他走。”“好啊。”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药包，这里面就是解药，你只要答应我一个要求，我就给他服下去。什么要求？把分魂针交出来。我心中一紧，下意识的反问：“你怎么知道茶馆有分神针？”男人讥讽道：“关于这家茶馆的事情，我们知道的可不少。” 比如我知道茶馆下面有个摆满阴物的地下室，还知道不懂阴商秘术的人下去会被阴物困住。他从地上捡起装迷魂香的盒子。要是不知道这些，我怎会如此大费周章的把这个藏进他的包里呢？我心中惊骇，我万万没想到黑鸦对茶馆了解的如此透彻，甚至为了从茶馆取走分魂针做了如此周密的设计。迷魂香藏在李子的包里，真是防不胜防。还有十五分钟，他就要死了，你做好决定了吗？我看向李子。 他的脸色比刚刚更加惨白，过好几秒钟，胸口才有一次起伏。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李子死去，只能答应你给他解药，然后把他放走，我就给你想要的东西。反正我人在你手中，跑不掉的。男人打量了我一会儿，用嘲笑的语气对我说：“你是把我当傻子吗？我真把他放走，你往地下室一钻，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张贤，你这点小心机骗不过我的。我唯一能自救的办法被对方看破，只能任由对方宰割了。 好，你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我去给你拿。男人解开了我手上的绳子，他大概是吃定我不会放弃离子。我来到地下室，找到了分魂针。分魂针是一个带有弯钩的铁针，来历已经没法考究，但它的能力十分独特，它能将人的魂魄挑出来。分魂针用途极窄，这把阴物落在殷商手中上百年，一直在茶馆地下室吃灰，从未动用过。黑鸦要他做什么？我想不通，也没时间再想了。我知道。 以黑鸦漠视人命的风格，一旦得到分魂针，绝对不会放过我和李子的。林小璐快要回来了，我得拖下去。姑姑，你在吗？地下室传出扑腾翅膀的声音，一只布偶鸽子飞到我面前，找我干嘛？没时间解释了，有仇家杀上门来。等会你藏在我身后，一起上去，然后把这东西扔到一个戴猪八戒面具的男人头上。我递给姑姑的是刑天斧，这斧头能把人的魂魄从身体中砸出去。 就算对方是阴人，猝不及防之下也会中招。姑姑找来一根绳子，让我绑在刑天斧上。她用爪子勾住绳子，藏在我的身后。接下来就是决定我生死的时刻了。我深吸一口气，毅然决然地走出地下室。男人站在地下室门口，盯着我手中的盒子。我劝你最好别搞花样。我把盒子打开，向他展现分魂针，给他解药，分魂针就归你了。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瓷瓶，拔开盖子。 放在离子的鼻子下晃了晃，离子呼吸的频率加快，脸蛋也有了一丝红润。在男人低头的时候，咕咕从我背后悄悄飞走，绕到了男人的背后，给离子解了毒。男人随手把装解药的瓶子扔在了地上，他走到我面前，拿走了分魂针，然后用分魂针在左轮枪上一挑，我的阴阳眼看到有四个魂魄被分魂针挑了出来。他用针挑着四个魂魄，放进之前装迷魂香的盒子里，随后把盒盖关闭，装进口袋里。 男人动作飞快，四个魂魄的模样我没看清，但其中一人好像是被左轮枪杀死的石亨。我立即想明白了，不管是开窍丸还是这把左轮枪，黑鸦都是在利用阴物收集魂魄。男人收好魂魄,魄后，又把分魂针放回原来的盒子里，同样收入口袋。我对他说：“你已经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可以走了。”猪八戒面具下的眼睛闪过一道寒光。男人打开左轮枪的弹巢。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子弹，你要做什么？男人阴森森的笑着。你猜我要做什么？当年林玄差点毁了我们，先杀了他的徒弟，收点利息，没问题吧？告诉你，这把左轮除了是一件能许愿的阴物，还是一把真正的武器。子弹装进枪中，男人把弹巢推了回去，然后将枪口对准了我的脑袋。我中的迷魂香还没解，此时全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完全无法反抗。眼见他的手指扣在了扳机上，我急得大喊。 姑姑，快动手！咕咕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别急，我来了。咕咕的声音吓了男人一跳，他下意识的抬头，刑天府刚好落在他的额头上。哐当！别看刑天府是用木头做的，砸脑门上格外的响。男人身子一歪，倒在地上。但我知道事情远远还没结束，因为我的阴阳眼没有看到他的魂魄被刑天府砸出来。趁着这个时间，我飞快的扑到李子面前，解药还在他脚下。 我抓起解药放到鼻子下，使劲吸了两口，有股清苦的味道窜入我的鼻腔。解药的效果非常好，我立马感觉到自己软绵无力的四肢重新注入的力量。此刻，男人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他脸上的猪八戒面具已经碎了一小半，他手里还握着左轮枪。我不能给他抬枪的机会，于是一个箭步冲上去，用肩膀撞在他的胸口上。男人惨叫一声，又倒在了地上。他抬手开枪，我急忙蹲下了身子。砰，枪响了。 我能感觉到有一股劲风从我头顶上飞过，他打偏了，我还活着。枪里只有一颗子弹，现在男人手里的左轮枪不再是一件武器，而是一个有分量的铁疙瘩。想到自己差点就死了，我怒从心来，从地上捡起刑天斧，追着男人砍。不知这家伙身上有什么镇魂的宝贝，我连砍几下都没能把他的魂魄砍出来。男人见势不妙，夺门而逃。我想追，可迷魂香的药效还没完全散去。 才追了十米，我脚下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路口。无奈之下，我只好回到茶馆。李子还没醒，我找到手机，给林小璐打电话，让他快点回来。挂掉电话，我躺在地板上休息，等心中的愤怒散去，剩下的就是差点被枪杀的恐惧。这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如果我没有及时低头，现在已经没命了。呆子，林小璐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我刚起身，一道身影直接撞进我的怀里。 林小璐的手在身上不停摸索，她焦急地问：“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看到她的眼睛里含着泪花，心中不禁生出一股暖意。别担心，我没事。两分钟后，卢新一也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回来的时候路上遇到堵车。林小璐接到我的电话后，直接跳车跑了回来。用卢新一的原话描述：“我从来没见过能跑那么快的人。”我把茶馆里发生的事情用简单的语句陈述给二人。 黑鸦拿到了分魂阵，会害更多的人丧命。小鹿姐，我们得快点把人追回来。林小路找出了师傅的罗盘，也就是之前追大德通当票的那件阴物。在林小路的施法下，罗盘上的指针很快就动了起来。找到了，我们去追。李子还在昏迷中，我不放心把他一人扔在茶馆，让卢星一留下帮忙照顾。离开茶馆后，我拦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师傅跟着罗盘的指针开。司机本以为遇到了神经病，要撵我们下车。 林小璐从口袋里抽出五张红票子，出租车立马就发动了。车一直往城外的方向开去，最终停在了一座山上。两位，前面没路了。下车后，我觉得周围的环境有些熟悉，仔细一想，这不是我生日那天林小璐带我看星星的地方吗？林小璐手中的罗盘指针颤抖的幅度已经很小了，这表明我们距离分魂针已经不远了。下车，徒步追。我们跟着罗盘指的方向走。 最终在临近山顶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白顶的小房子。透过房子的玻璃，隐约能够看到一个人影正在忙碌着什么。脚下轻点，我们过去看看。我和林小璐蹑手蹑脚的走了过去，凑近一看，屋里忙碌着的人头上戴着已经碎了一半的猪八戒面具。这个男人好像在做什么试验，身边是四个被阴术束缚的魂魄。林小璐小声问我：“是他吗？”我点了点头，林小璐立即冲了进去。他抬腿就是一脚。 直接把反锁的屋门给踹开了！混蛋，敢欺负我家呆子，逃打！屋里传来了打斗的声音，我急忙冲进屋里。战斗已经结束，男人已经被林小璐摔在了地上。林小璐好像没打过瘾，撸起袖子要继续。谁知就在这个时候，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瓷瓶，往地上用力一摔，啪！瓷瓶摔得粉碎，屋子里多了一股香味。这味道我太熟悉了，是迷魂香！快出去！我拉着林小璐跑出房间，林小璐堵着大门。 我堵着窗户，反正屋子就这两个出口，他跑不掉的。我透过窗户往里看，男人先是给自己用了解药，然后跑到房间的一角，那里有一个体积很大的冰柜。他打开冰柜，把石亨的魂魄塞了进去。接下来，把我惊得差点咬到舌头的事情发生了：一只满是冰碴的手从冰柜中伸了出来。冰柜里伸出来的手臂，除了冰霜，还有大片的尸斑。这人做了什么？把石亨的魂魄塞进尸体里，然后尸体就动了。我急忙喊林小璐。 小鹿姐，你看到了吗？林小鹿脸上的表情非常凝重。是僵尸。师傅以前教过我，僵尸是尸体变成的鬼怪，没有理智，毫无人性。他说，僵尸一般都是古墓里的尸体变成的，从未提过有谁能用阴术制成。黑亚的手段远远超乎了我的认知。僵尸从冰柜里爬了出来，这是一个一米八高的壮硕男人，全身上下只穿着一条短裤，戴着猪八戒面具的男人掰开僵尸的嘴巴。 塞了一件东西进去，然后我看到他指着门外的林小璐，恶狠狠的说：“杀了他！”僵尸仿佛听懂了他的话，向着林小璐跑来。明明是结满冰碴的身体，但僵尸的动作非常灵活。他向林小璐的肩膀抓去，林小璐虽然躲开了，但肩膀上的衣服被撕了下来。僵尸满是尸斑的手碰到了林小璐，林小璐白肩膀上原本白皙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林小璐露出痛苦的表情，一脚高抬腿踢在了僵尸的太阳穴上。 换做活人，肯定会被林小璐直接踢晕过去。然而僵尸只是晃了一下，继续扑向林小璐。我想过去帮忙，林小璐却冲我喊道：“你别过来，把刀扔给我。”我急忙把昆吾刀扔了过去，林小璐一把接住，抽出昆吾刀砍向僵尸。昆吾刀不愧是斩妖除魔的利器，僵尸的手臂直接被砍断一条。然而僵尸没有痛觉，继续与林小璐搏斗。林小璐被僵尸逼得不停后退。 他没看清身后的地形，一脚踏空，从山顶上掉了下去，而僵尸也紧跟着跳了下去。小鹿姐，我冲到悬崖边上，随后松了口气。山顶下方三米的地方有一处不到三平米的平台，林小鹿正和僵尸在这狭小的地方搏斗。有了兵器的林小鹿比僵尸更厉害一些，获胜只是早晚的事情。可就在这时，我听到身旁传来脚步声。我抬头一看，操控僵尸的男人也跑到了悬崖边，他已经给左轮枪上了子弹。 正在瞄准林小璐，休想！我大吼一声，本能的扑了上去，然后带着他一起跌了下去。我们两人刚好砸在僵尸的身上，林小璐趁机一刀砍在僵尸的脖子上，把僵尸的头给砍了下来。林小璐赢了，但她也受了伤，她倒在地上，连握刀的力气都没有了。小璐姐，我正准备去扶起她，却听到剧烈的咳嗽声。和我一起落下悬崖的男人，一手捂着胸口剧烈咳嗽，一手持左轮枪。 再次瞄准了林小璐，我们相距有一米的距离，想再次阻止他已经来不及了。我看到男人的手扣下了扳机，我想都没想，扑向林小璐，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他的前面。砰！枪响了，我感觉自己好像被大锤砸了一下，然后身体里的力气一下就被抽空了。我知道自己中弹了，我眼前开始模糊，耳边的风声越来越大。我看到了林小璐的泪水从眼眶里涌出。 还看到他一头乌黑的头发正在迅速变白。在我昏迷过去的瞬间，我看到犹如白发魔女的林小璐将戴着面具的男人撞下了山崖。我感受到了彻骨的寒意，是那种冬天在河中游泳的感觉。我以为自己死掉了，但耳边忽然有惊雷炸响，让我瞬间清醒过来。后背剧烈的疼痛让我忍不住痛呼起来。我睁开眼睛，发现天已经黑了。此刻正在下着大雨，天边时不时的会划过一道闪电，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隆声。 短暂的照亮漆黑的夜，小鹿姐，小鹿姐，我喊了两声，林小鹿没有回应。借着闪电的光芒，我看到前方有一个人影。我站不起来，几乎用光了吃奶的力气才爬过去。是林小鹿，她还活着，但她的情况非常不妙。不知道是因为与僵尸战斗，还是受到我中枪的刺激，林小鹿的冰又犯了。这一次，她不仅头发雪白，就连眉毛也变成了白色。林小鹿犹如一个人形冰块，不停的散发着寒气。 甚至他身边地面上积攒的雨水都结成了冰，这是林小璐在我面前犯病最严重的一次。我喊了他好几声，他眼皮都没动一下。这个时候，林小璐必须要尽快服药，但师傅留给他的药在茶馆里放着，我并没有带在身上。我艰难的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想打给卢新一求救，可没想到手机在我掉下悬崖时摔碎了屏幕，已经打不开了。我想爬上去，但此刻我站都站不起来，更别说爬三米高的峭壁了。 我看着林小璐苍白的脸，心疼的不行。轰隆隆，一道惊雷顺着山崖落下，将我和林小璐所在地方一瞬间亮如白昼。我忽然发现林小璐的身边有一把左轮枪，我把左轮枪捡了起来，取出里面那颗真实的子弹。我知道怎么救林小璐了，但方法非常冒险。我盯着手中的左轮枪，向她许愿：我希望林小璐能恢复到发病前的状态。 石亨曾经因为许愿过大导致蛋巢满蛋，有他的前车之鉴，我没敢许愿让林小璐康复，不再犯病。许完愿，我打开了蛋巢，眼前的一幕让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三颗子弹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换句话说，我有二分之一的概率会死。现在反悔已经来不及了，许愿之后必须开枪，否则就会像石亨那样被这件阴物追杀到天涯海角。不过我没冒失的立即开枪，我先是把弹巢的空枪对准鸡针，按照常理来说。 此时我扣动扳机是不会有事的。我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等了一分钟，重新打开弹巢。和我预想中的一样，弹巢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动，一颗子弹的屁股正对着机针的位置。如果我刚刚扣动扳机，现在已经是一具死尸了。雨水冲刷掉了我的冷汗，我强迫自己保持冷静，重复做了几次试验。结果表明，不管我合拢弹巢时子弹的位置在哪，弹巢都会在我没有发觉的情况下发生转动。至于机针位置， 会不会有子弹？完全是随机的。这是一把决定命运的左轮，这是一场搏命的游戏。林小璐的呼吸渐渐变弱，他身边地面的冰层厚到大雨都无法融化。我知道，我不能再犹豫了。我再一次把弹巢推入，然后用手掌用力一滑，弹巢飞速的旋转起来，转轴发出低沉的摩擦声。我闭上眼睛，在声音停下的瞬间，我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扣下了扳机。啪！我听到了机针撞空的声音。 我满头大汗的放下了手中的左轮，枪再次打开弹巢，三发子弹已经消失不见。二分之一的几率，我赌赢了。我看向林小璐，她发白的头发从发根开始慢慢的变黑，苍白的脸色也渐渐有了一丝红润。因雾起效果了，在我因为失血过多昏迷前，林小璐已经恢复到平时的模样。等我再次醒来，入眼是雪白的天花板，鼻子里能闻到刺耳的消毒水味，我感觉自己全身乏力，手指头都抬不起来。 呆子，你醒了。林小璐的脸出现在我的眼前，她眼睛红红的，一看就是刚哭过不久。我问她这是哪里，林小璐说：“我在医院。”我感到口渴，想让林小璐给我倒杯水喝。林小璐抹了抹泪，挤出一个很难看的笑容：“你刚做完手术，医生不让你喝水，忍一忍吧。”在我的询问下，林小璐告诉了我昏迷后发生的事情。林小璐醒来时，雨已经停了。她看到我手里握着左轮枪。 立马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事，他帮我包扎了伤口，然后背着我爬上了悬崖，一直跑到半山腰才拦下一辆车，把我火速送到医院。医生紧急为我做了手术，把镶嵌在我腰间的子弹取了出来。医生说我全身血液流了四分之一，4, 能活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说完，林小璐的泪再次涌了出来，她用力的抱着我，哭着对我说：“以后不许再这么冒险了。”我说：“二分之一的几率，就当是抛了一次硬币，没什么大不了的。” 林小璐没有再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她拥抱我的手更用力了一些。可能是做完手术身体虚弱，我在林小璐的怀里睡着了。醒来时，卢星一坐在床边。卢星一告诉我，我睡了十二个小时。林小璐回去休息了，他来盯一会儿。我问他梨子怎么样了，卢星一欲言又止，好像有什么话想说又不敢说。在我的追问下，卢星一才把事实道了出来。我和林小璐离开茶馆不久后，梨子就醒了过来。 他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以为自己只是睡着了，看了眼时间，慌忙的跑去火车站。他赶上了火车，却没有找到本该在站台上等候自己的男朋友。再后来，林小璐把我带到医院后，十三局和警方前往山底找到了被林小璐撞下去的那个男人。他已经摔死了，脸上的猪八戒面具也摔得粉碎。听到这，我追问卢新一：“查到那男人的身份了吗？”他肯定是黑压的人。卢新一又露出那副欲言又止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儿。 他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你自己看吧。我把手机拿到手中一看，照片里是一个摔得血肉模糊的人。他张着眼睛，露出一对蓝色的眼瞳，引人注目的还有他那挺翘的鼻梁以及欧亚混血儿的面貌。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这个人我见过，就在我过生日那天。那日在游乐园里，一个长得很帅气的男人走到李子身边，牵起了他的手。Triple X, X，怎么会这样？我拿着手机的手抖得厉害。 这不是李子新交的男朋友吗？怎么会是黑鸦的人？我下意识的问卢新一：“不会搞错了吧？”卢新一摇了摇头，确定对方的身份后，我们第一时间把李子找了回来。根据李子的交代，这个男人是主动追求的他，两人在一起后，他向李子问了许多关于你和茶馆的事情，而且李子回乡前来茶馆找你告别，也是这个男人的建议。我听懂了卢新一话中隐藏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男人和李子交往是因为我。卢新一点了点头。 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的确是这样的。想起在茶馆聊天时，每每提起这个男人，李子脸上幸福的表情，我不禁有些精神恍惚，内心产生了深深的愧疚感。李子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却没想到这是一场骗局。李子呢？录完口供后他就离开了。我问过他要不要过来见见你，他没有回答就走了。我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卢心一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休息吧。”我又睡了一觉。 在醒来时，林小璐已经回来了。他带给我一个消息：十三局在崖底并没有找到分魂针。林小璐亲自去搜了山顶的房屋，也没有找到分魂针不见了。我很是不可思议。我和林小璐追到山顶房屋时，我在窗口分明看到那个男人用分魂针在左轮枪中勾出了四个魂魄。用罗盘找过了吗？林小璐说找过了。罗盘没了反应，应该是有人用阴术遮蔽了分魂针的气息。 林小璐这句话让我心中咯噔一跳，这说明分魂针不是丢了，而是在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被人拿走了。那个男人还有同伙，我忽然想到，给孙婶开窍完，在公寓中留下陷阱的那个中山装男人，或许就是他。我想到一个主意，用活手把分魂针偷回来。林小璐却是摇头，活手被弄坏了。我狠狠的用拳头砸了一下床，结果扯到了后背的伤口，疼得出了一身冷汗。 林小璐赶紧让我冷静下来，别着急，葫芦手只是被弄坏了，并没有毁掉。等老爹回来，肯定有办法修好。这句话并没有安慰到我，因为我很清楚，师傅至少要等到明年六月份才能回来，还有七个月呢。这大半年的时间里，不知道又会有多少无辜的人会被黑鸦所害。拜师时，师傅让我发过誓，不能拿阴物害人。分魂针是从我手中丢失的，不知道算不算是我违背了誓言。林小璐对我说。 对付黑鸦，仅靠我们茶馆是不够的，需要整个阴行联合起来。十三局也已经介入此事。放心吧，相信很快就会有进展。我问林小璐：“我要在医院里待多久？”林小璐告诉我：“医生要求我至少住院二十天，然后再看我的恢复情况，决定是否让我出院。”我在医院里待着，茶馆只能关门停业。可令我没想到的是，我的下一单生意是在医院里接到的。这个故事要从我入院的第十天说起。医院里的生活十分无趣。手术结束后的十天里。 我每天只能躺在病床上，除了上厕所，哪里都不许去。好在林小璐一直陪伴着我，她拿来一个 iPad，我们每天都一起追剧、看综艺。病房里时常响起我们二人的笑声。十天后，医生允许我下床活动。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医院三楼长长的走廊，以及住院楼后面的小公园。喜欢公园是因为可以晒太阳，喜欢走廊是因为常常能碰到一个有趣的医生。这个医生姓赵，他经常在没有病人的时候出来溜达，看得出他的人缘很好。 几乎每一个与他碰面的病人都会跟他打招呼。赵医生挺喜欢下棋，工作结束后经常来病房和我们这些病人一起摆上棋盘，一边下棋一边了解病人的恢复情况。与我同一个病房的王大叔经常夸赞赵医生，说赵医生是他见过最有良心的医生。你们知道吗？赵医生以前上过新闻，他用了六毛钱的药就治好了一个辗转多地医院的小患者。王大叔给我讲起了故事，说曾经有一个七八岁的小患者。 得了一种世间罕见的病，跑了许多医院，看了许多医生都没能治愈。赵医生从同行那里听说了这个小患者，主动要来了联系方式，自己掏腰包请小患者的父母带着病人来到了医院。经过仔细的问诊和研究后，他给小患者开了一片六毛钱的药，小患者服下后症状立马就有了减轻。听完这个故事，我对赵医生的医术非常钦佩。王大叔感叹道：“赵医生给病人开药，从来都是开最经济实惠的药，需要用到贵的药。” 还会特意征求病人的意见，如果病人的家庭承担不起，他会想其他的办法，尽量保证疗效。赵医生这样的人，要是放在古代，肯定是济世良医，要被人立碑送扁的。王大叔的女儿听到后补充了一句：“爸，我已经给赵医生做了锦旗，等你出院的时候亲自给人家送去。”王大叔喜上眉梢：“对对对，送锦旗，送锦旗。”聊天的时候，护士来给我换药，小护士对我说：“你的主治大夫去省里开会了。” 这两天你由赵医生负责，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他。我还真有点问题，那就是我想提前出院。医院里环境再好，也不如自己的茶馆悠闲。大家都说赵医生好说话，说不定求一求他，我就能办理出院手续了。我跟林小璐说起床活动活动，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赵医生办公室的门前。办公室的门虚掩着，这是他的习惯。和病人聊病情时，赵医生不希望有其他无关人员待在旁边，以最大程度保证患者的隐私。换做往常。 我肯定会在门外等候，可此时门内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我有些担心赵医生，擅作主张的推开了门。门推开的瞬间，我看到了极为恐怖的一幕：一个光着头、身体骨瘦如柴的男人，一手抓着赵医生的领口，一手拿着一把尖刀，他满脸狰狞，尖刀向着赵医生的腹部用力刺去。锋利的尖刀刺入赵医生的腹部，白色的大褂立马染成了血红色，赵医生脸色瞬间惨白，痛苦的往地上坐去。 行凶者似乎不想放过赵医生，把尖刀抽出来，对准了他的脖子。赵医生，我眼疾手快，直接冲了上去，一脚踹开了行凶者。别看行凶者面目凶残，实际上身体非常虚弱，被我一脚踹飞一米远，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我顾不上他，急忙俯身摁住赵医生腹部的伤口，温热的血液从我的指缝间冒了出来。赵医生，赵医生，我呼唤了两声。赵医生虽然睁着眼睛，却无法回应。 我体会过失血过多的痛苦，知道他现在必须得到抢救。我慌忙抱起赵医生，向着门外冲去。来人，快来人！一个路过的护士看到了浑身鲜血的赵医生，他先是尖叫一声，然后立马冷静下来，跑去喊人。很快，好几个护士医生推着带着轮子的病床向我和赵医生冲了过来。等我回过神，人已经在急救室的门外了。林小璐在病房没等到我，一路询问着找了过来。她递给我一张湿巾。 指了指我手上的血迹，擦一擦吧。我恍惚着问林小璐：“赵医生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有人杀他呢？”林小璐摇了摇头：“我也不清楚，行凶者已经被警察带走了。”我在护士的催促下回到了病房。王大叔得知这个消息后，精神萎靡了一天，不停地骂着：“行凶者是个畜生。”骂完之后，他眼睛通红，喃喃自语道：“赵医生可千万不要出事啊！我还没有给他送锦旗呢。”当天夜里。 我问来给我换药的小护士：“赵医生怎么样了？”小护士红着眼睛告诉我：“赵医生伤得很重，虽然做了手术，但状况并不好，目前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能不能挺过这一关，谁也没有信心。”第二天，卢新一来看我，我知道他跟警局关系不错，让他帮忙问一问审讯结果。卢新一把电话打给了张警官，挂掉电话后，他说：“张警官一会儿过来。”一个小时后，穿着便装的张警官来到了病房，他把果篮放在床头柜上，用抱歉的语气对我说。 最近警局太忙了，才抽出时间来看望你，别怪啊。我说张警官太客气了，张警官摆了摆手，咱也算是熟人了，以后别警官警官的喊了，太生分，直接喊我的名字就行，咱俩算是本家。我叫张峰。我问张峰，袭击赵医生的人审了吗？张峰点了点头，已经审了，犯人行凶是因为医患矛盾。医患矛盾？我有点不太相信。据我所知，赵医生对每个病人都尽职尽责，人人都夸他好。 怎么会有如此激烈的医患矛盾？张峰叹了口气，就是因为赵医生太尽责、太良心，才有了这一难。我听得一头雾水，张峰这话实在是矛盾，尽责和良心怎么会引来灾难呢？张峰坐在我的床边，开始讲述：行凶者是一个绝症患者，之前在赵医生这里诊治，他来看病时就已经是晚期了。赵医生知道病人的情况已是无力回天，于是找到了病人的儿子。张峰停顿了一下，接着往下讲。 赵医生告诉患者的儿子，他父亲的情况已经是病入膏肓，最多还能坚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如果坚持治疗，最乐观的情况能多活半个月，但要花很多很多的钱，而且患者自己也会受很大的罪。如果采取保守治疗，尽可能的增加患者生活质量，或许能让他不那么痛苦的离开人世。当然，该做怎样的选择，要由患者的亲人来首决定。我知道这肯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谁不想尽可能的延长自己父母的生命呢？ 有些人明知道保守治疗减轻患者痛苦是一种对的选择，可真的要选择放弃，又说不出口，甚至有可能会被人指指点点，说自己不孝。卢新一让张峰接着往下说。犯人的儿子选择了保守治疗，他们一家人瞒着犯人，偷偷的给他打止疼药。止疼药虽然让犯人好受了那么一些，但犯人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于是趁着家人不在的时候，自己跑去另外一家医院做了检查。他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开始疯狂求医。 可不管是哪一家的医生，都说他这个病已经是无力回天，让他回家等着，想吃点啥就吃点啥。犯人不死心，在网上搜索找到了一家号称能治愈绝症的医院，他去了那家医院进行治疗，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把他的家底儿都掏光了。可这些治疗只增加了痛苦，并没有让他的病情有所改善。最后，那家医院的医生建议他进行一种名为免疫疗法的新型治疗方式。听到“免疫疗法”这几个字，我心中咯噔一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东西…… 好像是骗人的。我之前看新闻的时候，曾经发现一个社会热点：一个姓魏的青年得了绝症之后，为了活命，他在网上不停寻找医术高超的医生和实力强大的医院。最终，他找到了一家号称能进行最新免疫疗法的医院，花光了积蓄，然后含恨而死。他临死之前才幡然醒悟，自己被不正规的医院和搜索引擎联手给骗了。这件事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反响，国家出手禁止用不成熟的免疫疗法进行临床治疗。 只允许有资质的医学机构进行研究。张峰叹了口气，犯人为了活命，把自家的房子都卖了，进行了三期所谓的免疫治疗，但是越治身体越糟糕。医院里的医生告诉他，这是因为他来的太晚了，如果当初一患病就来找自己，肯定能治好。于是犯人就记恨上了赵医生，他觉得赵医生当初没有把实情告诉自己，害了自己。我们已经查清楚了，给犯人治病的这家医院根本没有治疗他所患绝症的资质。 可当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犯人时，他压根儿不信，还说我们警察骗人。张峰是讲完了，满脸的愤怒，愤怒地骂了一句：“这些昧着良心赚钱的畜生，不光害了病人，还害了那些真正为病人着想的医生。”两天后，我的主治大夫回来了，他查看我的伤口后说：“恢复的不错，如果现在想出院也不是不行，但是要记得按时回来换药。”我问他赵医生的情况怎么样了？这两天问护士，护士都是三缄其口，不肯回答。大夫叹了口气。 没有多说什么，但从他难过的表情不难看出，赵医生恐怕快要不行了。下床活动身体时，想起两天前赵医生还在和我们这些病患下棋聊天，我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悲伤。我走着走着，不自觉间就走到了重症监护室的门口。重症监护室的门外有许多病人家属，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泪痕。人人都说重症监护室是距离鬼门关最近的地方，光是待在门口，我就有一种深深的压抑感。我有些受不了这里的气氛。 准备扭头往回走，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眼睛有些发烫，我眨了眨眼，眼前忽然多出了许多身影，几十个穿着病服的人在重症监护室门口徘徊，他们踱着步子，目光时不时的看向重症监护室的大门。这些病号身体呈半透明状，身上散发着阴气，他们不是人，是鬼。我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么多鬼？我还发现每只鬼的手中都拿着一张纸，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红字。我仔细一看，自己是用鲜血写的。 一群拿着血书的鬼，这是什么情况？我没有拿昆吾刀，不敢轻易去接近这些鬼，急忙回到病房，将自己看到的情景告诉了林小璐。林小璐听后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说了四个字：“百鬼请愿。”我追问这是怎么回事，林小璐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相传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个为民请愿的清官，名为徐有功。他严格守法，犯言直谏，平反成百上千的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 他帮着劳苦百姓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但因此也得罪了许多权贵。有权贵想要除掉徐有功，随便找了个事由把他关进了天牢。因为找不到徐有功犯罪的证据，权贵买通了狱卒，偷偷地给徐有功的饭菜里下了毒。徐有功中毒后奄奄一息，眼见要一命呜呼。然而就在这时，有上百只鬼手拿血书拦下了武则天的马车。这百只鬼都是徐有功所救之人的过世亲属。 他们声泪俱下的在武则天面前讲述徐有功的冤屈，使武则天大为震动，当即派神探狄仁杰亲自调查此事。徐有功及时得到了医治，活了下来。讲完这个故事后，林小璐感慨道：“死人帮活人请愿，是拿自己的阴德换取活人的阳寿。”赵医生真的是个好人呀。他看了看时间，对我说：“等天黑了，我跟你在一起去看一看。”入夜后，我和林小璐再次来到了重病监护室的门口，病人的亲属们都已经离开了。 请愿的白鬼却仍旧寸步不离。一个头发花白的老鬼看到了我们，走了过来。他问林小璐：“你是林老板的闺女吧？”林小璐好奇的问他：“大爷，您认识我？”大爷笑呵呵的说道：“十五年前我曾经去茶馆求林老板办事，当时你还很小，没想到一转眼已经成大姑娘了。不管活人死人，只要有熟人，啥事都好办。”林小璐问大爷：“白鬼请愿。” 这是谁出的主意？大爷指了指自己：“我的主意，我死前跟你们是同乡。”我听明白了，大爷生前也是一个阴人，怪不得会这些常人所不知道的秘术。大爷叹了口气：“赵医生是个好人啊，我们这些鬼生前都受过他的恩惠，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样死了啊？”我问大爷：“这样做能延长赵医生多长时间的寿命？”大爷告诉我：“他们这些鬼的阴德最多能让赵医生再多坚持五天的时间。如果五天后赵医生的病情还不好转。” 那就真的是无力回天了。林小璐问：“你们把阴德都给了赵医生，自己怎么办？”大爷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等过了奈何桥，喝了孟婆汤，前尘往事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下一辈子投胎转世成什么样，管他呢。”大爷盯着我看：“这小子不会是你父亲的徒吧？”我急忙自我介绍：“我是第二十二代殷商张贤。”大爷眼睛一亮，笑着问我：“要不要跟我做一笔？” 我问大爷要做什么生意，大爷指了指重症监护室：“你把赵医生救活，我们这些鬼让你亲自送到城隍庙。救活赵医生我能理解，让我把他们送到城隍庙是什么意思？”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林小璐做主替我答应了。好，就这么定了。林小璐拉着我离开，回病房的路上，她对我解释：“超度游魂野鬼可以积阴德，不少阴人一辈子都超度不了一百只鬼。答应下来，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可我们怎么就赵医生呢？我又不懂医术，没有回天之力啊！找能救他的人。林小璐先送我回到病房休息，然后他去了茶馆一趟，带回来一样东西，是一个本子。这本子是拜师时师傅给我的，上面记录的是师傅的人脉。林小璐掀开本子，指着一个名字对我说：“打电话给这个人。”我仔细一看，是一个叫王木的人。师傅特意在他的名字后面做了备注：“鬼医。”我问林小璐：“这个叫王木的人？” 能救赵医生吗？林小璐说：“他也不知道。不过连鬼医都救不了的人，神仙出手也难活。”我拨打了王木的电话，电话接通后，我先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询问王木能不能麻烦他来安德一趟。知道我是林玄的徒弟，王木很痛快的就答应了下来。两天后，我见到了鬼医王木。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穿着一身黑色的大褂，手里提着一个檀木药箱。我正想上前迎接。 却见到我的主治大夫，还有医院的院长抢先一步，热情的迎了上去。王教授，您能大驾光临，真是让我们医院蓬荜生辉啊！我看得目瞪口呆。林小璐告诉我，王木除了诡异这个身份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华夏最年轻的医学教授，以及古典医学最有名的传承人。王木跟医院领导打完招呼后，来到了我面前。又见面了，我想起来了，举办拜师宴，王木也来了。我向王木问了好，毕竟是英行前辈，不能丢了礼数。 客套两句后，王木告诉我，赵医生的情况，医院领导已经跟简单介绍了，他现在就要去帮赵医生做手术。两个小时后，赵医生被推进了手术室，我与白鬼围在手术室前等候结果。整场手术只有王木一个医生，甚至连护士都没有，这肯定不符合医院规定，但王木名气在外，医院领导就默许了。林小璐告诉我，王木之所以被称为鬼医，是因为他养了许多懂医术的鬼。 这些鬼随便一个都是生前所处朝代名头响亮的神医，能请到王木看病，相当于请到一个专家团队。五个小时后，王木一脸疲惫的把赵医生推了出来，在门外等候多时的医生和护士立马接过了手。医院领导紧张的问道：“王教授，赵医生他怎么样？”王木严肃的说道：“手术很成功，但患者的身体情况比较差，大概会有二十天左右的危险期，只要能熬过去就没事了。”医院领导松了口气。 叮嘱跟随的医生一定要好好照顾赵医生。院长，没其他事情的话，我跟朋友说两句话。好，王教授辛苦了。等您休息好了，我请你到家里坐坐，一起吃个饭。送走了医院领导，王木来到我面前。林小璐呢？小璐姐去上厕所了，一会儿就回来。王木点了点头，指了指我身后的白鬼。别让这些鬼继续消耗阴德了。堂堂阴商，总该有能给人续命的手段吧？有的。之前我之所以无法救赵医生。 是因为他身体有恙，如今诡异王木解决了赵医生身体的疾病，我自然有手段延续他的生命，帮他度过危险期。王木上下打量着我，我被他盯得发毛，下意识的问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王木正想开口，林小璐回来了，他兴奋的对我说：“刚刚我听人说赵医生就回来了。”王木打趣道：“放眼整个天下，除了你，我就不回来，其他人但凡还有一口气，就算阎王亲自来也抢不走。”这话听着怪怪的。 王木看我一脸迷茫，指着林小璐对我说：“她也是我的病人，你不知道吗？”我立马反应了过来。王木是华夏最好的医生，师傅怎可能不带林小璐找他看病？王木感叹道：“我本来号称天下没有我治不了的病，可自从认识这丫头，吹下的牛皮就破了。”他问林小璐：“药吃完了吗？”我这才知道，师傅给林小璐带回来的药是王木做的，能撑到老爹回来。王木点了点头。 露出疲惫之色，我该去休息了。我问他该给多少钱，王木摆了摆手，诊费医院会结，你们就不用给了。林小璐拉着我手，兴奋的说：“医院后面的揭开了一家新的餐厅，咱去看看。”王木看了一眼林小璐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把关系处的这么好，小心以后下不去手。”王木走了。我问林小璐，他最后这句话啥意思？什么叫不好意思下手？林小璐表情变了变。 然后轻咬了一下嘴唇，拉着我往外走。谁知道他在说什么？吃饭去。填饱肚子后，我和林小璐一起回了茶馆，从地下室当中取出了一件鹦物。这件鹦物的外形看起来像是一个碗，但并不是吃饭的器皿，而是一盏灯。它叫长明灯，又叫长命灯。古时候人们过除夕时，家家户户都会点上一盏；而在一些帝王的墓葬中，也会放置长明灯，希望地宫可以像生前的宫殿一样灯火辉煌。 我手中的这盏长明灯大有来历。按照《殷商笔记》中的记载，此灯原是诸葛亮在五丈原向天借命时所用的七盏长明灯之一。此灯一旦点燃，就可以向天借命，理论上灯不灭，人不死。不过想点燃这盏灯，普通的油可不行，需要用魂油，用魂魄炼制而成。我把长明灯带到了医院，问正在请愿的白鬼，谁愿意拿出一点魂魄来炼制成灯油？献出一点魂魄比耗损阴德要划算得多。 百鬼们谁都没有推辞，纷纷献出自己的魂魄。很快，长明灯中就有了三分之二的灯油。百鬼怕这些灯油不够，问我需不需要再献出一些来。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忽然有一只鬼大声喊道：“拿这家伙炼油！”说完，他提着一只鬼走到了我的面前。我定眼一看，这不是袭击赵医生的那个人吗？生前是阴人的大爷笑呵呵的对我说：“这家伙大献到了，一咽气就被我捉了过来，还想偷着跑。” 门儿都没有。见我迟迟没有动手，大爷道：“是不是不忍心？不为难你，伙计们，我们自己动手。”话音刚落，百鬼皆是面露狰狞之色，扑向了差点杀死赵医生的凶手。几声惨叫后，凶手的魂魄被撕得粉碎，全部炼化成了灯油。看到这一幕，我心中生出一个感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长明灯装满了灯油，我用打火机将其点燃。 这盏灯我会放在茶馆里保存，避免发生意外熄灭。二十天后，赵医生脱离了危险期，醒了过来。我得到消息后，赶往医院看望赵医生。虽然虚弱，但仍旧十分健谈。他还关心的问我伤口恢复的怎么样了。再过一段时间，赵医生康复了，他再一次回到了工作岗位。赵医生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名气大增，来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他办公室的三面墙挂满了锦旗。 这是病人对他的尊重与感谢，也是他最骄傲的的荣誉。几年后，我又一次碰到过赵医生，我问他遇袭受伤后心里有没有发生变化。赵医生笑着对我说：“医者父母心，他就当是被调皮的孩子打了一下，这世上哪有父母记仇孩子的道理。”